第七十一章健身技能三阶，魏毅没有去解释自己刚刚那句话真正的意思，不然会更加尴尬。毕竟这是个美丽的误会，而且这深秋寒凉，抱在一起很温暖，很舒服。如果每天睡觉时也能抱着这么个温香软玉，那感觉一定非常不错。魏毅越想越深入，但美梦却被橘猫给打断了。小家伙被夹的受不了了，直接从两人身体之间挤了出去。 跳到了一旁的地面上，一脸不满的看着魏毅，喵喵叫着。孟水莲也回过神来，有些尴尬的放开魏毅，然后又说了一声谢谢，便低着头跑进了酒房的账房。魏毅笑了笑，目光不禁瞥见了门口站着的郭皮修，这货眼睛里写满了八卦，嘴角笑的那个猥琐。但见魏毅看过来，他立刻一拍脑门，说道：“哎呀，我刚想起来，有点东西落在家里了。”说着。 便立刻带着说学逗唱转身就走，魏毅不以为意，暗自笑了笑，抱起橘猫走进了酒窖。他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更换兰陵酒坛子里的酒水，如今三天期限已到，可以更换新的酒水了。最近兰生酒在郭家的青楼里收获了非常好的口碑，销量节节攀升。妙音坊那边也已经开始售卖兰生酒了，甚至另一家名为洪秀昭的青楼。 也准备售卖兰生酒，魏毅相信用不了多久，兰生酒就会彻底风靡全城。当然，兰生酒的作用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等到他们酒楼开业，兰陵美酒上市后，定然会一炮而红，征服所有喜欢喝酒之人。从酒房回到家后，魏毅便开始锻造五珠宝剑。刘家被灭门的案子被官府定性为了凶杀案，但毕竟这次死的并非官员。 所以也没有再采取宵禁管制，只是稍稍增加了夜间的巡防力度而已。要知道，宵禁会影响到青楼勾栏的生意，而这背后牵扯的利益团体并不简单，所以非必要情况下，自然不会进行宵禁管理。而刘家的家产尽数充公，一些还在经营的商铺也陆续被官府进行转让出售，城中富商们纷纷购买，但最终能买到的也都是有些背景和人脉的。 毕竟官府定价很低，而刘家的那些商铺有着稳定客源，地段也好，只要不是胡乱经营，买来基本就是稳赚不赔。魏毅和郭貔貅也一同买下了刘家的两家酒肆和一家布庄。毕竟他们二人目前的财力还有限，无法完全吃下刘家的商铺。但魏毅也不贪，而且他精力也有限，莫必要搞那么多产业。布庄纯属是给神神买下的。 神神以前说过，自己最想开的商铺就是布庄。至于酒肆，那本就是他们原本计划的一部分。如今兰生酒的产量已经上来了，借着郭家的青楼以及妙音坊和洪秀招，已经在文人墨客和达官显贵之中收获了不小的名气。如今再借着这两家酒肆，可以让兰生酒覆盖到更多的人群。毕竟普通百姓和江湖人士对于这些酒水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 这天，魏家终于迎来了乔迁之日，但魏家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搞乔迁仪式，摆宴席庆祝，因为魏毅嫌麻烦。原本搬家是为了让自己更舒适，如果非要搞一堆繁琐的乔迁仪式，摆什么酒席，招待什么客人，不但浪费时间，还麻烦，有悖初衷。一辆辆马车将行李运到了新家，十几个家丁在魏薛氏的指挥下开始搬行李。 经过了新家具装点的房间焕然一新，魏毅的房间很大，光线充足，旁边还有独立的书房和练功房。家丁们将魏毅的行李搬进了房间，并将其打开，然后婢女们开始将里面的东西取出，陆续摆放好。如今搬到了这大宅子里，魏毅也雇了不少下人，毕竟如今魏家也算大户人家了，雇一些下人能够很好的提升全家人幸福感和生活品质。 比如以后每天洗热水澡也不用再麻烦妹妹，或者是辛苦自己了。有这些下人负责，自己可以节省不少力气和时间。如今酒楼的装修也快完成了，孟水莲那边也联系好了之前香满楼的大厨和伙计们，准备让他们重新回来工作。但是要想正式开业经营酒楼，还是要获得行会的准许，加入行会才行的。所以最近都是郭皮修在跑这件事。 魏毅先让婢女们将自己的书案和笔墨纸砚等物品最先摆放好，然后便开始干书写技能，其他的物品则是全部交给下人们去收拾。橘猫刚来到这新环境，显得有些拘谨，虽然很好奇这处新领地，四处张望，但却莫敢去探索，一直缩在魏毅脚边。驯兽技能几天前就已经成功的晋升到一阶了，魏毅也获得了一个名为“言听计从”的驯兽技能。 有了这个技能，他可以轻松地驯服兽类，让他们清楚地理解和听从自己的命令。当然，魏毅也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按照他的推测，这驯兽技能干到后面，肯定有某种御兽类的神通。由于五珠宝剑的需求量没那么大，所以这段时间里，魏毅锻造宝剑的时间大幅减少，几乎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干健身技能和书写技能。 如今，书写技能已经只差百分之十九就能再次进阶了，而健身技能也在昨日便晋升到了三阶。这次升级，魏毅的身体发生了惊人的蜕变，获得了阳刚之体，属于至阳至刚的体质，体内充斥着阳刚之气，如熊熊烈火，又如皓日，可抵御风寒，震慑邪祟。寻常小鬼儿看到后都会避而远之。除此之外。 魏毅还获得了三鼎之力，这几乎与入品武者的力量不相上下了。虽然没有血气，但是单凭肌肉的力量便已经有了入品武者的力量了，这就很变态了。也就是说，当武者血气不足的状态下，自己的力量绝对完全碾压对手。而且，虽然肌肉力量变得非常强大，但他身体的肌肉线条依旧匀称协调，没有那种肌肉虬结之感。 也不似那些局部肌肉，仿佛石头一样，一块一块的粗犷之感。不过他全身上下每一块肌肉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甚至每一个肌细胞都能完美的调动，最大限度的发挥出身体的力量。第七十二章：世子有良策。万家府邸，爹，您真的允许香满楼重新加入行会了？万子和悻悻的说道：“不然呢？等着人家裘里大人过来找我谈话吗？” 万银昌一边写着毛笔字，一边云淡风轻的说道：“可是爹，如果香满楼重新开业，那我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以后我万家在这酒楼行会里哪还有威信可言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但一个郭家就已经不好对付了，如今那魏毅更是扶摇直上，成为了五品铸剑师，又跟李家搭上关系。我们现在也招惹不起，更何况新来的知县还是个油盐不进的人。我们现在没有了知县这个大靠山。” 更不能轻举妄动了、啊，只能暂时隐忍一段时间。哎，孩儿也知道，只是，只是看不惯他们得意的样子。万子和一脸的郁闷，你这个性子就不能改一改？如此沉不住气，怎能成得了大气？他们酒楼就算开业了，又能怎样？能确保平安无事吗？出了事，还不是一样要关门？而且不是还有世子那边的人吗？急什么？我们斗不过郭家和魏家。 赵家人还斗不过他们这些平头百姓吗？万银昌沉声说道，手里的毛笔也写下了“运筹帷幄”四个大字。孩儿明白了。万子和点了点头，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意。但就在这时，一名下人走了过来，躬身作揖，说道：“公子，世子派人过来，请你到府上一叙。”知道了。万子和眼珠子转了转，看到了吧？有人比我们先坐不住了。去吧。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万银昌笑着说道，然后拿起毛笔又写了四个字“运筹帷幄”。万子和乘坐马车来到了赵汉卿的府邸，此时赵汉卿正在厅堂里品茶，香炉青烟袅袅，散发着沁人心魄的香味。世子<的>，万子和走进厅堂后躬身作揖，“嗯，随便坐。”赵汉卿说道，但一旁的侍女。 却并没有主动上前给万子和斟茶。什么时候搞到的兰生酒方子，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就算我不参与经营，但兰生酒上市了，至少也给我送来一坛尝尝鲜，总不能让我自己去青楼去喝吧？赵汉清喝了一口茶，面无表情地说道。听到赵汉清的话，万子和立刻站起身来，躬身作揖：“实在抱歉，世子，这兰生酒并不是我们酒坊酿造的。” 赵汉清依旧面无表情的喝着茶，他自然知道这不是万家酒坊酿造的，刚刚只是故意那么说而已。孟家当初撒了谎，说酿酒方子丢了，其实根本没有丢。那孟水莲竟然联合郭皮修和魏毅开了一家酒坊，这兰生酒就是他们酒坊酿造的。万子和又说道：“关于他们万家对孟家做的那些龌龊事，他自然不好意思，也没办法跟赵汉清说。” 魏毅，那位五品铸剑师，赵汉清略有些惊讶。他虽然听说了孟加兰生酒又出现了，但还真不知道这背后还有郭皮修和魏毅。没错，就是他。我也没想到他们几个会合作。万子和又说道。赵汉清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脸上依旧看不出喜怒。赵汉清虽然是庶子，无缘四位，武道修炼不行，领兵打仗也不擅长。 根本无望加官封爵，但他很清楚自己该依靠什么来谋求未来。商业虽然没有爵位在身，但赵家子弟的身份让他可以在商贾之间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这也是他经常跟城中富商豪绅子弟厮混在一起的原因。如今这城中的酒行和酒楼，还有一些典当行、珠宝行，都有他的商贾在里面，尤其是酒行。 算是他最赚钱的行业了，每年他从万家酒行分红的钱就有一万多两银子。如今他依靠这些商股赚来的钱，让他过得极为滋润，甚至比其他几个兄弟还要有钱。虽然这种事不能完全放在台面上炫耀，会有损靖安王的名声，但赵家人其实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他也算是自力更生，而且家族那些女眷和老人也莫少收受赵汉卿的财物。 那郭貔貅也是个榆木脑袋，当初他们酒坊刚开业的时候，我就旁敲侧击的提醒过他，但他依旧执迷不悟，非要开酒坊抢我们的生意。世子也知道，郭家势力也不小，还有那魏乙，乃是五品铸剑师，我万家也得罪不起，所以这件事让我也是颇为愁苦。不知世子可有良策？总不能放任他们继续抢夺我们的市场啊！万子和抱拳说道：“嗯。” 我知道了，这件事我自会想办法。”赵汉清声音平淡的说道。“哦，好。”万子和有些不明白，赵汉清为何听到这件事后一点生气的表情都没有，这沉着冷静的让他有些意外。但他觉得，既然赵汉清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就肯定不会放任不管，毕竟这也是牵扯到他的利益。或许他心中早有对策，所以才会这般云淡风轻。 嗯，一定是这样的。总之，只要他愿意出手，兰生酒肯定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万子河离开不久后，赵汉清又叫来了一名下人，说道：“去请郭皮修过来，告诉他，我想尝一尝兰生酒。”魏家，魏毅将自己刚刚写完的小说装订成册，摆放到了自己的书架上，然后又拿来一张条幅状的宣纸，平铺在书案上，两头用镇尺压好。 他准备多写一些关于美酒佳肴的诗词，然后裱起来挂在酒楼里当做装饰，也当做广告文案。如今自己的书法绝对称得上是大家之作了，再配上那些名家诗作，相得益彰，挂在酒楼里绝对逼格拉满。当然，除了书法外，他也准备配合一些优美的诗词意境去创作一些画作，到时候凭借着这些诗词字画。 竟然可以吸引来无数文人墨客，也能成为酒楼的一大亮点，成为口口相传的谈资。毕竟如今这青州城文风盛行，附庸高雅之人也非常多。到时候这些诗词便可以借助文人之口传播出去，形成最好的广告效应。他要让这香满楼成为青州城独树一帜的存在，甚至成为大燕王朝文人墨客旅游打卡的景点。为义正挥毫泼墨之际。 魏晴抱着一只橘猫从门口走了进来，哥，这橘猫刚刚跑到外面去了，我给抱回。魏晴的话还没说完就愣住了，就见魏毅脚边正趴着一只橘猫，不禁一脸诧异的看了看自己怀里的橘猫，突然有些凌乱了。第七十三章朝堂局势，魏毅也诧异的看向魏晴怀里抱着的橘猫，然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脚边趴着的橘猫，一时间也有些愣住了。那橘猫从体型和外貌看上去。 跟自己家的橘猫还真是傻傻分不清，如果不是仔细看的话，真的会以为是同一只猫。这这橘猫在家，啊？魏青有些哭笑不得。你这从哪捡回来的？魏毅也有些惊讶。我刚刚出去了一趟，回来时就在我们家门口遇到的。我还以为是我们家的橘猫跑出去了呢。魏青解释道，不禁又看了看怀里那乖巧的大橘猫。我说它今天怎么这么听话，竟然主动过来让我抱。 原来不是同一只啊！别说，他们长的还真像，不会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吧？魏毅仔细看了看魏晴怀里的橘猫，笑着说道：“不过说来也怪，我刚刚出去一趟，在路上看到了不止一只橘猫，这城里什么时候多出了这么多橘猫啊？”魏晴有些不解的说道：“莫非青州城流行养橘猫了？”魏毅也有些哭笑不得，该不会是自己的气运光环捅了橘猫窝了吧？ 难道自己拥有的第一支私人武装就是猫咪军团吗？那这只怎么办啊？不如也收养了吧。魏晴看着怀里的橘猫说道：“可以啊，既然都抱回来了，那就养吧。刚好他愿意跟你，以后你就负责照顾他吧。”魏毅笑着说道：“嗯，好。”魏晴笑逐颜开，然后抱着橘猫跑了出去。但魏毅不禁又思索了一下魏晴刚刚的话，这突然出现这么多橘猫。 肯定不正常，不过他也想不明白，便不再多想，收回心思，继续挥毫泼墨。与此同时，正在酒楼里监工的郭皮修也收到了府上管家捎来的消息：世子想喝兰生酒。郭皮修有些惊讶，因为他所知道的赵汉卿并不好酒，但立刻想明白了，不禁一拍脑门：看我忙的，这兰生酒竟然都忘了给世子送去一些尝尝了。世子这是挑理了呀！ 说学斗唱，备马车去世子府。郭皮修说道。郭皮修没有去酿酒坊拿酒，毕竟那里位置比较偏，特意绕过去浪费时间。而他们新盘下的两家酒肆里也有兰生酒，还刚好顺路，所以郭皮修去了酒肆，在那里拿了几坛子酒。刚好也碰到了杜少陵，也从酒肆买了两坛子酒离开。郭皮修去了世子府，而杜少陵则是乘坐马车去了县衙。 来到世子府后，郭貔修先是委婉的致歉，解释自己先前为何没有给世子送兰生酒过来，然后又一番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但说到一半就被赵汉卿打断了：“不必紧张，我并没有怪你的意思。我的确不怎么喜欢饮酒，只是听说兰生酒又上市了，而且还是你开的酒坊，便托人让你送来一些。刚好今晚我要回王府看望祖父，他老人家特别喜欢美酒，想着。” 正好给他带一些过去尝尝，赵汉清笑着说道：“原来是要送给老王爷啊，荣幸之至。如果老王爷喜欢，以后尽管跟我说，要多少有多少。”郭皮修笑着说道。赵汉清笑了笑，旋即说道：“对了，留下来一起用膳吧，刚好跟我聊聊你们酒坊的事情。”县衙后宅东花厅内，杜少陵与苏哲二人正在同桌喝酒，桌子上的菜肴很简单。 都是家常菜而已，没想到青州城也有如此美酒，好喝，当真是如饮甘露，余韵悠长啊！苏哲一脸满足的说道。自从苏哲来到这青州城，杜少林三天两头就会过来一趟，一起喝酒畅聊，排解各自心中的抑郁，抒发一下对当下朝堂的担忧和不满，也算难兄难弟的苦中作乐。是啊，这等酒中佳品。 我以前也只有在京城时喝过，莫想到如今在青州城也能喝到，实在是人生幸事啊！杜少林看着杯中酒，笑容满面地说道：“杜兄，我再敬您一杯。”苏辙与杜少林又各自饮了一小盅，然后从美酒聊到了诗词，最后提到了杜少林上次送给他的那幅字。那幅字上虽然只写了两句诗，但却气势磅礴，豪情万丈，让苏辙大为触动，深受鼓舞。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杜兄的诗才果然令我惊艳，令我佩服。这两句诗也让我备受鼓舞啊！苏哲神情激动的说道：“老夫实在惭愧，那两句诗并非我所作，我也只是借花献佛罢了。希望也能给你带来一些鼓舞。”杜少林惭愧的说道：“哦，竟然不是杜兄所作，那是何人？”苏哲有些诧异。很可惜。 我至今也不知是何人所作。杜少林讲起了关于那些诗词的来历，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心灵之音，灵魂之诗。杜少林一脸认真的说着：“如此佳作怎会埋没于市井啊？可惜可叹。”哎，苏哲不禁又想起自己和杜少林，想起了如今的朝堂。陛下沉迷修仙，问道：“降天人教奉为国教，更是对天人教的人予以重任。” 如今朝堂之中，半数以上的官员都是天人教之人，剩下的也大多都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人。天人教那群妖人祸乱朝纲，把整个朝堂搞得乌烟瘴气。奈何陛下充耳不闻，任由天人教打压贤才、排除异己。如自己这般刚正不阿、不会趋炎附势，更不愿与奸人为伍者，就只能落得被贬官的下场。如此下去。 这大言王朝的朝堂，怕是要变成天人教的庙堂了。老爷，老爷，绿娥的声音将苏哲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老爷，小姐还是不肯吃饭。绿娥站在门口，一脸担忧的说道：“不吃就饿着，整天无理取闹。”苏哲没好气的说道：“想想自己这个任性妄为的女儿，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自从他来到这青州城卫官。” 便有不少商贾豪绅想要巴结他，送礼送财都被他拒之门外。结果莫想到，苏灵运张贴的寻猫告示，便又把这群苍蝇给吸引了过来。原本张贴寻猫告示倒也没什么，奈何上面写的地址是县衙，名字是苏灵运，这有心之人立刻就知道是他女儿的猫丢了。如此绝佳的献媚讨好的机会，那些人怎么会放过？于是这段时间。 每天有十几二十只的猫被送到县衙，差点没把苏哲给气晕过去，只能把那些人臭骂一毒，全都赶走了，然后又把苏灵运斥责了一毒，并命人将所有寻猫的告示全部清除。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打着送猫的旗号过来巴结，让他烦不胜烦。第七十四章：酒楼开业。时间一天天过去，酒楼的装修终于完成了。 孟水莲也从酒房那边抽身过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酒楼的筹备工作中。毕竟经营酒楼，他最有经验。而魏毅则是全力负责菜品部分以及对厨子们的培训工作。他陆续制作了许多酱料，然后教那些厨子如何使用这些酱料，并让他们逐一试菜，反复练习，直到味道让他满意为止。经过魏毅的调教和培训，这些厨子们的手艺全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也完全掌握了那些酱料的使用方法，酒楼的新菜单也终于制定完成，各种菜式共计六十六道，所以这段时间可把胃点忙坏了，甚至不得不减少干书写技能和健身技能的时间，但是也让烹饪技能的进度提升了一大截，如今距离升级也只差最后三分之一的进度了，时间是没有被浪费的，只不过是此消彼长罢了。 酒楼的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门前也搭起了彩楼欢门，其上张灯结彩，极为漂亮。来往行人都会好奇打量，但牌匾之上盖着红布，所以他们也不清楚这里具体要开什么店铺，心中好奇不已。不过城中商贾们自然都清楚，那是香满楼即将重新开业，因为他们基本都收到了香满楼开业的请帖，除了万家。这天清晨。 一场小雪降临到了青州城，但雪花落地没多久便化掉了，地面湿漉漉的。酒楼后方的宅院内，魏毅和魏晴正在给一大群猫喂食，一眼望去，差不多有三四十只猫，而且大部分都是橘猫，那场面相当壮观。不过这些猫都被魏毅驯服的非常听话，一个个井然有序，完全不会互相打架争抢。自从魏晴那日捡回来一只橘猫后， 魏毅就惊喜地发现自己同时喂食两只猫，陪两只猫互动玩耍时，熟练度的增长的确翻了一倍。驯兽技能的熟练度增长跟驯养的动物数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同时饲养的动物越多，熟练度提升得越快。后来魏毅也发现，城中似乎真的突然出现了非常多的流浪猫，那些猫完全不像是生活在外的野猫，性情都很温顺，所以。 魏毅便陆续开始收养那些猫，毕竟如今天气越来越冷，看着那些小家伙在外饥寒交迫，魏毅实在于心不忍。更何况收养他们还能帮自己快速提升熟练度，一举两得。而魏晴也有样学样，每次出门回来也会捡回来一两只猫，所以如今这家里才有了如此壮观的景象。魏毅没想到自己建立的第一个势力，竟然是喵星人军团。 不过，在这群猫咪的助力下，魏毅在这段时间驯兽技能陆续升了两级，如今已经达到了三阶驯兽技能。第一次升级后，他的驯兽技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甚至可以通过动物的行为神态判断出他们的情绪和大致的意图。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一个亲和动物的特殊体质，让他拥有对兽类非常强大的亲和力，动物们会愿意接近他，信任他。 而第二次升级后，魏毅更是获得了一个名为“御兽操控”的神通，这神通可以某种类似精神操控的方法去控制这些动物的行为，继而操纵他们。魏毅也莫想到，这驯兽技能单到第三阶就出现了神通，还真是后来者居上啊！冷风吹的人遍体生寒，但如今有着阳刚之体的魏毅却完全不惧风寒，即使穿的单薄一点，也丝毫不会觉得冷。 感觉体内就仿佛燃烧着一团小火炉似的。酒楼的开业就定在了明日，请帖也早已经全部发出去了。店里的伙计们还在做最后的准备。孟水莲一大早过来，就开始仔细的检查各个细枝末节的事情，并跟所有伙计们反复确认了明日开业的各个流程。不久后，郭貔修也过来了，又从酒坊运来了一批兰生酒和兰陵美酒。 这酒楼共有三层，但目前只开放两层。一楼是大桌，二楼是雅间。整个酒楼的墙壁上多以字画装饰，这些字画自然都是出自魏一之手。而且魏一为了让诗词适应这个世界，特意将诗词里的一些地名和典故进行了本土化的修改。好在大燕王朝的许多地名与前世地名有些类似，甚至在一些典故和传说上。 也有非常多的共同点，所以诗词修改起来倒也不难，甚至不会破坏掉原本的意境。在这些诗词中，自然也有那首“明月几时有”，而且郭皮修也看到了那首诗词，但他也没有多想，毕竟这首词那么火，魏毅有所耳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而且他文学素养有限，也不敢去跟魏毅探讨这些诗词，只是觉得这些诗词写的都非常好。 但至于是谁写的，他并不关心，也没有问过。更何况这段时间他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又经过一天的忙碌，酒楼开业前的准备终于是彻底完成了。这一晚，孟水莲激动的有些睡不着。郭皮修则是在青楼里继续宣传这香满楼明天要开业的消息。而位于这位酒楼背后真正的大东家却睡得非常的香甜。漫漫长夜过后。 终于迎来了阳光明媚清晨，也迎来了香满楼开业的日子。今天的阳光格外的灿烂，天空蔚蓝，万里无云，气温也比前几日高出了许多，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辰时一过，酒楼门口便是锣鼓喧天，舞狮杂耍，热闹非凡，也吸引了许多人的围观。伙计们在门口不停的宣传着酒楼今日开业大酬宾的消息，介绍着酒楼的特色菜和酒水。 我们酒楼的菜单囊括了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共计六十六道特色菜肴，味道正宗，口味丰富，欢迎品尝啊！来看看我们的酒水，兰生酒乃是酒中佳酿，好喝不贵。而且今天酒楼开业，还会推出一款新酒，名为兰陵美酒，味道比兰生酒还要香醇，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听到伙计们的吆喝，围观的人也都议论了起来。这孟家兰生酒，我以前喝过。 的确很不错，竟然又推出了新酒，一会可以尝一尝啊！兰陵美酒，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哎，真别说，这酒楼的菜品还真是很丰富啊！是啊，不少菜名我都没听说过，我等今日要有口福了。人群议论着，就在这时，郭皮修也走了过来，他举止优雅，神情端庄，宛若一位意气风发的书生。旋即，声情并茂的大声说道。 所谓“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说的就是我们酒楼的兰陵美酒。这两句诗是魏毅特意教给他的，让他用来宣传兰陵美酒。好诗啊！听着这两句诗，让我对这兰陵美酒倒是颇为期待啊。是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嗯，这两句诗便仿佛让我闻到了酒香，看到了那清如玉露的酒水。 人群中有文人雅士，神情激动的说道：“不知这两句诗是何人所作、啊？这诗是我们魏掌柜为兰陵美酒所作。各位感兴趣的话，稍后等我们酒楼开业了，一定记得品尝兰陵美酒啊。”郭皮修笑着说道：“按到这些文人还真是好眼力啊，既然知道这诗不是我写的。一定要品尝，冲着这两句诗，我等便要尝一尝这兰陵美酒。没错，没错。” 希望这酒也能如这两句诗一样的美。第七十五章高手在民间。万家酒楼西南角的雅间里，万银昌父子以及几个跟万家沆瀣一气的酒楼掌柜，正聚集在一起谈论着香满楼开业的事情。此时，那万银昌和万子和就站在窗口，目光冰冷的看着香满楼门前的热闹景象。从这个角度是可以很清楚看到香满楼的，还真是热闹啊。 万银昌阴沉着脸说道：“谁能想到这孟家竟然能死灰复燃？还真是小瞧了那孟水莲了。”潘楼的掌柜阴沉着脸说道：“要我怎么说？不要轻易得罪女人，尤其是美女。说不上人家什么时候就借助男人翻身了。”另一个矮胖中年人说道：“是啊，而且人家一下子搭上了两个男人，这谁比得了？”“哼，六十六道菜，我看他们就是吹吧。”这酒楼的菜肴。 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搞那么多有什么用？听说他们今天还要推出什么新酒，叫兰陵美酒。对，那魏毅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宣传那兰陵美酒。这魏毅不愧是书生出身哈、啊，卖个酒都能写首诗。要怎么说还得多读书呢？不就是诗吗？回头我们也请一位文人给我们的酒做一首诗。万掌柜，我们真的什么也不做吗？总要搞出点动静吧，不然行会的人。 真的以为我们怕了他们？是啊，这箱满楼把请帖都送到我们酒楼了，明摆着在挑衅啊！王楼、张记、吉祥楼那几个掌柜都去了。万掌柜，如果您再不拿出点态度，这酒楼行会的人怕是要重新择主而事了呀！几个酒楼的掌柜不满的说道。听到众人的话，万银昌的脸色更加阴沉。他自然也知道那几人说的都是事实。 自从自己同意香满楼重新加入行会，就已经让很多人看笑话了。自己在行会的威信也大受影响。现在已经有个别酒楼的掌柜不怎么将自己放在眼里了，甚至还想售卖兰生酒。就算有些人表面对自己客客气气，但其实也在观望，甚至包括在座的这几个掌柜。如果今天自己再不拿出点态度和动作，那就是宣告彻底投降。所谓商场如战场。 利益之争本就是你死我活，更何况那香满楼与他们万家本来就是死对头，彼此的恩怨不可调和。就算自己今天什么也不做，人家也不会感恩戴德，更不会对他心慈手软，只会觉得他怂了。虽然他现在的确有些忌惮魏毅的身份和人脉，更没办法一棒子将香满楼彻底打死，但这不代表他就要缴械投降，更不代表。 他真的怕了魏毅和郭家，所以自己今日必须要做些什么，不能任由他如此风光、如此顺利的开业，至少要证明自己态度，也证明自己在这青州城还有威望，不然以后就连在座的这几个掌柜也会考虑重新站队，那时候自己怕是就要彻底失势，再也遏制不住香满楼了。这么热闹的场景，我们当然不能错过，子和。 叫几个人过去凑凑热闹吧，万银昌冷声说道：“爹，真的没问题吗？那参将李大人很可能也会去香满楼道贺。”万子和忽然有点怂了，又不是去杀人放火，怕什么？酒客贪杯喝多了，彼此发生冲突，刀剑相向，吓跑了客人，这不是很正常吗？最多就是赔偿他们一点损失而已。”万银昌说道：“孩儿明白了，但是如今想要请动人去香满楼闹事。” 这酬劳怕是要翻好几倍啊！”万子和说道。“是啊，各位掌柜，这钱……”万银昌忽然看向在座众人，“我们出。”那潘楼的掌柜第一个举手说道：“没错，万掌柜出力，那这钱自然是我们几个出了。”其他几个掌柜也纷纷点头。香满楼门前的人越聚越多，现场可谓是热闹非凡。虽然大部分人都是单纯来凑热闹的。 但也有不少是过来尝鲜的食客，当然也有很多香满楼的老顾客收到邀请特意过来的。不久后，那些收到请帖的各大商铺掌柜也纷至沓来，他们大多都带着一些贺礼，譬如招财进宝的摆件、木雕、玉雕，或是各种恭贺匾、装饰匾等。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红布掀起，香满楼的招牌也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酒楼正式开业，未毅。 孟水莲以及一众伙计们招呼宾客们进入酒楼，送礼的宾客都被请到了楼上雅间单独招待，寻常的客人则是在一楼落座，准备尝一尝鲜。也有不少人好奇的四处参观，尤其一些文人墨客，立刻便被周围墙壁上的字画吸引了过去。但是当他们看到那些诗作后，却是不禁目露惊讶之色：“秋风吹老西湖波，一夜怀君白发多。”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那一首首诗作，令在场的文人墨客内心惊叹不已，宛若发现了至宝一样，目光灼灼，神情激动。然而，除了一些完整的诗词，还有不少只写了两句诗的书法条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一幅幅字，虽然都是精短的两句诗，却如雷霆万钧，直击心灵，引起他们内心强烈的共鸣和震撼，更是让他们感叹于作者的气魄与豪迈，深受鼓舞，内心也仿佛涌动着某种情绪，难以平复，恨不得也举一杯酒，跟着诗人一起豪情万丈。 抒发胸怀，然而同样让他们惊叹的还有那大气磅礴的书法，那墨迹如笔走龙蛇，鸾翔凤主，令人惊叹。而那些画作同样美轮美奂，浑然天成，颇有大家水准。看着周围这些字画，在场的那些文人墨客似乎忘记了自己正身处于喧嚣的酒楼之中，恍惚间好似处于那笔墨之灵、斯文萃集之地。 让他们一时间流连于那些诗作墨宝之中，沉浸于诗情画意之中，无法自拔，但口中却忍不住的啧啧赞叹，神情也跟着那诗词画作的意境，或慷慨，或激昂或，或豪迈，或惆怅。然而，让他们更为惊讶的是，那些字画上都有着同一个署名——魏延正。这难道是魏掌柜的笔墨？这些文人雅士心中惊讶，不禁叫来了一旁的的小二。 询问了一番，果然是出自魏毅之手。这不仅让这些文人内心更加震惊，这位掌柜竟然有如此笔墨，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能够铸剑又能执笔，当真了得呀、啊！难道这些诗句也是他所作吗？应该是了，否则如此高才壮才，犹如神来之笔的诗句，我等不可能从未见过或者听说过。是啊，莫想到魏掌柜。 竟然还是位文学大家，一众文人雅士心中对魏毅忽然肃然起敬。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在民间啊！他们自认也是才华横溢、文采斐然，然而跟魏毅一比，才知道什么是萤火与皓月。如此大才还这般韬光养晦，当真令他们佩服。不过，在场的这人群中，也有几名年轻的文人，看到那些诗词后，想到了什么，当即走出了酒楼。 然后朝着清风书院所在的方向走去。第七十六章，菜太好吃了，所以把正事忘了。小二，点菜。前来捧场尝鲜的客人们陆陆续续的开始点菜，整个酒楼的伙计和后厨也顿时忙碌了起来。客官，酒水想喝点什么？我们这有兰生酒和兰陵美酒，当然是兰陵美酒。冲着那首诗，我也要尝一尝这兰陵美酒到底如何。先给我来一壶。好嘞。 客官，您稍等。与此同时，那些文人雅士也从四周字画那边来到了餐桌旁落座。毕竟店里客人越来越多，他们再不落座，怕是就没有位置了。但坐在餐桌那里，心里却还在回味着刚刚看到的那些诗词，内心当真是久久无法平静。直到小二过来询问要点些什么菜，这才回过神来。而随着客人品尝到那兰陵美酒，这赞叹之声。 便不绝于耳，这兰陵美酒果然比兰生酒还要好喝啊！这才是真正的美酒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果然这酒也如这诗句一样美啊！好酒，本以为这兰生酒便已经是酒中佳品，没想到这兰陵美酒才是真正的玉露琼浆啊！太好喝了，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小二，再来一壶。孟掌柜，你们这兰陵美酒。 怕是又要风靡全城了。是啊，酒香不怕巷子深，如此美酒定然会被酒客们所青睐。哈哈，跟你们店里的酒一比，那万红酒简直难以下咽。这才是好酒，以后我等可就有口福了呀！如此美酒，稍后我要带一坛回去珍藏。店里的客人们可谓是情绪高涨，毫不吝啬溢美之词。而随着菜肴陆续上桌，客人们的赞叹声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这美食美酒彻底征服了在座的所有客人的味蕾，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写着满足二字。没过多久，整个店里已然是座无虚席。看着这满堂盛况，孟水莲心中也是开心不已。他相信今日过后，香满楼必定再次名动全城。小二，还有位置吗？门口再次走进来三名男子。抱歉，客官，暂时没有空位了。您不介意稍等片刻的话？ 可以到这边休息一下，喝点茶。小二满脸陪笑道：“行，那我们就等一会吧。”那三人跟着店里的伙计来到了墙边的椅子上坐下。三人行走间，目光也在有意无意的环视着四周，神情略显古怪。看到这三人，孟水莲心中立刻警惕了起来。她经营酒楼这几年，每天在店里什么样的客人都见过，自然眼力非常强，所以。 看到这三人走进来时，他就隐约感觉这几人有些古怪，在联想万家以前惯用的伎俩，所以立刻警觉了起来。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今天香满楼重新开业，以万家人的狭隘心胸，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不过他脸上不动声色，叫来伙计小心盯着那三人，自己则是悄悄来到了二楼，找到了那正在跟魏毅一起招待宾客的郭貔貅，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他。 我叫人把他们轰出去。”郭皮修一脸愠色的说道。“先不用，我也不能百分百的确定，但防患于未然，我会嘱咐好伙计，盯好那三人。你也去多叫来一些人，等在店里，我们随机应变。”孟水莲说道。“好，我这就去。”郭皮修点了点头，旋即从后门离开了酒楼。孟水莲则是再次回到一楼，店里陆陆续续,续又来了不少客人，门口等位的座椅已经不够了。 不少人只能站在门外等候。良久，先前那三人终于等到了空位，待着小二将餐桌收拾好，他们也纷纷落座。这三人为首的名叫吕瑞年，正是受万子和指使过来闹事的。按照计划，他们稍后喝一些酒，然后跟另外一伙人发生冲突，刀剑相向，大打出手。其实他也不愿意接这个脏活，更不愿意得罪魏毅，但万家给的钱让他非常心动。 只要在这里闹一闹，几百两银子就到手了。回头离开这里，这些银子足够自己在一座小城里买一座宅子，娶个漂亮媳妇了。所以他一咬牙接下了这个脏活，在餐桌旁坐好，吕瑞年点了几道自己喜欢的菜，又要了一壶兰陵美酒。刚刚等位时听着店里客人赞不绝口，他也是好酒之人，所以也想尝一尝这酒到底有多好喝。 小二先将兰陵美酒端上了桌，吕瑞年迫不及待的倒了一小碗酒，那酒香扑鼻，让他顿时精神抖擞，双眼放光，当即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酒水入口，吕瑞年如饮甘露，不禁满脸的惊喜与满足，真是好酒啊！吕瑞年一脸兴奋地看着碗中酒，如获至宝。虽然刚刚听客人的夸赞，他也有所期待，可没想到这兰陵美酒。 真的如此让人惊艳，同桌的两人也都喝了一大口，与吕瑞年一样，也是被这美酒惊艳到了，忍不住的赞叹了起来：“太他妈好喝了！”“是啊，这世间竟有如此美酒！”“来，再给我满上！”“我也要！”“来来，老大，我敬你一杯！”饭菜还没上来，吕瑞年三人便已经将一壶酒喝得一干二净，他意犹未尽，连忙又让小二上了三壶。 一副不醉不休的架势。就在这时，他们点的菜也上来了。看着那色泽鲜亮、香味扑鼻的菜肴，吕瑞年也是胃口大开，当即拿起筷子吃了起来，却是又一次被那丰盈鲜美的味道给征服了。这菜的味道也是一绝啊！嗯嗯，好吃好吃。来尝尝这个，这个更好吃。妈的，这也太好吃了！别光顾着吃，来。 在前一杯，美酒与美食的完美搭配，让吕瑞年三人无比的满足，无比的享受，一时间沉浸在这味觉盛宴中无法自拔。三人越喝越兴奋，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吃的那叫一个香，完全忘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不远处，另外一桌的两个男子不时的偷瞄吕瑞年，却始终没有看到吕瑞年给他们发信号，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他们要等吕瑞年的指示。香满楼街对面的路边，一辆马车停在那里。万子和坐在马车中，偷偷将窗帘掀开一角，向那香满楼内望了望。怎么还没有动静？这几个家伙干什么呢？万子和有些不耐烦的说道。然而又等了许久，他就见那吕瑞年与同伴互相搀扶着走到了店门口，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人，正是孟水莲。孟掌柜，请留步吧。 满脸醉意的吕瑞年说道：“今天这兰陵美酒实在太好喝了，我们兄弟日后还会再来的。”“好啊，本店随时欢迎。”孟水莲笑着说道。吕瑞年笑着摆了摆手，旋即与同伴们摇摇晃晃地离开了香满楼，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但走了一段距离后，吕瑞年忽然停下脚步，有些茫然地说道：“哎，我好像忘了点什么事呢。”“啥啥事啊？” 醉眼朦胧的同伴问道：“忘了买一坛酒带回去了。”吕瑞年说道：“明天再来买也不迟。”万子和跟在这三人身后，听着他们的对话，真是差点没气吐血。第七十七章，郡主驾到。看着吕瑞年三人离去的背影，孟水莲心中困惑：明明感觉那几个人很奇怪，应该是万家派来闹事的，结果莫想到他们还真的是来吃饭喝酒的。 难道是我看错了吗？孟水莲摇了摇头，也不再多想。总之，多一些戒备之心还是好的。毕竟，面对万家这种卑鄙无耻的敌人，多防备一点还是好的。收回目光，孟水莲不禁又看向了不远处那神色古怪、还在装模作样喝酒的两人。以他的观察，那两个人应该跟刚刚三人是一伙的。果不其然，吕瑞年三人刚走没多久。 那二人也结账离开了，见此，孟水莲不禁确定自己先前的推测没有错，这几个人绝对是来闹事的，只是那带头者临时改变主意了，或许是察觉到我发现了他们的异常，亦或是因为我们酒楼的酒和菜味道太好，让他们改变了主意。正暗自思索着，门口忽然走进来一大群人，这些人几乎都穿着同样青色如山。 正是那清风书院的文士学子们，而为首之人乃是这清风书院的山长，著名的文学大家杜少林。这什么情况？好像是清风书院的人过来了。快看，是杜夫子！这一大群文士突然走进来，立刻引起了店内客人的注意。孟水莲也立刻上前迎接，但那杜少林只是稍稍回礼，便径直朝着四周墙壁上挂着的字画走去。 看着墙壁上那一首首诗词，杜少林顿时激动的不能自已。没错，没错，就是这些诗词，就是这些诗词，太好了，终于找到出处,处了！杜少林无比激动的说道。而他身后的那些文士学子们也是目光灼热，神情激动，看着墙上的那些诗词，赞叹不已。看着清风书院众人的神情，酒楼的客人也是惊讶不已，议论纷纷。原来这清风书院的人。 不是来吃饭的，而是来看四周那些墨宝字画的。魏掌柜呢？魏掌柜在哪里？老夫可否见一下魏掌柜？杜少林迫不及待的环顾四周，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虽然这墙上的诗词有个别的内容做了改动，但是从那书法风格就能看出，与郡主捡到的那纸稿应该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苦苦寻觅的知音，竟然是这家酒楼的掌柜。 是这城中的五品铸剑师魏毅。说来惭愧，他以前还真的不知道魏毅是何人，这名字还是他刚刚听自己学生说的。然而此时，身在二楼雅间里招待宾客的魏毅，忽然又看到了许多金色光点从虚空中出现，融入到了自己的识海之中。其实不久前，他就看到了一些金色光点出现，心中还有些惊讶。 前段时间几乎都是晚上才会出现金色光点，没想到今天白天竟然就出现了这么多，这让魏毅不禁再次思索：这金色光点到底是源自何处？正暗自沉吟之际，一名伙计跑了过来，恭敬的说道：“掌柜，清风书院的杜夫子想要见你。”杜夫子，魏毅心中惊讶，他自然知道这杜夫子是何人，那可是前身最崇拜的文学大家。 突然听到杜夫子要献自己，还真是有些意外。不过转念一想，他便猜到了原因，应该是酒楼里那些诗作把这位文学大家给吸引过来了。好，我这就下去。魏毅跟宾客们说了一声，便立刻向楼下走去。还没走到一楼，他就看到了清风书院的众人，还有那杜少林正目光炙热的注视着自己。而且这群人中还有姬人，也是他认识的。 其一便是那李知府的三公子李晓，另外几人乃是他曾经的同窗。看着眼前这些人，魏毅心头一动，隐约间想到了那些金色光点的来源。魏公子，老夫终于见到你了！”杜少林神情激动的说道。看着眼前的魏毅，他心中真的很惊讶。虽然魏毅那温润如玉、儒雅俊逸的气质与他的笔墨诗作的风格倒是非常契合，但对方实在太年轻了。 这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毕竟看着那些诗作，总觉得是个人生阅历丰富之人所作。当然，一个人的阅历以及对人生的感悟，确实不能完全用年龄来衡量。见过杜夫子，魏义作揖，倒是莫明白这杜夫子何出此言。魏公子，可否与你单独一叙？杜少林又说道，他实在有太多话想跟魏毅说，有太多事情想要询问魏毅。 而这酒楼内太过吵闹，自然不适合静心畅谈。好啊，那就请杜夫子到寒舍一坐吧。”魏毅笑着说道。杜少林让书院的文士学子们暂时先回去，而他则是跟着魏毅来到了魏家宅院。刚走进院子，杜少林就看到了院子里的那一大群猫，心中很是惊讶，但立刻想起了之前苏哲所说的事情，便明白这里为何有这么多猫了、啊。 想必是那些人送猫不成，便将之遗弃，最后都被这卫毅收养了。果然是大善之人啊！万家酒楼门口的马车里，满脸醉意的吕瑞年笑着说道：“实在抱歉了，万公子，我这喝着喝着就把正事给忘了。”万子和当真是一阵无语。吕瑞年又说道：“既然是末办成，那钱我们自然也不会收。另外，这件事您另请高明吧。吕某好酒。” 还指望以后能多去香满楼喝喝酒呢！滚滚滚！万子和气急败坏的骂道。那吕瑞年拱了拱手，便下了马车，然后带着自己的几个小弟摇摇晃晃的走远了，脸上的神情却是无比的轻松与惬意，仿佛心灵得到了某种解脱。万子和坐在马车里满脸愁苦，他真是不知道该如何跟父亲交代。没想到这吕瑞年临阵倒戈了。 真是让他郁闷不已，但就在这时，车门帘被掀开，他的一名随从沉声说道：“公子，老爷叫你上去。”万子和犹豫了一番，这才下了马车，走进了自家的酒楼。来到楼上雅间后，面对父亲的询问，万子和只能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万银昌。听到他的话，那些原本等着看好戏的一众酒楼掌柜满脸的失望，心中也是惊讶不已。 而那万银昌的脸色更是难看至极，这结果自然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更是让他感觉老脸火辣辣的疼。自己派去闹事的人，却因为喜欢喝对方的酒而选择叛变，这比他们让香满楼的人给打出来还要令他难堪。经过了短暂的沉默后，几名掌柜再次开口说道：“这香满楼的兰陵美酒，当真有如此魅力吗？竟然让那些小混混放着几百两银子不赚？” 这真是太荒唐了！叫人去酒楼里买一坛酒回来，我们尝尝吧。我倒要看看这酒到底有何种魔力。刚刚我看到清风书院的那些文人也一起去了酒楼，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这香满楼到底做了什么？此时，众人站在窗口，看着不远处的香满楼，心中当真是无比的沉重，就感觉仿佛有一块巨石压在心头。那香满楼的朝旗也变得无比刺眼，甚至让他们有些畏惧。 但就在这时，不远处街道上忽然一阵骚动，却是一队带刀侍卫护送着一辆豪华马车赶了过来。看那些侍卫的穿着，正是那静安王府的府兵。在那些府兵的护卫下，豪华马车来到了香满楼门口停下。旋即，只见一道高贵优雅的身影从那豪华马车上走下，赫然便是静安王府的郡主赵景思。第七十八章，那是前世啊。 看到郡主赵景思也走进了香满楼，万银昌父子以及在场的其他几个酒楼的掌柜再次沉默了，脸上全都露出了震惊之色。这可是靖安王府的郡主啊！这位郡主虽然也会经常在城中走动、抛头露面，但基本都是去一些文雅之地，从不会去酒楼这种人杂吵闹的地方。就算他想吃某个酒楼的菜，也基本都是酒楼亲自送上门的。 然而今日香满楼开业，这郡主竟然亲自前来捧场，这这香满楼什么时候又跟静安王府扯上关系了？众人这心中再也无法平静了，感觉那压在心头的已经不是一块巨石，而是一座大山。这香满楼简直就如同一座无法撼动的大山。万银昌和万子和对视了一眼，父子二人的脸色也是难看至极。香满楼内，看到郡主赵景思走进来。 整个酒楼仿佛突然安静了下来，不少人的目光瞬间被那光彩夺目、气质高贵的赵景思吸引了过去，眼中不禁露出了惊讶之色。跟他一起走进来的还有一位红衣少女，正是那林将军之女林萱儿。她也是这城中最为耀眼的武道天骄，传闻她六岁开卖八岁入品，如今十七岁便已经成为六品武者了。他与郡主赵景思。 从小一起长大，关系甚好，彼此形影不离，也算是赵景思的贴身护卫之一了。当然，出身武道世家的赵景思也不是普通人，他的武道资质也不差，只不过他不喜欢习武，只是偶尔被长辈逼着练一练。可如今也已经达到了九品。看到赵景思到来，孟水莲也是大为吃惊，他是怎么也想不到，这靖安王府的郡主会光临他们的酒楼。 稍稍愣神之后，立刻迎了上去，施了一礼，拜见郡主。郡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而酒楼内的客人们也纷纷起身，躬身作揖。大家不必拘礼。”赵景思随口说道，目光却是瞬间落在了墙上的那些字符，立刻快步走了过去。那模样与先前来的杜少林等人相差不多。其实，这赵景思也是接到了杜少林的消息。 才特意赶过来了。此时看着墙上那俊逸潇洒的书法字迹，还有那些他所熟悉的诗词，目光越发明亮，脸上也不自觉的浮现出激动之色。他可以非常的肯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他原本以为自己此生都无法知晓那些诗作的来历，然而没想到，就在自己已经放弃希望时，奇迹竟突然出现了。更没想到，自己苦苦寻觅的那位文学大家。 竟然就是这家酒楼的掌柜魏毅。说来他之前也没听说过魏毅，更别提献过了。所以此时心中是既期待又紧张，甚至白皙的脸颊都染上了些许红晕。请问魏公子在吗？赵景思转身看向身旁那一直恭敬跟随的孟水莲问道：“魏公子刚刚与杜夫子回后院的书房了，郡主也想见他吗？”孟水莲问道。他眼下也看明白了。 这些人都是为了魏毅所写的这些诗词而来的。他对诗词和书法懂得不多，但之前也能感受到魏毅书法的恢宏大气，以及那些诗句的优美和豪情。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不仅仅是那文学大家杜少林带着一众学子过来观摩，甚至连郡主也过来瞻仰了。可见魏毅写的这些诗作有多惊人了。哦，可否带我去拜见一下魏公子？ 赵景思略显紧张的说道：“好，没问题，我我带您去吧。”孟水莲点头说道：“其实面对赵景思，他也有些紧张，毕竟对方无论是身份还是气场，的确是很非凡。”此时，那原本在楼上招待宾客与好友的郭皮修，也带着楼上宾客来到了楼下。他们都是听说了郡主大驾光临，所以特意跑下来看热闹的。毕竟这身份。 高贵的郡主光临酒楼，绝对算是罕见的事情了。孟水莲嘱咐了一下郭皮修，照看酒楼，自己则是带着赵景思和林轩儿两女去了酒楼后面的宅院。看到三个姿色不相上下，却又各有千秋的美女走出酒楼，原本安静的酒楼内瞬间沸腾了一般，议论声四起。不少人甚至也跑到那些字画前，装模作样的看了起来。我去，这是什么情况啊？ 郭皮修也是满脸惊讶，不禁又看了看墙壁上的那些书法字画，旋即暗叹了一句：“魏兄真是太牛逼了。”魏毅的书房之中，杜少林神情激动的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有幸看到魏毅的那些诗作，以及内心对魏毅诗才和气魄的崇拜和仰慕。听到对方的话，魏毅这才恍然，明白为何这杜少林会突然带着一众学子来到酒楼。 又为何见到自己时那般激动，说了那样的话？原来他早就见过那些诗词了，而且一直在寻找这些诗词的作者。不过这件事也让魏毅似乎想明白了那些金色光点的来历，或许真的与传播出去的这些诗词有关系。当杜少林问到魏毅创作这些诗词的心路历程时，魏毅却是一脸认真的给杜少林讲了个故事，这是他一早就想好的故事，用来解释这些诗作。 甚至是自己写的那些文学作品的来历，毕竟是出反常必有妖。自己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童生，突然就写出了这么多旷世诗作，难免会惹人猜忌，甚至难有说服力。所以，既然这件事本身就很反常，那不如就让其彻底成为一段神话传说。毕竟这个世界本身就有鬼神，就有很多匪夷所思却又真实存在的奇人异事。 包括大燕王朝开国皇帝便是如此，所以魏翊自称那次院士失败是因为自己生了一场怪病，别人看到的是他感染风寒卧病在床，甚至有点神志不清。其实他那段时间感觉自己仿佛魂离肉体，去到了一处玄之又玄，宛若仙界又如红尘一样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喜欢喝酒、喜欢舞剑、更喜欢挥毫泼墨、吟诗作画的白衣仙人。 后来他的病慢慢康复后，也经常会梦到那个仙人，而自己所写的那些诗词便都是源自那位仙人之口。他还特意强调，有时候感觉梦里的那个人就是自己，却又觉得不是自己，总之非常矛盾，也非常玄妙。那或许就是你的前世啊！”杜少林神情激动的说道。第七十九章，绝世好剑啊！听到魏毅的叙述，杜少林目光大亮。 心中原本所有的困惑和疑虑似乎都不在了，难怪魏毅如此年轻就能写出那么多惊世之作，甚至很多诗词的内容和经历明显与他的年龄和身份有些不符，也难怪诗词中写的很多地名和典故他以前也没听说过。原来这些诗词都是源自他的前世。杜少林对于魏毅的话深信不疑，毕竟如果那诗词是他从某处抄袭来的，可是那些书法字画摆在那里呢？ 以他之见，没有个几十年的积累，很难写出那种出神入化又浑然天成的书法。放眼整个大燕王朝，也无人能与之相媲美啊！而且他一个书生，在锻造宝剑上也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赋和造诣，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五品铸剑师。如今又开了酒楼，酿造出了据说比兰生酒还要好喝的兰陵美酒，甚至还为其赋诗一首。这种种迹象。 绝非偶然。反观他那些诗词之中，恰好都与酒与剑息息相关，甚至说分不开。可以见得，魏毅今生种种表现都是受到前世记忆的影响。他表现出的过人的才华以及那超越常规的成就，全都是因为他前世积累下的宝贵经验。也就是说，他梦里所现之人，其实都是他的前世，是他自己的记忆罢了。 而且他前世还真的有可能是一位阅尽红尘、得到成仙之人，甚至压根就不是生活在他们大炎王朝，而是在另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国度。其实，关于前世之说，也并非什么惊世骇俗、不可思议之事。大炎王朝开国皇帝便是觉醒了前世武神的记忆，继而一跃成为武道强者，带领其家族壮大起来，成为威震四方的武道世家。 并以武推翻前朝，灭周边诸国，一统多个武道家族，建立如今的大炎王朝，也开创了大炎王朝最辉煌、最鼎盛的时代。嗯，或是如此啊。魏毅脸上严肃的点头，心中却是暗道：这杜少林果然上道，自己稍稍引导，他就将自己想要的结果给说出来了。哇，好多猫咪啊！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道少女惊喜的声音。 却是那林轩儿看到院子里的那些猫咪发出的惊叹。这城中之前出现了许多被遗弃的家猫，魏公子见他们可怜，便都带回来收养了。孟水莲笑着解释道。听到孟水莲的话，赵景思眼中泛起笑意，目光柔和的看了看那群猫咪，心中却更加期待与魏毅的见面，也更加紧张了。这位公子很心善啊，林轩儿笑着赞叹了一句。郡主，这边请。 孟水莲带着赵景思和林轩儿来到了魏毅书房门口，但还莫等他开口说话，就先魏毅和杜少林二人已经出现在了门口处。他二人也是听到了外面的对话，猜到了应该是郡主过来了，所以连忙一起到门口迎接。魏某献过郡主，魏毅躬身作揖。然而看到魏毅后，赵景思感觉心脏仿佛被人狠狠捏了一把，恍惚间仿佛周围春风和煦。 花香阵阵，好似有阳光笼罩在魏毅的身上，散发着柔和而又温暖的光芒。他那温润如玉、俊逸非凡的容颜，与自己梦中的那道身影完美的融合魏。魏毅那儒雅出尘的气质、飘逸潇洒的身影，也与自己梦里的样子别无二致。魏公子有礼了。待了一瞬间，赵景思回过神来，立刻笑容得体的说道。而一旁的林轩看着魏毅，眸子也是亮晶晶的。 旋即又看了看赵景思的神情，嘴角不禁浮现一抹浅浅的笑意。而同为女人的孟水莲，自然一眼就看出了赵景思刚刚那眼神里的倾慕之意。毕竟自己当初见到魏毅时也是如此。她不是心胸狭隘、喜欢妒忌的女人，她甚至能理解赵景思的想法和心情。毕竟魏毅就犹如一块绝美的玉石，自己会为之心动，那肯定也会有很多人为之倾心。 而且孟水莲深知自己根本配不上魏毅，以魏毅的才华，未来定然会成为非凡的大人物。如果论般配，那他真的觉得赵景思比自己更般配。而自己日后能有幸给魏毅当个妾室，便已经心满意足了。郡主，快里边请。魏毅将赵景思请进了书房，而孟水莲则是回酒楼忙碌去了。赵景思走进书房后，目光四处看了看，这书房里的陈列。 其实很简单，除了摆放在案几上的装饰花瓶和石雕外，基本都是书籍、字画与文房四宝，倒也返璞归真，更显得主人对于文学的专注，不像是那些富家公子书房里装模作样的摆放一些书籍、字画，但平日里关注的都是博古架上的珍贵的玉石、瓷器，而那些字画也不过是他们炫耀自己的财富罢了。不过赵景思的目光很快就落到了书案旁的蓝椅上。 那蓝椅上摆放着三柄光芒四射、锐气逼人的宝剑，看来他也是爱剑之人，难怪诗词中经常会写到宝剑。赵景思并不知道魏毅乃是铸剑师，毕竟他连人家的名字也是不久前才听说的。不过那林轩儿看到蓝椅上的宝剑后，却是双眼放光，当即走到了那蓝椅前，仔细看了看摆放在最上面的那柄宝剑，倚天，好剑哎！林轩儿一眼便看出。 这柄倚天剑很非凡，他非常喜欢剑，尤其是好剑，所以眼见那非凡的倚天剑，便忍不住的将其拿在了手中。轩儿，不要乱动！赵景思呵斥了一声，但林轩儿已然将那宝剑握在手里，听着那清脆的剑吟，林轩儿目光更亮。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气势自那宝剑上散发而出，如雷霆万钧。 又好似怒浪狂澜，那股气势让他这位六品武者都不由得一阵胆寒，心脏狂跳，呼吸甚至都有些急促了起来。但那股莫名的气势也是一闪即逝，就好似某种错觉。待得那气势消失后，林轩那原本白皙的俏脸，不知道是因为受惊之后，还是激动的心情，竟然有些潮红。好剑，真是绝世好剑啊！ 林轩儿目光如炬的盯着手里的倚天剑，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一柄剑仿佛拥有生命一般，带给他那般震撼心灵的气势。轩儿，快放回去，不得无礼！赵景思又斥责了一句。无妨，林小姐看来也是爱剑之人啊。”魏毅笑着说道。不过他刚刚也看到了林轩儿那脸色的变化，想必也是感受到了这倚天剑的剑意。郡主，这剑太非凡了。 林轩儿仿佛没有听到赵景思的话，兀自端详着手里的倚天剑，旋即又看向魏毅问道：“魏公子，你这件是从哪里得来的？”第八十章机长卫士。这件是我自己锻造的。”魏毅笑着说道。听到魏毅的话，林轩儿顿时瞪圆了那卡姿兰大眼睛，满脸震惊的看着魏毅。那赵景思也同样惊讶不已，毕竟他以为魏毅只是爱剑，并不知道。 他竟然会锻造宝剑，郡主和林姑娘可能有所不知，魏公子乃是五品铸剑师。杜少林从旁介绍道。他当时听自己学生说魏毅是五品铸剑师时，同样也很惊讶。听到杜少林的话，林轩儿小嘴微张，仿佛重新认识了魏毅一般。他真的没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一位五品铸剑师。而赵景思心中同样震惊，美眸也是泛着光彩。 心中惊讶之余，却是更加崇拜魏毅。他实在是想象不到魏毅是如何同时兼顾这么多能力的：作诗、绘画、书法、锻造宝剑，而且每一种技能都是那般出类拔萃，那样令人望尘莫及。真的是优秀的人，做什么都能成为佼佼者。此时站在魏毅面前，这向来骄傲的赵景思都不由得自惭形秽。他也终于明白了。 为何魏毅的诗词里会有那么多关于剑的诗句？我的天，你竟然还是五品铸剑师，你也太厉害了吧！林轩儿一脸崇拜的看着魏毅，他似乎突然明白了，为何郡主看到那些诗作后，就会对那作者魂牵梦绕，仰慕不已。或许那感觉就如自己刚刚看到倚天剑时，心中也会崇拜他的创造者一样。原来这就是崇拜一个人的感觉。林轩儿从小到大。 还真的没有崇拜过任何人，向来他都是别人羡慕他、崇拜他的天赋异禀。魏公子，你这柄剑是如何锻造的？为何会给人如此非凡的感觉？林轩目光炽热的看着魏毅问道：“这个恐怕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总之，这种剑可不好锻造，或者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魏毅一本正经的忽悠道：“那你还能锻造出这种宝剑吗？多少钱我都愿意出。” 林轩儿神情激动地说道：“不是钱的事情，锻造出这种宝剑需要一些机缘。这样吧，以后我若有机会再锻造出这种宝剑，一定给你留着。”魏毅笑着说道：“真的吗？那你一定要说话算数哦。”林轩儿欣喜不已：“嗯，当然，一言未定。好，我们击掌为誓。”林轩儿伸出了他那葱白玉手，魏毅笑了笑，也伸出手与林轩击掌为誓。 这才是绝世好剑啊！跟你这柄剑比起来，我的剑实在是……看着那倚天剑，林轩儿感觉自己的佩剑已经不香了。其实他腰间的佩剑也是一柄五珠品质的宝剑，那是他父亲送给他的，出自万剑阁五品铸剑师之手。轩儿，好了，快放回去吧。”赵景思一脸严肃的说道。听到赵景思的话，林轩儿这才依依不舍的将那倚天剑放回到了蓝椅上。 但目光却还在其上流转。郡主，林小姐，请坐。魏毅叫来婢女为赵景思和林轩斟茶。魏公子还真是才华横溢啊，竟然还是一名五品铸剑师，真是让人钦佩。赵景思略有些不自然的说道：“他也不知道为何自己在魏毅面前竟然会感到紧张。”郡主过誉了，您今日能够光临寒舍，魏某实在是受宠若惊。如有招待不周，还望郡主包涵。 魏毅也拱手说着客套话，见魏毅与赵景思之间这般拘谨，一旁的杜少陵却是笑着说道：“郡主可是非常喜欢你的诗作，甚至还曾为你那首《明月几时有》谱曲吟唱。如今这首《水调歌头》也已经风靡全城，被无数文人墨客所传唱。说来实在抱歉，我那日也是被那诗词所感染，一时情难自已，便未经公子允许，将你的诗作公之于众，还望魏公子见谅。” 赵景思笑着说道：“无妨，郡主不必介意。哦，对了，如今终于找到这荷包的主人，也是该物归原主的时候了。”赵景思从衣襟里取出那荷包，这荷包一直被他贴身带着，宝贝的不行，生怕丢失了。所以魏毅接过荷包时，似乎还能感受到其上淡淡的体温，甚至还能闻到特殊的花香。这荷包是家妹的，我代家妹先谢过郡主了。 又闲聊了几句，赵景思慢慢打开了话匣，从魏毅那些诗作聊到了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地名和典故。有一些典故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魏公子可否解答一二？听到郡主的疑惑，魏毅便又将自己给杜少林讲的故事给赵景思讲了一遍。听着魏毅的故事，赵景思和林轩也是惊奇不已，但心中同样也是深信不疑。毕竟旁边还有杜少林帮忙附和解释。 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合情合理，那样的真实可信。难道魏公子前世真的是仙人啊？林轩儿眨巴着那明亮的大眼睛，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难怪你锻造出的宝剑会那样非凡。赵景思也是连连点头，看着魏毅的目光更加崇拜，更加仰慕。这魏毅容貌气质便宛若谪仙，那诗作更是超凡脱俗，充满了仙气。所以说，魏毅乃是仙人转世。 他绝对比任何人都深信不疑。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魏公子的前世或许真的是来自那天上宫阙，是那御清风而行的仙人啊！赵景思心中也是激动不已，没想到自己心中所仰慕之人，真的是一位游历于红尘却超然于物外的仙人，心中对魏毅的仰慕之情，当真是溢于言表。魏毅笑而不语。 莫想到这逼一下子装大了，魏公子，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公子可否答应？赵景思忽然一脸严肃的说道：“郡主但说无妨，我心中有一憾事，那便是您写的那首《将进酒》，只能看清前半首，这后半首一直是我心中遗憾，不知公子今日可否让我听一听这完整的《将进酒》？”赵景思满脸期待的看着魏毅，当然可以，不过这首诗。 当有美食美酒相配，借酒兴抒诗情，才能让郡主真正的感悟其中意境。不知郡主可否饮酒？不如我等一起小酌一杯，刚好也尝一尝我们店的新酒——兰陵美酒。魏毅笑着说道：“他可知道这是自己推销自己酒楼特色美食和美酒的好机会。如果郡主和杜少陵都喝了这兰陵美酒，那以后这兰陵美酒在文人墨客心中的价值绝对直线飙升。”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如此优美的诗句，这兰陵美酒想必也一定如其名一样美。老夫很想品尝品尝啊！杜少陵立刻背出了这首诗，这是他先前在酒楼里看到的。好啊，难得公子有此雅致，我等自然恭敬不如从命了。赵景思笑着说道：“赵家乃是武道世家，家风原本豪迈奔放。” 不拘小节，也没有寻常官宦世家那么多的礼仪规矩。族中女子习武、饮酒，甚至是与男子一样上阵杀敌，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虽然赵景思受父亲影响，喜欢诗词歌赋，注重礼仪，温文尔雅，但骨子里也同样是不拘小节之人，并不在乎跟男子饮酒畅聊。平时参加文人雅集时，也会小酌一杯助兴。更何况，一个是自己的老师。 另一个是自己仰慕的人。第八十一章彻底抑郁了。万家酒楼西南角的雅间里，看着香满楼门口的客人络绎不绝，甚至如今早已经过了饭点，进店的客人却越来越多。万银昌和那些酒楼掌柜们心中当真是嫉妒不已，但他们也知道，估计是因为郡主来香满楼的消息传出去了，所以才吸引来了这么多客人前来一探究竟。 毕竟达官显贵本就是人们平日喜欢谈论的对象，更何况还是那无论容貌，还是才情都冠绝天下的赵景思。如果说在这青州城内最有名气的美人，那绝对不是青楼里的那些当红头牌，而是那身份高贵、才色双绝的赵景思。在许多人眼中，那赵景思便如天上的皓月明星一样。外加上那武道天骄林轩儿和文学大家杜少林。 这几个人都是响当当的名人，他们的名气加起来还真是足以吸引全城人的关注。只是他们实在想不明白，这香满楼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竟然把这几个人吸引来了。要知道，这可是花钱都请不来的人物啊！就在这时，万子和提着两小坛酒走了进来，打听到了吗？众人立刻看向万子和，迫不及待的问道：“打听到了？那香满楼……” 用了很多诗词字画装点酒楼，正是那些诗词字画把郡主和清风书院的人吸引来了。万子和说道，然后将手里的两小坛子酒放到了餐桌上。难道就是那兰陵美酒的诗词？那两句诗读起来的确不错，但也不至于惊动杜夫子和郡主吧？嗯，不止那一首诗，据说魏毅写了很多诗词，好像都非常好。而且那魏毅在书法字画上的造诣也是非常了得。 说是连杜夫子都连连赞叹，万子和面色凝重的说道。听到万子和的话，包括万银昌在内，一众掌柜全都沉默了。这他们是真的比不了啊！你说比酒水和菜品，还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内，可是诗词字画，这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啊！现在城中文风盛行，回头我们也在酒楼里挂一些名家字画，附庸风雅。没错，我就不信那位毅的字画。 还能比那些名家之作厉害？酒楼酒楼自然还是以酒菜服务为主，什么诗词字画作为噱头，新鲜几天还可以，时间一长还不是要靠菜品和酒水说话？几个掌柜议论着，当真是满嘴的醋味。对了，这一坛是兰生酒，这一坛是兰陵美酒。我听说他们酒楼的菜也非常好吃，本想叫人再打包点菜过来尝一尝，但香满楼今天的餐食不能打包外带。 只能堂食，所以暂时就只买了酒水。各位掌柜尝一下，看看这兰陵美酒到底如何。万子和又说道，他的话却是如一盆冷水浇在了几位掌柜的头上，让他们瞬间醒悟过来。人家除了字画外，酒菜也不差呀、啊。兰生酒的口味自不用多说了，至于菜品，香满楼开了那么多年，就算差也差不到哪去。然而。 当他们打开那兰陵美酒的封口时，那扑鼻的酒香让他们的心情更加沉重了。单单从这酒香就已经让他们有种不好的预感了。待得他们各自品尝了那兰陵美酒后，一个个瘫坐在椅子上，彻底抑郁了。单凭兰生酒就足以威胁他们各家的酒水了。如今这兰陵美酒的味道更是远超兰生酒，甚至已经到了让他们望尘莫及的地步，让他们都忍不住的想要夸赞。 想要多喝上几口，可越是如此，他们越是郁闷。那感觉就仿佛眼前放着一杯毒酒，自己明知道那酒会要了自己的命，心里却又馋得要死，恨不得将其一饮而尽。不过郁闷过后，一些掌柜的内心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万家这次搬不倒香满楼，那恐怕未来的酒楼行业就真的要兴梦了，不应该说是兴味。那么。 他们或许也该考虑自己的后路了，是选择陪着万家一起陨落，还是重新择主而事？显然后者更明智一些，哪怕委曲求全、苟延残喘，也好过给万家陪葬要好。雅间内的气氛无比的压抑，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万银昌身上，等待他的想法。而他同样一筹莫展，满脸愁容。今天就这样吧，都散了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万银昌说道：“他现在真的感觉头痛无比。如今的香满楼当真是今非昔比了，敌人变得异常强大，而自己少了知县这个保护伞，势力大不如前。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也是没了主意，怕是只能动用世子的关系了。”魏家的膳厅内，魏毅、杜少林、赵景思、林轩四人各自坐在单独的餐案旁分餐用膳，分餐用膳。 其实也是大燕王朝官宦大户人家招待客人的基本礼仪。这赵景思毕竟身份高贵，而且彼此关系也莫到同桌用餐的地步，所以魏毅按照礼仪，自然是与鸡人分餐用膳。鸡人吃的菜都是酒楼那边送过来的，这些菜肴让赵景思、杜少林鸡人可谓是惊喜不已。他们也是吃过许多珍馐佳肴的，尤其是赵景思。 这城中最有名的大厨烧的菜，与这香满楼的菜肴比起来，在口味上也是略逊一筹。他们哪里知道，这些菜肴中全用到了卫一秘制的各种酱料，可谓是赋予了食物全新的灵魂。然而，要说吃的最香的，当属那林轩。儿。这妹纸不愧是习武之人，当真是食量惊人，而且真的是一点也不矜持，吃起东西来完全不顾形象。 各种食物不停的往那小嘴里塞，但吃相并不难看，那脸颊撑得鼓鼓的，好似那塞满了坚果的花栗鼠，倒是显得颇为可爱。而且看他吃东西，总给人一种莫名的享受和满足感，感觉每天与他一起吃饭，自己的饭量至少都能翻一倍。如果把他放在前世的蓝星，绝对可以成为一名非常火的吃货主播了。比起那热衷于美食的林轩儿，杜少林却痴迷于那兰陵美酒。 这酒让他可谓是爱不释口，赞不绝口，一时间都有些贪杯了。酒过三巡，兴致正浓时，魏毅站起身来，举起酒杯，借着酒兴吟诵起了那首《将进酒》：“君不见沙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魏义将《将进酒》里涉及到人名、地名和典故，同样做了替换。 以便于应情应景，更容易产生共鸣。第八十二章，名动全城。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秦王昔时宴玉阙，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和魏延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是魏义最喜欢的诗人，前世也看过很多。 关于他生平经历的各种视频和文章，而诸多诗词之中，魏毅最喜欢的也最能体悟到李白的命运与个性的，便是这《将进酒》。所以此时这般吟诵之时，他脑海里便不自觉的想到了李白的一生，想到了他的意气风发，他的郁郁不得志，他的浪漫，他的乐观，他的无奈，他的抗争，他的豪迈，他的,他的潇洒，也有他人生的遗憾和时代的悲哀。 种种情绪仿佛在这一刻产生某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共鸣，让魏毅感觉自己仿佛化身了李白。正因政治上被排挤，被皇帝赐金放玄，抱用世之才而不愈和之己，只能借酒兴诗情，抒发满腔不平之气和那壮志豪情。也让魏毅仿佛想到了自己的前世，热爱生活，有梦想，有追求，善待每一个人。 也乐观面对所有命运的不公，然而最终还是倒在了癌症抗争的道路上。虽有遗憾，却从未抱怨。也或许是自己的乐观换来了崭新的人生，更是从微末中崛起。如今当真是千金散尽悬复来。所以在这种情感共鸣之下，魏毅在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可谓慷慨激昂，情真意切，掷地有声，感动了自己，也感染了席间之人。 杜少林握着酒杯，枯槁的手掌都在颤抖着，不知是因为终于听到了这完整的内容而激动，还是因为触动了内心的感伤，引起了情绪的共鸣。那略显浑浊的眼眸中竟然泛着泪光，内心也涌动着不平的情绪，涌动着一股豪迈与激昂。而赵景思更是脸颊潮红，神情激动，目光灼热的看着魏毅的身影，怔怔出神。 一颗心早已经沉沦在魏毅那潇洒不羁的身影之中，沉醉于那诗词的豪情万丈，就连那林轩儿也被深深的触动，小嘴里叼着鸡腿，目光凝固在魏毅的身上，无法自拔。赵汉卿的府邸内，关于郡主去了香满楼的消息，自然也传到了赵汉卿的耳中，毕竟家里人的一举一动都是他重点关注的事情。目前郡主和杜夫子还在魏家，至今未寻。 一名素衣男子抱拳说道：“也就是说，那首‘明月几时有’也是出自那魏义之手。”赵汉清放下手中茶杯，脸上也满是惊讶之色。没错，这是一些文人从酒楼内收集抄写的诗作，还请世子过目。那素衣男子拿出一些纸张，呈给了赵汉清。赵汉清仔细看了看那些纸张上的诗作，脸上惊讶之色更浓。果然是好诗啊！而且。 他们店里的菜肴品类繁多，味道也是一绝。据说那些食客全都赞不绝口，称之为全城第一。尤其是那兰陵美酒，被称为琼浆玉露，无上佳品。那素衣男子继续说道：“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赵汉卿也刚好看到了那首关于兰陵美酒的诗词，不禁也被勾起了兴趣。之前品尝过那兰生酒，味道的确很不错，送给祖父。 他老人家也是非常开心，不知这兰陵美酒又会有怎样非凡之处。正思索间，府上管家走了过来，躬身作揖：“世子，郭公子求见，让他进来。”赵汉卿收起那些诗作，摆了摆手，让那素衣男子先行退下。不久后，郭貔貅带着自己的四个随从走了过来，这四人或是提着食盒，或是捧着酒坛。世子，今天酒楼刚开业，实在太忙了。 刚刚抽出时间过来，给您送来一些酒菜，请您品鉴一二。郭皮修笑容满面的说道：“哦，那我今日可是要大饱口福了。”赵汉卿笑着说道。他刚刚就猜到，这郭皮修应该是来给自己送酒来了，刚好自己要尝一尝这兰陵美酒到底有多么好喝。郡主赵景思和文学大家杜少林光临香满楼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且。 店里挂着的那些诗句也迅速的传播了出去，城中的许多文人墨客闻讯纷,纷纷来到香满楼瞻仰那些墨宝和惊世诗作，让香满楼可谓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即使过了吃饭的时间，店里也依旧是人满为患。不仅如此，香满楼的酒水和饭菜也同样征服了所有食客，通过他们口口相传，迅速形成了非常好的口碑，所以还没到晚饭时间。 香满楼内便已经座无虚席，甚至后来店内人满为患，许多客人只能在门外排队等候，就为了能够品尝一下香满楼的菜肴和纳兰陵美酒。那生意火爆到让城中其他家的酒楼的客人仿佛一下比平日里少了半数以上。虽然城中许多酒楼也纷纷推出打折和赠酒水等促销活动来吸引顾客，但收效甚微。 那些食客似乎宁可在寒风中排队，也不愿去光顾他们的酒楼。赵景思和杜少林一直在魏家待到傍晚，才于心未尽，依依不舍地离去。临走前，魏毅也亲手写下了两幅《将进酒》的字符。分别送给了杜少林和赵景思，还命人给杜少林带上了一坛兰陵美酒，作为感谢。杜少林也为魏毅写了一幅字，乃是他的成名诗作，而赵景思则是承诺。 他日要在王府中设宴，好好招待一下魏毅。当天晚上，赵景思又派人给魏毅送来了一套价值不菲的文房清玩。夜色渐浓，酒楼的灯笼一排排、一列列，将酒楼四周照得通亮。街上的行人已经稀少，但酒楼内却依旧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酒客们沉醉于美酒之中，不愿离去；文人雅士流连于那些诗作中，忘了时间。 而关于香满楼今天发生的故事，还在不停的传播，那一首首诗作也通过文人墨客之口，开始在那青楼勾栏中流传。这一天下来，魏毅收获了数不胜数的金色光芒。如今石海里的大树已经长满了金色的叶片，魏毅已经确定了这些金色光芒的来源。估计随着知晓自己诗作的人越多，这金色光芒也会越多。魏毅整晚都在干书写技能。 也终于将那最后那百分之二的熟练度给干满了，书写技能终于再次进阶，这也让魏毅不禁燃起了期待。上一次升级获得了入木三分的妙法，不知道这一次又能获得怎样的神通。第八十三章开宗立派。深夜子时，魏毅洗了个热水澡，便回到床上准备升级书写技能。这次升级书写技能就要踏入五阶了。 已然是目前所有技能中等级最高的了，其次是烹饪技能，目前四阶，距离升级也只差最后百分之十二的熟练度了。再然后是打铁技能、健身技能、酿酒技能、驯兽技能都是三阶，不过酿酒技能也已经升级在望，估计再有两三天也差不多了。至于雕刻技能和绘画技能，目前还停留在二阶，毕竟之前时间有限。 魏毅给这两个技能分配的时间少之又少，只是偶尔雕刻食物、雕刻剑鞘、剑柄等装饰物时才会提升一些熟练度，而绘画技能也是前段时间魏毅为酒楼创作的那些画作才让熟练度提升了一大截。目前距离升级只差百分之二十六的熟练度，唉，寿元依旧只有五十岁，还需努力啊！魏毅看着系统面板，暗自感叹了一句。 之前健身技能升级到三阶时，寿元增加了许多，加上以形补形和各种食补，寿元从四十三岁直接提升到了五十岁。但尽管如此，这个年纪还是有点短啊。尽管比起自己前世的寿命已经长出很多了，但男人谁不想更长？不过魏毅其实也不担心，毕竟就目前来看，只要不停地提升健身技能和烹饪技能，这五十岁。 也只是个起始数值而已，未来的上限可能是无限。收起心中思绪，魏毅闭上眼睛，心念一动，书写技能开始升级。熟悉的感觉席卷全身，魏毅也发现自己的意识被带入到了识海之中。那里目前正生长着一棵长满了金色叶片的参天大树和一棵刚刚凝聚出的小树苗，这正是他识海里的笔墨之灵。但就在这时， 那发现那些金色叶片上的光芒忽然飞起，最后在空中凝聚出了一轮小太阳，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在那金色光芒的照射下，他也明显感觉到那笔墨之气凝聚的树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不仅如此，魏毅更是发现自己可以看到了那两棵树的根须。小树的一条根须与大树连接在一起，而大树的根须多到数不清，密密麻麻。 每个根须的末端似乎都连接着一些文字。魏毅仔细观察下，那些文字也渐渐清晰起来。他不禁发现，赫然是自己写过的所有文字。那密密麻麻的文字交织成了无数细小的根须，又汇聚成了更大的根须，最后融入树前之中。但就在这时，那无数的文字和细小的根须迅速凝聚，彼此交织，最后慢慢凝聚出了许多人影。 在最前面的两个人影，可以清楚的看到容貌，竟然是那杜少林和赵景思，而他二人身后还有许多其他身影，模糊不清，只有轮廓。这是怎么回事？啊？魏毅心中惊讶，不知道为何自己会看到赵景思和杜少林的身影，而且那些模糊不清、只有轮廓的身影又是什么人？不过很快，他就感觉到了无数信息涌入脑海，他的意识开始有些模糊。 直到最后进入到了某种玄之又玄的状态中，似乎醒着又似乎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魏毅再次清醒了过来，无数信息变得清晰明朗，他的眼眸也变得更加深邃明亮，嘴角不自觉的勾起了一抹笑意，脸上也渐渐浮现出了激动的神色。这次升级，他获得的第一个能力名为“奋笔疾书”，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提升手速的技能，一个呼吸间。 便能写出上成百上千字。魏毅感觉就这手速，自己去打飞机，呸，是去偷东西或者变戏法都可以了。不过有了这份笔记书，自己就可以大幅提干熟练度和笔墨之气的效率了。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一个新的神通，名为“妙笔生辉”。这是一个功法类的神通，不像入木三分那样，属于借助天道之力给物体赋予属性和规则的神通。 这妙笔生辉是直接将体内笔墨之气化形成类似武者血气、修真者真气一样的能量去攻击。自己用妙笔生辉挥毫泼墨，那写下的字迹便不再是字迹，而是可以杀人的剑气。当然，如果用这妙笔生辉配合诗词的意境，还能凝练施展出更强大的威能。这就类似修真者单纯释放真气攻击与运用真气催动法术去攻击的区别。 而且，这诗词能发挥出的威能强弱，除了其本身蕴含的强大诗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首诗所凝聚的共鸣力量。所谓的共鸣力量，就是这首诗被世人知晓且认可，得到越多人的情感共鸣和认可，凝聚的愿力越强大，那么这首诗词可以发挥的威能就越强大。其实这一点跟魏毅获得那金色光点有些类似，所以。 如果想让一首诗成为强大的法术，那就需要让这首诗被更多人知晓，获得更多人的情感共鸣。如此说来，以后我倒是可以出钱多开办一些学院，广招学子，然后让他们学习我写的诗词，甚至让夫子教他们去感悟诗词的诗意，帮助他们与诗词共鸣，岂不是就可以手动增强一首诗的威能了吗？魏一心说着，这倒是打开了他的思路。如今这清风书院就是自己最好的目标。 回头出钱扩建一下，免费提供旧学，广招学子进行培养。未来自己或许可以在这方世界开创个儒道宗派。魏毅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也是因为这次升级后还获得的另外一个强大的能力。而这也是为何他会看到那识海中的笔墨之灵发生了那些奇怪的变化，又为何会看到杜少林和赵景思以及那些模糊的人影？因为这次升级。 笔墨之灵也一同升级了，以后自己获得笔墨之气的方式，除了不停的写字外，画画同样也能增加笔墨之气。当然，还有个更牛的方式，找人代笔，或者说是收学生。简单来说，就是共享自己的笔墨之灵给自己的学生。但自己是高级管理员，自己的学生以后写字画画凝聚的笔墨之气都会贡献到笔墨之灵中，同时。 他们也可以使用笔墨之气，但如何使用、使用多少的控制权限归自己管，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共享笔墨之灵的。首先，他们本身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其次，对自己所写的那些诗词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以及较深的感悟，甚至说将那些诗句奉为真理和信仰，才能够与自己体内的笔墨之灵产生联系。比如那赵景思和杜少林。 而且目前升级后，魏毅可以看到杜少林身上凝聚着那宛若山海一般的笔墨之气，这是他几十年来凝聚在身上的笔墨之气。如果将其连入自己的笔墨之灵，估计可以瞬间凝聚出一片森林。他以后再写字作画、修炼笔墨之气，也会共同凝聚笔墨之灵。而且他想要使用笔墨之气的话，则是要在自己赋予他的权限范围内使用。所以。 未来自己可以用这笔墨之灵连接自己所有虔诚的学生，让他们一起跟自己干书写绘画，贡献笔墨之气，凝聚笔墨之灵，这就仿佛获得了信仰之力一样。有万千学子共同努力，自己的笔墨之灵很快就会成为笔墨之森，成为书山学海。第八十四章，世子出手。当然，奋笔疾书和妙笔生辉也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毕竟在施展妙笔生辉时。 手速决定了自己释放法术的速度，有了这奋笔疾书，自己瞬间失成释放威能。接下来就把那清风书院培养成我的势力。魏毅心中有了主意，他从床上坐起，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还是一片漆黑。房间里有十几只猫咪正趴在床边睡觉，驯兽技能的熟练度也在不停的增加着，而其余的猫咪正在魏家周围各个角落里巡逻放哨。 如今这夜里守夜的不仅仅只有护院，还有那些猫咪。它们虽然没有强大的攻击力去击杀敌人，但是却可以作为巡逻预警，更好的发现危险，然后发出预警，算是防患于未然了。毕竟图谋不轨者肯定也想不到猫咪会是自己的眼线，更不会特意去防着那些猫。而且论隐藏能力，猫咪绝对是天生的高手。魏毅并不急着去将杜少陵和赵景思。 连入笔墨之灵，毕竟自己需要找个合适的契机、合适的理由，赋予他们二人这伟大的使命。下床后，魏毅点燃蜡烛。他这一动，房间里的猫咪几乎都醒了，有的抬头看了看他，继续睡觉；有的则是原地注视着他。走到一旁点燃蜡烛，最后来到了书案前，拿起了毛笔。魏毅先试验了一下“奋笔疾书”这个技能，果然手速惊人。 一个呼吸间，一篇文章便写了出来，就跟打印机似的。那笔墨之气和熟练度的增长也是瞬间增加了非常多。嗯，果然很好用。魏一心说着，有了这能力以后，干熟练度和笔墨之际就更快了。试验完，奋笔疾书。魏毅又拿着毛笔尝试着施展妙笔生辉。与此同时，那毛笔上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芒，笔墨之气向着笔尖汇聚。 道道光华迸射而出，虚空似乎都在微微震动，更是搅动了周围的空气，化作了静风。这一幕让房间里的猫咪全都惶恐的看着魏毅手中毛笔，吓得退到了角落里，甚至有的直接从猫洞跑去了外面。但魏毅并没有完全施展那妙笔生辉，算是点到即止，毕竟他不想闹出太大动静，暂时还需要隐藏这个能力和底牌。 如今又多了一个自保的底牌了，魏义心说着，健身技能让自己拥有了媲美九品武者的力量。如果配合上蛮力锤法和千锤百炼的发力，以及那庖丁解牛的刀法，估计寻,寻常九品武者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若是再加上那柄倚天剑，估计在八品面前都有招架之力。如今又有了这妙笔生辉的神通，魏毅感觉自己绝对有斩杀八品武者的实力。对上七品。 估计也能有一战之力，甚至配合入木三分提前布控好，七品都能阴死。而且随着笔墨之气不断的增加，以及自己对诗词威能的提升，或许有一天，单单以妙笔生辉就能斩杀六品，甚至更高修为的武者。不过魏毅很清楚，不到万不得已，自然不会倾尽全力，也不会去以身犯险。能让别人替自己处理掉的人，自然不会自己去冒险。 能在暗中解决的人，也绝对不会当面击杀。试验完了新获得的神通，魏毅放下毛笔，开始了每天的晨练。香满楼的菜品和酒水的口碑，借着郡主赵景思和杜少陵光临香满楼的事情，迅速的在城中传播，甚至传着传着，传出了各种不同的版本，也传得神乎其神。有的人说，杜少陵喝了香满楼的酒，诗兴大发，写了许多惊世诗作，送给了香满楼。 有的人说，郡主为了吃香满楼的菜，把自己珍藏的名家字画都送给了香满楼；也有人说，香满楼是郡主和杜少陵合伙开的。但不管是何种传言，香满楼算是彻底名动全城，一夜之间火遍大街小巷。而酒楼里的那些诗作和诗句，也同样在文人墨客间飞速传播，甚至杜少陵已经将这些诗词装订成册，收藏在书院典籍中。 更是开始以这些诗词作为教材授课，所以接下来的几天，香满楼几乎天天爆满，门口天天排着长龙，几乎从早到晚，店内都是座无虚席。这也直接导致其他酒楼的生意肉眼可见的惨淡。城中能吃得起酒楼的人就那么多，如今他们全都跑去香满楼了，而且一连吃了好几天，顿顿吃都不觉得腻。不仅如此，魏毅买下的两家酒肆。 售卖的兰生酒销量也节节攀升，所以几天的时间，万家酒水销量断崖式下跌，每天不足原来的四成。这还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城中绝大部分酒肆、酒楼、青楼等酒水销售场所，不然恐怕连一成都不到了。所以万银昌彻底坐不住了。这天上午，万银昌带着万子和主动来到了赵汉卿的府邸，希望请他出手，世子。 如此下去，可能我们酒行的市场彻底被兰生酒和兰陵美酒给抢去了。这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万家的利益，也是您的利益啊！我们不能再放任他们不管了。您身份高贵，人脉甚广，这件事只能靠您了。”万银昌情绪激动的说道。他现在是真的有些慌了，对手这次强大的过于离谱，直接在城中引发了那么大的轰动，他想要耍阴招都不敢了，因为搞不好…… 就是自掘坟墓。听着万银昌的话，赵汉清依旧神色淡然，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我知道了，我会亲自去找郭貔貅和魏一谈的。你稍安勿躁，有了结果，我会通知你的。”多谢世子，事成后，我万家愿意再让出一成商贾送给世子。万银昌躬身作揖道：“嗯，好，我稍后就会去一趟香满楼。”赵汉清微微一笑，说道：“好。” 那我父子二人就不打扰世子了。万银昌和万子和告退。但不知为何，万银昌总觉得这心里还是不怎么踏实。但仔细想想，世子都出面了，那郭貔貅和魏毅定然知道自己该收敛了。万银昌离开后，赵汉卿沉吟少许，旋即叫管家备马车去了香满楼。临行前，他还特意带上了两千两银票和一盒贡茶。第八十五章：打不过就加入。 酒楼账房里，魏毅正在跟孟水莲和郭皮修一起谈论扩建酒房的事情。毕竟以目前兰生酒和兰陵美酒的销量，酒房的产能已经快要跟不上了。而且魏毅也打算进一步优化兰生酒和兰陵美酒的酿制工艺，让酒水的品质和味道进一步提升。同时推出不同香型的兰陵美酒。白酒一般分为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凤香型、米香型。 芝麻香型、馥郁香型等不同香型，可以满足不同酒客的口味需求，获得更丰富的味觉体验。早在昨日，魏艺的酿酒技能也升级到了四阶，这让他获得了更加高超的酿酒技能，以及丰富且全面的酒类酿制方法。可以说，什么白酒、葡萄酒、朗姆酒、白兰地等等天下各种酒类，他全都会酿制了，而且都是最高级。 最先进的酿造方法，在整个酿造工艺上，魏艺也掌握了包括不同酒区的制作、不同的发酵、蒸馏、串香、勾兑等丰富的方法。可以说，通过这些方法，它能让兰生酒和兰陵美酒的口味再提升好几个档次。除此之外，魏毅还掌握了非常厉害且品类丰富的药酒制作方法，可以用作不同用途，如治疗外伤、跌打伤、内伤、滋阴补阳。 补充血气、真气，甚至是短时间内激发力量的药酒等等。魏毅感觉自己以后可以直接开个药酒店铺，专门售卖针对江湖人士和武者的各类药酒，绝对能够成为那些武者和修真者们强身健体、杀人越货、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当然，这次晋升到四阶，魏毅除了获得了各种酿酒技能，也获得了一个专属武学——醉拳。 这醉拳与魏毅前世看到那些武侠作品里的功夫大同小异，是一种辅以酒精的刺激，激发潜能，但行醉意不醉，拥有独特身法和拳法的一种武学。行，我这就去再寻找一处酿酒坊，把它盘下来。听到魏毅的话，郭皮修笑着说道：“好。”另外，我稍后给你列一个采购清单，你去按照清单采购一下相关的谷物。”魏毅说道：“没问题。” 魏毅这次除了要扩充酒房规模，增加伙计的人数外，也打算用入木三分妙法，再给酒房的设备升升级，可以缩短发酵周期，缩短存放时间，进而来提升产量。就在这时，门外传来的伙计的声音：“几位掌柜，有位贵客想要献一献你们。”“嗯，好。”孟水莲应了一声。“行，先这样。”魏毅带着孟水莲和郭貔貅走出了账房。 刚来到大厅，郭皮修一眼就看到了那赵汉卿，顿时满脸惊讶的跑了过去：“世子，欢迎过来，有失远迎啊！”郭皮修满脸堆笑，心中颇为惊喜。“不必多礼，郭公子，我有些事情想要跟你和魏公子谈一谈。”赵汉卿面带笑容的说道，目光也不禁落在了魏义的身上，然后拱了拱手。魏毅也立刻回礼，走了过来，目光瞥了一眼赵汉卿身后的剑客， 一看就给人一种高手的气质，世子，那就楼上雅间请吧。”郭皮修连忙说道，“这里太过吵闹，我们换个清静的地方吧。”赵汉清说道，“那不如到我的书房吧。”魏毅笑着说道，“我来介绍一下，这位乃是静安王府的世子。”郭皮修连忙介绍道，“见过世子。”魏毅心中有些好奇，这世子要先自己和郭皮修，所谓何事？魏毅将赵汉清。 请到了自己的书房，赵汉清带来的那剑客则是留在了书房门外。三人纷纷落座，魏毅正准备吩咐婢女沏茶，赵汉清却是叫住了魏毅，然后将手里的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了魏毅：“魏公子，这是我带来的贡茶，送给你尝尝。”世子太客气了，魏某何德何能？魏毅客套着。赵汉清微微一笑，并未说什么，只是将那贡茶交给了婢女。 一直听闻魏公子才华横溢，既是五品铸剑师，又有惊世诗才。之前也听郭公子对你屡屡夸赞，今日一线的确是名不虚传。赵汉卿开始了一番商业互吹，魏毅自然也不能落下风，一边谦虚，一边奉承夸赞的赵汉卿。旁边的郭皮修也是跟着应和。一番互捧后，赵汉卿终于是引入了正题：那天郭公子送来你们酒楼的兰陵美酒，的确非常好喝。 我这平日不怎么喜欢饮酒之人，也是忍不住的多喝了几杯。赵汉清笑着说道，言谈举止颇为文雅。承蒙世子喜爱，受宠若惊。魏毅继续客套着。不过有一件事，可能你们不是很清楚，而且知道这件事的人的确也不多，甚至郭公子都不知道。赵汉清画风陡然一转，魏毅和郭貔貅对视了一眼，有些诧异的看着那赵汉清。 不过，魏毅立刻便有了些许猜测，也想起了万子和曾经在酿酒坊门口说过的话。这城中的酒行背后，还有一位他们得罪不起的人。难道这人就是赵汉卿？其实，这万家的酒楼和酒行都有我一半的商股。赵汉卿的话一出口，让郭皮修面色一变。魏毅虽然表情依旧淡然，但眉头也稍稍皱了一下。世子，那万家口中的郭皮修面色凝重的看着赵汉卿。 万家本来是求我过来想办法对付你们的，毕竟你们如今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万家的利益。不过我入股万家的产业，目的只有一个，赚钱。赵汉清脸上依旧是那般和煦的笑容，他继续说道：“我与万家并无多深的交情，也不想为他们出头。更何况，很明显你们的酒水品质更胜一筹，也必定会取代万红酒，风靡全城。所以。” 我今日过来只有一个目的，希望加入你们。我们强强联手，必定可以扫清一切障碍，彻底垄断整个青州城的酒楼酒行，甚至可以向其他城镇扩张。听到这里，郭貔貅原本凝重的神情已然是笑逐颜开，满脸惊喜之色。魏毅虽然神色如常，但嘴角也勾起了一抹笑意。我让万家让出一部分酿酒方、酒肆、酒楼等产业抵我的商股，来帮助你们迅速扩张。 我甚至可以让万银昌直接让出行会行首以及总行头的身份给你。”赵汉清正色道。听到这里，魏毅笑了笑，看来这赵汉清果然是聪明人，知道什么叫打不过就加入。而且正如他所说，他就是个真正的商人，或者说是投资人。他自然不管你们各家之间的恩怨纠葛，他看重的就是谁的产品更优秀、更有前景。 能够帮助他赚到更多的钱，魏毅并不抵触与赵汉卿强强联手，甚至很愿意与他合作。毕竟，就如赵汉卿所说，他们联手可以最快速的扩张和占领整个市场，更是能够省去许多麻烦，让万家那些苍蝇不再赶来滋扰。这是合作共赢的方式，而且钱多到一定程度，最后就是数字罢了。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势力，钱太多了反而成为祸患。 若是再有这赵汉卿的加入，绝对又多了一道保障。第八十六章投资学院。面对赵汉卿的诚意，魏毅自然欣然接受了他的加入。从魏家离开后，赵汉卿回了府邸，并安排人去叫来了万银昌。不久后，万银昌便带着万子和来到了府上。赵汉卿去了香满楼的消息，万银昌自然也听说了，所以万银昌以为这赵汉卿是要告诉他们好消息。 然而没想到，听到的却是晴天霹雳。世子，我我没听错吧？万银昌面色难看的问道：“你莫听错，以后我会入股魏家产业，与他们合作。”赵汉清轻描淡写的说道：“所以，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不要再动什么歪脑筋，以前你对孟家做的那些伎俩，最好不要再用了，不然我只有将你们万家赶出青州城。”赵汉清面无表情的说道：“另外。” 你行首和总行头的位置也让出来吧。听到赵汉卿的话，万银昌面如死灰，那表情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一旁的万子和整个人也傻在了那里。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没料到，这赵汉卿竟然直接抛弃了他们，选择了跟魏毅他们合作。不过仔细想想，却也觉得合情合理。甚至万银昌之前心中也有过一些担忧，只是抱着侥幸，不愿意相信。 这就是他当年一直想要得到兰生酒酿酒方的原因。果然，这个隐患终于成了大患。如今再加上那兰陵美酒，世子这种聪明人定然能够看清局势。换作是他在没有个人恩怨的因素下，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完了，万家这次彻底败了，一败涂地。万银昌颓然的靠在椅子上，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不敢去想未来，因为哪里还有什么未来？ 而赵汉清则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让万家让出一半的酒肆、酒楼等产业抵他的商股，转让给魏家，并正式让出行首和总行头的位置给魏毅。清风书院，魏毅送走赵汉清后，便受邀来到了清风书院。昨天傍晚，杜少林就派学子来到魏家，邀请他去书院做客。刚好魏毅近期也准备找杜少林聊一聊关于扩建书院、广招学子。 以及新建私塾的事情，他已经打定主意，未来要将清风书院打造成自己的儒道门派。不过这件事也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魏毅来到清风书院后，学院的学子们可谓是夹道欢迎，他们心中都十分的敬重魏毅，毕竟这段时间他们都读过魏毅的那些诗词，甚至很久之前就听过那首“明月几时有”，心中对于魏毅。 自然是崇拜不已，甚至那些曾经与魏毅同窗过的学子们，也因此而感到骄傲。杜少林将魏毅请到了自己的书房，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人，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一脸的刚正不阿。魏毅一眼就认出了这人，正是那新来的知县苏辙。这苏辙也听说了那些诗词的事情，一直也很想献一献魏毅，但觉得无论是把魏毅约到府上，还是自己亲自去魏家。 都怕他多心，他也不想别人说闲话，他这人最讨厌那些流言蜚语，所以在这书院里献魏逸是最合适的场所了，彼此不必拘于彼此的身份，单纯以文人的身份去交流。但魏毅过来也并未空着手，他给杜少林带了一坛兰陵美酒，所以三人便一边饮酒一边聊起了魏毅的那些诗作。如今天气寒凉，城中人即使不吃饭的时候，也会小酌一杯。 毕竟酒水也能起到驱寒的作用。三人闲聊着，杜少陵也说起了魏家那些猫的事情。毕竟他是知道原因的。魏毅这才知晓为何之前城中突然多了那么多被弃养的橘猫。原来是苏小姐的猫丢了。不过苏小姐的猫还真有可能在寒舍。回头苏大人可以让苏小姐到寒舍看一看，是否有她丢失的猫。魏毅笑着说道：“说来实在是惭愧，都是我那闺女无理取闹。” 惹出了这么多麻烦，却让魏公子成了善后之人。回头我会让小女登门致歉，这饲养猫的花费，苏某也会承担的。苏哲一脸歉疚的说道：“苏大人不必在意，我们酒楼平日也会剩很多残羹冷炙，刚好喂养那些猫。这件事也怨不得大人，更怨不得苏小姐，都是不正之风闹的。”魏毅笑着说道：“魏公子果然是明事理、乐善好施之人啊。不过魏公子说的没错。” 如今的大燕王朝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世风日下。魏毅的话不禁又让苏哲和杜少林想起了如今朝堂的混乱，想起了那些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人。两人便聊了一会朝堂国事，魏毅也从旁获得了不少有用的信息，知道了那天人叫祸乱朝纲，也知道了如今朝廷的局势，心中还真是有些担忧大燕王朝的未来啊。 好在青州城天高皇帝远，天人教的手掌还没有伸到这里来。聊到最后，杜少林和苏辙都是连连叹息，满脸愤愤不平。魏义见两人都沉默了，心情也有些沉重，便主动转移了话题，说起了他想出钱资助清风书院扩建扩招的打算，以及兴建更多的私塾，让更多孩子有读书的机会。目前，清风学院里的学子基本都是家庭条件相对优渥的。 毕竟学员的学费并不低，寒门子弟几乎是没办法进入学院的，更别说是平头百姓了。而为义资助学院，一方面是扩大学院的师资力量，另一方是扩大招生，同时降低清风学院的学费，并且给予那些寒门学子，甚至是平民家的学子，通过考试免费进入学院学习的机会。而新建私塾也是由他来出资建造和请教学先生，让那些有天赋。 愿意学习的孩子可以花最少的钱进入私塾学习，甚至成绩优异者可以免费在私塾里学习。听到魏毅的话，杜少林可谓是激动不已，不禁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满脸惊喜的看着魏毅：“魏公子，此话可当真？”杜少林很清楚，魏毅这是何等壮举，怕是连静安王府都做不到这般。他这就是用自己的钱去帮助穷人家的孩子获得上学的机会啊！ 此等善举，简直是大善若水，润物无声啊！那是自然，今日过来我便是想跟你谈这件事的。”魏毅笑着说道。“魏公子果然深明厚词啊！”苏哲也是满脸激动，目光崇敬地看着魏毅。他们与杜少林都是文人，也深知教育不是空口白牙，而是需要真金白银去支持的。他们二人空有抱负和理想，却是囊中羞涩，而魏毅作为商人。 赚了大钱，竟然会想着造福万千学子，给无数平民子弟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份仁慈和善良，令他心中敬佩，也值得天下人的敬佩。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也是尽我所能罢了。”魏毅笑着说道。听到魏毅的话，杜少林和苏哲二人如遭电击，感觉内心仿佛被什么深深触动了一样。这句话他们以前从未听过。 但却如同哲理，如同圣人之言，简直发人省省啊！必须那小本本记下来，以后用来教导学生。好一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魏公子果然大才。这句话简直如同至理名言。是啊，这句话当真是令苏某振聋发聩啊！说的太好了！杜少陵和苏辙目光炙热，神情激动的说着。第八十七章，尴尬了。 魏毅与杜少林和苏哲二人详细的聊了一下扩建学院和新建私塾的事情。他主要负责出钱，杜少林负责解决师资问题，而苏哲作为一个清廉的官员，虽然掏不出来太多钱，但能做的事情却非常多。比如可以利用城中各种资源和人力，帮助魏毅最大程度的节省成本，将城中目前闲置的房屋免费提供给魏毅新建私塾，甚至是官方发起募捐。 让城中商人一起合力出资等等，三人一拍即合，很快便制定了详细且周密的计划。本官敬魏公子一杯，我代表青州城所有百姓，在此先谢过魏公子了。苏哲举起酒杯，无比感激的说道：“苏大人言重了，魏某受之不起。不，你当之无愧。”从清风学院回来后，魏毅心情非常好，今天自己相当于一下子收获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人脉资源。 一个是赵汉卿，一个则是知县苏辙。有了这两个人脉，如今自己在这青州城内真的可以呼风唤雨了。而且用不了多久，自己就要在这个世界建立第一个儒道门派了。在那些学子的助力下，自己的实力绝对可以突飞猛进。那时候，自己就真的不用害怕什么了。傍晚时分，县衙内，苏辙正在书房里与主簿徐来。 一起筛选城中适合建立私塾的空置的房屋。就在这时，苏林韵却是跑了进来，笑嘻嘻的说道：“爹，我听说城中香满楼的菜非常好吃，您能派人去打包一些菜，晚上吃吗？”听到苏林韵的话，苏哲立刻想到了什么，当即板着脸说道：“你倒是提醒我了，你一会去一趟香满楼，找位掌柜，给他好好道个歉。”“为什么啊？”苏林韵一脸不满。 你说为什么还不都是你闹的？苏哲将魏毅收留那些猫的事情说了一下。听到这些话，苏灵韵却是喜上眉梢，满脸惊喜。爹，真的吗？太好了，我的猫肯定也在他那里。爹，我这就是为家登门道歉。苏灵韵开心的说道，旋即一溜烟的跑出了书房，但很快又跑了回来。对了，爹，我去打包菜回来吃，再给你买一壶酒。苏灵韵笑着说道。 旋即再次跑了出去。苏林运乘车来到了香满楼，发现门口排着不少人，看来这香满楼果然名不虚传啊。苏林运心说着，他原本以为这青州城没什么美食，如今看来这家香满楼倒是值得期待。来到酒楼后，苏林运跟孟水莲说明了来意。孟水莲得知对方乃是知县苏大人的女儿，便立刻安排伙计带她去了后院。 此时，魏毅刚好与魏晴在院子里给那一大群猫喂食。看到那满院子的猫，苏灵韵感觉仿佛来到了天堂。掌柜，有位贵客求见。伙计开口说道。魏毅看了看那苏灵韵，立刻猜到了他的身份。而苏灵韵的目光也立刻落在了魏毅身上，目光亮了几分。你就是魏公子吧？我是苏灵韵，苏知县的女儿。哦，对了，按照我爹的要求，我要先给你道个歉。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苏玲韵装模作样的给魏毅作揖鞠了一躬，一副完成任务的样子，根本莫走心。无妨，魏毅微微一笑。他本来也没觉得这是与苏玲韵有什么关系，更不觉得这是什么麻烦，反倒是自己的幸运。对了，我听苏大人说你的猫丢了，看看这里是否有你的猫。魏毅笑着说道。苏玲韵目光扫过那群猫，感觉也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了。 这群猫大部分都是橘猫，甚至体型都跟自己的猫相差不多。不过我这里猫有些多，你应该能分辨出自己的猫吧？魏毅又说道。当然了，橘子是我从小养到大的，再多的猫我也能一眼就认出它。苏灵韵信誓旦旦的说道，但目光扫视众猫，寻找了一番，还真是有点眼花缭乱啊。那群送猫的家伙还真是上心啊。 挑选的猫都跟自己的橘子极为相似，当然也怪自己当时描述的太详细了。橘子，苏林韵呼唤了一声，觉得自己的猫肯定会有反应。果然，她呼唤了两声后，其中一只猫转头看向了她。苏林韵喜上眉梢，立刻穿过猫群来到了那只猫身边，然后一把将它抱在了怀里。橘子，我终于找到你了，我想死你了！以后不许再乱跑了。 苏玲韵抱着那只橘猫，深情款款的说道：“，但那只橘猫在她怀里显得有些抗拒，似乎还想要挣脱她的怀抱。”就在这时，另一只橘猫从魏毅的书房里跑了出来，然后走到魏毅脚边，看着苏玲韵喵,喵喵叫了几声。对，这里还有一只，这只是我捡回来的第一只橘猫。”魏毅看了看脚边的橘猫，说道。听到魏毅的话，苏玲韵立刻看向魏毅脚边那只橘猫，然后又看了看自己怀里的猫。 表情瞬间僵住了，嘴角不禁抽了抽。完了，尴尬了，我竟然认错猫了。苏林韵有些尴尬的看了看魏毅和魏晴，然后慢慢的放下了怀里的那只橘猫，浅笑一声，走到了魏毅身边，指了指那正在用头蹭魏毅小腿的橘猫，说道：“哼，<laughs> <laughs> 好像，好像这个才是我的橘子。”苏林韵蹲下身去，仔细辨认了一番，这次确定没错了，而且。 那橘猫看到他之后，也主动上去喵喵叫了两声。从魏毅家中临走前，苏灵韵很真诚的感谢了魏毅一,一番，这次是发自肺腑的。然而，让他怎么也莫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醒来，他的橘子又不见了。而魏毅在给众猫喂食的时候，也发现了那橘子又出现在了院子里。橘子，你怎么又回来了？魏毅有些哭笑不得，看来这苏灵韵。 以后要成自己家的常客了。果不其然，刚吃完早餐没多久，苏灵韵便再次来到了魏家。因为橘猫赖在魏家不走，这苏灵韵也赖在魏家不走了。而且院子里那么多猫，让苏灵韵乐不思蜀。她与魏青一起逗猫,猫，一起撸猫，一起闲聊，两个姑娘倒是很快打成了一片，甚至最后一起去逛街了。这让魏毅不禁感叹：女孩之间的友谊。 建立的就是这么的容易，而魏毅不久后也接到了赵汉卿的通知，旋即带着郭皮修等人一起去了万家的酒楼。第八十八章名利双收。万银昌召集了城中酒楼、酒行等行会的成员，当众宣布了自己将行首之位让贤给魏毅。这个消息、啊，那些掌柜们惊讶不已。虽然他们料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天，甚至很多人也盼望着有这么一天。 但莫想到来的这么快，这么突然。那横行霸道、欺压同行、垄断产业、无恶不作的万银昌终于倒台了。他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可见他这次败得很彻底，不然绝不会如此痛快的让出了行首的位置。当然，现场除了万银昌自己心情极度抑郁外，其余人心中都是喜悦的。就连那之前与他沆瀣一气的酒楼掌柜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们都清楚，魏毅上台后，各个行业的情况绝对不会比原来更差了。就算香满楼依旧会是全城最火的酒楼，让他们望尘莫及，但至少会给他们一些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不像从前，一切全凭万家脸色和好恶。每年赚到的钱，还要给万家送大礼，才能保住明年的生意。万银昌就如同吸血鬼一样，不停的吸取和压榨他们的钱。 而魏毅在五金手工各个行业的口碑可谓是非常的好，在他管理下的各个行业也是肉眼可见的比从前更加繁荣。他从不欺压各家掌柜，也给予了同行之间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更是真正做到了行会建立的初衷——互帮互助，抱团取暖。而且那魏毅也从不会压榨同行，逼迫他们送礼送钱，所以各个掌柜心知肚明。 如今魏毅成为了行首，那么他们也就相当于摆脱了万家的掌控，不用再受制于万家，甚至也有机会售卖兰生酒了。这样他们的生意应该也会比现在好上一些。宣布完让贤后，万银昌坐在一旁，阴沉着脸不再说话。他也不敢多说什么，毕竟赵汉卿就在隔壁雅间，而且转让行首之位只是开始，真正让他肉疼是那饮食业总行头的身份。 只要等户部文件下来后，孟水莲就会代替他成为总行头。毕竟按照规定，魏毅已经是五金手工业的总行头，不能再担任饮食业的总行头了。许久后，一众掌柜从万家酒楼离开时，可谓是笑容满面，心情愉悦，感觉这笼罩在心头的阴霾一下子散开了。然而，万银昌心头的阴霾怕是再也散不开了。待着所有掌柜离开后。 万银昌拿出了诸多契约和房契等，转交给了魏毅。这些契约共包含了三家酒楼、五家酒肆和两家酿酒坊，而且其中一家酒楼正是当年香满楼旧址，是孟家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孟家心中最放不下的心结。所以，当魏毅回到酒楼，在账房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孟水莲时，孟水莲激动的一把抱住了魏毅，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他是真的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他觉得当年孟家受到的所有耻辱、所有悲痛，似乎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安慰，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魏毅的帮助，因为有他在，所以孟水莲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魏毅的恩德，怕是以身相许、当牛做马都不足以报答。谢谢你，魏毅，谢谢你！孟水莲抱着魏毅喜极而泣。 所有苦难都过去了，剩下的都是美好。魏毅轻抚着孟水莲的后背，说道：“接下来的几天，魏毅与郭貔貅开始忙着接手万家转让过来的那些酒楼、酒肆和酿酒坊。酒肆改了招牌，更换了售卖的酒水，便继续营业了。而酒楼则是暂时关门，需要重新进行简单的装修、培训厨子以及人员调整后再重新开业。魏毅倒也不着急。” 毕竟目前他不缺钱，而且酒水的产能还没提上来，酒楼开业了也是供应不上，所以他与郭貔貅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对酿酒方的改进和提升酒水产能之上了。魏毅将原来的兰生酿酒坊彻底改造成专门酿造兰陵美酒的酒坊，从万家手里接手的两家酿酒方，以后全部用来生产兰生酒，他也对酿酒设备和存酒设备进行了一番升级改造。 来缩小酿造周期，并且也优化和调整了酿造的工艺流程，运用到了包括勾兑、串香等方法，来进一步提升两重酒水的口味和品质。自从魏毅成为行首后，城中各家酒楼、餐馆、茶楼、酒肆掌柜家里的女眷，差点把魏家的门槛给踏平了。他们送的各种礼物堆积如山，感觉回头就能直接开一家商店了。而苏灵韵也彻底。 成为了魏家常客，更是与魏晴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好友，彼此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有时候晚上都不肯回家，与魏晴住在一起；有时候也会请魏晴到他家去住。这也是苏灵韵来到青州城以来第二件令他开心的事情。第一件则是发现了香满楼的饭菜非常好吃，甚至比京城里的酒楼餐馆还要好吃。但是自从被魏晴邀请， 吃了一毒魏义烧的菜以后，这苏灵韵甚至觉得香满楼的饭菜都不香了。如果不是他父亲要求他必须每天回家吃饭，估计他就准备直接当魏家人了。但尽管如此，这苏灵韵还是没少找借口在魏家蹭饭吃。不过魏毅倒也不介意，只是多一双筷子而已。魏家大家大业的，还差多他一口人吗？而且每次自己烧菜时。 这苏灵韵和魏晴都会在一旁打下手，很勤快，也很听话。当然，这段时间里，青州城内最轰动的消息，并不是万家倒台、彻底败给香满楼的消息，而是关于魏毅出钱资助清风书院扩建，并打算在城中兴建私塾的消息。这件事更是借着魏毅那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彻底名动全城，让魏毅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尤其是在那些底层普通百姓心中，魏毅便如同那济世圣人，因为魏毅给了他们孩子学习的机会，更是给了那些平民子弟进入清风书院学习的可能。如此善举，在这个时代属实不多见。而在无数学子心中，魏毅的地位也是节节攀升。他们始于魏毅的才华，却是限于魏毅的高尚品德。魏毅说的那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也已然成为了他们的座右铭。如今，魏毅在这青州城内，当真是名利双收，受万人尊崇。第八十九章：烹饪技能进阶。哎，对了，天禄，你知道哪里能买到妖兽的血液和鲜肉吗？从酒房乘马车回酒楼的途中，魏毅忽然开口问道。他最近准备着手制作药酒，虽然他掌握的药酒，大部分使用的都是相对常见的药材。 但一些功能比较强大的药酒，需要用到的药材就比较珍贵了。比如一些可以专门辅助武者修炼和用于补充血气等功能的药酒，除了要用到许多珍贵药材，还需要用到那新鲜的妖兽血液和鲜肉。虽然有的药酒也可以用风干的妖兽肉代替，而且这种妖兽肉干在药材商那边也能买得到，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尤其是一些可以瞬间补充武者血气，甚至是能够短时间内增强武者血气和力量的药酒，必须使用新鲜的妖兽血液和鲜肉，通过特定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后，再搭配药材制作药酒才能发挥功效。这你找对人了，这城中唯一能搞到新鲜妖兽血肉的，也就是我郭家了。郭皮修一脸得意的说道：“妖兽指的是那些妖化的兽类。” 多因为食用了某些天才地宝，亦或是得到某些机缘而化身妖兽。他们有的进一步成长，就会变成强大的妖怪，甚至有的会拥有法力。其中恶者多是那未获一方的大妖，以人喂食；善者多会潜心修行，以化成人形为目标。有的会拜入仙门，追寻那成仙之道；也有的会与其他同类和同道者组成自己的势力。但妖想要化为人形， 绝非易事，没有几百上千年的道行，或是某些非凡的大机缘，几乎很难。所以，数量最多的妖兽，基本都是活了几十上百年的妖化兽类。虽然实力也非常强大，但并无道行，也不懂法术神通。一般八品九品武者，以众人之力辅以各种机关陷阱，就有机会猎杀到这种活了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妖兽。妖兽的肉是极为珍贵的药材。 能够卖上非常不错的价格。所有有专门的势力雇佣武者去猎杀妖兽，他们的血肉对于武者来说也是一种增强体魄、辅助修炼的的珍贵营养品。而对于修真者来说，妖兽的血肉便是炼丹的材料。郭家就有一支经验老道且专业的妖兽狩猎武者队伍，也是青州城内唯一的一支狩猎队伍。要知道，这可是刀口舔血的行当，没有足够的经验。 寻常武者去猎杀妖兽，要么根本猎杀不到，要么就直接成了妖兽口粮。不过这妖兽的肉可不好吃，硬的跟石头一样，普通人的牙齿咬碎了都未必能咬得动，而且吃下去也根本消化不了，甚至会危及到生命。郭貔貅以为魏毅这是寻常山珍海味吃腻了，想要尝尝妖兽的肉。毕竟魏毅不是武者，更不是那些制作药材的商贩，他突然想要买妖兽的鲜肉和血液。 还能干什么？妖兽的血液也不能随便食用的，寻常人吃了可能会直接暴毙而亡。未入品的武者一般都是用妖兽血作为药浴，增加血气和开脉的成功率。入品武者也需要用酒水稀释，少量多次的饮用才行。至于那妖兽肉，也同样只有入品武者才能少量食用，依靠血气来慢慢消化，吃多了也会消受不起的。所以大部分时候。 妖兽肉都是被风干，作为药材使用的。郭皮修给魏毅普及了一下知识，他真害怕魏毅为了寻求刺激吃了这妖兽的血肉，然后躺板板。放心吧，我不吃。回头你帮我多搞来一些，要鲜血和鲜肉。魏毅一脸认真的说道：“哦，没问题。我家的狩猎队前不久刚出发，估计再过些时日也差不多回来了。到时候我给你留着。哎，对了，魏兄。” 你突然要这些妖兽血肉干什么啊？郭皮修有些诧异的问道。准备制作一些厉害的药酒，魏毅笑着说道。你还会制作药酒？当然，等我制作好了，第一个让你品尝，保证让你原地实力飞升。我看是原地升天吧。哈哈。魏毅回到家后，刚好快要午时了，他走进厨房准备烧菜。魏晴也带着苏灵韵及时出现，开始给魏毅打下手。 当帮厨，魏毅昨天烧完晚餐，那烹饪技能便只差最后一点点熟练度了，所以今天这烹饪技能肯定就能升级到五阶了。县衙后宅，苏哲忙完了公务，也回到家中准备吃午餐，但吃饭时苏哲却发现只有他和夫人林韵，这丫头又不回来吃饭了。夫人笑而不语，她倒是觉得没什么，毕竟这阶段看苏林韵每天都很开心。 而且比以前丰满了许多，气色也非常好。每次听着苏灵韵描述魏毅烹饪的那些菜肴，他这个当娘的都想去尝尝魏毅的手艺了。天天赖在人家蹭吃蹭喝，成何体统？你也不管管他！来人，去魏家给我把小姐叫回来。老爷、oh, <yeah>，苏哲的夫人叫住了他。这灵韵也快到出嫁的年纪了，你不是也说过魏公子是你心中的梁旭吗？既然你有意把女儿嫁给魏家。 让两个小人多接触接触，不是更好吗？你女儿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若你让她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她是绝对不会嫁的。这宁死不屈的性格倒是与你一模一样。那也不能不守礼仪啊，我不能让魏公子觉得林韵不懂礼数、不懂规矩。苏哲的脸色却是缓和了下来，他自然知道自己女儿的脾气，别的莫继承，那倔劲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林韵在魏家。 又不是因为魏毅，他与魏小姐如今情同姐妹，两人经常一起吃一起住，魏公子自然不会介意的。你看现在林玉每天都很开心，你也是当爹的，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每天开开心心的吗？你倒是想得开。行了，吃饭吧。苏哲板着脸说道。魏毅烧完午餐后，那烹饪技能的熟练度也达到了升级标准，但他没有急着升级，而是等到了夜里上床睡觉后。 才开始升级，伴随着那熟悉的感觉席卷全身，无数信息融入脑海，魏毅也渐渐的陷入了沉睡。第九十章老地方现。翌日天还没亮，魏毅就感觉自己被饿醒了。他昨晚在梦里烹饪了一夜的美食，甚至连味道口感都清楚的记得，但明明嘴巴已经品尝到了味道，可是肚子还是空空如也，所以这饥饿感倍增。 口水甚至把床单都浸湿了，魏毅迅速钻出被窝。虽然如今天气已经非常冷了，甚至昨夜还下了一场小雪，但魏毅这阳刚之体就跟自带小火炉一样，完全不惧严寒。他简单穿上衣服，便跑到了厨房里，用昨晚剩下的米饭炒了一大盘肉粒什锦炒饭。这次烹饪技能升级后，魏毅的烹饪技能自然是又提升了一个境界。 更是掌握了几十种药膳烹饪方法，这些药膳功能非常全面，除了养生滋补外，也有很多是真的可以治疗疾病的，甚至还有专门用来辅助武者和修真者修炼的各种药膳。而这些药膳中，很多与药物的功能几乎别无二致，只是通过复杂的工序让药材与食材完美结合，既拥有鲜美的味道，又拥有相应的药效，甚至可能在食材的催化下，让药效变得更加显著。 其实，传统汤药多采用熬煮的方法制作汤药，是因为很多药材无法直接使用，更莫办法备的肠胃消化，就如同那妖兽肉一样。所以，通过用水熬煮的方法，将药材的药力榨取出来，获取其中的药效，这样便于消化吸收。而未毅掌握的药膳当中，有很多办法其实与熬煮汤药大同小异，只是通过更好的办法来提取出药效。 甚至将其药效转移到其他食材之上，亦或是让各种食材与药材完美融合，彼此发挥出神奇的药效。就如同牛肉炖土豆，土豆也能完美的融合肉汁的鲜美和其中的营养。魏毅掌握的那些药膳中，除了各种汤类、羹类,类、粥类、糕类的形式外，还有许多类似丸子、糕点一样的固体食物药膳。魏毅感觉这种丸子类的药膳与修真者炼制的丹药差不多了。 而且比他们的丹药味道要好，只不过人家炼丹用炉鼎，自己炼丹用大锅。不仅如此，这药膳食谱中也包含了许多重烹饪妖兽肉的办法。虽然妖兽的肉的却如同橡胶一样硬，但也并不是不能烹饪的，只是普通人的却只能少量食用。除此之外，魏毅还获得了一个名为炉火纯青的控火神通。这神通虽然不能凭空变出火焰，但却可以控制火焰。 主要倾向于对火焰温度的操控上，可以提升火焰温度上限。只要火焰足够的情况下，就是妖兽的肉也能给你烧成渣子。这神通甚至还可以用到打铁技能之中，以后自己就可以轻易的去熔炼各种材料，精准的把控温度和火焰了，简直不要太方便。一大碗炒饭下肚，魏意顿时满足了。外面的雪已经停了，天边也已经放亮了。 魏毅回到练功房内，开始了每天的晨练。如今，魏毅有着自己专门的练功房，旁边就是他专属的沐浴房间。每天修炼完，一身臭汗，便会在浴桶里舒舒服服洗个澡。而且，他最近干健身技能时，也会让几只活泼的猫咪陪在身边，陪着自己健身。自己做动作时，它们就会跟着自己一起又蹦又跳，扑咬疯闹，如此就形成了互动的熟练度。 简直一举两得，不过魏毅也不敢放太多猫进来，那样恐怕就没办法锻炼了。太阳拨开了乌云，天气放晴，一场夜雪让整座青州城仿佛披上了白纱，映着阳光熠熠生辉。不过随着太阳越升越高，那薄薄的雪花也消融了，浸湿了房屋和街道，只有一些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还留存着些许白色。魏一上午。 去找城中的药材商买了许多药材，准备用来制作药酒。但就在他把药材送到酿酒坊，然后回到家中时，却听妹妹说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封信。魏毅有些好奇的拆开信封，里面一张纸上歪歪扭扭的写着一句话：“健身男孩，今晚有时间喝一杯吗？”老地方见。看到这句话，魏毅嘴角不禁勾起了一抹笑意。没想到阔别许久，这杀马特又出现了。 他将那封信用火烧成了灰，因为他看出那字迹明显不是杀马特自己写的，而且还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显然，他不想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当然，也可能是他不想连累自己。这家伙还真是谨慎啊！刚好今天去老宅那里锻造一些好的锅具。魏一心说着，他要制作那些功效强大的药膳，其步骤非常复杂。 需要用到的锅具种类也很多，而且对于锅具的品质要求也会非常高，甚至因为有的烹饪方法特殊，要求锅具能够耐得住极热和极寒的巨变，寻常的铁锅根本满足不了，甚至用不了多久就会生锈，甚至是碎裂。所以魏毅刚好要自己锻造一些锅具。魏毅带上自己给杀马特锻造的五珠宝剑，以及自己制作一些酱料和烧菜要用到调料。 又叫人从酒楼取了一大坛子酒带上，然后乘坐马车去了老宅。途中他特意去了一趟菜市场，买了不少食材。老宅那边并没有荒废住，门口的铁器铺又重新开业了，生意很不错。店里有伙计负责看店销售，院子里也有专门负责打扫和看管房屋的家丁。魏来到老宅后，给家丁放了一天假，让他回去探亲，自己则是开始升起炉火，准备烧料打铁。 许久后，这座宅院里又响起了那久违的打铁声音。魏毅用了整整四个时辰，才将自己需要的各种锅具全都锻造好了。此时天色早已经完全黑了，铁器铺也已经关门了，伙计们都已经离开了店铺，整个宅院也只剩下了魏毅一,一人。不过如今的魏毅并不害怕有人会趁机加害于他，因为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保之力。锻造完了所有锅具。 魏毅又用入木三分妙法给这些锅也开了个光，增加它们的性能和给菜增色增香的属性，差不多可以烧菜。等那杀马特过来了，魏一心说住，他知道那杀马特肯定早知道自己来到这里了，估计等到香味飘出去，他闻着味道就来了。果不其然，当那烧菜的香味从厨房里飘散出去后，一道身影也出现在了厨房的附近，几乎同时。 门口悬挂的一个不起眼的铃铛突然自动响了起来，那铃铛也是被魏毅开过光的，有人靠近就会自动发出声响。第九十一章杀马特的邀请。听到那铃铛的响动，沙尘脚步一堵，有些惊讶的看向那无风自动的铃铛。与此同时，魏毅的声音也从厨房内传出：“来了。”伴随着这道声音，魏毅的面孔也从厨房的窗口探了出来。 好久不见，魏毅笑着摆了摆手，目光却是看了看杀马特。这家伙同样穿了一身夜行衣，但并没有戴面具，而是以黑布遮住面孔，只露出一双坚毅的眼眸和那如剑的眉毛。那铃铛是法器吗？杀马特问道。算是吧，魏毅不置可否的说道。看来如今的你已经不需要我的保护了。倒也不是，就因为没有你保护。 所以我才要多一些戒备。”魏毅笑着说道。沙尘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进来吧，刚好帮我添柴烧火。”魏毅也不跟杀马特客气。“好啊。”杀马特走进了厨房，他身上没有佩戴任何配件，倒是厨房案板上摆放着两柄宝剑，锅里正在炖着鱼，香味四溢，诱人垂涎。砧板上放着一只被拆掉骨头的整鸡。魏毅将各种调料。 塞进了鸡肚子里，然后说道：“对了，谢谢你帮我除掉刘家。按照约定，我帮你锻造了一柄五珠宝剑。不必了，替你除掉刘富贵，算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听到杀马特的话，魏毅心中略有些惊讶，没想到他竟然知道自己救了他的命。难道自己施展那祝福时，他有所感应？看来应该是这样了。沙尘又说道：“而且……” 我也只是帮你杀了刘富贵，刘家是被其他人灭门的，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只能说刘家得罪的人太多了，有人顺水推舟，直接灭了他满门。不是你？魏毅惊讶的看向杀马特。嗯，毕竟刘家那些女眷也是可怜人，他们是无辜的。沙尘又说道。魏毅点了点头，想想也是，刘家不少小妾都是被强迫嫁给刘富贵的。 说来也的确是可怜之人。不管怎样，那柄剑是给你锻造的，你拿去用吧。如果觉得不好意思的话，以后有机会再帮我一些忙就好了。”魏毅说道。“也好。”沙马特点了点头，也不再客气，旋即拿了一些柴火掰断，放入灶台之中。对了，这段时间你是离开青州城了吗？”魏毅顿了顿，又问道。“嗯，昨天才刚刚回来。如果不是惦记吃一顿你烧的菜，” 我恐怕就不回来了。”沙马特说道。“那你吃完这顿饭以后，就真的不想离开青州城了？”魏毅笑着说道。“那我倒要好好见识见识你的厨艺了。”沙尘笑着说道，旋即从腰间取了一块玉佩，扔给了魏毅：“这个你拿着，以后想要找我，就拿着这块玉佩去妙音坊找龚先生即可。”魏毅看了看那玉佩，上面写着“妙音坊”三个字，不过其上的花纹似乎很独特。 好，魏毅将那玉佩收好。虽然有些事情或许我不该问，但你介意让我知道一些关于你或者你们的事情吗？我是天下盟的人，我们天下盟也不算是什么隐秘组织。你若想要打探，应该能听到很多关于我们天下盟的消息。”沙尘说道。天下盟，魏毅点了点头。这个名字他还真的没听过，不过这也很正常。如今的自己，相较于这方世界。 其实还只是个井底之蛙罢了，自己只是知道青州城的一些事情，关于京城和朝堂的局势，他还是那日听杜少陵和苏辙的谈话才知道了一些，所以没听说过天下盟也很正常。我们天下盟虽然被天人教称之为魔教，但真正的魔教却是他们自己。天人教祸乱朝纲，打击忠良之臣，其教派之人在各地作威作福，为非作歹。 我天下盟替天行道，与其自然是不两立。”沙尘说道。魏毅点了点头。成王败寇，天人教如今被封为国教，拥有权力和地位，自然就可以去定义其他教派势力了。但是非曲直，他心中自然有判断。当然，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考虑加入我们天下盟，这样你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多了。”沙尘又说道。这也是他今晚过来的主要目的之一。 我们是一种联盟，而不是门派，是因志同道合而聚集到一起的一群人。成员可以是任何人，小到平民，大到王公贵族，甚至是一宗之主。所以，如果你成为我们天下盟的一员，明面上依旧如常，依旧是五品铸剑师，是香满楼掌柜，是五金手工业总行头。只是私下里可能需要完成一些任务，帮助天下盟做一些贡献。但这些任务也是因人而异。 并不会强人所难，比如有的人擅长收集情报，那他便从事情报收集；有的人善于暗杀，那便以暗杀为主；有人家财万贯，那就可以作为我们的金主。我们会充分发挥成员彼此的长处，共同组成我们坚不可摧的联盟。我们对成员的自由并不会有太多的限制，但成员的等级却有着非常严格的划分。当然，如果是你加入我们天下盟， 不必从最初级的成员开始，我可以直接举荐你成为天下盟青州城一位执事，可以使用我们天下盟的情报网，获得很多你想要知道的消息。如今我们天下盟虽然进入青州城的时间并不长，但目前在这里的成员也不少了，你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我们的人，所以我由衷的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听完杀马特的话，魏毅不禁沉思了起来。说实话，他有那么一点点心动。 毕竟他很需要情报，来自信息时代的位移，深知信息的重要性。没有情报的自己，如今就如那井底之蛙，对于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了解都非常有限。想想之前杀马特能够将刘家的动向掌握的一清二楚，这绝对不是单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看来这天下盟在情报收集上的确是非常厉害的。嗯，我可以考虑考虑。 魏毅并没有立刻答复杀马特，毕竟也不急于一时。来吧，帮我把锅烧热。魏毅陆续又烹饪了三道菜，沙尘全程馋的直咽口水，不禁暗叹：这魏毅的烹饪手艺实在是天下无双啊！他烧的菜，就算里面下了毒，都舍不得往出吐啊。带的饭菜上桌，沙尘那遮住面部的黑布都湿了一大块。你不会打算给这块黑布上也扣个洞来吃饭吧？ 魏毅笑着说道：“哈哈，啊、忘记了。”沙尘的眼眸中露出了一抹笑意，旋即一把扯下了脸上的黑布。第九十二章，王府里有什么？哎哎，我什么也没看到，别杀我灭口啊！魏毅装模作样的把头扭开，但目光其实已经看清了那杀马特的长相，英武俊朗的面孔，年纪约莫三十出头，左脸上有一道很明显的伤疤，是那种长的。 就很像高手的人，正式介绍一下吧。天下盟赤心堂副堂主沙尘，沙尘双手抱拳，一脸认真的说道：“他如今自然不怕魏毅认识自己，毕竟自己的命都是人家救的。而且他觉得自己如果连真面孔都不敢让魏毅看到，还如何邀请人家成为自己天下盟的成员？”听到沙尘的名字，魏毅眉头一挑，意味深长的看了看沙尘。 没想到这么巧，他竟然姓沙，沙马特，嗯，是沙尘。虽然他猜测对方的名字可能也只是个代号，未必是真实的姓名，但似乎也有着某种奇妙的缘分。魏毅，魏毅也双手抱拳，一脸认真的说道。沙尘笑了笑，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便是彼此的朋友了。魏毅与沙尘推杯换盏，彼此畅聊。 谈论家国天下，谈论江湖趣事，却唯独没有去谈论彼此，因为他们都知道对方身上有很多秘密，并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朋友相处是真心待之，互敬互助。所谓坦诚相待，坦诚的是真情实意，而不是自己的秘密。魏毅与沙尘并没有喝太多的酒。按照沙尘的话说，自从他的人生发生变故后，便再也不喜欢被酒精麻痹神经的感觉。 也几乎从不喝酒，而且酒水的气味可能会暴露行踪。不过魏毅烧的菜，沙尘却是吃的一前二斤，甚至意犹未尽。对了，我最近在研究药膳，能辅助修炼，提升血气，回头再请你品尝品尝。魏毅笑着说道：“好啊，可是我也不能白吃白喝。你制作药膳如果需要什么特殊的药材，可以找我，以我们天下盟的情报网。” 只要是这世上有的东西，肯定能帮你搞得到。”沙尘很自信的说道。“嗯，还真有两样药材，很不好买。一种名为火灵草，一种名龙头果，你帮我找一找吧。”魏毅说道。虽然他已经委托药材商去寻找这两种药材，但那药材商肯定不如这天下盟消息灵通。这两种药材还真是不好买，这差不多快赶上天材地宝了。不过你放心，我能帮你搞得到。” 两人一直聊到了亥时，饭菜都已经吃光。期间，沙尘也主动提及了万家。他猜到魏毅下一步要除掉的就是万家，但他的建议是，万家莫那么简单。希望魏毅最好再等一等，不然可能会惹来麻烦。魏毅知道这杀马特肯定是掌握了什么情报。其实想想也是，在这个存在非凡力量的世界里，万家能够成为青州城一方豪绅。 横行无忌这么多年，那肯定不会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不然他们家坐拥那么多财富，早就被人觊觎了。只是有些底牌，不到万不得已时，肯定是不会动用的。这个世界的水很深，自己还需要小心前行，不能太过膨胀。临走之前，魏毅将自己为沙尘锻造的宝剑送给了他。最后，在沙尘暗中保护下回了新宅。魏毅没有将自己锻造的锅具带回来。 毕竟明天安排人过去运回来就可以了。回到家中，魏毅又干了一个时辰的书写技能，这才上床睡觉。第二天上午，赵景思特意派人来魏家，邀请魏毅到静安王府做客。静安王府位于内城最核心区域，这里乃是城中最为尊贵的地方，寻常百姓连靠近的可能都没有。魏毅以前自然也是从没有来过这边。来到王府后，魏毅也不禁感叹：这王府。 还真的是够大的，不过魏毅熟读历史，也知道这晋安王府的前身乃是一方小国的皇宫，所以其占地面积的确很大，其内的建筑和景致也是颇为恢宏大气。然而就在魏毅走进这王府不久后，他隐约感觉石海里那化作小太阳的金色光芒似乎出现了一些异动，他聚精会神仔细感应了一下，却是惊讶的发现，那小太阳之中。 蔓延出一条金色的丝线，从是海中飞出。与此同时，魏毅也看到了眼前的虚空出现了一条金色的丝线，一直延伸向了远处，落到了王府东南角的位置。这是怎么回事？啊？魏毅心中有些惊讶，这种现象倒还是第一次见到。虽然他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知晓和掌握那金色光芒的作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能够引动自己识海里那金色光芒的，应该不会是某种不祥之物，反倒应该是某种祥瑞之物才对。只是这里是王府，他也没办法跟着那金色丝线去深入去探查。但想一想，这赵家可是传承悠久的武道世家，而且这王府又是曾经一方小国的皇宫，历史悠久，这里存在着或者隐藏着某种非凡之物，也不奇怪。魏公子到了。 王府的下人将魏毅带到了赵景思生活的庭院之中。此时，那庭院里聚集着不少人，除了魏毅见过的林轩外，还有赵景思两个未成年的弟弟，以及其他王公贵族和将军家的公子小姐，基本都是名门之后。当然，文学大家杜少陵和清风书院另外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也在这里。毕竟，赵景思如果在王府内单独约见异性男子，会遭人闲话。 而且也不合乎府上的规矩，虽然他不在乎别人的非议，但却要顾及自己母亲的颜面，所以他只能巧立名目，以小型的雅集为名，邀请魏毅过来。看到魏毅过来，林轩儿却是第一个跑了过去，瞪着他那亮晶晶的大眼睛，期待的看着魏毅：“魏公子，我的可遇而不可求，有眉目了吗？”林轩儿的话却是让在场众人一脸狐疑，不禁面面相觑。 不过，魏毅自然明白林轩儿的言下之意。暂时还没有，这非凡之物自然要等待天赐良机。魏毅笑着说道：“哦，好吧。”林轩儿略有些失望地嘟着小嘴。我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便是魏毅，魏公子。在赵景思的介绍下，魏毅与众人彼此施礼问候，然后现场变成了粉丝见面会一样，魏毅俨然成了那众星捧月的存在。 众人都给魏毅准备了一些礼物，各种文房用具、文玩、字画等，各种溢美之词也是不绝于耳。而且个别粉丝还特意带来了自己收藏的珍贵名画，请魏毅品鉴，并希望他能在其上留下笔墨，就好似粉丝请明星给自己签名一样。只不过文人之间要墨宝，自然不仅仅是签个名字那么简单。这品鉴画作、留下墨宝，是希望魏毅以画作内容写一两句话。 类似点睛之笔的话，好在魏毅脑海中的诗句还是足够应付这些大同小异的山水楼阁的画作。这也要感谢古代诗人，都喜欢游山玩水，每到一处都赋诗一首，让他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魏一为那一幅幅画作各自提了一两句诗，却是又一次惊艳了这群公子小姐。好诗，好诗啊！太妙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太妙了，当真是点睛之笔啊！魏公子的书法果然是笔走龙蛇，气势磅礴啊！现场众人一个个惊叹连连，赞不绝口。 甚至连赵景思的母亲燕王妃和其他侧妃、夫人以及世子妃等人，也都闻讯赶来观赏魏毅在那些画作上题的诗句。第九十三章二叔的消息，魏毅并不吝惜笔墨，毕竟在场这些人都在给自己贡献那金色的光芒，未来更是会帮助自己贡献愿力，甚至是成为自己的学生。当然，魏毅也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收割机会。 所以在喝茶闲谈之际，故意跟杜夫子提到了扩建学院、新建私塾的事情。赵景思也立刻跟着附和，提到他也会捐赠财物支持魏毅这次的壮举。在场众人也都是聪明人，自然纷纷响应，决定一起出钱出力。诸位有此心意，魏某实在是感动涕零。但除了钱财，我更希望诸位可以多捐赠一些书籍给那些学子们。魏毅笑着说道。 毕竟他目前最不缺的是钱，而且这些公子小姐虽然出身名门，但其实他们也拿不出太多的钱，远不如那些商人有钱。但他们家里却肯定收藏着许多珍贵的书籍，这是远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嗯，魏公子的提议不错。是啊，魏公子如此善举，我等定然鼎力相助。听到众人的话，赵景思也立刻说道：“既然大家都有这般心意。” 那回头我便替魏公子收集一下诸位捐赠的书籍，然后统一送到清风书院。老夫也替所有学子们先行感谢诸位了。杜少陵也起身作揖，表示了感谢。中午的时候，府上设宴招待了众人，魏毅与众人也一起小酌了一杯，喝的酒自然就是他们酒坊的兰陵美酒。席间，王府的两位小公子赵秀玲和赵天和，还有那林轩三人也是一直围在魏毅身边。 这两位同样也是武道天才，如今不过十三四的年纪，也都已经是八品武者了。而且与林轩儿一样，也是个极其爱剑之人，更是听林轩儿提起过魏毅的那柄倚天剑，心中也是无比好奇，想要见识一下魏毅的佩剑，却又怕太过唐突，有失礼数，所以就一直围在魏毅身边，或敬酒，或谈论宝剑，铺垫了好久。那赵秀林方才开口说道：“魏公子。” 前些日子听萱儿姐姐说起您锻造的那柄倚天剑，极为非凡。我兄弟二人心中好奇不已，不知可否让我兄弟二人也见识见识。说话间，他的目光也不禁瞥向魏毅腰间的佩剑。其实魏毅刚刚也大致猜到了二人的意图，毕竟他们的目光总是不经意的看一眼自己的佩剑，而林轩儿的目光就更直接了，几乎就没从自己的腰间移开过。当然可以，魏毅笑了笑。 摘下腰间佩剑，递给了赵秀玲。一旁的林轩儿与赵天河立刻满脸兴奋的凑到赵秀玲身边，双眼放光的看着赵秀玲手里的剑。赵秀玲将那把剑从剑鞘里拔出，长剑轻盈，金光乍现，宛若银龙出海，气势浩荡，震撼心灵。一瞬间，赵秀玲也被那剑意震撼到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再次看向倚天剑的目光更加炙热。 也更加激动，这件果然非凡啊！五哥，五哥，快快让我也看看！赵天河也迫不及待的从赵秀玲手里拿过那一天剑，同样也是满脸惊讶，心脏在那股非凡的气势下狠狠的跳动着。但赵天河还莫欣赏够，就被林轩儿一把夺了过去。上次他末端详够，这次自然要再好好感受，甚至是再深入的感受一下。真是越看越喜欢啊！如此宝剑。 他真想天天握在手里，不停把玩，真是一柄好剑啊！等我成为了六品武者后，定然也要请魏公子帮我锻造一柄这样的宝剑。没错，他日我若当上了将军，也一定要有这样一柄非凡的佩剑。赵天河与赵秀林兄弟二人看着林轩手里的倚天剑，感叹着。他们现在还没有资格佩戴五珠宝剑，不过魏毅的这柄倚天剑却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梦想和前进的动力。魏公子。 若日后有机缘，能多锻造出几柄这种宝剑，也一定要给我们兄弟二人留一柄啊！赵秀玲作揖道：“当然没问题。”哎，我的机缘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啊？一旁的林轩儿嘟着嘴，有些幽怨地说道，一副极度渴望而又得不到满足的样子。魏一笑而不语，他知道这妹纸是有点急不可耐了，但没有前戏吊足了胃口，怎会显得这宝剑的弥足珍贵呢？ 然而，就在这时，大殿的地面忽然震动了起来，好似地龙翻滚，又如地震一般。周围人顿时一阵惊呼，外面也同样响起了惊呼之声。好在这种震撼感并不是特别强烈，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待得一切恢复平静后，众人不禁议论纷纷，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当是发生了地震，但魏毅却总觉得刚刚的震动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寻常。 不过，正因为这小小的风波，宴席提前结束了一些，各家的公子小姐们纷纷道别，心满意足的离开了王府。但就在魏毅准备离开王府时，杜少陵却主动提出想要乘坐魏毅的马车回去。而魏毅也发现，当自己离开王府后，那条金色的丝线也随之消失了。杜少陵上了马车不久后，从怀中取出了一封信，交给了魏毅：“这是你二叔给你们写的信。”杜少陵笑着说道。 听到这句话，魏毅顿时目露喜色，连忙接过信件，但信封上并未写任何字迹。郡主在府上不方便交给你，便托我代为转交。前段时间，郡主特意写信给云世子，请求他帮忙照顾你二叔。目前你二叔已经被提拔为了副将师了，也算是有官职在身了。而且云世子还特意向晋安王奏请，恩准你二叔过年的时候回来与你们团聚。听到杜少林的话。 魏毅可谓是欣喜不已，心中也是颇为感激赵景思的相助。一切都如自己所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如今二叔也算是从罪犯一跃成为了军器库的副将师，彻底摆脱罪责不说，还得到了官职。而且有云世子的照应，他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二叔会吃苦受罪。魏毅很清楚，这云世子便是晋安王的嫡长子，也是王爵继承人，是真正的世子。 赵汉卿虽然被那些商贾子弟也尊称为世子，但也就只是尊称而已。不过都是晋安王的儿子，就算是庶子，其身份地位也不是寻常人能够比拟的。而且这赵汉卿虽然没有希望封侯拜相，但在这江湖市井中的人脉和影响力，怕是远在王府任何一位公子之上，就是那云世子也比不过。甚至魏毅总觉得，这赵汉卿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也在晋安王授意之下呢？ 魏毅本想拆开信件来看一看，但想了想又忍住了，决定还是等回去后让婶婶拆开比较好。第九十四章，这酒哪买的？魏铁山的来信让全家人可谓是开心不已，魏薛氏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魏铁山在信中说了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因为有人照应，他在军器库并没受什么苦，如今也受到云世子的赏识，将他提拔为了副将师，不但免了罪责。 以后还有了俸禄，更是承诺他春节时可以回来与家人一起过年。得知魏铁山会回家春节，全家人高兴之余，心中也有了新的期盼。而时间也在这种期盼中悄然流逝。从万家那里得来的酒楼陆续开业了，也终于解决了供不应求的问题。食客们再也不必在寒风中等待位置了，而且升级后的兰生酒和兰陵美酒也已经上市。 目前的产能已经完全足够供应整座城市的需求，而兰陵美酒新推出的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等几种不同的香型，更是再度掀起了一波热潮，被无数酒客们追捧，已然成为了城中最知名的美酒。如今，城中大部分酒楼也陆续与魏毅的酒房建立合作，开始售卖兰生酒，但兰陵美酒依旧只能在香满楼、魏家的酒肆以及郭家的青楼才能买得到。 香满楼总店的生意依旧是城中最好的酒楼，这里也如魏毅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了青州城一处标志性的存在。往来商旅，甚至临近县城的食客、文人等，都会慕名而来，专门过来品尝菜肴和酒水，欣赏店内的诗词画作。当然，香满楼的其他分店生意同样也很不错，依旧让其他酒楼望尘莫及。但他们自从开始售卖兰生酒之后， 生意其实也比从前好上了许多，反倒是万家酒楼的生意越发惨淡。除了总店勉强能维持收支平衡，其他酒楼入不敷出，已经陆续关门大吉了。酒房的销量更是惨不忍睹，即使他们已经将价格压到最低，可是销量依旧是越来越低。而随着兰生酒口味升级，价格也下调之后，他们家的酒水算是彻底没了活路，一天都卖不出一坛。 同样也已经面临倒闭的危机，而卫义新教育的计划也已经初见成果，私塾的建设都已经完成了，目前也开始了正常的授课，给城中许多热爱学习的平民家孩子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虽然清风学院的扩建还在进行着，但目前已经有寒门子弟和平民子弟通过了考核，并进入了清风书院开始学习。魏义这次新教育的壮举，让他收获了极高的名望。 更是受到了无数人的敬仰。某处树林之中，寒风吹着那树枝，发出呜呜的声音。伴随着一声巨响，宛若惊雷，真气荡开，撼动了周围的树木。两名灰袍男子倒飞出去老远，最后重重的砸在地上，气绝而亡。击杀他们的，乃是一个衣衫褴褛、身背长剑、道髻凌乱、满脸胡茬、神情慵懒、左手还拿着酒葫芦的中年道人。 看到同伴被那道人一掌击杀，旁边那身着紫衣、面容冷峻的男子撒腿就跑。那邋遢道人却不急不忙，又喝了一口酒，旋即右手打出一道法诀，真气化作巨大的手掌，以更快的速度袭向那紫衣男子。那男子自知逃不掉，也避不开，满脸惊惧，当即转身，手指掐诀，扔出两道符箓，其上邪异的符文亮起，在他身前瞬间。 凝聚出两道红色光幕，轰！几乎同时，那巨大的真气手掌重重的砸在了红色光幕之上，两道光幕顷刻间溃散开来，恐怖的真气在紫衣男子身前爆炸，那男子身上的衣袍被撕裂，胸口肋骨凹陷下去，口吐鲜血倒飞出去，恐怖的气劲也将他腰间的酒壶震得破裂，其内的酒水顿时流了出来。 一阵酒香瞬间飘逸而出，让那原本神情慵懒的道人却是眉头一挑，眼神顿时变得凌厉，目光也立刻锁定在了那紫衣男子腰间的酒壶之上。当即身形一晃，宛若瞬一般出现在了那紫衣男子身旁，在其落地的刹那，一把扯下了其腰间的酒壶，闻了闻，好香的酒！邋遢道人满脸惊喜，当即以真气包裹住了那酒壶。 防止酒水继续流出，然后打开壶口喝了一口酒，顿时心花怒放，脸上的喜色更浓。真是好酒啊！喂，小子，你这酒从哪买来的？邋遢道人目光看向地上的紫衣男子，却见对方全身抽搐，嘴里不停的往外咳血，显然是自己刚刚那一掌太重了，快要活不成了。喂喂，你先别死啊！邋遢道人连忙将酒壶里的酒。 倒入自己的葫芦之中，然后一把拉起那男子，先给他服下了一颗丹药，然后又用真气为他疗伤。经过了好半天的治疗，那原本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紫衣男子，硬是被他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当那紫衣男子再次睁开眼睛，恢复一时时，就看到那邋遢道人正一脸惨笑的看着自己，心里别提有多卧槽了。可算醒了，刚才下手太重了，真是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你就过来，邋遢道人笑容满面的说道：“你，你要干什么？”紫衣男子双手抱胸，一脸畏惧之色。“小子，我问你，你身上那酒壶里的美酒叫什么名字？在哪买的？”邋遢道人问道。听到这句话，那紫衣男子嘴角抽了抽，一脸懵逼。不会，这道人杀了自己又救活自己，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吧？你，你救我？ 不会就是为了问这个吧？紫衣男子问道。不然呢、啊？所以你赶紧说，别浪费我时间。紫衣男子真是满头黑线，不过也看到了一线生机，当即说道：“你若答应放了我，我就告诉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快说！”“不行，你要对天发誓不杀我，我才会告诉你。”紫衣男子又说道：“好，好，我对天发誓，绝不杀你，否则生死道消。” 那邋遢道人一脸认真的对天发誓道：“作为修真者，对天发誓是真的会应验的。”所以那紫衣男子顿时暗松了一口气。这九名为兰陵美酒，在青州城的香满楼就能买到。紫衣男子如实的说道。听到男子的话，邋遢道人顿时满脸喜色。青州城他自然知道，往玄藏山的途中刚好能经过。最近听闻玄藏山内有一宝出世，他正准备过去。 刚好途中先去青州城一趟，多买一些酒。兰陵美酒，好名字，我记住了。好了，你现在可以去死了。第九十五章勾栏听曲。听到邋遢道人的话，那紫衣男子面色一变，当即惶恐的说道：“你，你不是发誓绝不杀我吗？”“是啊，所以请你自我了解吧。”紫衣男子一阵无语：“你他妈还带这样的呀？我，我不会自杀的。” 紫衣男子色厉内荏的说道：“对了，你吃过鱼块吗？就是把生鱼的肉切成薄薄的肉片，甚至有刀工精湛的大厨可以直接在活鱼身上动刀，那鱼身上的肉都被没了，竟然还活着，非常神奇。我准备用这个方法把你也切片了，不过你放心，我保证你不死，就算你坚持不住了，我也会把你救活，然后再继续切片。”听到那邋遢道人的话，紫衣男子。 嘴角一阵抽搐，旋即破口大骂道：“操！你他妈到底是不是正道人士啊？怎么比我们魔门还恶毒啊？果然你们这些正道人士也都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家伙！”哎，别这么说，彼此彼此。紫衣男子绝望的瘫在了地上，真是遇到了个神经病。他绝对相信眼前这家伙钱得出来，与其被对方活活折磨，还不如自杀来的痛快。真是没想到。 这特魔一天之内竟然要死两次，也是没谁了。紫衣男子咬了咬牙，旋即拔出腰间的短刃，割断了自己的大动脉。嗯，孺子可教也。邋遢道人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举起酒葫芦喝了一口，顿时满面红光。好酒，真是好酒。万家府邸一房间内，房门紧闭，万银昌正坐在茶台前沏茶，热气升腾。在他身前还坐着一道身影。 那人披着灰袍，面容也笼罩在兜帽之中，看不清面孔。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三千两银子还是我费了好大力气，甚至是卖了一间宅院才凑出来的。哎，如今我万家已经快要被人赶出青州城了。万银昌一脸愁苦的说道，旋即将泡好的茶倒入了白玉茶杯中，恭敬的递到了那灰袍人身前。出什么事了？灰袍人沉声问道，旋即拿起茶杯喝了一小口。哎。 一言难尽，万银昌叹息了一声，旋即将最近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一下。所以，如今我万家的产业已经萎缩的十不存一，如此下去，这青州城恐怕也再无我万家安身之地了。你也不用着急，再忍耐些时日，我们天人教很快就会进入青州城。近期陛下就会下旨，在青州城内兴建天人教道观，你二弟也会被安排过来打理这边道观的事务。 以后这里也将是我天人教的地盘，而你万家也会重新坐上商贾之首的位置。”那灰袍人说道。听到这句话，万银昌顿时喜上眉梢，开心不已，连忙举起茶杯说道：“有大人这句话，小的就放心了。小的以茶代酒，敬大人一杯。对了，大人，万某还有一事不明白：那苏哲既然冥顽不灵，为何不彻底除掉，偏要将其贬到青州来当知县？” 万银昌又问道：“他对这个苏哲意见开始非常大。如果来的是个懂人情世故的官员，他现在也不会如此被动。留着他自然是有用处，准确的来说是他的女儿。至于具体原因，便暂时不是你能知晓的了。总之，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魏毅的书房中，魏兄，你是莫看到过柳如姑娘的舞姿？那真的是翩若惊鸿。 宛若游龙，衣袂飘飘，如那天上仙子落于凡尘。她那纤腰柔软的仿佛没有骨头，那双秀腿也是无比的柔软。每次跳舞就好似一条柔软的飘带在风中摇曳生姿，真是销魂啊！这城中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为她痴迷，只可惜她卖艺不卖身，甚至寻常人想要见她一面，与她共饮一杯都不容易。郭貔貅站在书案前。 眉飞色舞的说着，魏毅则是默不作声，兀自的画着画，等待着他接下来的话。他很清楚，这郭皮修绝对有事要求自己。魏兄，你可想去欣赏一下柳如姑娘的舞姿？今晚我们一起去如何？我请客。郭皮修忽然又说道。魏毅笑而不语，他就知道这郭皮修铺垫那么多，肯定是为了让自己跟他去。至于其中缘由吗？说吧。 那柳如姑娘许你什么好处了？魏一头也不抬的问道。啊，没有啊，我就是觉得你的生活太枯燥了，每天写字、画画、打铁的，出去听听曲，看看舞蹈，陶冶一下情操。郭貔貅装模作样的说着。少废话，说实话，不然我绝对不去。哈哈，果然什么都瞒不住魏兄。那个，人家柳如姑娘仰慕你已久，很想献一献你。 他说了，如果我能将你请过去，就可以借你的光，一起去他的雅间一坐，跟他一起喝茶，还能近距离欣赏他为你准备的舞蹈。你不知道，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被他邀请进入雅间的，花钱都没用。反正我是从来没进去过，就知道你无利不起早。不过今晚我没时间。”魏毅说道，他晚上约了杜夫子一起谈事。郭貔貅顿了毒，忽然目光一闪，说道：“你放心。” 如果孟掌柜问起来，我会说是我逼着你去的。孟掌柜肯定不会怪你的，与孟掌柜无关。行了，别装了，谁不知道你跟孟掌柜郎情妾意，迟早的事。而且我觉得你们也挺般配的。孟掌柜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子，而且容貌也是倾国倾城，千娇百媚。若孟掌柜中意的人是我，我做梦都能笑醒。不过话说回来，这男人偶尔去勾栏听听曲，看看舞蹈。 喝喝酒很正常的，孟掌柜也是知书达理之人，肯定不会介意的。都说了不是因为孟掌柜，我今晚要与杜夫子谈事，哪有时间陪你去啊？改天吧。”魏毅说道。“哦，那明天怎样？后天？大后天？明天再说吧。”听到魏毅的话，郭皮修喜出望外，嬉皮笑脸的说道：“好嘞，魏兄，我保证你去了，肯定不会后悔的。” 行了，别打扰我作画，该干嘛干嘛去吧。哈哈，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柳如姑娘，让她洗白白。呸，是让她悉心准备着。郭皮修一边说着，一边走出了房间。看着郭皮修走出去，魏一笑着摇了摇头。其实他最近的确准备经常去城中各家勾栏青楼逛一逛，毕竟他不久前已经同意加入天下盟，他需要需要了解情报，因为。 自己于这个世界就如同一个瞎子，更不用去谈论。这以后与天下盟联络、聚会、传递消息，甚至是去找那沙尘，基本都要通过妙音坊，亦或是在妙音坊内进行。如果自己从未去过那些烟花之地，突然有一天去妙音坊，而且只去妙音坊，难免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所以，为了掩人耳目，自己要经常去一去那烟花之地享乐一番，培养一下新的技能。 新的爱好，如此才不会显得太过突兀，引人耳目。第九十六章：读书人的非凡力量。郭皮修走后，魏毅沉下心来继续绘画。他画的是传说中的瑞兽白泽，但他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有白泽这种瑞兽，更不知道其真正的样子。他所画的白泽，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力以及前世玩过的各种游戏里的神兽形象进行创作的。 总之，他自己觉得非常威武霸气，意境拉满。早在五天前，魏毅的绘画技能也成功的晋升到了三阶，更是让他获得了一个名为“跃然纸上的绘画神通”。这神通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让绘画的内容从纸中化形而出。只要魏毅在绘画时将笔墨之气凝聚于墨迹之中作画，便可以在画成之后，通过特殊的方法召唤画中之物。 化形而出，但施展这个神通作画所消耗的笔墨之气多少，完全取决于绘画的内容，以及创作画作的某种意境。通常来说，他的画作越细致、越逼真，自然消耗的笔墨之气越多。所画之物占据的空间越大，或者说其体积越大，那要使其化形而出，消耗的笔墨之气便会越多。所画之物是活物，则是比没有生命的物体消耗的笔墨之气要多。 但所画之物化形而出，只是由笔墨之气凝聚而成。虽然有其形有其势，却并无事物本身拥有的能力。比如魏易画了这只白泽，就算他画的是真正的白泽，但其化形而出后，也只是空有其表，并无白泽真正的实力和神通，而其所能发挥出的力量、拥有的实际战斗力、可持续的时间长短。 那就完全取决于魏易作画时凝聚的笔墨之气多少，以及画作意境赋予他的能力了。所谓的画作意境，也是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物，这取决于魏易创作境界。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提升画作之物能力的方法，那就是与入木三分的配合。如果与入木三分相结合的好，便可以进一步提升画作之物拥有的威力，甚至可以使其借用天地之力。 其实魏毅以前就猜到过，这绘画和书写技能必然会相辅相成，尤其是后来笔墨之灵升级后，绘画也可以提升笔墨之气。魏毅就猜到，未来绘画技能干出来的神通，定然也能使用笔墨之气，甚至是可以与书写技能的神通互相配合。如今这跃然纸上与入木三分，便是非常好的配合。以后这些画作便可以真正成为某种法宝，挂在家里可镇宅。 挂在店里也可以防止奸人作乱，更是可以在必要之时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其实如今店里的许多字符，甚至一些摆件、雕像内，也都被魏毅以入木三分妙法赋予了一些镇宅辟邪、驱灾避祸、招财进宝等能力。只可惜自己干的那些笔墨之气，实在是供应不上自己的需求，所以魏毅决定今天就让杜少陵成为自己的第一位执笔者。 并正式开始自己的收徒之路，以后多培养一些执笔者，帮自己一起干笔墨之气。临近傍晚时，魏毅终于将那幅白泽画完了。他画的非常细腻，也非常逼真，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更是浑然天成，仿佛其本身就是如此形象。那神态，那外貌，那威仪，让人恍惚间仿佛看到了真正的神兽一般。即使明知道是画作。 但观其威武的神态，依旧会给人一种压迫之感。可想而知，若是他化形而出，单单这形象气势就足以威慑人心，令人生畏了。魏毅将画裱好，然后挂在了墙壁之上。刚好时间也差不多，该去烹饪晚餐了。魏毅这段时间每天都会保证烹饪一道上好的药膳来滋补身体。这药膳对寿元的提升，对根骨的改进，远比之前的养生菜谱。 要显著很多，而且这些药膳也能帮助家人增强体魄、改善机体、延年益寿，让他们拥有一个百病不侵的健康体魄。如今的神神好妹妹可谓是容光焕发，气色非常好，妹妹也长高长大了许多，就连那偶尔在魏家蹭吃蹭喝的苏灵韵，胸前的机场也有了起伏，目测至少有对 A 了。当然，在这药膳的滋补下，变化最为显著的。 便是石头，这小子如今个头都快赶上魏毅高了，一身肌肉极为壮硕，力量也不知道比从前打上了多少。而且魏毅之前也从郭貔貅那里要了一本武道修炼的功法给石头修炼，只可惜石头修炼天赋也不高，而且兴趣完全不在其上。因为晚上要同时招待杜少林，所以魏毅特意多烧了两道菜，而杜少林也于有时如约来到了魏家。 魏毅让下人带他先去了厅堂休息，带的饭菜烧好，魏毅单独盛出来两份，让下人送到了客厅里，准备与杜少林分食用餐，其余的则是送去了膳堂，留给了家人吃。杜夫子久等了，请入座吧。魏毅来到厅堂后说道：“魏公子辛苦了。”杜少林作揖，微微一笑，然后在自己的桌案旁盘膝坐下，举起酒杯说道：“感谢魏公子的招待。” 老夫先敬公子一杯，杜夫子客气了，请。魏毅也跟了一杯酒，旋即与杜少林一起用膳，品尝着魏毅烹饪的美食，杜少林自然是赞不绝口。两人也从美食渐渐聊到了书院的事情。魏毅如今已经是清风书院的副山长，地位仅次于杜少林。虽然平日里只是偶尔会去学院给学子们讲一讲课，写一两首诗，但如果说说单论名望和影响力， 如今的魏毅甚至还在杜少陵之上。良久，饭菜都已经吃光，魏毅这才聊起了今日的正题。杜夫子，你可曾想过，有一天读书之人也能拥有非凡的力量，诗可杀敌，词能灭军，文章亦能震山河？魏毅一脸认真，言之凿凿的说道。听到魏毅这么说，杜少陵自然是有些诧异，不过觉得魏毅要表达的，可能并非是表面那么浅薄的意思。 毕竟他的认知里从未听过什么“诗可杀敌，词能灭军”的说法，所以愣了片刻后，不禁笑着说道：“哈哈，魏公子说的没错，知识的确拥有非凡的力量，可启迪智慧，帮助人们脱离愚昧。于个人而言，读书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与国家而言，文治可安邦兴国；于军事而言，熟读兵法才能懂得排兵布阵之道，懂得行军制胜之法。所以。” 这读书的确可以让一个人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我说的，就是单纯的杀敌，以文字的力量，化为非凡的神通术法，直接杀敌。魏毅斩钉截铁的说道：“这，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杜少林满脸惊讶，以为魏毅在开玩笑。虽然这世界有妖魔鬼怪，有武者道士，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神通术法，各自的神意，但读书人若不习武修道， 那就是个普通人，除了拥有的学识高于常人外，在力量上甚至可能还不如那些前体力活的粗人，更别说什么将文字的力量化为神通术法来杀敌了。不过，因为这话是魏毅说的，他却不敢质疑，毕竟魏毅前世可是得到仙人，其见识自然远超自己。尤其是当他看到魏毅起身走到一旁，不知从何处取来一根毛笔，而后走到了房屋中间。 杜少林的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聚精会神看着魏毅。第九十七章惊呆杜少林。杜夫子，看好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魏毅微微一笑，旋即提笔，在那虚空中开始写字，道道光辉在那笔尖凝聚，最后化作了两个清晰的文字。寸断，这一幕直接把杜少林看得目瞪口呆，如此非凡的景象，他从未见过。 宛若梦幻泡影，却又能清晰的感受到那两个字凝聚而出时，周遭空气的震动，感受到那文字散发出的某种气势。然而下一秒，魏毅笔肩横扫，那“寸断”二字飞出，化作数道光刃，直奔一旁的椅子而去。但听咔嚓几声，那椅子四分五裂，变成了数段木头，散落一地。这一刻，杜少林彻底被惊呆了，瞠目结舌，嘴巴张得老大。 难以置信的看着那碎裂的椅子，内心的震撼已然是无以复加。但震惊过后，他的心脏却是疯狂的跳动着，体内仿佛也涌起了久违的热血。这难道就是魏毅所说的读书人的非凡力量吗？时可杀敌，此可灭军。难道文字竟真的可以拥有实质的力量吗？所谓寸断，便是有将物体斩成许多小段的意思。看着那四分五裂的椅子。 可见，那便是自意化作的某种实质的力量造成的。不可思议，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这，这难道不是道士的法术吗？杜少林还是有些难以置信，觉得这可能就是某种法术，乃是只有修真者才能施展的法术，类似，但却不是。法术是修真者以真气施展而出的，而我刚刚却是以笔墨之气凝聚的力量，以文字的意境化作威能。魏毅正色道。 笔墨之气，杜少林目光又亮了几分，但神情依旧处于懵逼的状态。毕竟眼下接收到的信息实在太多，匪夷所思，完全颠覆了他几十年来的认知，却又仿佛给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没错，这就是我刚刚所说，读书人也可以拥有非凡的力量，习武之人可通过修炼凝聚出血气，修真者可通过修炼凝聚出真气。 而我们读书人，则是可以通过写字绘画来修炼出笔墨之气。魏毅一字一句的说着，却是带给了杜少林深深的震撼。他从没想过，读书人竟然也能修炼，更想不到那笔墨之气竟然还能化作非凡的力量。真，真的吗？这，这要如何才能修炼？杜少林心中激动不已，目光也变得无比炙热。他何尝不希望自己也能拥有非凡的力量？ 希望自己的学识能够化作战力，能够真正的与杀敌灭军。在这个武力至上的世界里，文人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当权者对文治之道的重视与否。显然，如今的陛下并不重视文人，才让那天人教祸乱朝纲。他们这些文人根本无力抗衡，便只能任人宰割，苟延残喘。若读书人也拥有非凡力量，那便与那些奸佞有了一争之力。 未来在朝堂上也不至于那么被动，这就是我今天请你过来的主要原因。我不久前又觉醒了一些前世的记忆，掌握了这修行之法。若你愿意，我可以传授给你修炼笔墨之气的方法，让你也获得非凡的力量。”魏毅正色道。听到魏毅的话，杜少林心脏狠狠的跳动着，内心可谓是激动不已。魏毅竟然要传授自己这种修炼之法，未来自己也能拥有如此非凡的力量。 真的不是在做梦吗？看着地上那碎裂的椅子，杜少林砰的一声跪在地上，双手抱拳，一字一句的说道：“恩师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杜少林很清楚，人家要传授自己如此非凡的修行之法，岂能不行拜师之礼？而且他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拜魏毅为师。且不说魏毅的才华，就已经让他无比钦佩。今天所展现的这非凡力量。 就再一次让他臣服，而且正如那日魏义授课时所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所以，拜师并无年龄贵贱之分。虽然魏义比自己年少，但无论学识还是能力，都在自己之上。更何况，人家前世可是仙人，自己一介凡人，能够拜得如此仙师。 那是自己三世修来的功德，人家赏识自己，自己自然不能不识抬举。杜夫子，快快请起。你我之间不必拘于这些繁文缛节，但你既然愿意在修行上尊我为师，我便让你做我的第一个学生，将此法传授给你。但你记住，这件事还需要暂时保密，所以你我还如从前那般相处就好。”魏毅笑着说道。“学生明白。”杜少林再次作揖，恭敬的应道。 你盘膝坐下，闭目凝神。我现在便为你开启笔墨之灵。”魏毅说道。杜少林表情严肃，立刻照做，原地盘膝坐好，闭目凝神。魏毅则是用两指点在他的眉心处，然后心念一动，将杜少林与自己的笔墨之灵连结。顷刻间，魏毅便感觉到浩荡入海的笔墨之气汇入自己的识海之中，瞬间化作了一片笔墨之灵。果不其然。 这杜少林身上凝聚的笔墨之气果然很多。与此同时，杜少林也感觉自己的意识忽然被拉入到了一片玄之又玄的世界之中。在他眼前是一片墨色的森林，无数文字化作墨迹，最后凝聚成了一株株大树。你所看到的这片森林，便是由我们读书人不断写字作画所凝聚出的笔墨之气汇聚而成。这便是我们的力量来源。魏毅的声音在那笔墨之林的上空回荡着。 也仿佛在杜少林的脑海里回荡着，他心中既惊骇又激动，仿佛打开了全新的世界，获得了某种真知。自今日起，你需坚持不断的书写绘画，不断修炼笔墨之气。我也会陆续传授你笔墨之气的运用之法，让你获得非凡的力量。多谢恩师，学生定然努力修炼，不辜负您的期待。”杜少林说道。“好了，睁开眼睛吧。”魏毅收回手指。 杜少林也随之睁开双眼，一时回归现实，仿佛刚刚所见的一切都是一场幻觉。但那碎裂的椅子却真实的告诉他，眼下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他只需要稍稍凝神去感知刚刚那笔墨之灵，便可以再次看到那片墨色森林。第九十八章：健身的橘猫，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杜少林激动万分，脸上的皱纹都在颤抖着。 但他的目光却变得更加矍铄，更加明亮，身上的气息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只是开始，等你能够运用笔墨之气时，才会感受到笔墨的力量。”魏毅笑着说道。“我真的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也能获得非凡的力量，想不到文字的力量真的可以杀敌。”杜少林依旧难以平复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毕竟这是完全颠覆他认知的改变。 却也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改变，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表达内心的喜悦，表达自己对于魏毅的感激。恩师，请再受学生一拜。杜少林再次躬身作揖。杜夫子，你我以后还是如从前那般称呼我就好。有些事放在心里，你我心知肚明即可。是是是，学生。老夫实在太激动了，魏公子，以后你在杜某心里便是授业恩师，此恩永世不忘。 魏毅笑了笑，岔开了话题，继续自己的想法说道：“你我所修行之道，我称之为儒道。此道目前只有你我二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与我们一起去凝聚笔墨之灵。只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儒道，才能让我们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才能众志成城，对抗一切危难。所以，接下来我希望清风书院成为我们发展儒道的根基。” 培养志同道合的学生加入进来，一起修炼笔墨之气，暗中积蓄力量，他日方能扫除奸佞，重整朝堂，让天下人见识我们读书人不只有风骨气节，还有非凡的力量。魏毅一,一番话说的杜少林心潮澎湃，热血翻涌，这正是他心中的宏愿啊！其实魏毅那么说，就是因为知道杜少林心中的梦想。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必须要懂得画饼，而且画的饼。 还要符合属下的核心需求，如此才能让其产生能动性。杜少林心中的理想就是少出奸佞，重整朝堂，还天下朗朗乾坤。虽然这愿望要实现起来非常难，但人总是要有梦想的。魏毅要将清风书院建立成自己儒道门派，那就需要一个人替自己去筛选和培养能够与他们达成共识、志同道合的学子。准确来说，就是能够真正忠于自己的学生。 而杜少林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如今魏一识海里已经可以清楚看到很多人的面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学院的学子和夫子，也有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应该是城中的一些文人墨客。这些人能清楚的出现，也说明他们在文学上都有着一定的天赋和造诣，更是心里对于自己那些诗作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情感共鸣，也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崇敬自己的一群人。 这些人也是自己未来执笔者的候选人。杜少林离开后，魏毅便去了练功房，准备去干健身技能。但就在魏毅走进练功房时，就看见橘猫正躺在地板上做着仰卧起坐的动作。没错，这橘猫正在做仰卧起坐，而且非常认真。虽然因为兽类体型的缘故，动作上与人类会有所不同，但魏毅很清楚，他就是在做仰卧起坐这个动作。 也是他如今健身技能动作之一。准确说，除了这仰卧起坐，魏毅大部分的健身动作，这橘猫基本都会做了。而且它不仅仅会做，还非常的努力。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揍其他猫之外，便基本都会在这里锻炼身体，简直比魏毅还要自律。如今他早已经告别了虚胖，真正变得强壮。魏毅甚至觉得，如果扒开他腹部的皮毛，都能看到八块腹肌了。 这件事还要从半个多月前魏毅的驯兽技能进阶后说起。魏毅在晋升到四阶时，获得了一个名为“预售契约”的新神通。这是一个与书写技能配合的神通，可以使用笔墨之气形成特定的气印，注入动物灵魂之中，有点类似入木三分的妙法。一旦建立契约后，动物便会与他亲密无间，甚至彼此可以心灵相通，清楚的感知彼此的情绪和想法。 是一种远超越语言的沟通方式。当然，卫意也可以更好的操控动物的行为。而卫意在与橘子建立了预售契约后，的确发现自己可以与橘子产生奇特的心灵感应，可以清楚的感知对方的情绪和想法，也能更好的去控制橘子的想法和行为。但卫意也发现，这个能力存在一个小小的弊端，那就是当自己开启与橘猫的心灵感应时。 每次与橘猫一起看到苏林韵那一小堆 A 时，就会冒出一个想上去踩一踩的奇怪想法。不过魏毅也知道这是橘猫的想法，只是彼此心灵相通后的互相感应而已。而且橘猫那点微弱的意识和情感，自然左右不了他的思维。但魏毅的意识和想法，却明显对橘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初与橘子建立预售契约后，魏毅就感觉这契约。 似乎还能促进动物的灵智开启，因为自从自己与橘子建立预售契约后，它就明显比从前更加聪明，甚至眼神中都多了许多人性化的感情色彩。也是在那之后，魏毅每次干健身技能，这家伙就会在旁边模仿。加上魏毅最近的确在健身上投入了大把的精力，希望再进一步，以及他养成的自律意识，严重的影响到了橘猫的性格和思想。 于是，这橘猫便一发不可收拾的跟着魏毅一起锻炼，甚至如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魏毅还干，还自律。不仅如此，魏毅也发现，最近自己写字时，橘猫也会过来看一看，只不过自己手速太快，他看不太清楚。不然，估计再过些日子，这家伙没准就要提笔写字了。看到魏毅走进来，橘子这才停下动作，然后看着魏毅，喵喵叫着。魏毅。 也能清楚的感知到，他心中的喜悦以及想要跟自己一起锻炼的想法。来吧，我们一起。”魏毅笑着说道，旋即也开始了热身运动。魏毅自从开始食用药膳、饮用药酒后，他也惊喜的发现自己每次干健身技能时，熟练度提升数值竟然比从前高出了许多。不过这也很好理解，药膳和药酒的滋补对自己身体起到巨大的改善效果。 也就加速了健身的成果，之前食用那些养生菜，估计也有提升的，只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所以自己当时也没有太过注意，甚至以为只是自己健身强度带来的数值浮动而已。第九十九章绿衣和紫裙。第二天傍晚，魏毅被郭皮修拉着去了红秀招。红秀招乃是城中高端的青楼，是上流社会的社交娱乐场所。 接待的客人也是非富即贵，要么就是文人墨客、入品的武者。而且按照郭皮修所说，红袖招的女子都很有学识，个个都有才艺，除了歌舞乐器，甚至还精通棋艺、书法和绘画。她们也都是从小就被精心培养，甚至不少乃是乐营的女子，只是卖艺不卖身。比如那柳如姑娘，就是出自京城的教坊司，传闻她曾经给不少高官献过舞。 魏毅来到红袖招后，果然发现这里不像自己印象里那种青楼。门口站着一些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女子，拿着丝绢、搔首弄姿、言语挑逗的在那里招揽客人。这里的看外观就仿佛是某种雅致场所，只是挂着许多彩灯和绸带，阵阵优美的乐器之声不断的从其内传出。郭公子，您来了！现郭貔貅的马车停下，门口小厮连忙迎了过来。 赶紧去通报，魏公子来了。郭皮修扔给小厮两个铜板，说道：“小的明白。”小厮兴高采烈的跑了进去。魏毅跟着郭皮修下了马车，一起走进了红袖招。里面的装修富丽堂皇，却也颇为雅致。虽话音不绝，却并不喧闹。好听的琴音乐曲回荡在大厅之中，一群轻纱曼舞的姑娘正在高台上献舞。周围的客人一边喝着酒，一边欣赏着音乐和舞蹈。 身边也有一些漂亮的女子作陪，彼此说笑，言行得体。二楼围栏边也同样站着许多衣着华贵之人，旁边也都伴着容貌清丽的女子。不过，随着魏毅走进这大厅，小厮与管事却是立刻迎了上来，恭敬的说道：“魏公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管事的话不禁引起了周围一些人的注意。然而，现场也有许多人认识魏毅。 但见他到来，一些人忙起身，笑着迎了上去打招呼。一瞬间，魏毅便成为了万众焦点。不仅仅是客人，连那些花魁姑娘们的目光也全都汇聚向了魏毅身上。甚至乐公竟纷,纷纷停下演奏，舞姬也停下动作，目光纷纷看向魏毅，满眼的好奇。毕竟，如今这城中最有名气、最炙手可热之人，那绝对是魏毅了。关于他的传闻可是数不胜数，所以。 无数人都很好奇，这魏毅到底是何许人也？是否如传言那般如画中人，在世谪仙？尤其是那些姑娘，心里可谓是仰慕魏毅已久。要知道，魏毅写的那些关于饮酒的诗作，被无数酒客们所传颂，尤其是那首《将进酒》，简直风靡整个青楼勾栏，也是那些文人墨客酒兴高昂时放声诵读的诗词。所以说，在这青州城内。 魏毅粉丝最多的地方，除了清风书院外，便是这青楼勾栏了。就在这时，楼上也传来一阵骚动，却是那舞姬柳如走了下来。在场的男子目光不禁又望向了那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柳如。魏毅也定睛看了看，这让郭皮貅魂牵梦绕的女子，不得不说，她的确生得美艳动人，而且天生带着一股魅意，美眸顾盼间，便仿佛可以勾人心魄一般。 那身材更是满足男人的一切幻想，该大的大，该细的细，凹凸有致，曼妙诱人，当真是绝色尤物。看到魏毅和郭貔貅被柳如请到了楼上专属的雅间之中招待，一楼客人不禁议论纷纷。很多人羡慕魏毅，今夜怕是要有艳福了；也有人羡慕郭貔貅，真是好运气，有魏毅这样的朋友。而那些女子们则是谈论着魏毅的容貌气度，眼睛里满是倾慕。 二楼护栏旁，一名绿衣少女正独自站在那里，目光炙热的注视着魏毅的身影走进了柳如的雅间。这女子似乎只有十六七岁的模样，但却同样妩媚妖娆，极为漂亮。而且，如果仔细看去，她那瞳孔已然变成了兽瞳，眼眸深处竟还有一圈金色的光环微微闪烁着。她一直注视着魏毅的身影消失在那房门口，才依依不舍的收回目光。 略有些惊喜的笑了笑，旋即转身走进了身后的雅间，关好房门。雅间内还坐着一名紫裙女子，正在弹着古筝。她的容貌同样清丽绝伦，而且长得颇为清纯，只是那眼神略有些忧郁，总给人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伴随着她的琴音，两个年轻的公子哥正彼此搂抱在一起，随着琴音扭动身体，他们眼神迷离，面颊潮红，一脸猥琐的笑容。 若此时郭皮修在此，定然能够认出这二人正是万子和与他的好兄弟。他二人倒不是有性取向问题，更不是因为喝多了而失态，而是中了幻术，正沉迷于幻觉中与美人交流人生。绿衣少女一脸嫌弃的看了看那两人，抱怨道：“师姐，你就不能让他们躺地上睡一会吗？看得我好恶心啊！”“嘻嘻，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他们花重金来这里。 给我们表演人间丑态，嗯，是人间百态，我们怎么能不好好欣赏呢？紫衣女子脸上浮现出人畜无害的笑容。啊，他们两个实在太恶心了，我受不了了。绿衣女子嫌弃的撇着嘴，然后靠了过去，扭着头，衣袂一挥，一道灵光闪过，那万子和和他好兄弟便彼此相拥着躺在地上睡着了。呼，感觉我的眼睛要瞎掉了，师姐。 你这是什么特殊癖好啊？紫衣女子却是笑而不语，继续弹着她的古筝。刚刚外面发生了什么？紫衣女子沉默片刻，问道。闻言，绿衣少女顿时来了兴致，略有些兴奋地说道：“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是那个魏毅来了，师姐。那魏毅果然很非凡啊！虽然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修为，但他周身却凝聚着天地之势，就仿佛那种得道高人一样。而且他的体质似乎也很特殊。” 散发着至刚至阳的气息，体内也好似凝聚着一团真火，而且不知为何，看着他，我就有一种很想亲近的冲动，那感觉特别奇妙。如果今晚他在这里留宿，我便去仔细探查一番。你不是最讨厌人类吗？怎会有如此想法？紫裙女子停止了抚琴。是啊，我我只是好奇而已，想要搞清楚这位爷身上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绿衣少女略有些紧张的说道。 你既然都说了他很非凡，贸然接近他可能会有危险。我们是来办正事的，你若贪玩误了事，别怪师姐无情，不去救你。知道了，我不乱跑就是了。不过师姐，师傅到底让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啊？这么久了，我们除了待在这里，什么也没做。绿衣少女悻悻的说道：“我也不知，但师傅如此安排，定然有他的用意。我们安心等待师傅下一步的指示就好。”紫裙女子继续抚琴。 弹奏着悠扬的旋律。第一百章第一批学生。魏毅来到雅间后，柳如自然是倾诉了自己对魏毅的仰慕之情，说话间也难掩心中爱慕之情。郭貔貅虽然全程在旁边努力的刷存在感，但柳如的目光却始终都在魏毅身上流转。不过郭貔貅早就习惯了，跟魏毅在一起，自己就算穿金戴银、满身的玉饰，也依旧会变成空气一样的存在。 毕竟魏毅太耀眼了，而且说来，自己这次已经是借了魏毅的光，才能来到这柳如的雅间，被他单独接待，心中已经是心满意足了。闲聊了好一会，柳如提出为魏,魏一跳一支舞助兴，她去换了一身红裙，让她那本就妩媚的容颜更显得娇艳动人。几名乐工弹奏起了优美的旋律，柳如一袭红裙，翩然起舞，那轻纱之下，玲珑娇躯若隐若现。 引人遐想，他的舞姿更是翩若惊鸿，就仿佛是在男人的心尖上起舞一样。虽然没有搔首弄姿，也无各种暗示挑逗，却依旧看得魏毅生机勃勃，小鹿乱撞。难怪这柳如能让城中无数男子为其倾倒，让这郭皮修魂牵梦绕，果然名不虚传魏毅看得如痴如醉，旁边的郭皮修更是半张着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一曲结束，魏毅。 还有些意犹未尽，不得不说，看着柳如跳舞，的确赏心悦目，陶冶情操啊。所以，不管在哪个世界，作为男人就要多看小姐姐跳舞，才能永葆青春啊。柳如陪着魏毅又喝了一会酒，不禁聊起了自己在教坊司的一些往事，更是有意无意的提到了他与妙音坊的红墙姑娘都是出自教坊司，彼此情同姐妹。听到这些话，魏毅意,意味深长的看了看柳如。 笑着点了点头，他感觉这柳如很可能也是天下盟的人，但尽管如此，魏毅在没有彻底了解对方底细之前，也不敢完全信任他，所以纵然很想再欣赏一下付费部分，却也只能等日后再说了。许久后，魏毅见时间不早了，便准备告辞了。柳如也没有多留魏毅的意思，只是表示了希望魏毅以后能够常来，毕竟他心里很清楚，魏毅心存戒备。 不可能在这里留宿，而且这不过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如果这魏义真的想要再次留宿的话，那才会让他大为失望。魏兄，你怎么不在柳姑娘那里留宿啊？多好的机会，你若愿意，今晚便可以与柳如姑娘春宵一度啊！回去的途中，郭貔貅一脸惋惜的说着：“给我介绍一下这城中的各家青楼吧。”魏义岔开话题：“要说青楼，那我可就不困了。” 郭皮修来了兴致，开始滔滔不绝的给魏毅讲起了西湖畔各家青楼勾栏的前世今生。魏毅回到家时，石海里的笔墨之气竟然还在增加着。没想到那杜少林比自己还干，都已经快午夜时分，这老夫子竟然还在修炼。果然，优秀的人往往比别人更刻苦。不过想想他当年出身寒门，却能够通过科举，高中状元，更是成为了文学大家。 除了天赋之外，定然也付出了远超常人的艰辛。所谓头悬梁锥刺,刺骨都是常有的事。如今杜少林开启了全新的人生，自然又激发了他的激情。只是这老夫子如今可不年轻了，这么干下去，魏毅真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明天给他送去一些药酒和药膳，补补身体吧，可别把身体干坏了。魏一心说着，毕竟修炼笔墨之气对身体病。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而杜少林年纪毕竟不小了，魏毅还真是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不过在杜少林的激励下，魏毅也决定先干一个时辰的书写技能，再去上床睡觉。如今有着奋笔疾书的技能加持，他手速可谓是快的飞起，就是有点费纸。加上这段时间每天主要干的就是书写技能和健身技能，所以距离上次升级虽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但书写技能已经只差百分之二十三的熟练度就能进阶了，目前已经完全与健身技能的进度持平了。不过这也是因为书写技能目前是五阶晋升六阶的过程，而健身技能目前是三阶晋升四阶，所以两者升级所需的熟练度数值还是相差非常巨大的。魏毅已奋笔疾书，持续干了一个时辰，不禁也有些疲惫了。毕竟这种高爆发下的书写。 除了消耗体力，更重要的是消耗精神，可以说是非常费神。加上时候也不早了，魏毅收拾好书案，便回房间上床睡觉了。见魏毅躺在了床上，房间里的几只猫也凑到了床上，围在他身体四周趴了下来。如今天气冷，这些猫都喜欢贴着他睡觉，毕竟魏毅身体自带小火炉，非常温暖。但这些猫之中，自然没有橘子。魏毅知道，此时的他。 正在练功房里锻炼身体呢，这个时间段都是他最精神的时候。如果我能够搞到妖类的修炼功法，没准能让橘子修炼成精啊！魏毅心想着，但因为精神的疲惫，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魏毅就特意带着自己制作的丸子类药膳和滋补身体的药酒去了清风书院，并告诉杜少林，这些食物和药酒乃是辅助修炼之物，让他每天适量食用。 并且要劳逸结合，不能伤了身体。杜少陵自然深信不疑。不过魏毅见杜少陵气色很不错，没有丝毫疲惫和憔悴之态，或许人的精神真的可以战胜肉体，因为他的人生重燃希望和激情，所以身体也焕发了生机。杜夫子，我这里有一张名单，这是我选中的第一批学生。魏毅递给了杜少陵一张纸，其上写了三十个名字。 这三十人中，除了包括了学院目前的几个夫子外，其余人都是学院里才华最为出众的学子，也是对魏毅极为崇拜之人。他们之中有原本的富家子弟，也有后考入的寒门子弟，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身上凝聚的笔墨之气都非常浓郁。好的，您打算什么时候传授他们修炼之法？杜少林问道。就明天上午吧，你也替我先给他们讲述一下。 何谓儒道修行？魏毅说道：“好的，老夫明白。对了，昨日老夫写了一则儒道修行弟子的规则纪律，您稍后看一下，可有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杜少林说道：“上次魏毅对他说过，想要建立儒道修行体系，这便是开宗立派。既然如此，自然是需要有门规戒律来约束弟子行为，规范他们的思想。好啊，夫子想的果然周到。” 我们的确需要有专属的门规戒律。”魏毅笑着说道，“果然把这件事交给杜少林再适合不过了。有他在，自己要开宗立派也会水到渠成，省去诸多麻烦。而且以后有他来管理学院和学子，自己也可以当个撒手掌柜，专心干技能就好了。甚至还不用担心他会居功自傲，亦或是脱离自己的掌控。”第一百零一章，这家店不简单啊！香满楼总店门前。 一名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中年道人走了过来，抬头看了看那牌匾，笑着说道：“应该就是这里了。”但就在他准备走进酒楼之时，目光却不禁落在了门口的两尊石雕貔貅之上，眼中微不可察的闪过一丝金芒，旋即又仔细的看了看那貔貅石雕，却是更加惊讶。明明他感觉那石雕周围萦绕着特殊的场域，而且有天地之力环绕。 但以自己的神识，竟然看不透他有何玄奥。这家店不简单啊！邋遢道人暗自感叹着，心中却是对这家香满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欢迎光临，这位贵客里边请。见邋遢道人走进酒楼，店里的伙计连忙招呼道。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伙计，自然不会以貌取人。更何况这道人虽然衣衫不整、邋里邋遢的，但那道袍上却一尘不染。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邋遢道人随便应了一声，目光却是环顾四周，而后在其中一些摆件和字画之上稍作停留。那些物件上都有着奇特的天地之力萦绕，显然都不是寻常物件。客官请坐，请问您想吃点什么？我们酒楼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伙计开始主动介绍酒楼的特色，但邋遢道人却打断了他的话：“可有兰陵美酒？”“当然。” 这兰陵美酒就是我们店里最畅销的酒水，不知贵客喜欢喝什么口味的？我们有浓香型、酱香型。听到伙计的话，邋遢道人目光亮了几分，竟然还有这么多不同的口味，不错不错，这里果然有惊喜啊！哈哈，都给我上一壶，尝一尝。邋遢道人笑着说道：“好嘞，您需要再来点下酒菜吗？我们酒楼的菜可是名动全城，味道堪称一绝。那就再来两道。” 你们最畅销的下酒菜，好嘞，您稍等。对了，你们掌柜在哪里？邋遢道人问道。就在那边，我们的孟掌柜。伙计指了指刚从楼梯上下来的孟水莲。嗯，邋遢道人起身走了过去，目光稍稍打量了一下孟水莲，却是也察觉到他腰间的玉佩很不寻常。看来这家酒楼背后之人绝对是个练气高手。 也不知是哪位练气大师，竟然在这里开了酒楼，还酿造出了那么好喝的美酒。你就是掌柜吧？是啊，贵客有什么需要吗？孟水莲笑着问道。这墙上的字画是谁写的？邋遢道人又问道。乃是我们酒楼的大掌柜魏毅。听到孟水莲的话，邋遢道人仔细思索了一下，这名字他还真是没听说过。 不知他人在何处，可否让贫道见一见他？他去了清风书院，应该五时左右回来。孟水莲说道：“他知道魏毅，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不然基本都会回家自己烧菜吃。”好，那我就边吃边等他。邋遢道人笑着说道：“反正他也不急，这酒楼有那么多种美酒，他今天定然要好好品尝一下。”邋遢道人重新回到座位上，小二已经将几壶酒都端上来了。 还给他逐一介绍了各个口味，邋遢道人迫不及待的倒了一杯酱香型的兰陵美酒，一饮而尽，顿时满脸惊喜，好喝，全新的口味又带给了他新的惊喜，让他无比满足。邋遢道人陆续又品尝了其他香型的兰陵美酒，当真是惊喜连连，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那层次分明的口味和独特的回甘，简直让他欲罢不能。 甚至不同香型搭配着喝，还会有更加新奇的味觉体验。随后，他点的下酒菜也端了上来，菜肴的味道同样让他非常满意，配合美酒，当真是相得益彰。所谓的美酒佳肴，当如是也。他走遍天下，云游四海，也算是尝遍了许多美食。这厢满楼的菜肴绝对能排进前列了，而酒水那更是天下无双了。 除了他曾经偶然在洞天福地中喝过的一小壶仙露，怕是这尘世间也就只有这兰陵美酒能称之为真正的美酒了。搭配着美食，几壶美酒很快就被他喝光了。邋遢道人便又叫小二上了几壶。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多，临近午时已然是座无虚席，热闹非凡。邋遢道人又叫来了伙计，询问魏毅是否回来了。那伙计与孟水莲说明了一下。 得到许可后，这才去后院询问了一下，得知了魏毅已经归来。伙计再次回到酒楼，对那道人说道：“贵客，我们魏掌柜已经回来了。哦，他在哪里？贫道想要见一见他。”道人略有些欣喜的问道：“在后院家中。您若想见他，我去通报一下。”好。伙计再次去了后院，通报了一下情况。魏毅听说店里有一位道士想要见自己。 心中有些惊讶，猜测会不会是那孙林来了，将那位道长请到厅堂。魏毅对府上的下人说道。那下人将魏毅的话转告了酒楼伙计。不久后，伙计便带着那邋遢道人走进了院子，然后由府上的下人请到了厅堂。魏毅看到那走进房门的邋遢道人，心中略有些惊讶，对方他并不认识，但从那衣着和外貌来看，这人要么是个神棍，要么就是高人。 不过魏毅仔细观察之下，确定此人应该是后者。见过道长，不知高人如何称呼？魏毅作揖，笑脸相迎。道号一平，邋遢道人笑着说道，目光却是仔细的打量了一下魏毅，心中也是颇为惊讶。眼前之人的确不是自己认识的人，更不是自己猜测的那般，是某位隐士的炼气大师。他身上并无真气，也没有武者的血气。 但却有着至刚至阳的体质，身上也散发着一种很特殊的气息，更是有着某种锐气笼罩周身，一看就不是普通人，或者说未来的他注定不凡。所谓万物可以以万道入道，任何修行的最后都逃不过对大道的感悟，领悟出属于自己的道。道门的修真之法也只是帮助凡人更容易的踏入修真的门槛，获得更长的生命。 有更多的时间去参悟大道，也更容易让自己感受到大道。但他也知道，有一种人可能原本还只是普通人，却因为一招顿悟大道，从毫无修为的普通人直接入道，成为得道高人。而眼前的魏毅，或许就会是这种人。第一百零二章法宝。魏毅与一平道长一起落座，并让婢女上了茶，但一平道长说自己不喜欢喝茶，只喜欢喝酒。 说话间，就拿着手里的酒葫芦喝了一口，不知店里的酒菜道长可满意？魏毅笑着问道。满意，满意，当然满意。这兰陵美酒真是世间难得的好酒啊！对了，我这有一件法宝，不知可否跟阁下换一些酒喝？一瓶道长试探性的问道。说话间，手掌一翻，手心中突然出现了一块玄鸟玉佩，那玉佩上光晕一闪即逝。 恍惚间，似有一只玄鸟虚影掠过，魏毅眼睛一亮，目光仔细的看了看那玉佩，感觉的确很非凡。不仅如此，当他仔细观察那玉佩之时，石海里的金色光芒出现了异动，竟然再次延伸出一条金色的丝线，落入那玄鸟玉佩之中。与此同时，那玉佩之上也亮起了一丝光晕，微微闪烁着，仿佛是某种呼应一样。看到这一幕，那一瓶道长。 也是目露讶异之色，有些惊喜的看了看那玉佩，又看向了魏毅，说道：“看来此物与你有缘啊，这玉佩有何作用？”魏毅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丝感兴趣之色，能够引动自己识海里的金色光芒，这玉佩应该很不寻常。这乃是护身法宝，以真气便可以催动。一瓶道长又说道：“说来惭愧，在下并无任何修为，恐怕无法使用啊。” 魏毅说道：“听到魏毅的话，那一瓶道长点了点头，暗道自己应该真的没有看错，这魏毅的确并没有修为。店里会有那些非凡之物，或许真的与他身上散发的那特殊气息有关。刚刚玄鸟玉佩也出现了反应，看来把这玄鸟玉佩送给魏毅，也算是给他找了一处好归宿。没有修为也无妨，这玉佩很有灵性，你随身带着，即使无法催动它。” 若你真有危险时，他也会主动庇护你的安全。一瓶道长又说道：“虽然他也不能完全确定，但刚刚这玉佩与魏毅竟然产生了某种呼应，说明他很喜欢魏毅。如此有灵性的法宝，是能够主动庇护魏毅的。”道长打算用这玉佩换我多少美酒？魏毅笑着问道：“就这一葫芦的兰陵美酒就好。”一瓶道长狡黠一笑：“哈哈，道长说笑了。” 你这葫芦之中怕是别有洞天，恐怕我这店里的酒也未必装得满您的葫芦吧？”魏毅笑着说道，“哈哈，没有那么夸张。不过阁下觉得我这玉佩能值多少兰陵美酒？这样吧，道长，我收了你这玉佩，以后您来我这里喝酒吃饭全部免费。您什么时候来，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您看如何？”魏毅笑着说道，“好，成交。但老夫接下来要去一趟玄奘山。” 怕是短时间回不来，这次可否给老夫先带上十坛八坛，让我路上慢慢品尝？”一平道长说道。“没问题。”魏毅点了点头。“那我们一言为定。”一平道长手一挥，那玉佩便自动飞到了魏毅面前。魏毅接过那玉佩，入手温润，竟然没有一丝冰凉之感，仿佛这不是一块玉石，而是一个拥有生命和温度之物。道长，魏某还有一事相求。 您可有适合在下的修真功法？魏某愿以任何财物作为交换。魏毅又说道：“他能看出这一瓶道长绝对是一位高人，应该掌握着诸多修行之法，或许可以向他再求得一门修真功法来修炼。”有是有，不过修真绝非易事，半路修行更是难上加难。我的建议是，若你有自己的道，便好好坚持，他日同样有机会参悟大道，甚至是得道成仙。 若什么都想得到，可能最后什么都得不到。修真功法不过只是辅助而已，想要问鼎大道，单单靠那修真功法是无济于事的。一瓶道长神色严肃，字字珠玑。听到对方的话，魏毅内心震动。一瓶道人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在告诉他：寂静乎道，自己只要坚持自己的道就好，未来一样有机会得到成仙。而且，任何的修真功法要想修炼起来。 都会需要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如今自己每天的时间有限，又要干经验，又要修真，那恐怕最后就是什么也没有做好。不如就依靠系统好好的干技能，同样也可以得到成仙，甚至这个途径比修真来的还要快。看来这一瓶道长果然不简单啊，竟然看出了些许端倪。魏毅知道对方肯定是看不出自己有系统的，但应该能够通过一些蛛丝马迹。 推测出自己并非是普通人，应该也要属于自己的修行之道，所以他才会这般说。多谢道长点拨，魏某明白了。魏毅站起身来，恭敬的作揖，感激的说道。正说话间，橘子却是走了进来，乖巧的看着魏毅，喵喵叫了两声，旋即又看向了旁边的一瓶道人，眼睛中泛着灵动的光芒。一瓶道人看到橘猫后，目光也是微微亮了几分，旋即微微一笑。 对那橘子招了招手，橘子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魏毅，去吧。魏毅心念一动，橘子这才走了过去。一平道人将橘子抱在怀里看了看，笑着说道：“很有灵性的猫啊。”说着，他的手掌摸了摸那橘子的脑门，一道金光在他掌心一闪即逝。橘猫的目光似乎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然而，与橘子有着心灵感应的魏毅却是神色一动。 心中窃喜，这一瓶道人竟然给橘猫传授了一门修行之法，而且是适合橘猫的修行之法，这简直就是送了橘猫一场大造化呀、啊！道长，魏某还酿造了一些药酒，不知道常可想品尝品尝？好啊！一平道人笑着说道，旋即又摸了摸橘猫的脑袋，这才放他离开。橘猫看着一平道人叫了几声，魏毅能够感应到他在表达感谢的情绪。 魏毅叫人去拿来了两种药酒，一种是滋补身体的，另一种则是使用了妖兽血肉味药材，拥有补充血气和真气的药酒。前者味道非常好，甚至比兰陵美酒还要好喝。一瓶道长逐一品尝了一番，心中也是颇为惊喜。尽管这药酒功效对他来说杯水车薪，但不可否认，这些药酒如果给寻常修士饮用，还是会有非常显著的效果。阁下还真是很擅长酿酒啊！ 这药酒的味道，贫道也甚是喜欢。”一瓶道人笑着说道，“既然道长喜欢，那我再送您一些药酒吧。”魏毅说道。他其实也想替橘子感谢一下这一瓶道长，尽管人家未必需要这些药酒，但就当是给他尝尝鲜了。第一百零三章未雨绸缪。魏毅烧了几道菜，请一瓶道长一起又吃了顿午餐。魏毅的手艺也征服了一瓶道长的味蕾，让他赞不绝口。 如果说他不久前在香满楼品尝到菜肴，在他心中能够排进前列，那魏义烹饪的菜便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了。吃完午餐后，一瓶道人也离开了。临走前，魏毅给他拿来了十坛子兰陵美酒以及两坛子药酒，这些酒全都被一瓶道人装入了那葫芦之中。很显然，魏毅猜的没错，那葫芦也是非凡的法宝，内有乾坤，估计就是几百坛酒都装不满。 而且还能将不同香型的美酒单独存储，互不影响。一瓶道长离开后，魏毅也开始全身心的干书写技能。他如今不再对武道修行和修真抱有执念，有着系统在，自己还怕无法干出属于自己的大道吗？晚饭后，魏毅又与郭貔貅一起去了妙音坊，但他可不是来听取的，而是过来找红强确认一下那柳如的身份。 顺便与红强接触接触，认认门，方便以后互通有无。果然，魏毅来到妙音坊没多久，就在一众客人艳羡的目光中，单独受邀去了红强的雅间。红强的身份，魏毅是知道的，沙尘也告诉过他，龚先生和红强是他可以绝对放心的两个人。来到红强的雅间后，魏毅与红强闲聊一番，又听他唱了一首《明月几时有》，这才一边装模作样的喝酒聊天。 一边小声的说起了正事，他先向红强确认了一下柳如的身份，正如之前猜测的那样，柳如同样也是天下盟的人，是可以信得过的人。而且红强也告诉了魏毅一些对他来说可能会比较重要的消息：，天人教准备在青州城建道观，这也意味着他们的手就要伸到青州城了。之前苏哲和杜少林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青州城估计也要变天了。按照天人教在其他地方的作风，他们建道观就必然会克扣和压榨城中百姓，让商贾出钱，百姓出力，毫无节制。而且他们会勾结官府，建立新的商会，由他们的人统一把控城中所有商业，方便他们压榨钱财，更是会垄断产业，打击不愿臣服他们的商贾。 这就会彻底破坏城中原本的经商环境，也会将魏毅如今在城中建立的一些良好的秩序再次破坏掉。洪强告诉魏毅这件事，也是因为他在城中有诸多产业，所以希望他能有一些心理准备，防患于未然。不过，按照洪强所说，目前天下盟也在全力的抗击天人教的势力，也会尽全力阻止天人教的势力蔓延到青州城。如今。 沙尘就在外地执行抵抗天人教的活动，但除了天人教的威胁外，如今西部诸国也开始蠢蠢欲动，意图来犯，所以接下来的大燕王朝可能要面临着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这个消息让魏毅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之前从沙尘那里也得知了一些关于天人教的消息，而且从苏哲和杜少林的谈话中也能窥见朝堂的混乱。 以及国家的内忧外患，没想到一切来得这么快。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自己还真的要早做打算才行。其实魏毅当初选择加入天下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要通过他们的情报网络，来让自己掌握更多关于大燕王朝局势的消息。因为情报代表着先机，信息差有时候就关乎着命运，就如同前世最寻常不过的天气预报了。 正因为有天气预报的存在，至少大雨落下时，身边还可以准备一把伞遮风挡雨。这就是信息的重要性。毕竟他除了要自保，还要守护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当然，他更想守护的是这座城池以及自己现有的安稳的生活。他与家人已经经历过一次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所以真的不想再经历第二次。更何况自己如今在青州城有这么多的产业。 也结交下了这么多朋友，如今生活刚刚变得幸福美好、欣欣向荣，他不想就这样被摧毁、被破坏掉。如果可以，他愿意去守住这一切，而这同样也需要天下盟的帮助。他需要掌握更多的情报，才能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如果自己实力再变强一些，以自己掌握的一些能力，或许与天下盟互相配合，真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也说不定。 前世魏一没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这一世他希望自己有能力去掌控自己的命运，去守护自己想要的美好。从妙音坊回到家中，魏一再次拿来笔墨，继续开始干书写技能，因为他很清楚，如今最有可能创造奇迹的力量便是那笔墨之灵了。翌日，青州城东余家府邸内，余家也是颇为悠久的武道家族，在青州城内也算是名门望族。 掌控着青州城三大帮派之一的千和帮，家族产业不是很多，但同样有钱有势，甚至威望还在郭家之上。此时，于家年轻子弟刚刚完成晨练，从演武场回到庭院之中。然而寒风中有阵阵诵读之声回荡着：“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子曰。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诵读之人乃是余家嫡,嫡长子于庆年，他也是清风书院的学子。所诵读的内容便是由杜少林整理的卫译语录。但听到这诵读之声，几名余家年轻子弟却是一脸鄙夷的说道：“所谓的圣贤书，就是不说人话。”“哈哈，是啊，一句听不懂，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也不知道天天念这些文绉绉的话有什么用。” 听着就烦，废物一个，读再多的书也是浪费钱而已。我看他最近读书都快读傻了，整天说着胡话，冷嘲热讽的讥人，乃是余庆年的弟弟。但他们都是妾室所生，而余庆年乃是正房嫡子，本应该是家主之位的继承人，但却因为根骨不佳，体弱多病，无法修炼武道，失去了继承家主之位的资格。他虽然心有不甘。 却也无可奈何，毕竟家规如此。而余家这些庶出子弟，也因为从小就受到母亲的教唆和影响，一直很瞧不起于庆年这个嫡子，经常因为对方不能习武而暗中冷嘲热讽，颇有微词。余家重武轻文，武人众多，却几乎没什么文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因为余家先辈乃是罪臣，按照大燕王朝律法，余家子弟将再无仕途的可能。 所以在于家众人看来，读书毫无前途可言。只可惜于庆年毫无习武天赋，却很喜欢读书，在文学上也颇有天赋。而这或许也是继承了他母亲的基因，受到母亲的影响。只可惜身在这个武道家族里，他这文人变成了异类，成了同辈眼里彻头彻尾的废物。认为他每天花着大笔的钱读一些无用的书。 最后估计也就只能当个私塾先生，所以他们才会如此冷嘲热讽。第一百零四章星火。魏家魏毅一,一大早就把郭皮修和孟水莲叫到了家中，通知他们从今天起开始在酒楼和酒肆内售卖药酒，甚至让郭皮修去选几个好的铺面，再新开几家药酒店铺，专门售卖针对武者的药酒。魏毅要在变天之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扩大人脉资源。当某一个人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大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时，那么这个人除非自己作死，不然绝对会有一大群人护着他，不想让他死。而这药酒就有这样的作用。他相信这些药酒上市后，肯定能够俘获武者们的心。他对自己的药酒功效有着绝对的信心，不说甩同行几条街也差不多了，而且价格也是经济实惠。上市后。 绝对会被武者们追捧，甚至会被他们奉为神药。如此，自己的存在就关乎到了很多武者的切身利益。未来有一天，真有哪个不开眼的威胁到了自己的利益时，定然会有非常多的武者站出来帮助自己。做完这一切，魏毅又回到书房，在宣纸上写下了一首诗：“西湖白波暮夜稀，嫣红驶入唐云飞，唐云寒，嫣红苦，封号沙素萧怀朴。” 节事悲秋泪如雨，白日当天星，照之可以是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以天剑，跨海斩长鲸。这是李白写的一首诗，未毅将其做了本土化的处理，但并未破坏这首诗原本的意境和情感。这首诗表面似乎在歌颂、赞美古今烈士，表露自己心怀报国的志向以及强国兴国的愿望，但也蕴含了怀才不遇。 报效无门的怅然，以及对如今朝堂局势的悲愤和担忧，更是表达了不肯与奸佞同流合污的决绝之情。魏毅觉得这首诗的意境绝对能够与杜少陵以及学院里那些学子和夫子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们寒窗苦读，自然都是希望可以报效国家，希望可以振兴大燕王朝。但如今的世道却是有才华之人并不能得到重用。 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在杜少林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心中自然有着和杜少林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思想和宏愿，定然也会对天人教、对如今朝堂的不满和悲愤，所以这首诗绝对能够引发他们的强烈共鸣。而魏毅今天也要用这首诗来为学子们展示笔墨之气的力量，顺便试一试那妙笔生辉凝聚了众人共鸣之力后，能够发挥出怎样的威能。 日后自己也可以用这首诗作，为以天剑提升剑意和威力。余庆年吃完早餐后，便一如往日般乘坐马车来到了清风书院。昨天杜夫子通知今天要放假一天，却又将他与其余二十几名学子单独叫到圣贤堂，说他们有幸成为了被魏夫子选中的第一批执笔者，今天来学院接受魏夫子的传承。虽然杜夫子没有明确说何为执笔者，但依旧让余庆年心中无比的期待。 无比的自豪，他很开心自己能被魏夫子选中，成为那所谓的执笔者，也期待着能够获得魏夫子的传承，尽管他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传承。来到学院不久后，一众学子便被召集到了学院的操场上集合。虽然寒风凛冽，但他们的内心却是炽热的、激动的。而台上的杜少林看着下方一众学子，内心同样激动不已。他很清楚。 今天过后，这三十人也将与自己一样，开启崭新的人生，彻底改变命运。而清风书院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将不仅仅是教书育人之地，也会成为儒道修行的发源地，成为读书人真正的圣地，成为大言王朝未来的希望。这里将会改写历史，改写读书人的命运，让读书人不仅仅空有满腹经纶，也有上阵杀敌、斩妖除魔的非凡力量。 今天这三十人就会如同星星之火，他们将由卫意点燃，他日必将以燎原之势扫清奸佞，重整朝堂，还大言王朝朗朗乾坤。也会掀起儒道修行的热潮。未来这世界不再只是武人和修真者的天下，也会有他们读书人的一席之地，有他们说话的权利。杜少林没有立刻告诉众人今日单独将他们召集在此的原因，而是先给众人讲述了一下。 如今朝堂的局势，以及大燕王朝内忧外患的处境，更是着重讲述了文人如今在朝堂中不受待见的境遇，讲述了文人是如何被天人教的奸佞打压和排挤。尽管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但今日重新提起来，自然是为了铺垫情绪以及激发众人内心斗志。因为未义建立儒道的核心目的，就是要集读书人的力量，众志成城，共同对抗天人教。 他日扫除奸佞，重整河山。在杜少陵的一番激励之下，众学子的情绪已然被调动了起来，心中满是愤慨与不甘。他们都是有才智之人，心中有理想，有抱负，更有风骨气节，自然不甘心被那些趋炎附势的奸臣打压，不愿意被天人教那些修士们欺辱。奈何时局如此，他们内心也是无比憋闷。但今日起，我们读书人的命运将会彻底改变。 我们将不再只有满腹经纶，更拥有杀敌之勇、破敌之力。杜少林言之凿凿，但这一番话却是让在场的众人有些诧异，不明白杜少林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杜少林知道众人心中的困惑，因为他们此时的表情与自己那日听到魏毅说“师可杀敌，此可灭军时”时几乎一模一样，所以他也不再啰嗦，立刻将笔墨之气的修行之道讲述给了众人。 他的话却是彻底震惊了在场的众人，也颠覆了他们的认知。操场上一阵骚动，众人一时间情难自已，心中激动却又难以置信。毕竟杜少林所说的事情实在太过匪夷所思了。夫子，您，您说的都是真的吗？是啊，我们真的能依靠写字来修炼吗？太不可思议了，夫子，我们真的能获得非凡的力量吗？众人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一时间也顾不上礼仪，纷纷开口询问道：“如果这话不是杜少林所说，他们甚至都觉得对方可能神智有问题。”第一百零五章，此谓儒道。听到杜少林的话，于庆年的心脏狠狠的跳动着，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比在场任何人都更加渴望力量，渴望变强。他虽然喜欢读书，喜欢诗词歌赋，但出身武道家族的他。 自然也想如其他兄弟一样，能够修炼武道，拥有非凡的力量。如果可以，他自然希望自己文武双全，希望给母亲争光，成为余家的骄傲，而不是如今这般被人嘲讽和轻视，甚至父亲也不待见自己，连带着那向来要强的母亲也要被那些妾室说闲话。然而，刚刚杜夫子的话却让他早已绝望的心重新看到了希望。虽然自己依旧不能习武， 但却可以将文字和知识化为非凡的力量。未来有一天，或许可以让那些轻视自己、瞧不起文人的家伙看一看，读书人的满腹经纶同样可以化作杀敌利器，化作非凡的神通。只是这一切美好的，让余庆年觉得会不会是一场美梦？当梦醒来后，一切又要回到现实。他掐了自己一把，很疼，但脸上的笑容却更加灿烂。 看着众人那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杜少林再次朗声说道：“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与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当我看到魏夫子施展那神通，当我看到笔墨之灵时，我才知道一切都是真的。”杜少林又将那天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下。听到杜少林描述的场景，众人的内心可谓是久久无法平静，心中既震惊又激动，一股热血在体内翻涌。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有一天，自己所学知识能化作非凡的力量，自己一介书生竟然也能获得降妖除魔的神通，心中不禁期待魏毅的到来，期待亲眼见证奇迹，更期待着自己也能修炼笔墨之气，也能拥有非凡之力。当魏毅来到清风书院时，整个操场上可谓是热闹非凡，众人情绪高涨，满面红光，心中热血早已融化了这寒冬。看到魏毅到来， 众人神情更加激动，但看向魏毅的目光却是无比的崇敬，无比的炙热。他们心中本就对魏毅崇拜不已，如今更是知晓他拥有非凡之力，开创了儒道修行体系，也带给了他们改变人生和命运的希望。这心中对于魏毅的感激和尊敬之情已经无以复加，怕是学院那圣贤庙里的那些圣贤都已经无法跟魏毅相提并论了。学生参见魏夫子。 众人齐齐作揖，情绪高亢，声势浩荡，气势如虹。魏毅看着下方一同朝着自己作揖的众位学子，心情也是颇为激动。眼下虽然才三十人，但那气势却已经非常惊人。想想未来千万学子一起参拜自己的场景，一定非常壮观。估计单单那股气势，就足以喝退许多强敌。免礼！魏毅站在高台之上，俯瞰众人，朗声说道。 他身姿挺拔，在那阳光之下，周身仿佛笼罩着淡淡的光辉，配上那儒雅俊逸的容颜以及那超凡脱俗的气质，当真如谪仙一般。众人目光齐齐汇聚在魏毅身上，目光炙热，心情激动。魏毅没有啰嗦，毕竟杜少林已经将该说的话都说了。于是他右手持笔，开始在身前的虚空中挥毫泼墨，道道光芒在他笔尖凝聚，一个个文字。 在那虚空中浮现，恢宏的气势澎湃而出，周围的虚空仿佛都荡起了涟漪。这神奇的一幕看得众人目瞪口呆，震惊不已。那磅礴的气势更是让他们肃然起敬，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虽然他们之前已经听杜少林描写了一些场景，但此时亲眼所见，依旧大为震撼，深受触动。魏毅写下的正是他特意准备的那首诗。 西湖白波暮夜西，烟红驶入唐云飞。壮士奋雄风生，安得以天剑，跨海斩长鲸。随着这首诗成，一股肃杀之气弥漫而出，令人肃然起敬。恍惚间，他们仿佛看到了出征的将士们，在那凛冽的寒风中行军。他们无愧于苍天，无愧于百姓，更无愧于君王。想要保家卫国，想要收复山河。 然而天不遂人愿，前路凄苦，让他们的征战之路举步维艰。压抑的气息仿佛化作了浓稠的黑云，遮天蔽日，让众人感觉这操场上的天空都暗淡了几分，心头似有化不开的悲愤与不甘，壮志难酬，报国无门。但就在那黑云压顶之际，一柄长剑出鞘，气势如虹，开天辟海，展开了那乌云。 豁然开朗，那股气势在这一阳之间，宛若蓄力后的爆发，隐忍后的反击，令人感到豪迈而畅快。又如那宝剑经过磨砺后，终于锋锐逼人，势如破竹，斩尽妖人。这股强大的诗意与气势，直接震动了在场所有人都内心，也让他们仿佛受到了情绪的感召，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心脏狂跳，呼吸加剧，却又热血翻涌。 意气风发，内心似有豪迈之情，手中似有长剑在手，去劈开这乱世的乌云，去扫除奸佞。随我一起诵读！魏毅大喝一声，而后朗声说道：“安得以天剑跨海斩长鲸，安得以天剑跨海斩长鲸。”随着一众学子齐齐诵读，虚空中的那些文字光芒更盛，一股股势不可挡的磅礴气势澎湃涌出。 好似惊涛骇浪，又如千军万马。看到这一幕，包括杜少林在内，现场所有人内心都是惊讶不已。没想到自己的诵读竟然能出现如此景象，顿时心潮澎湃，继续跟着魏毅一起大声的诵读：“安得以天剑跨海斩长鲸，安得以天剑跨海斩长鲸。”随着那一声声的呐喊，一道道意志凝聚。 魏义身前的那首诗，仿佛引动了天地之力，天地间似有风雷之音响起。他手中毛笔在那虚空中轻轻一点，所有文字顷刻间凝聚在一起，化作一道银色剑影。这剑影与魏义的那柄倚天剑一模一样，只不过是由笔墨之气与天地之力凝聚而成，剑芒耀眼，锐气逼人。与此同时，魏义抬笔向上一挥，那剑影便好似化作惊雷。 又如银色蛟龙直冲天际，下一秒，伴随着一声轰隆之音，似有一道银色剑芒划过天穹。原本平铺在天空中的云海一分为二，仿佛给那云海输了一道中分。寂静，看着天空中那被展开的云海，一众学子目瞪口呆，全身汗毛倒竖，内心震撼，甚至都忘记了呼吸。但震惊过后，全身热血直冲发冠，面色涨红。 神情激动，他们此时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何谓儒道修行，何谓文字的力量。魏毅刚刚竟然用那首诗化作了一柄倚天剑，劈开了那漫天云海，如此神异非凡的景象，他们生平仅见，怕是只有那得道仙人才有如此神通。第一百零六章，好强的剑意！然而，刚刚这一幕也引起了城中无数人的注意，寻常人不知发生了什么。 只是被雷音惊动，而后惊讶的看着云海上出现了那一道裂缝。香满楼门口，一名身背长剑的男子停下脚步，满脸惊讶的看着天空中的云海。好强的剑意！万家宗祠后的一座隐秘房屋中，万银昌恭敬的站在一座神龛前，说着什么。在那神龛之上，慵懒的趴着一只红色的小狐狸。但就在这时，那红色狐狸忽然瞬移一般。 飞到了窗口，抬头看了看天际，不禁口吐人言：“这城中果然还有高人，大仙，发生了什么？”万银昌诧异的看了看那红色狐狸，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万子，本大仙受你供奉，只是答应保你府上安全，其他莫要再说。最近我要闭关，若无什么重要的事，就不要再来打扰我清修。说完，那红色的狐狸化作一道虚影，飞入到了神龛之中，消失不见。 红袖招的楼阁之上，绿衣少女和紫裙女子也趴在窗口，看着天空中的景象。这剑意好强啊！不知道是哪位剑道高人斩出了这一剑。绿衣少女略有些惊讶说道：“紫裙女子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不过在这大燕王朝境内，能有如此境界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只是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一位来到了这青州城，又为何斩出这样一剑？”静安王府内。 赵家的老王爷以及赵家的几名武道高手也都满脸震惊的看着天空，刚刚那一剑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让他们都不禁感觉心头一凛，汗毛倒竖。虽然此时那剑意早已消散，但这天地间却依旧有一股肃杀之气，更是有风雷之音回荡。然而此时同样惊讶的还有魏毅本人，他本想试一试凝聚了众人愿力和情感共鸣的诗意。 能呈现出怎样强大的力量？结果没想到，刚刚那一剑竟然有如此威能。如果不是将那一剑之威送上了天，怕是落在这学院的任何一处，都能造成巨大的破坏。魏毅感觉这一剑，怕是足以斩杀五品，甚至更高境界的武者了。果然，融合了杜少林的笔墨之气，这笔墨之灵化为真正的森林后，威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而且，魏毅猜测。 那金色光芒也可以给笔墨之气加 buff，加上刚刚一众学子的情感共鸣和强烈的愿力凝聚在一起，形成了那劈开云海的一剑。太好了，这妙笔生辉凝聚了共鸣之力后，威力果然强大。魏毅心中激动，自己以后凭借助这笔墨之气，便有了足够的自保之力，而且回头把这首诗也以入木三分写入自己的倚天剑中，还能将其威力。 再提升一大截，以后自己手握一众学子，集合众人的共鸣之力，以及那浩瀚的笔墨之森，足以在这方世界拥有真正的自保之力了。想到这里，魏毅顿时感觉刚刚那一剑也劈开了自己心头的阴霾。天人教也好，敌国的威胁也罢，在自己那一剑面前，似乎都有拨云见日的一天。想想刚刚只是三十人的共鸣之力。 如果以妙笔生辉凝聚数万将领的共鸣之力，那又会发挥出何种强大的威力？杜少林等人的目光看着天空，那激动的情绪许久才平静下来。刚刚那一剑劈开的，不仅仅只有天上的云海，还有他们内心迷茫的前路，以及那全新的人生。他们看到了新的世界，新的未来。他们渴望这份力量，渴望成为杜夫子口中的儒道修行者。刚刚你们也见到了。 这便是儒道，文字如刀，诗词如剑，可杀敌，可灭军，可斩妖除魔，可气吞山河。魏毅的话音再次响起，众人顿时噤声，仔细聆听者魏毅的话，目光炯炯，神情激动。我儒道修行，修炼的是笔墨之气，也是学识与才气，更是修养和品德。今日你们作为清风学院第一批被我选中的学生，并不代表着你们高人一等，更不代表。 你们以精灵驾于众人之上，选择你们只是因为你们比寻常人更刻苦、更努力一些。而儒道修行最重要的品质便是刻苦和努力。你们也要记住，这非凡之力交于你们手中是责任，是重担。魏一又开始了一番洗脑，嗯，是教导，主要目的就是敲打一下他们，免得他们突然拥有了非凡的力量就得意忘形、忘乎所以。 学生明白，众人齐声应答，神情严肃。魏毅不再多言，他既然选择了这些人，自然也是信得过他们的德行。而且眼下他们的作用就是贡献笔墨之气，未来能否使用笔墨之气施展威能，全凭自己掌控，所以他并不怕他们会乱用笔墨之气。魏毅顿了顿，又说道：“若想成为儒道修行者，你们当谨记这四句圣言：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魏毅这四句话一出口，再一次震撼了在场众人。这四句话可谓是言简意宏，如雷贯耳，直击心灵。就连杜少林都感觉灵魂仿佛受到了触动，全身如遭雷击。一瞬间，无数金色光点也不断的向着魏毅石海里汇聚，那金色烈阳仿佛又增大了一圈。笔墨之灵。 在那金光普照下，似乎也变得更加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接下来，我便传授你们修行之法，为你们开启石海，凝聚笔墨之灵。”魏毅继续说道。旋即，指挥众人彼此手拉着手围成一圈，然后盘膝而坐，闭上双眼，并让他们在心中不断默念刚刚那四句圣言。与此同时，魏毅也操控着自己的笔墨之灵，与这些学生建立了连接。 顷刻间，许多笔墨之气汇聚到了魏义石海里的笔墨之灵，再次凝聚出了一大片森林。因为这三十人中也有几位学院的老夫子，他们身上同样也凝聚了许多笔墨之气，一同贡献了这片森林。而那三十人的意识也瞬间被拉入那笔墨之林中，进入到了那片对于他们来说玄奥无比的奇异世界。魏义离开学院后，杜少林便开始组织众人一起修炼笔墨之气。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魏一石海里的笔墨之气飞速的增加住，不到半个时辰就凝聚出了一棵参天大树。第一百零七章，供不应求。魏兄，你听说了吗？今天城中出现了一位剑仙，一剑劈开了云海，引得天地震动，雷音滚滚，甚至整个天空都笼罩着降大的剑意，久久不散。临近傍晚时分，郭貔貅又跑到了魏义的书房，眉飞色舞的说着。 那已经转变全城的大事，其实这件事原本并没有引起普通人的注意，但是经过一些人，以及无数人的脑洞加持下，就传得神乎其神，越来越离谱。郭皮修说的已经是很普通、很接近现实的版本了。离谱的还有说看到仙人在云海里斩杀了蛟龙，有人甚至听到了蛟龙的咆哮，还有人说那仙人劈开了天门，直接飞升仙界了。当然听说了。 不过，为何会说是剑仙呢？搞不好就是修真者的神通。我爹说他感受到了非常强大的剑意，而且能一剑劈开云海，这根本不是凡人之力所能达到的，所以肯定是某位剑仙。郭皮修一本正经的说道。魏毅点了点头，没想到自己今天这一剑搞出的动静着实有点大了。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的？魏毅自然知道郭皮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哈哈，当然不是。 我是来说正事的，你让我找的铺面我已经全部搞定了，稍稍收拾一下就可以开业了。很好，那这两天就辛苦你安排人尽快收拾一下，招伙计、做牌匾，我们要尽快开业。没问题，最多两天时间保证搞定。对了，今晚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红秀招，给我们的药酒打打广告啊？有没有那壮壮阳的，或者是适合花魁娘子们的？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帮忙宣传一下吧。 你能想到的功效，我们的药酒都有。”魏毅笑着说道。他就知道，这才是郭皮修过来的重点。哦，那好吧。”郭皮修有些失望，本来还想着今天能不能再借光去看看柳如姑娘的舞蹈，看来今晚是没戏了。他真是想不明白，这魏毅放着那触手可得的大美人不要，整天写写画画，不无聊吗？瑜家府邸内。 于庆年从学院回到家中后，听到家里的兄弟们正神情激动、满脸崇拜的议论住关于剑仙劈开云海的事情，心中可谓是无比自豪，甚至有种暗爽的感觉。因为他们口中的传说，正是由他们学院为夫子所缔造；他们口中的剑仙，也正是自己最崇拜的老师，是儒道修行的开创者，是他心中的神。而未来，自己也会成为儒道修行者。 虽然未必能够达到魏夫子那般强大，但也定然可以让自己拥有对战武者的非凡力量。而且想想有一天，当自己那些自命不凡的弟弟们知道那劈开云海的不是剑仙，而是他们学院的夫子时的表情，还真是让余庆年很是期待。想到这里，余庆年心潮澎湃，径直回到了书房，立刻开始书写，修炼笔墨之气。其实不仅仅是余庆年，今日那第一批执笔者们。 听说城中的各种传闻时，心中同样也都非常的自豪。没想到有一天，他们文人竟然也能引起这般大的轰动，甚至创造了这般神乎其神的传说。但他们今日都已经在圣贤像前发过誓，不得将今日之事声张出去，否则将会剥夺他们执笔者的身份，甚至会被学院除名。所以，自然不会将今日之事说出去，更不会去在人前炫耀什么。 毕竟尊师重道、信守承诺、韬光养晦，本就是他们的基本素养。而且他们也知道，目前自己也只是刚刚开始修炼笔墨之气，还无法施展出魏夫子那般神意，就算想炫耀，也没得炫耀，根本不会有人相信他们的话。毕竟这世界上压根就没人知道什么是儒道，更没人会相信文人可以将文字化为杀伐之力。恐怕到时候。 只会被人当成读书读傻了，出现妄想症了。接下来几天，杜夫子对学院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设立了独立的儒道学院。第一批执笔者也全都进入了儒道学院进行单独培养和修炼，同时也设置了进入儒道学院的考核制度。所有清风学院的学子都可以通过学习魏译的诗词和语录，并通过考核获得进入儒道学院的资格。尽管学子们并不知道。 进入儒道学院到底有什么好处？但却明显能够感受到，大家都已进入儒道学院容，魏荣感觉会受到重点培养，这也激励了他们更加刻苦的学习魏译的语录和诗词。而学院也正式开始面向县城和其他城市招收学子。魏家的药酒铺子也陆续开业，借助兰陵美酒和兰生酒积攒下的口碑，魏家的药酒上市后销量瞬间飙升，尤其是针对武者的药酒。 上市末基天便已经口碑载道，在五人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得到了武者们的一致好评。包括治疗各种伤势的药酒、补充血气和辅助修炼的药酒，以及可以瞬间提升血气、增加爆发力的刚猛药酒等等，迅速俘获了一众武道修行者的心。所以，没几天的功夫，各类药酒便已经供不应求了，甚至连周边城镇的舞者也大老远跑过来购买药酒。 毕竟魏家卖的药酒价格很亲民，而且功效强大，简直让他们如获至宝。如今药酒铺面每天还没开门，门口便已经排起了长龙。魏家这药酒真的神了！我昨日修炼完，身体酸痛，右腿还扭伤了，结果用了那药酒，这一觉醒来，一身轻松，身体的损伤竟然也好了，简直神了！是啊，这补充血气的药酒功效也非常强大，感觉我现在修炼速度。 比以前增加至少一倍，你们没听说吗？林将军的女儿林萱儿就是借助魏家的药酒功效，从六品踏入了五品。真的假的？啊？千真万确啊！这消息都传开了。林萱儿现在可是青州府内最年轻的五品武者了，难怪最近购买药酒的人这么多。早知道他们刚开业时多买一点备着了，现在要买只能排队，还不一定买得着。是啊，现在还要限购。 这排队也只能买一坛。药酒铺门口排队的舞者们互相议论着。郭家府邸内，昨夜宿醉的郭皮修还没起床，就听下人传话说他父亲郭德云要见他。一听父亲要见自己，郭皮修瞬间惊醒，眼睛还没睁开，便手忙脚乱的起床穿衣服。但还没穿完，郭德云竟然主动来到了他的房门口，然后推门走了进来。爹，早早啊！ 郭皮修有些紧张的说道，心想着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事情，惹父亲不开心了？这一大早过来找自己算账？毕竟以前郭德云每次主动过来他的房间，都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让郭德云不悦的事情，过来找他算账的，轻则痛斥一毒，重则直接动手打人。所以此时的郭皮修心里真的是慌的一笔，目光都不敢直视郭德云的脸，甚至感觉自己左脸。 都有重火辣辣的疼痛感。感谢至尊神魔打赏一千六百六十六书币，感谢玄关饭壶打赏五百起点币，感谢数字书友二零一七打赏一百起点币。谢谢大家的月票，谢谢所有订阅的书友大大们。第一百零八章宝剑成影。昨晚又喝多了。郭德云一脸严肃的走了进来，旋即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脸上看不出喜怒。不过他平时基本都是这个表情。啊？ 是啊，跟跟魏公子一起喝的，他心情不错，所以不小心多喝了几杯。爹，你找孩儿有事吧？郭皮修低着头，支支吾吾的说道。过来坐，郭德云说道。啊？郭皮修以为自己听错了，有些诧异的看着郭德云。过来坐，郭德云又说了一遍。郭皮修这才反应过来，有些蹑手蹑脚的走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但依旧有些坐立不安。 魏家药酒铺可有你的商贾？郭德云问道。啊，没有啊，我只在酿酒坊和酒楼有部分商贾，毕竟我的钱有限，所以。你与魏公子关系如何？郭德云又问道。那自然是非常好，可以说是亲如兄弟吧。郭皮修略显得意的说道。郭德云点了点头。既然如此，你能不能找魏公子给爹买一些药酒？这魏家的药酒现在想要买到。 实在是有些困难，当然没问题了。以我跟魏兄的关系，你要多少有多少啊！”郭皮修笑容满面的说道，悬着的心也终于是落地了。显然，父亲不是来训斥自己的，而是来求自己办事的。这还是人生头一次啊！郭皮修心里竟然还有点得意。父亲如今终于是知道自己的价值了。听到郭皮修的话，郭德云那严肃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容，点了点头：“很好。” 这几种药酒，你帮父亲多买一些吧，按照市场价就好，咱不能让魏家吃亏。郭德云递给了郭皮修一张纸。好的，爹，包在我身上。郭皮修笑着说道。魏家宅院内，魏琴与苏灵韵正在给一群猫喂食，就听一阵兴奋的呼喊声传来：“魏公子，魏公子，我来啦，我来啦！”伴随着这道声音，却见一道红衣倩影跑进了院子，正是那林轩儿。 魏姑娘，你哥呢？林轩儿兴高采烈的跑了过来，但目光却不禁与那苏灵韵对视了一眼，旋即彼此在对方的胸前看了看，大 A 对小 A，然后不自觉的一起挺了挺胸脯，谁也不服谁的样子。林小姐，我哥在书房呢。魏晴笑着说道。谢谢。林轩儿立刻转身跑向了魏毅的书房，长长的马尾左右摇摆着。魏公子，我来了。 我的宝剑呢？林轩儿跑进了魏毅的书房，眼神里满是期待之色。魏毅今天叫人去通知他过来取宝剑，他便知道魏毅终于锻造出了那种非凡的宝剑，心中可谓是激动不已。就在蓝椅上最上面那柄，正在写字的魏毅指了指一旁的蓝椅，说道：“林轩儿目光大亮，满脸激动的走了过去，一把拿起那蓝椅最上面的宝剑。” 这宝剑泛着淡淡的青色光泽，剑身仿佛三尺寒冰，锐不可当。但拿在手里，恍惚间却感觉其化作了一条青龙，仿佛自己松手的刹那，它便会一飞冲天，叱咤风云，声可震九霄，与雷电齐鸣。周身的光辉比那满天星辰还要耀眼，游弋人间便可让妖魔遁形，让邪祟避逃。那股剑意让林轩儿内心震动，热血翻涌。 仿佛手握此剑，便一身浩然正气环绕，想要斩尽天下妖邪，扫除世间一切不公。感受着这股剑意，林轩儿内心更加激动。这剑意虽然与魏毅那柄倚天剑有所不同，但却同样强大，更是与他的性格极为契合。他骨子里便喜欢行侠仗义，想要扫除天下不公，铲除一切妖邪。他目光炙热，仔细的端详了一下这柄剑，无论外观和剑意。 都是那样的非凡，剑身上也刻着两个字“成影”。这剑太非凡了，魏公子，此剑名为“成影”吗？林轩目光炙热的看着手里的剑问道：“没错，此剑名为‘成影’。”魏毅点了点头。这剑的名字他取自前世所知道的名剑“成影”，但剑意却用到了欧阳修的一首诗，他截取了那首诗作中的一部分，以入木三分为这柄剑赋予了剑意。 宝剑匣中藏，暗室夜长明。欲知天将雨，争耳见有声。神龙本一物，气类感则明。常恐月霞去，有时暂开扃。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兵。此剑有人间，百妖夜收行。奸凶与佞媚，胆破古一惊。是以向星月，飞光射穿枪。这首诗本是欧阳修借着咏剑来比喻自己。 虽有杰出的才华，有神龙的勇猛，有满腔的热血，想要为国效力，却无用武之地。整首诗凝聚了他想要铲除奸佞、斩杀敌人强烈的愿望和浓烈的意志，所以这柄剑便也有了神龙一飞冲天的意志，也有了斩妖除魔的浩然正气。这剑一对妖魔鬼怪有着强大的震慑和克制的作用。魏公子，这件我太喜欢了，这件多少钱？我买了。 林轩儿神情激动的问道：“此剑无价。”魏毅正色道：“啊，什么意思？这剑你不打算卖给我吗？”林轩儿有些焦急的问道。他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魏毅又炼制出这种拥有非凡剑意的宝剑，他自然不想失去。而且这柄剑真的很不凡，让他很是喜欢。你应该也知道，这柄剑的非凡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既然无价，自然莫办法卖给你。嗯，那倒是没错。但是你若不卖此剑给我，为何叫我过来？既然此剑无价，自然只能用无价来交换。比如说，林轩儿好奇的看着魏毅。比如说你，魏毅一脸认真的说道。听到魏毅的话，林轩儿的脸竟然瞬间红了。向来不知道什么是害羞的他，竟然第一次面红耳赤，心跳加快。你什么意思？ 不会让我以身相许来换你的宝剑吧？虽然心里有些害羞，但林轩儿的目光却依旧凌厉，大有一种本姑娘连死都不怕，还怕以身相许吗？想什么呢？你这胸无二两肉的，我才不要你龌龊！林轩儿脸一红，不禁嗔道，但却不由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平平无奇的胸脯，竟然有了一丝自卑之感。是你把我想的龌龊了，好不好？ 这件我可以送给你，但你需要答应为我做十件事。”魏毅笑着说道。他现在不缺钱，而且这柄剑也真的没办法用钱来衡量。比起钱，魏毅更需要林轩这样的武道高手为自己做事。他如此年纪就已经是五品高手，未来无可限量。用一柄剑换取他未来帮自己做十件事，远比钱财更有价值。什么事啊？林轩好奇的看着魏毅。 我还没想好，等我有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你不怕我出尔反尔？既然为你锻造了这柄剑，自然是信得过你。嘻嘻，好，成交。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林轩笑盈盈的看着魏毅说道：“他真的很想谢谢魏毅，毕竟这柄剑的确是无价之宝。如果魏宜不那么说，自己还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来作为交换。第章”第一百零九章变天。 林轩儿带着他心爱的大宝剑，心满意足的离开了魏家，但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静安王府，想要将这个开心的事情分享给赵景思。他来到静安王府时，赵景思正在书房里写字，整个书案上已经整整齐齐摆放了厚厚的一摞纸张，其上密密麻麻的写着许多字，但基本都是魏毅所做的那些诗篇。郡主，郡主，快看快看，魏公子给我锻造的宝剑，这件名叫成“成影”。 极为非凡，林轩儿一脸兴奋的举起手中的宝剑，展示给赵景思看，让我看看。赵景思从林轩儿手里接过宝剑，顿时也感受到了那柄剑蕴含的气势和剑意，但心中却丝毫不觉得惊讶，因为他如今已经知道魏毅的非凡。早在昨天，他也在清风书院里，同样也接受了魏毅的传承，成为了一名儒道修行者。如今的魏毅对于他来说，除了是心中所爱慕之人。 也是自己的授业恩师，怎么样，很非凡吧？林轩儿一脸得意的说道：“嗯，的确很非凡。这件怕是也只有魏公子能够锻造了。这下如愿以偿，终于开心了吧？”赵景思笑着说道：“他是真的知道林轩儿有多么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之前这丫头盼星星盼月亮的，天天念叨着魏毅什么时候能帮助自己锻造出宝剑，自己的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 如今他得偿所愿，自己的耳根也终于可以清净了。哈哈，我去给天河、秀玲看看去，激励激励他们努力修炼。林轩儿又抱着那宝剑跑出了书房。赵景思笑了笑，旋即继续提笔写字。一道道笔墨之气不断的汇入石海，融入那笔墨之灵中。林轩儿从魏家走后没多久，苏灵韵的贴身侍女绿娥也来到了魏家，说家里好像出了一些事情。 夫人叫他赶紧回去，但具体什么事情，绿娥也不清楚。苏玲韵心情沉重的跟着绿娥乘车回到了家中，感受着那凝重的气氛，让他不禁想起了当初父亲被贬到青州城时的情景。难道父亲又出了什么事吗？苏玲韵心里有些担忧，连忙向母亲询问了原因。这才知道，父亲竟然准备辞官。为什么啊？父亲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要辞官？ 苏林韵有些不解，但心情却是更加沉重。他好不容易适应了青州城的生活，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朋友，难不成又要远走他乡了吗？你父亲不久前接到了朝廷的诏书，好像说让他负责给天人教建道观。你知道，你父亲本就对天人教恨之入骨，哪里会愿意助纣为虐，给他们建道观？所以大为震怒，决定辞去官职。苏林韵的母亲神情凝重的说道。 作为妻子，她自然支持丈夫的决定，但作为母亲，她心里却觉得愧对女儿。毕竟，如果苏哲辞官，那么这个家便会一落千丈，必然会苦了自己的女儿。爹做的没错，这官不当也罢，谁愿意给天人教当狗，谁就去做好了。苏灵韵义愤填膺的说道：“虽然她不希望辞官，但更不希望父亲受辱。她虽只是个少女，但骨子里却与父亲。” 有着同样的气节和脾气，更是深明大义，知道父亲的选择没有错。苏林韵的话倒是让苏母颇为意外，他没想到苏林韵竟然丝毫没有抗拒，反而支持父亲的决定。上次苏哲被贬到这里后，这苏林韵可是闹腾了好久，看来他真的是长大了，懂事了。但是娘，我们可以不离开青州城吗？苏林韵话音一转，如今的他已经不想再离开这里了。 只要能留下来做个庶民之女又何妨？这个就要看你爹接下来的打算了。我爹在书房吗？我去看看他。嗯，但这个时候你最好别去打扰他，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苏玲玉没有听母亲的话，当即跑向了书房，然后敲了敲门：“爹，我进来了。”林韵，有什么事吗？苏哲正站在墙边，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幅字：“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爹，不如您去清风学院当夫子吧，这样以后我就可以经常到书院玩了。”苏玲韵笑嘻嘻地说道。听到苏玲韵的话，苏哲身形一滞，旋即转头看向苏玲韵，神情有些复杂。“爹，以您的才华和学识，当个夫子绰绰有余，而且您与杜夫子本就是知己，一起共事也会更加开心。”听到苏玲韵的话。 苏哲那沉重的面容上浮现一丝淡淡的笑容。其实他心中也正有这种打算。关于苏哲辞官以及天人教要在青州城内建造道观的消息，很快在青州城内传开了。这也让青州城瞬间笼罩上了一层阴霾。这次朝廷下诏书，不仅仅让苏哲负责给天人教修建道观，更是让他去向全城的商贾和百姓征收香火钱，用来给天人教修建道观。 百姓若拿不出钱，便只能服徭役去参与道观的修建。几天后，苏哲的辞官获得了批准，他全家也从县衙搬到了清风书院，而苏哲也正式成为了清风书院的一名夫子。虽然没了官身，但学院给他的酬劳却比他当知县的俸禄还高，这倒是让苏林运和他母亲开心不已。不过苏哲却是开心不起来，他很清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一旦天人教的势力进入青州城，整个青州城怕是都要暗无天日了。虽说清风书院是靖安王建立的，天人教轻易不敢动书院，但如今清风书院背后最大的金主乃是魏家，如今这里大部分开销也全都靠魏家支持。以天人教的行事作风，到时候魏家的产业恐怕也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如果没有了魏家的资金支持，这清风书院的日子…… 怕也不会太好过。苏哲全家搬到书院后，魏毅也特意来到书院看望苏哲。苏哲也将自己的担忧又向魏毅和杜少林倾诉了一番。而且我听李大人说，户部昨天也下发了通知，要在青州城建立商会，并指定了由万银昌担任会长，取消总行头的职位，直接由商会会长统一管理所有行会。目前李大人正在压着这个消息，但估计他也拖不了太久。 这商会一旦成立，这城中的商业怕是又要哀鸿遍野了。没想到这万家竟然与天人教还有关系。”杜少林沉声说道。对于成立商会这件事，他倒是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因为这在其他天人教把持的地区早有先例。商会就是为了方便天人教压榨城中商贾的手段。只是没想到，这给天人教当狗的人竟然是万银昌。既然如此， 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魏毅沉声说道：“这个消息虽然在他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难怪沙尘那时候告诉自己，如果没有十足的的把握，先不要对付万家。原来这万家背后还有天人教这样的靠山。魏毅很清楚，这天人教绝不可能是临时选择的人，而应该是彼此本就关系密切。毕竟这商会会长的职务非常重要。” 他们自然要用能够绝对信得过的人，但事已至此，那刚好新仇旧怨一起清算吧。感谢爱干饭的步步打赏一千八百六十六书币，谢谢大家的月票。第幺幺零章师傅的气息。魏毅从清风书院回到家后，便立刻开始奋笔疾书，干书写技能。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书写技能已经马上要进阶了。按照他的估算，今天以奋笔疾书最多一个时辰。 便可以将书写技能最后一点经验干满，而且早在前天，魏毅率先将健身技能干到了四阶。这次升级，他的肉身再一次发生了巨大的蜕变，获得了铜皮铁骨的强横肉身。虽然身体肌肤看似与从前并无区别，但其坚韧程度却堪比钢铁，寻常刀剑根本伤不了分毫，且拥有非常强的愈合能力。全身骨骼也同样如钢铁铸成的一般，坚硬无比。 力量更是从三鼎之力增加到了一项之力，也就是说，从三千斤的力量直接提升到了一万两千五百斤的力量。据魏毅所知，这差不多是七品武者的极限力量了。当然，除了力量大幅提升外，魏毅的根骨资质和寿元也全都提升了一大截。如今寿元已经达到了幺二零岁，一下子翻了几倍，而根骨资质也从普通提升到了良好。 除此之外，他的五感也都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书案上，魏毅的右手仿佛打印机一样，在那纸上飞速的写下密密麻麻的文字。那手速之快，甚至化作道道残影。若仔细看去，纸张上的每个字都非常的小，但笔画却极为清晰，纤毫毕现。所以，他几乎只需要蘸一次墨汁，便可以写下一篇字。对墨汁的掌控可谓是到了极致。 橘子蹲在一旁的窗台上，认真的看着魏毅的右手，那目光极力的追随着魏毅的手速，脑袋也跟着剧烈的晃动着，就仿佛开了震动似的。其实，魏毅虽然奋笔疾书，一个呼吸间便可写上千字，但其实，在魏毅自己眼里，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而且他能清楚看到自己写下的每一笔每一画，这就得益于笔墨之气对他反应速度的提升。公子。 说书先生求见，门外忽然传来了婢女小何的声音。魏毅停下笔，走到一旁的书架上，拿下了其中一本装订好的书籍，那是他抄写的小说集《聊斋志异》。进来吧，魏毅说道。房门被打开，一个中年文士走了进来，站在门口躬身作揖：“公子，老夫前来领取《聊斋志异》的第二卷。”“嗯，这呢。” 魏毅将手里的书籍递给了那说书先生，对方也将《聊斋志异》第一卷归还给了魏毅。前段时间，魏毅便开始在酒楼、酒肆里新增了说书的服务。平时在非餐口的时间段里，便会让说书先生在酒楼和酒肆里说书，讲一讲《聊斋志异》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让酒楼和酒肆里的客人几乎全天都是座无虚席的状态，也增加了客人的粘性。 给酒楼和酒肆进一步提升了销量，毕竟很多人就为了听故事，每天都会来酒楼吃饭喝酒，根本停不下来。而且魏毅也发现，这些故事同样也可以帮自己获得那金色光芒。说书先生带着第二卷的《聊斋志异》离开后，魏毅便继续开始干书写技能。大约一个时辰后，魏毅终于是将书写技能的熟练度干满了，但他没有急着升级。 而是继续干书写技能，准备等夜里睡觉时再升级也不迟。晚饭后，魏毅正准备回书房再画一些画作，却听下人过来通报说，洪秀昭的柳如姑娘新排练了一支舞蹈，想要请她去欣赏一下。魏毅脸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是略一思索：这柳如姑娘突然请自己去看舞蹈，或许是天下盟有什么事要联系自己，所以点了点头说道：“好，去转告对方。” 我稍后会过去的。魏毅换上了一身锦缎华服，整理了一下仪容，带上了一幅画卷，乘车去了红秀昭。来到红秀昭后，魏毅再次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很多客人都过来跟他打招呼。除了那些崇拜他的文人墨客，也多了许多武人。柳如也亲自下楼迎接，并说自己特意为魏毅编排了一段舞蹈，这让其他客人可谓是羡慕不已，真想取而代之。 去雅间欣赏柳如姑娘的新舞蹈，而魏毅也当着众人的面将自己带来的画卷送给了柳如，作为礼物表示感谢。魏毅跟随柳如向着雅间走去，然而那刚刚闻讯跑出来的绿衣少女饶有兴致的打量着魏毅，仔细感受着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让他很想亲近也很舒服的气息。如果不是师姐不允许，他真想偷偷溜进魏家去看看。 他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但就在他沉醉于魏毅身上散发的气息时，忽然面色一变，黛眉倏然蹙起，眼中浮现惊讶之色。他身上怎么会有师傅的气息？绿衣少女心中惊讶，当即又仔细感知了一番，确认自己的确没有出现错觉，的的确确是他师傅的气息，只不过非常微弱。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身上怎么会有我师傅的气息？绿衣少女满脸惊讶。 心中百思不得其解，看到魏毅走进柳如的雅间，绿衣少女迅速回到了自己的雅间之中，将刚刚自己发现的事情告诉了紫裙女子：“你确定没有感知错吗？”紫裙女子同样也很惊讶：“当然没有，我可以非常确定。”绿衣少女斩钉截铁地说道：“师姐，你说师傅会不会跟着魏毅那什么了啊？”绿衣少女忽然又说道，不禁脑补出了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 毕竟他师傅也是个大美人，而这魏毅同样俊逸非凡，身上还散发着让自己都很想亲近的气息。最主要，他乃是至刚至阳之体。师傅早些年中了寒毒，一直没好。这至刚至阳之体或许会对那寒毒有所压制效果，所以师傅就跟这位毅。只是，如果师傅已经来到青州城了，为何没有过来找他们？别瞎猜，师傅才不会呢。 你肯定是看错了。上次你还说他身上散发着让你想要亲近的气息，这次又变成了师傅的气息，一定是你最近疏于修炼，技艺不精了。”紫裙女子嗔道，“才不是呢！你若不信，今晚我就去探查一番，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绿衣少女目光坚定的说道。第一百一十一章，下次一定。柳如将魏毅请到雅间后，先一起欣赏了魏毅送的画作。 这是一幅漂亮的神鸟图，画中神鸟身披七彩羽毛，散发着耀眼的光辉，神采奕奕，高贵而美丽。那神态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仿佛就要从那画中飞出来一般，极为非凡。看到这画作，柳如自然非常喜欢，更何况这可是魏毅的笔墨，心中很是喜爱，也再次表示了感谢，并将神鸟图挂在了房间之中。随后，两人一起饮酒。 一起谈笑风生，吟诗作对，聊了好一阵，柳如这才去换了一身裙子，准备给魏毅表演他新编排的舞蹈。良久，屏风后的乐工们开始奏乐，伴随着那好听的乐曲，柳如宛若敦煌壁画里走出的美人，从屏风后翩然而来。她上身仅一件抹胸包裹，香肩玉、玉臂、纤腰全都露在外面，那臂弯上绕着红色的轻纱披帛。 随她的舞姿飘飞舞动，下身一条高开叉的长裙随着舞蹈大开大合间，美腿时隐时现，撩动心弦。她的舞姿优美而妖娆，全身上下仿佛每一寸肌肤都在跳舞。那三千青丝在飘舞，那圆鼓鼓的抹胸在跳舞，那裙摆束带也在飞舞，甚至仿佛魏毅的心脏都在跟着一起跳舞。魏毅目光灼灼，看得可谓是兴致勃勃，当真是春光无限。 目不暇接，感觉这可比前世短视频里的那些小姐姐跳舞好看多了。不仅仅是人美，舞姿也是无可比拟。而且很多画面估计都过不了审。最主要贵在真实，触手可及啊！尤其是那柳如跳到一半的时候，就来到了他的身边。那曼妙柔软娇躯围绕着魏毅翩翩起舞，阵阵香风扑面，宛若那春风拂过百花丛，甚是好闻。 轻纱披薄，带着些许体温，在魏毅身上拂过，也不断的撩动着他的心间。魏毅被这柳如的舞姿撩得有点燥热。按道这柳如姑娘今晚约自己过来，难道不是跟自己沟通交流情报的，而是单纯让自己过来欣赏她这收费节目的？不然就这支舞跳完了，单单嘴上交流已经难以满足身心需求了，怕是只能以己之道还施彼身，互通有无才行了。 一曲舞蹈跳完，柳如玉足轻盈，踏着香风而来。那如温香软玉般的身体，轻轻贴在魏毅身旁坐下，娇媚一笑，问道：“魏公子，这支舞蹈您可喜欢？”魏毅点了点头，莞尔一笑，说道：“厄云偏惊鸿，回雪舞妖轻。只要君留免，君倾国自清。”听到魏毅的诗，柳如的芳心自然是狠狠地跳动了几下，看向魏毅的目光更加沉醉。 更加倾慕，而屏风后也传来些许骚动，隐约有窃窃私语。多谢公子赠诗，妾身受宠若惊。柳如连忙起身，躬身施礼。不必多礼。魏毅伸手将柳如扶起。我要与魏公子谈心，你们先下去吧。柳如对屏风后的乐工们说道：“是。”乐工们纷纷退出了雅间，关好房门。柳如则是再次举杯。 妾身敬公子一杯，公子赠诗，妾身无以回报。稍后便再为公子跳一支舞吧。好，魏毅微微一笑，自然不会拒绝。如此美人，如此妖娆动人的舞蹈，自然是多多益善。喝完了这杯酒，柳如看了看门口，然后一边说着话，一边从门口经过，然后在雅间内转了一圈，这才再次来到魏毅身旁，却好似换了一个人似的，神情严肃，目光凝重。 低声说道：“公子应该已经知道妾身的身份了吧？”魏毅点了点头，表情也严肃了起来。显然自己猜的没错，柳如叫自己过来的确有事。公子，万家是天人教的爪牙，沙尘已经安排人准备明晚对万家出手，先将天人教的这条狗除掉。说完，柳如忽然又朗声说道：“公子，可否帮我将刚刚的诗写下来？”“好啊。”魏毅也装模作样的朗声应道。 拿笔墨来，柳如拿来笔墨纸砚，然后又继续说道：“沙尘说，天人教的人可能也会去找你，让你臣服于他们。毕竟你如今名望颇高，他们要想来青州城，必定会找上你。但你不必理会他们，也不用担心他们对付你。我们天下盟的人会暗中保护你的。”魏毅点了点头，旋即在纸上将刚刚那首诗写了下来。告诉沙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也尽管说。 魏毅低声说道：“多谢公子赐笔墨。”柳如看着魏毅，点了点头，朗声说道。旋即突然凑到魏毅耳边，玉手搭在魏毅的肩膀上，娇媚动人的说道：“公子既然已经知道妾身的身份，不如今夜便留下来吧。”魏毅看了看柳如那娇媚诱人的脸颊，渴望的目光，暗道这妹纸果然是假公济私，缠我身子。不过身为血气方刚、坚忍不拔的男人。 面对如此秀色可餐的美人，自然也想深入感受一下，而且搞不好还能解锁新的日常技能呢。所以顺势搂住柳如那柔弱无骨的腰肢，入手微凉，而后便是温润柔软、细腻光滑的手感。不得不说，就这腰，怕是很费肾啊。今晚不行，下次一定。魏毅笑着说道。毕竟今晚他还急着给书写技能升级，所以只能日后再说了。 许久后，魏毅在柳如的陪同下走出了雅间。关于魏毅刚刚赠诗的事情，也在红袖招内传开。众人本以为魏毅今晚定然会再次留宿，莫想到他竟然要走，不禁感叹：人与人就是不一样啊！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人家却毫不在意啊！看那柳如的眼神，简直是被魏毅吊足了胃口啊！今晚怕是要孤枕难眠喽。只可惜，就算如此，也是轮不到自己啊！ 从洪秀昭离开后，魏毅乘坐马车打道回府。然而黑夜中，一道绿色倩影悄然跟随。但莫走多远，两个黑衣人却是拦住了绿衣少女的去路。“姑娘，夜深了，这城中不安全，还是快点回去吧。”其中一人说道。绿衣少女看了看眼前两个黑衣人，他们修为都不低，虽说他二人联手也奈何不了自己，但既然被发现了行踪。 显然已经打草惊蛇了，再想暗中接近肯定是不太可能了。既然如此，还是找个机会直接登门拜访，询问清楚吧。毕竟魏毅也不是什么坏人，出来散散步而已。多谢二位提醒了。绿衣少女拱了拱手，旋即转身再次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感谢数字书友一百五十一打赏一百七点币，谢谢大家的月票。第幺幺二章：纸上谈兵。 看着绿衣少女离去，两个黑衣人低声交谈了起来，看上去应该是修真者，会不会是天人教的人？有可能。没想到天人教在红袖招里也安排了眼线，他会不会发现什么端倪了？应该不会，还是叫人盯着点吧，也提醒一下柳如，让他注意点。嗯。说着，两人的身影便再次消失在了夜色之中，但他们却没有注意。 不远处角落里隐藏着一只橘猫，眼底闪烁着金芒，旋即身形一晃，却是消失在了原地。而马车中的魏毅闭着眼睛，看似睡着了，却将刚刚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果然，天下盟在暗中保护自己，但那绿衣少女又是何人？为何要跟踪自己？难道真的是天人教的人？果然，洪秀昭并不安全，幸好自己管住了小弟，没有在那里留宿。 魏毅回到家时还没到子时，所以他洗了个热水澡，又干了一个时辰的书写技能，才上床睡觉。临睡前，他心念一动，书写技能开始升级，从五阶晋升到了六阶。熟悉的感觉席卷全身，魏毅感觉自己的意识再次自动进入到了识海之中。一望无际的笔墨之林在金色烈阳的普照下生机盎然，郁郁葱葱。然而恍惚间。 魏毅仿佛看到了那无数笔墨之灵，仿佛化作了千军万马，化作了人山人海。但很快，他的意识便在磅礴的信息灌输下陷入了玄之又玄的状态中。当天空泛起鱼肚白，魏毅也睁开了眼睛，道道金芒迸射而出，那眼眸似乎更加明亮、更加深邃，也更加沉着。魏毅感觉自己仿佛一夜未睡，一直处于那玄之又玄的状态中，感觉灵魂发生了。 某种未知的蜕变，无数信息也早已被他消化融合，成为了记忆的一部分。如今醒来，精神却极为饱满，甚至可以说前所未有的饱满。思绪清明，五感敏锐，仿佛周遭的一切都多了许多色彩，许多原本看不到的细微之处，如今似乎也逃不过自己的眼睛。然而，让魏毅最开心的还是这次升级后获得的神通——纸上谈兵。 这神通可以通过在纸上写下那些歌颂英雄的传世诗作，而召唤出其英灵出来。短时间内为自己作战。所谓的英灵，便是指那些受崇敬的人去世后的灵魂。他们因其丰功伟绩，在死后成为传说，甚至是成为无数人崇拜和信仰的对象，继而化身英灵，拥有非凡的力量。比如魏以前是历史中的那些名流千古的英雄，如荆轲、项羽、关羽等等。 只要自己以笔墨之气配合那金色的光芒，在纸上写下歌颂他们的传世诗作，便可以短时间内将其英灵召唤到这个世界来。虽然自己用跃然纸上这个绘画神通也可以画出英雄人物，并使其化形而出，但那只是笔墨之气幻化而出的形似之物，并无其本身的神意与能力。而纸上谈兵召唤出的却是真正的英灵，是他们的灵魂凝聚了无尽岁月里万众的崇敬和信仰。 融合了诗词意境而化作的英灵，比如魏毅记忆最为深刻的便是那首《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悬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自己完全可以用这首诗来召唤荆轲的英灵，帮自己完成一些刺杀的任务。虽然荆轲生前刺秦王不成，但这并不代表他实力不足，其中诸多原因或许。 只有他本人最清楚，但有人说，当初与他一起执行任务的同伴，临场吓尿了，所以金可只能临时改变策略，一个人行事，所以没有成功。也有人说，他并非是想刺死秦王，而是希望可以生擒来胁迫他，不然秦王恐怕也会难保性命。总之，不管怎么说，当年金可能被推举出来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自然是神勇无比，剑术无双。 更是精通刺杀之道，所以召唤金可的英灵去执行一些刺杀任务，自然很合适。而且召唤出来的英灵同样可以与自己心灵相通，甚至可以藏于诗词之中，等到特殊的时机再化身而出，真正做到图穷匕见，一击必杀。当然，魏毅所知道的诗词不只有这一首，比如关于秦始皇、项羽、关羽、赵云。 花木兰的诗作等等，今天晚上或许就可以用这个神通，暗中帮助一下天下盟的人了。魏一心说：“住，按照柳如给的情报，天下盟今晚会对万银昌动手。虽然魏毅知道天下盟应该会有十拿九稳，但自己同样可以暗中相助，再多一份保障，并顺便将那万子和一起前掉。”想到这里，魏毅迫不及待，当即穿好衣服，来到书房里开始研磨。 旋即手握毛笔蘸墨写字，同时运转笔墨之气和那金色光芒汇聚于笔尖之上。随着那首《金可歌》写完，魏一之感觉纸上的字迹泛起了道道金光，那些文字仿佛从纸上飞起，盘旋在魏逸身前的虚空中，化作无数金色光辉，慢慢浮现出一个人影轮廓。与此同时，周围空间似乎微微扭曲，无数诵读之音在魏逸耳畔回荡。 那声音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着不同的口音，有着不同的发音，仿佛来自万古，凝聚了无尽岁月、无数人的声音汇聚而成。那声音让魏宜内心震撼，肃然起敬。然而金光之中，一道身影慢慢显现而出，散发着令人敬畏的气息，宛若神明将士一般，给人带来强烈的威压。但是当金光消散之际，一个平平无奇的男子。 出现在了魏毅面前，让魏毅不禁感到有些失望。这人相貌并不出众，甚至说很普通。单单从外貌上来说，没有一丝自己幻想里英姿与气概。魏毅虽然听过许多关于金可的故事，看过不少他的影视作品，但却并不知道真正的金可到底长什么样。而如今算是真正亲眼看到了，果然并不是所有英雄都长得英俊神武、俊逸非凡。 不过，这金轲虽然相貌普通，但身上却凝聚着强大的气息和意志，让他依旧可以给人一种无形的威压和凌厉之感。或许这就是无数岁月里后人崇拜和信仰的力量加深，也是这首诗词赋予了他的特殊神意。第一百一十三章，又觉得自己行了。魏毅每次召唤的英灵，最多能够在这方世界存在十二个时辰，而且英灵并不能开口说话。 但却可以与魏夷彼此心灵沟通，所以这惊可的英灵出现后，很快便知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了魏毅召唤他过来的目的。他看着魏毅点了点头，口中吐出一道白虹，化作了一柄利剑，一股杀意骤起，整个人的气息也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从一个老实本分的普通人，瞬间变成了一个令人胆寒的杀手。 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孤单英雄，而也自然瞬间知晓了这金可的能力。化身英灵的他，已经不是普通剑客，而是拥有了非凡的力量以及诸多神乎其技的能力。而且魏毅召唤来的并非是英灵的完全体，其能力上限完全取决于魏毅笔墨之灵的境界。可以说，如果笔墨之灵境界越高，这英灵的战斗力就会越强。魏毅心念一动。 那金可的英灵瞬间化作一道幽光，融入到了金可歌的诗词之中，消失不见。随后，魏毅又在那纸张上以入木三分妙法写下了一句话：“金可离开后自然。”做完这一切，魏毅将纸张叠好收起，准备今晚做个实验。吃过早餐后，魏毅继续在练功房里干健身技能，但却暗中派橘子潜入了万家，监视万家的动向，并跟踪万银昌。 然而，此时的万银昌正一脸得意的坐在家中的厅堂里，看着下方那些阿谀奉承、满脸谄媚的各家掌柜以及他们送来的礼物，独自喝着茶。他今早就已经顺利拿到了户部下发的文书，成为了青州城商会的会长。这也意味着他万家忍气吞声的日子过去了，他万银昌又要重新登上青州城的商业王座，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以后，整个青州城的商业。 都是他万家的，再无人可以撼动他万家的地位，也再没有敢与万家为敌。那些曾与自己作对、背叛自己的家伙，这次他会一个个的收拾。尤其是那孟家和魏家。而且不久前，万子和已经带着府上的人，拿着户部下发的文书，去通知城中所有商户行会的人，到他万家的亭林茶楼开会，准备正式宣布青州城商会成立以及他的会长身份。 如今那苏哲也辞官了，天人教那边很快就会安排自己党派的官员过来任职，天人教的势力也会正式进入到青州城。有这个后盾靠山，以后这青州城真正会成为他万家的天下，无人可以争锋。我们就说吧，这青州城迟早都是万老爷，是万会长的天下。什么叫迟早啊？一直都是啊。万会长不过是韬光养晦了一阶段，让那些跳梁小丑。 蹦跶几天而已，哈哈，没错，那些毛头小子怎么能跟我们万会长相提并论？什么叫运筹帷幄？什么叫深谋远虑？是啊，以后我等誓死追随万会长，绝无二心。没错，没错，以后我们都以万会长马首是瞻。那些曾经便与万家沆瀣一气的富商们，一脸谄媚的表着忠心。行了，行了，你们几个也赶紧去帮忙通知各家到亭林茶楼开会吧。 万银昌摆了摆手，他虽然知道这些人也是老滑头，见风使舵，但自己想彻底统治青州城的商业，也需要帮手。这些曾经追随过自己的人，总比其他人可靠一些。是是，我等现在就去。那我等先告辞了。一众掌柜纷纷起身作揖，然后走出了厅堂。香满楼总店内，绿衣少女在酒楼里转了一圈，兀自欣赏着墙上的画作和诗词。 来青州城的这段时间，他听说了太多关于魏毅、关于香满楼和兰陵美酒的事情。如今，他还是第一次亲自来他一探究竟。他对诗词、字画懂得不是很多，但也依旧觉得魏毅的书法和诗词很厉害的样子。而且，这香满楼的生意是真的火爆。尽管此时并非饭口时间，这店里依旧座无虚席。不过，听众人的谈话似乎都在期盼着说书先生的到来。 而且听他们的讨论，似乎讲述的是人与狐妖之间的爱情，这让绿衣少女不禁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想听一听这说书先生到底讲的是怎样的一段故事。不久后，说书先生来到了酒楼，众人顿时兴奋不已。而随着说书先生拍响手中的金堂木，酒楼内顿时安静了下来。说书先生接着昨天的故事继续讲，声情并茂，绘声绘色。 甚至使用各种口技，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一颗心跟着故事的走向起起伏伏，完全沉浸在了他所讲述的故事之中，或惊或喜，或悲或痛。而绿衣少女也是聚精会神的听着说书先生讲的故事，一双美眸中同样泛着复杂的光彩，心中更是惊讶不已。她没想到，这酒楼里讲的真的是人与狐妖之间的爱情故事，而且不像其他故事里一味的丑化妖精。 认为他们都是吃人的妖怪，是害人精，是丑陋的、可怕的，是无情的，是凶残的。总之，似乎将一切不好的事物全都加到了妖的身上。而这故事里，狐妖却是重情重义、忠贞不渝形象，是知恩图报、善良温柔的美好形象。这倒是与自己的师傅以及不少同伴差不多。而且在他看来，妖的内心有的时候往往比人类更纯粹。 更简单，这世间最复杂、最凶险难测的，反倒是人心。的确，现实中存在很多大妖杀人、吃人、为祸一方；但人类为了掠夺资源，一场大战死伤数万，甚至几十万，生灵涂炭，血流成河，更是经常对敌人的城市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如果真的比起来，那些为祸一方的大妖，简直是九牛一毛了。所以。 无论是人还是妖，皆有善恶，并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听着此刻的故事，让绿衣少女很是欣喜。果然，人类之中还是有理解他们、懂得他们的人。而且看周围那些人听得津津有味，说明他们心中对于妖精也并非都是抵触和恐惧的，也同样有着许多美好的向往和期待，更是愿意相信妖精之中也有善类。 随着说书先生口中的故事情节徐徐展开，跌宕起伏、缠绵悱恻的爱情，也深深打动了绿衣少女，让他的情绪完全沉浸其中，一双眸子竟然不自觉地湿润了起来。第幺幺四章自掘坟墓。一段故事讲完，说书先生到旁边准备喝茶休息片刻，店里的客人还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意犹未尽，议论纷纷。 绿衣少女来到了说书先生身旁，作揖问道：“先生，能冒昧的问一下，你讲的故事是何人所写吗？”说书先生笑了笑，回答道：“自然是我们青州城第一才子，也是我们香满楼的掌柜魏公子啊。”真的是魏夜！绿衣少女心中惊喜，目放异彩。她刚刚心中隐约也有所猜测，此时得到肯定的答案，不禁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 这位毅定然是将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改编成了故事，看来自己那天猜的没错，他真的有可能与自己师傅有过情缘，不，或者说是彼此在续前缘。这或许就是他身上会有师傅气息的原因。原来师傅一直念念不忘的人，竟然是这位公子。但师傅那段感情已经是千年前的事情了。这位公子难道也活了上千年了吗？不对，若他一直活着，师傅不会。 那么痛苦，看来应该是转世之身。绿衣少女脑洞大开的猜想着，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这位公子如此非凡，定然不是普通人。但唯一让她想不明白的是，师傅既然已经来过青州城，为何没有去见他们？又为何让他们一直待在这里，还不告诉他们原因？算了，总之师傅一定有他的道理。绿衣少女这样想着，但心里却对魏毅。 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一会听完故事就去拜访一下他吧。绿衣少女打定主意。说书先生休息片刻，又开始继续讲述接下来的故事。然而，就在故事发展到最为扣人心弦之际，一阵吵闹的声音打断了说书先生的话音。旋即，只见门口走进来几道身影，为首的正是纳万子和。站住！本店不欢迎你们！孟水莲厉声喝道。 与此同时，店里的伙计们也纷纷冲了过来，挡在万子和等人身前，怒目瞪着万子和等人：“干什么？还他妈想动手啊？”万子和叫嚣道，旋即举起手中的文书，嚷嚷起来：“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这是户部下发的文书。以后我爹就是这青州城商会的会长，青州城所有行会、所有商业都归我父亲掌管。现在我奉户部的命令，通知你们酒楼掌柜，现在立刻。” 马上到亭林茶楼去待命。听到万子和的话，一众伙计面色一沉，互相对视了一眼，目光最后看向了孟水莲。而孟水莲自然从魏毅那里提前知道了这件事，早有心理准备，所以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惊讶，也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如今的他有魏毅这个坚实的依靠，心中再无任何恐惧，反倒是觉得万子和那小人得志的样子很傻帽。 文书拿来给我看看。孟水莲从万子和手里扯过文书，看了看。孟水莲的淡定让万子和心里很不爽，于是冷笑一声，又说道：“孟水莲，你莫想到吧，山不转水转，你又要落到我万家手里了。这次我不会再让你有任何翻身的机会。你这香满楼也开到头了。还有你，本公子定然要你。”啪！万子和的话还没说完。 一道法力凝聚的巴掌直接呼在了他的脸上，将他直接从门口扇飞了出去，身体在空中完成了高难度的一千八百度自转后，脸朝下砸在了门外的街道上，引起了路人的一阵惊呼。那一张脸瞬间肿成了猪头，鼻口喷血，牙都掉了好几颗，直接当场昏了过去。谁？万子河带来的随从纷纷拔出长剑，色厉内荏的喝道。 目光扫视酒楼里的众人，竟然不知道是谁出的手。但就在这时，绿衣少女却是站起身来，脸上不知道何时蒙上了绿纱，遮住了面孔。“本姑娘最烦聒噪之人。”绿衣少女冷冷的说道，旋即如脚下生莲，走向了门口那几个持剑男子。见绿衣女子走来，几个随从满脸紧张，脚下不禁后退了一些。然而那绿衣少女嗤笑一声，玉手一挥。 金光一闪之间，几个男子顿时头晕目眩，旋即只听砰砰几声，他们几人便被绿衣少女接连踢飞了出去，最后一个落一个，砸在了那万子和身上，再次吓得外面围观的众人退后了几步。多谢姑娘出手相助，孟水莲抱拳感谢道：“不必客气，我只是单纯的看他们不爽而已。”绿衣少女说道，旋即又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周围的客人顿时投来了赞叹的目光。这姑娘好身手啊！这是法术啊！这姑娘是修真者！原来是修真者，好厉害啊！打得好！这万家人真是自不量力啊！好了，苍蝇赶走了，先生请继续吧。绿衣少女看向那说书先生说道。说书先生愣了片刻，这才回过神来，连忙笑着说道：“好，我们继续。” 孟水莲微微一笑，旋即拿着那文书走到了门外，将那文书扔在了万子和等人的身旁。亭林茶楼内，万银昌已经到场，坐在首座上喝着茶。茶楼里聚集了很多人，城中大部分商贾基本都过来了。一些人在低声议论着什么，但更多的人沉着脸，心情非常糟糕。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万家果然东山再起了。 如今户部又搞出个商会制度来，这明摆着就是让万家彻底掌控青州城的商业，未来他们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了，搞不好还会被万家直接吃的渣子都不剩。不过他们之中还有一部分人抱有一丝期待和幻想的，那就是看魏毅能否在这次的较量中再次获胜，再次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创造奇迹。老爷不好了，老爷不好了！ 万子河的一名随从惊慌失措的跑进了茶楼，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什么事情，慌张成了这样？万银昌怒喝道，一脸愠色。自己如今正要宣布成为商会会长之际，他就在这嚷嚷不好了，这不是在诅咒自己吗？老爷，少爷在香满楼让人给打了。这话一出口，万银昌面色瞬间又冷了几分，在场的众人也是一阵窃窃私语。与此同时。 几个随从抬着万子和跑进了茶楼，万银昌连忙上前查看，真是差点没认出来自己的儿子。一旁众人也都看了看，不仅神色各异。那些对魏毅抱有期待的商户们强忍着笑意，心中对魏毅的期望却是又强烈了几分。这位家果然够胆，竟然直接将万子和打成了猪头。魏毅好大的胆子，竟然敢重伤我儿子！来人，立刻叫人去给我把香满楼砸了！ 万银昌怒吼道：“老爷，息怒！打人的是酒楼的一位客人，非常厉害，我们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啊！”一名随从说道：“是啊，老爷，那女子乃是修真者，修为极为了得，我们根本奈何不了她。”另一名随从应和道：“修真者！”万银昌的气焰也瞬间熄灭了，心下一沉，如果是修真者出手，那自己还真是不能轻举妄动了。 不然很可能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这修真者可不是轻易能得罪的，看来只能从长计议，请天人教的人出手相助了。先先将子和送去就医，然后叫人去盯着香满楼。那、啊、修真者离开后，通知我。另外，赶紧去报官。万银昌沉着脸说道，气势荡然无存，甚至感觉颜面尽失。本来今日想在这些人面前好好的耍耍威风，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青州城的老大？结果莫想到，还莫等立威，万家的脸皮就先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第一百一十五章，他们都在排队。身在家中干经验的魏毅，自然也知晓了酒楼里发生的事情。他也没想到，店里又来了一位高人，竟然莫用他动手，就先帮他收拾了万子河。果然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只有多积善缘，才会得到多助。 不过，听下人对于那绿衣少女的描述，魏毅不禁想起了昨晚跟踪自己的女子。于是，他亲自来到了香满楼，确认了刚刚出手之人，不禁惊讶的发现，还真是昨晚的那个绿衣女子。难道她不是天人教的人？魏毅心中惊讶。如果她是天人教的，那刚刚绝对不可能对万子和出手。可是，她为何会跟踪自己？今日又来到了香满楼？魏毅心中思索着。 但就在这时，那块被他贴身佩戴的玄鸟玉佩似乎动了动。魏毅用手捂住玄鸟玉佩，心中有些惊讶，不禁再次看向了那绿衣少女。这人来历看来不简单啊！魏毅忽然想到了一瓶道长，猜测这少女或许与一瓶道长有关。魏毅本想去感谢一下那绿衣女子，但见她正聚精会神的听着故事，便没有过去打扰，而是等到一段故事结束。 说书先生拍下金堂木后，这才走上前去，躬身作揖，笑着说道：“在下魏毅，香满楼掌柜，多谢姑娘方才出手相助。”魏公子有礼了。刚刚孟掌柜已经感谢过我了，还送了我一些可口的菜肴，而且我也是看那些人不爽罢了。”绿衣少女落落大方的说道，不过心中那种想要亲近魏毅的冲动却越发强烈，仿佛有另一个灵魂在渴望依偎在魏毅怀里。 享受他的抚摸，他的宠爱，那感觉非常奇怪。不仅如此，如今这般近距离感觉下，他更加清楚的感觉到魏毅身上有自己师傅的气息。姑娘，我们昨夜似乎见过吧？魏毅又说道，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嗯，昨夜多有冒犯，还望公子见谅。我并非想冒犯公子，只是对公子感到好奇，便跟了出来。其实今天过来也是希望向公子当面赔罪的。 绿衣少女正色道：“无妨，姑娘不必在意。只是如今城中不安全，所以魏某不得不多加防备。我明白，公子的却要多加小心，防止恶人作怪。对了，还不知姑娘芳名，叫我小离就好。小离姑娘，魏某记下了。魏公子，听闻说书先生所讲的故事，乃是您所写，这莫不是您的亲身经历吧？不然怎会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小黎问道：“让姑娘见笑了，却非在下经历，只是听闻的故事，经过一些改编，供人品读罢了。”魏毅笑着说道：“哦，原来如此。”小李点了点头，略有些失望。不过他转念一想，觉得或许自己这么问有些唐突，就算是人家亲身经历，也未必会告诉自己。但不管怎么说，这魏毅绝对不寻常，他肯定有着很不寻常的阅历。 不知小黎可有幸到公子府上一坐？小黎又说道：“他想去魏毅家中，向魏毅询问一下自己师傅的事情。”荣幸之至，魏毅微微一笑，旋即将小黎请到了家中的厅堂，并让婢女沏了一壶好茶。来到魏家后，小黎看着满院子的猫，也很是惊讶。询问后才知道，这都是魏毅收养的流浪猫，心中对魏毅的看法不禁又发生了改变，也更加确定。 魏毅写的那些故事，绝对是他亲身经历。他绝对与妖族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恋，心中对于这些有灵智的生物才会有如此爱心。不然怎会收养这么多流浪猫？毕竟在这个世界里，就是在心善的人也不会去管一群流浪的野猫，更别照顾他们，管他们吃住。这已经不是用心善能形容了，必定是因为他的某些经历、某些特殊的情节。不过他仔细感知下。 这宅院中的确没有自己师傅的气息，所有气息全都来自于魏毅的身上。所以与魏毅闲聊了几句后，小黎也问起了魏毅是否认识自己的师傅玉萍。玉萍，魏毅有些诧异，想想这少女也是修真者，不禁又说道：“你说的不会是一瓶道长吧？”小黎眨了眨眼睛，暗道：“师傅莫非故意隐瞒了自己真实的名字，亦或是师傅以前还有别的名字？” 一瓶，玉瓶，或许真的是自己师傅，嗯，应该是吧。我师傅的称号比较多，他之前来过这里是吗？没错，哼，果然是一瓶道长的弟子。我说姑娘怎会如此非凡？魏毅笑道，看来自己猜的没错，这绿衣少女乃是那一瓶道长的弟子。听到魏毅的话，小黎也确定自己的猜测，看来自己师傅的确是来献过魏毅，搞不好两人还缠绵一夜。 才让魏毅身上拥有了自己师傅的气息，不过师傅或许并不想让自己知道这件事，所以才没有告我们自己他来过这里。得到了心中的答案，小黎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而是岔开了话题。毕竟师傅既然不想让自己知道他与魏毅的事情，那还是少打听一些为妙，免得惹师傅不开心。县衙内，如今代为管理县衙的乃是曾经的主簿徐来，所以。 当万家的人来报官后，徐来自然是应付了事，毕竟他本来就是站在魏义这边的。如今听到是修真者出手，自然更不会去自讨没趣。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我们这边会处理的。徐来将万家人打发走，旋即便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万银昌在自家茶楼里宣读了户部下发的文书，也正式宣布商会成立，由他来担任会长，并现场。 选出了新的行会行头，当然，这些行头基本都是他的人，或者曾经追随过他的人。最后，他也宣布了以后各家要为天人教道冠军香火钱的政令，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但众人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心中再怎么憋屈也是无计可施。毕竟这是朝廷下达的命令，他们不敢违背，更何况天人教他们更加得罪不起，只能忍下这口气了。所以。 当众人从亭林茶楼离开时，面色都非常的沉重。除了那些被万家提拔成为行头的人，众人离开后，万银昌立刻去看望了万子和的伤势。他虽然已经醒了，但整个人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万银昌心中的火气真的是不打一处来，尤其听说了那个绿衣少女已经从香满楼离开，便立刻下令召集府上的所有武者，准备去找香满楼算账。结果。 除了他随身带着的那两名武者外，府上供养的其他武者竟然都没在，他们都死哪去了？万银昌瞪着管家咆哮道：“老爷，他们，他们都在魏家药酒铺排队呢。”管家挠了挠头，一脸惶恐的说道：“第一百一十六章斩杀万银昌。”管家的话如同一盆冷水，将那因为当上商会会长而有些膨胀的万银昌瞬间浇醒了。 他这才想起来，如今的魏毅可是今非昔比了，自己现在还真的动不了他。此时天人教党派安排的知县还莫到任，天人教的势力也还没有正式进入青州城，而如今魏毅的威望和人气在这城中怕是无人能及，说是一呼百应也不为过。自己这个时候去找他的麻烦，那就是以卵击石。别说李大人一家，还有那靖安王府的郡主。 定然不会袖手旁观，单单是城中的武者就够自己喝一壶的。如今魏家的药酒几乎征服了城中所有武者，成为他们修炼的必需品。别说他们，就是自己也很需要魏家的药酒。如果自己现在去对付魏毅，绝对会引起一众武者的不满。所以今天这口气还真的只能暂时咽下了。只有等天人教的势力真正进入青州城，甚至是彻底掌控青州城时， 自己才有足够的资本去收拾魏毅，到时候定然要将他的酿酒方子、药酒方子全都夺过来。爹爹，为孩儿报仇啊！万子和含糊不清的哭喊着，因为门牙也被打断了，说话直漏风。让少爷好好养病，我还有事要忙。万银昌话锋一转，旋即转身走出了房间。爹爹，爹万子和鬼哭狼嚎的呼唤着。 但万银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万子和想不明白，为何自己父亲当上了商会会长，却突然又怂了。傍晚时分，万银昌收到了赵汉卿的邀请。赵汉卿听闻万银昌成为商会会长，所以特意在府上设宴请万银昌过去。哼，果然，这赵汉卿就是个唯利是图、见风使舵之人。如今看到我成为商会会长，又转头向我投桃报李了，这是想重新拉拢我了。 万银昌心中得意地说道：“不过，正所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他并不介意与赵汉卿彼此重归于好，再度联手。既然赵汉卿已经拿出姿态，自己也不能不买账。所以，太阳落山后，万银昌便乘坐马车，在自己贴身侍卫的保护下去了世子府。赵汉卿备了丰盛的晚宴，还专门请了乐莹的舞姬和乐公过来表演。晚宴上。” 赵汉清向万银昌表示祝贺，也表明了希望以后可以与万家重新联手。不仅如此，他说自己已经找魏毅谈过，可以让魏毅交出兰陵美酒的酿酒方子。他也会劝说魏毅以后臣服于万家，甚至让万家入股他们的产业。这可把万银昌开心坏了，毕竟他也知道魏毅不好对付，如果能够兵不血刃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他不介意给魏毅留一条活路。在赵汉清一番言说下， 万银昌的心情大好，加上舞姬美女的助兴，两人一直喝到很晚。那万银昌才从赵汉卿的府邸离开。看着万银昌离去的背影，赵汉卿脸上的笑容慢慢变得冰冷，然后暗自说了一句：“万掌柜，一路走好。”万银昌的马车刚刚离开世子府没多久，几道黑衣人影便从夜色中浮现，悄然跟随。然而螳螂捕蝉，橘猫在后，一直跟踪万银昌的橘子。 穿梭于狭小的缝隙中，藏身于各种隐蔽之地。不久后，万家马车在经过一段稍显偏僻的道路时，三道人影突然从夜色中冲出，直奔马车而去。几乎同时，跟随在马车旁的两名侍卫面色一变，惊呼一声：“有刺客！”当即拔出长剑迎击，而车夫更是使劲抽打马匹，加速向前冲去。马车上听到侍卫的呼喊声，万银昌面色大变。 立刻摸出了一张符箓，这是他二弟送他的保命符箓之一，以鲜血便可以激活。他几乎毫不犹豫，直接咬破手指，激活了符箓。那符箓燃烧起来，瞬间化作了一道光幕，笼罩全身。而他身旁的贴身护卫也一把握住剑柄，掀开窗帘看向外面。道路上，一道绳索从地面被拉起，那奔跑的马匹前蹄绊在了绳子上，直接失足摔倒。 整个马车也跟着翻了出去，但几乎同时，万银昌也在那贴身护卫的保护下破开车厢，直接飞了出来。嗖嗖嗖嗖，十几道箭矢从夜幕中射来，万银昌的贴身护卫挥舞长剑，全力格挡，但依旧有箭矢射在了万银昌的身上，却被那光幕阻挡了下来。万银昌虽然喝了不少酒，但他毕竟也是入品武者，加上此时生命攸关，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他冲出马车的瞬间，手里已然又握住了一张符箓，并以鲜血直接激活。刹那间，那符箓化作白色光芒，瞬间凝聚出了一只大鸟，抓着他冲向了夜空。看到这一幕，追来的黑衣人暗道不好。那隐藏在暗处的弓箭手也再次搭弓射箭，但那大鸟飞得极快，而且万银昌周身的光幕也没有被击溃。数道箭矢被光幕再次挡下后，万银昌的身影。 已然消失在了远处，而万银昌的那三个护卫和车夫，也在一众黑衣人的合力围剿下，相继被杀。该死，这万银昌身上竟然还有符虏怎么办？去万家吗？已经打草惊蛇了，我们追过去也未必能找得到他。唉，这次失败，再想杀他就更难了。几名黑衣人沉声说道。就在这时，一名弓箭手从暗处走出，开口说道：“诸位。” 我们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剩下的只能靠你们自己了。辛苦各位了。其中一名黑衣人抱拳说道：“我提醒你们一句，万家府邸很不简单，你们最好不要硬闯，不如回去从长计议吧，他日再寻找合适的机会动手。”听到那弓箭手的话，黑衣人点了点头，心情很是沉重。他们自然知道那弓箭手说的没错，今晚他们的任务怕是只能宣告失败了。 那弓箭手拱了拱手，旋即与其他弓箭手迅速的消失在了夜幕之中。而那些黑衣人互相商议一番后，也迅速的散去。夜空中，那被大鸟带着飞行的万银昌心中暗松了一口气。果然，自己成为了商会会长后，触碰到了太多人的利益，惹来了杀身之祸呀、啊。不过他想了想，敢对自己动手的，而且有这个实力的，在这城中并不多。会不会是赵汉卿？ 但也有可能是位移，亦或是两人联手了。万银昌心说着，却是觉得最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不过他们把我万银昌想的太简单了，区区几个武者就想截杀我，真是痴心妄想！哼 <laughs>！万银昌冷笑了一声，而目光所及之处，自家的府邸就在前方了。只要回到府邸，有大仙庇护，自己就更加安全了。那些人若敢来闯他万家的府邸， 便叫他们有来无回。正这般思索着，一道金光凝聚的剑影从下方冲天而起，而后化作一道剑芒，撕裂夜空，斩向了万银昌。刹那间，天地间仿佛有风雷之音，那夜空也仿佛被剑芒照亮。一股肃杀的剑意袭来，万银昌瞳孔骤缩，全身汗毛竖起，满脸惊恐。然而电光火石间，那剑芒却势如破竹，一剑将那大鸟。 连带着万银昌身前的光幕一分为二，同样一分为二的还有万银昌的身体。第一百一十七章斩草除根。万银昌的身体化作两段，从夜空中坠落到了街上，将街道上那本就为数不多的行人吓得惊叫连连，怆惶逃窜。万银昌趴在地上，看着自己另一截身体，内心无比恐惧，但他已然没时间去思考太多，亦或是。 回顾自己这一生，因为他的意识已经在逐渐消失。恍惚间，他感觉有一道身影向着自己走来。他努力的想要看清来者，但视线却越来越黑，越来越窄，最后彻底一片漆黑，意识也随之消散。然而万银昌并不知道，走向他的身影乃是一只黑猫。那黑猫看了看万银昌，确定他死透了，这才迅速的跑开，瞬间在夜色中隐身。此时。 身在府中的赵汉清听到关于刺杀失败的消息后，脸色沉了下去，许久都没有开口说话。他也没想到，在自己的帮助下，天下盟的人竟然还是失手了，更没想到这万银昌身上竟然有那么多保命符箓。看来真是低估了天人教对万银昌的重视。下去吧，赵汉清摆了摆手，旋即一个人站在原地，面色阴晴不定。虽然他并不担心。 万银昌会怀疑自己，但这次刺杀失败，再想除掉他就有些难了。而且一旦错过今天这个好机会，等天人教的势力正式进入青州城后，强龙与地头蛇联手，不但会让万银昌更加难以对付，也会让天人教借助万家的势力，迅速在青州城内站稳脚跟。那时候的青州城，怕是真的要落入天人教和万家的手里了。就在赵汉卿一筹莫展之际。 一名青山男子迅速的跑了过来，躬身作揖道：“公子，万银昌死了。”“什么？”赵汉清惊讶的转身，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万银昌死了，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出手，将万银昌斩成了两段，尸体就在大街上，已经气绝身亡。”青山男子一字一句的说道。“确定是万银昌吗？”赵汉清满脸惊喜。“确定是他没错。”“哈哈哈，好。” 太好了！看来天下盟果然有后手。赵汉清大喜过望，只要万银昌死了，那今晚他们的所有努力就没有白费。而且万银昌一死，天人教想要掌控青州城的商业也不会那么容易。最主要，这会给全城各大势力乃至普通百姓一个信号：有人敢跟天人教叫,叫板，且有能力对抗他们的势力，这也会给所有人带来一丝希望。在这样日渐黑暗的世道里。 希望就如同一抹曙光，会激励更多人敢于反抗，而不是逆来顺受，让天人教兵不血刃的掌控青州城。魏毅斩杀了万银昌后，悄然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马车上。其实他在得知万银昌去了世子府之后，就猜到天下盟可能会在万银昌回家的路上设伏，所以也让橘子暗中观察了一下，果然发现了天下盟的人。不过魏毅也担心他们会失败，所以。 自己则是等在了万家附近，做两手准备。他散布出众猫作为自己的眼线，让万银昌无所遁形，辅助自己成功劫杀万银昌。当然，就算自己也拦截失败，那金可便是最后一步棋。所以，当万银昌借着符箓化作的大鸟逃遁时，却没有逃出魏毅的眼线，并精准地掌握了他的踪迹，在其府邸附近，以那手安德以天剑。 跨海斩长鲸的妙笔生辉神通，成功斩杀了万银昌。不过，此时的万家府邸内，一只黑猫叼着一叠纸，悄然前行。它轻松的绕开了守夜的侍卫，来到了万子和居住的房间。此时，万子和因为脸上的疼痛而无法入眠，正在拿婢女们撒气。一会要婢女给他冰敷，一会又让他们拿来药酒，一会又要喝水，一会又要撒尿的，把婢女们折腾的进进出出。 手忙脚乱，所以那房门也没有关紧，黑猫便顺着门缝溜了进去，旋即在角落里将那一叠纸放下。与此同时，纸张上幽光闪烁，一道人影自其内幻化而出，瞬间将两个婢女打晕过去。来人，药酒，再拿点药酒，疼死我了，疼死我了！万子和又嚷嚷起来，但这次却没有人应答。他有些不满，又叫了几声。 旋即艰难的从床上爬起，结果就像一道人影宛若鬼魅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万子和惊恐的瞪大了双眼，正想要呼喊，一道白虹划过他的脖子，他眼前的世界旋转了起来，但旋转的不是世界，而是他那滚落的脑袋。与此同时，地面上的那一张纸也开始燃烧，最后点燃了屏风，向着周围蔓延。而夜色中。 金可的身影宛若鬼魅，悄无声息的来到了万银昌二儿子的房间门口。他与魏毅心灵相通，所以也知晓万家府邸内的所有情况，包括万银昌所有儿子居住的房间，他都了如指掌。毕竟橘猫之前就已经将万家府邸内的情况摸索的一清二楚了。万银昌虽然妻妾成群，但却只有五个儿子。万子和是长子，老二、老三也都已经成年，但老四、老五还只是孩童。 但魏毅并不打算给万银昌留下任何后人，既然选择的出手，那便要斩尽杀绝。所以金可得到的命令便是将万银昌的五个儿子全部杀死。但就在金可刚刚杀死万银昌的三子时，一只红色的狐狸突然冲进了房间，直接扑向了金可。金可以手中长剑格挡，将那狐狸逼退。那红色狐狸身体飘在半空之中，口吐人言说道。 敢问阁下是何方神圣？我受万家供奉，守护这方宅院，还望阁下给个面子。你我大道朝天，各走一边。红色狐狸并不想与金可死斗，毕竟他能感受到金可身上的气息很不寻常，更是让他有些忌惮。如果真的打起来，怕是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但金可人狠话不多，当即挥剑再次斩向那红色狐狸。红色狐狸瞬间化身。 为了一名红袍女子，与金可缠斗在了一起，他们的打斗声也引来了府上的武者，但这些武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男一女哪个是敌，哪个是友，又为何在这府上厮杀，一时间也没敢轻易上前，只是远远围观。但就在这时，府邸内也响起了走水的呼喊声，却是万子河的房间住起了大火，府上众人惊呼连连。 顾不上其他，赶忙去救火。红袍女子与金可一番激烈的厮杀后，却是渐渐落了下风。金可身上凝聚着浩然正气，对他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制，让他无法施展出全力。而且对方实力非凡，若再打下去，自己怕是要伤了道恒。他很清楚，这万家显然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强者，自己莫必要为他们卖命。所以，当即再次化作红色狐狸，掉头就跑。 瞬间消失在夜色之中，金可没有去追，毕竟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第章一百一十八章是魏毅做的。妙音坊后院一间隐蔽的房间内，一名锦衣老者与几名身着夜行衣的男子坐在一起，正谈论着万银昌被杀的事情。那老者便是沙尘口中的龚先生，而几名黑衣人则是不久前刺杀万银昌的武者。他们不久前也得知了万银昌被杀的消息。 心里可谓是惊喜不已，原本以为这次任务失败了，正暗自懊悔，思考该如何从长计议，没想到竟然峰回路转，出现了奇迹。只是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在暗中帮助了我们。啊。龚先生笑着说道：“当时万银昌有符箓化作的护盾在身，更是乘着那法力凝聚大鸟飞行，能够将其斩杀的人，定然也是修真者。”旁边一名黑衣人说道：“嗯。” 看来是了，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今夜我们就算没有行动，或许这万银昌也是必死无疑了。龚先生感叹着。龚先生，门外忽然传来一道声音：“进。”龚先生应道。又一名黑衣人走了进来，抱拳道：“龚先生，刚刚得到消息，万家府邸失火了，火势蔓延的很快，府上不少人已经逃了出来，巡防营也已经过去帮忙阻隔火势了。”闻言。 房间里的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眼中皆是露出了惊喜之色。看来真是高人相助啊！万家这次彻底完了。龚先生开心的说道。万家府邸内的火光照亮了夜空，也惊动了全城。城中巡防营前去救火，虽然阻隔了火势的蔓延，但万家府邸的大部分建筑也被彻底烧毁。然而，比起这个消息更让人震惊的，乃是万银昌和他的五个儿子被杀的消息。 可谓是一旦激起千层浪，瞬间轰动了全城。万家在青州城可谓是威名赫赫，其家族横行霸道了这么多年，却始终屹立不倒。万银昌作恶多端，恨之入骨的人甚多，可这么多年他却依旧活得好好的。所以在很多人心中，万家就仿佛是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山。如今突然听到万银昌和他的所有后人全都被杀的消息，自然觉得很震惊。 虽然万银昌的妻妾幸存了下来，但万银昌和他的所有子嗣都被杀，那与灭门也没什么区别了。剩几个女眷已然成不了什么气候，万家这座大山算是彻底被夷为平地了。很多人也都在猜测，到底是谁有这般大的能量，能够除掉万家？当然，震惊之余，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就仿佛当初听到那郑知县被杀一样。 令人开心，然而最开心的还是城中的诸多商贾，他们昨天还因为万银昌重新得势掌权，成为商会会长而感到郁闷，对未来感到担忧和绝望。但莫想到，一夜之间，这万银昌就被除掉了。他们之前也有想过，那曾经撼动过万家威严的魏毅会不会再度出手力挽狂澜？没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也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虽然乌云正在蔓延向青州城，但这里有人能够劈开云海，所以在很多商贾心中都觉得这是魏毅所为。就算不是魏毅本人，也是他请动的高人。毕竟昨天万子和被打成猪头的事情，几乎所有商贾都知道，当时也听说了是修真者所为。虽说那修真者乃是酒楼客人，但谁又知道人家私下里与魏毅是何种交情？而且。 绿衣少女当时出手打万子河时，酒楼里也有很多人亲眼目睹了，所以城里很快便开始流传是魏毅请动了那绿衣少女杀了万银昌全家。但在众人心中，魏毅与那绿衣少女却不是恶人，反倒是英雄。关于城中流传的消息，魏毅自然也听说了，但他并不在意。就算万银昌不是自己杀的，肯定也会有很多人怀疑到自己头上，更何况的确是自己所为。 只是他没想到，竟然把那小李也牵扯了进来。然而此时，身在红袖招里的小离和他的师姐，同样也听到了城中流传的消息。我就说你不要到处乱跑，招惹因果，你偏不听。紫衣女子一脸严肃的看着小离说道：“有什么怕的？无凭无据，更何况官府的那些人也奈何不了我们。”小离不在意的说道，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妥的。 我担心的不是官府，而是天人教。你我如果被天人教发现，必死无疑，搞不好还会连累师傅。”紫衣女子沉声道。听到这里，小离沉默了。他也知道师姐说的没错，天人教是所有道门中对一切妖类零容忍的教派。他们认为这世间除了人族，其他种族皆是下等，非我族类皆是敌人。稍后我们就离开青州城。虽然师傅让。 我们在这里等他，但如今发生了这种事，我们还是回去向师父请罪吧。”紫裙女子说道。她很清楚，一旦天人教发现他们的身份，恐怕再想走就来不及了。好吧，正好我也想念师父了。”小离点了点头，他也明白师姐说的不无道理。所以，二人清理掉房间里的所有痕迹和气息后，悄悄离开了洪秀昭，出了青州城。不知为何，离开青州城的刹那。 小丽心头忽然有种空落落的感觉，仿佛把什么东西落在了那里。孟家宅院，厅堂之中，孟水莲的父亲孟德元听说万银昌被杀的消息后，也是大喜过望，开心不已。如今孟家终于算是大仇得报了。虽然他不确定这件事是否如传说那样乃是魏义所为，但不管怎么说，万家被除掉，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他拄着拐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那和蔼的面容上满是激动的神色。当然，让他开心的还有自己这身体也越来越好了。卧病在床多年，他本以为自己这把老骨头就快要入土了，没想到魏毅的药膳和药酒把他从阎王爷的手里救了回来。如今病情不但康复了，这身体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感觉再养个把月就能彻底恢复如初了。如今万家被除掉了。 我这最后一块心病也没了，善恶到头中有报，万家总算是遭到报应了。孟德元开心的说道：“是啊，苍天有眼，万家自食恶果，我孟家行善积德，如今也得了福报。不仅酒楼生意越做越大，也让莲儿遇到了魏公子这样德才兼备的好郎。”孟水莲的母亲也很开心：“是啊，我们莲儿好福气，以后有魏照顾他，我也就放心了。”孟德元笑着说道。 前几天我与魏夫人聊天时提起了两个孩子的事情，魏夫人也很喜欢我们莲儿，而且她与魏公子聊过，魏公子也曾说过想要娶莲儿，只是想等你的病彻底康复了再来提亲。而魏夫人的意思是，等到春节魏铁山归家后，就给两个孩子办理婚事。如此甚好，两个孩子成婚了，我这心就彻底踏实了，莲儿也算是终于有了个好的归宿。孟德元在椅子上坐下。 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第幺幺九章，战争开始了。魏家宅院，县衙的主簿徐来带着两名衙役来到了魏家，象征性的向魏毅询问了一下情况，比如他昨晚是否在家，在做什么等等。毕竟魏毅有一定嫌疑，城中谣言传开了，他们就要进行调查，不然也没办法向上面交代。一般寻常这种案子，都是县衙一句话。 直接将人传唤到县衙进行询问，但徐来很清楚，魏毅的身份很特殊，更是在城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他的一举一动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牵动很多人的心。如果自己敢把魏毅传唤到县衙，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轰动，到时候谣言四起，搞得好像真的是魏毅杀了万银昌，再有人误以为自己抓了魏毅，回头知府李大人、巡防营的小李大人、王府的郡主和公子。 还有林将军的女儿，肯定都会跑来询问情况，到时候自己还得挨个去解释，实在太麻烦，所以干脆自己主动过来走个过场，询问一下情况，做一下记录。反正不管是不是魏毅做的，他都会认定与魏毅无关。而且他主要询问的其实是关于那绿衣少女的事情。关于那位姑娘，我了解的也不多，她不过是在我酒楼吃了顿饭，还帮我赶走了前来找麻烦的万子和。我出于感谢。 请他到家中喝了杯茶，我只知道对方乃是修真者，是一位世外高人，但来自哪里便不知道了。魏毅说道：“好，多谢魏公子的配合。”徐来忽然看向一旁的衙役，说道：“你们先回去吧。”“是，大人。”衙役作揖，然后先行离开了魏家。衙役离开后，徐来一脸严肃的说道：“魏公子，如今就剩你我二人了，有些话我也就敞开了说了。” 新知县明天应该就到任了，他是天人教派系的人，这万银昌显然也是天人教的爪牙，所以万银昌的死，天人教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新知县到任后肯定会重点调查这个案子。我今天过来完全就是走个过场，回头在他那里有个交代，不然我也没办法交差。希望你能够理解，但我调查的结果，他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到时候。 必然会重新调查，甚至会传唤你过去。如今城中的传言对你很不利，我担心他会为了给天人教交差，宁杀错不放过。所以你要有所心理准备，尽快在李大人、郡主那边提前打好招呼。到时候新知县真的要对你不利，好让他们出手相助。不过你放心，我在县衙里肯定会帮你里应外合，全力帮助你的，绝对不会让新知县为所欲为。当然。 我估计等新知县熟悉了青州城，这地坐稳知县位置后，我肯定也会被边缘化的。说到这里，徐来苦笑一声，一脸的无奈。他很清楚这是必然的结果。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县衙也同样如此。如果对方是苏哲大人那种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好官，自己还能够被重用；但这天人教派过来的官员，就未必有这份仁德和心胸了。多谢徐大人提醒。 魏某明白，魏某自会做万全准备。魏毅作揖，感激道：“他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他很清楚，徐来是真心在提醒他，怕他不知道内幕，到时候被新知县调查措手不及。其实这种情况，魏毅自然也早有猜测。而且，就算没有万银昌被杀这件事，自己肯定也会遭到天人教的打压和针对。毕竟以自己如今在城中的威望和名气。” 肯定会成为天人教重点关照对象。对于自己这样的人，他们要的只有两个结果：要么绝对臣服，然后借助自己的威望，帮助他们快速掌控青州城，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如同万银昌的作用；第二种就是彻底铲除掉。而魏义定然是不可能选择臣服天人教的，那么等待自己的就只有最后一种结果。任何一个想要掌权的独裁者都不愿意看到。 有其他比自己更有影响力和威望的敌人存在，所以从魏一知道天人教的势力要进驻青州城、建立道观的那一刻起，这场战争便已经拉开序幕了。诛杀万银昌便是这场战争打响的第一个战役。虽然从宏观上这并非是他一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的一方是天人教，而另一方则是天下盟，但就个人而言，这也是。 他与天人教的一场较量，是他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命运，也为了想要的生活进行的一场抗争。如今一切才刚刚开始，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未来他要面对的反抗还有很多。除非有一天彻底铲除天人教的势力，甚至是推翻这个昏庸无道的朝廷。当然，魏毅也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青州城是他的家，这里有他想要珍惜。 想要保护的一切，如今有人要破坏他想要的生活，那他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他觉得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这世上总有些事情会赋予我们战胜恐惧的勇气，哪怕面对的是天人教这种庞然大物。魏义很清楚，天人教想要以最快的速度顺利的掌控青州城，一方面就是掌控地方官员，一方面就是掌控地头蛇，当然。 还有一种便是直接野蛮的武力镇压百姓，显然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下策。武力镇压带来的反噬会更大，那么地方官员和地头蛇就成了他们掌控一个地区最方便的途径，也是他们的左膀右臂。只要砍断了这两个手臂，他们便无法轻易的掌控青州城。所以在魏毅心里，如今那新来的知县也同样是必须除掉的目标。如果情报属实，他真的是天人教的爪牙。 到时候必然会如徐来所说的那般，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那这人同样也留不得。不过魏毅觉得自己能想到这一点，天下盟应该也能想到，肯定也会在暗中对着新知县动手。所以魏毅准备今晚去妙音坊，跟洪强和龚先生沟通一下，看看他们那边是否有应对措施和行动。大不了最后便是自己出手，将这新知县结果了。第幺二零章。 新技能。夜幕降临后，西湖畔的青楼勾栏再次热闹了起来。魏毅乘坐马车来到妙音坊，却得知红墙正在接待赵汉卿。楼上隐约也能够听到红墙的歌声。于是魏毅便去了红秀招，准备去找柳如姑娘互通有无。他很清楚，赵汉卿应该也是天下盟的人。昨晚他将万银昌请到府上，就是为了配合天下盟在沿途劫杀万银昌。 这赵汉卿虽然表面看上去是个与世无争的逍遥公子，经常跟一群富商豪绅子弟厮混在一起，但其实非常有野心。他这些年暗中掌控青州城商业，便是最好的证明。魏毅来到红袖招后，立刻便被柳如请到了雅间。果然，这柳如一直在等他的到来。妾身就猜到公子今晚一定会来，所以亲身早早便将这裙子换好了，就等着公子过来欣赏我的舞蹈。 柳如娇笑着说道：“她身上又穿了上次为魏巍献舞的那身裙子，上身一件露脐抹胸，臂弯绕着披帛，下身高叉长裙，光着脚丫，一身装束颇有异域风情，宛若敦煌壁画中的美人。毕竟上次这身打扮让魏巍很是满意，所以她似乎也摸索到了魏巍的喜好和品味，今晚便又早早做了这身装扮，等待魏巍的到来。” 柳姑娘果然知我心意，看来在下今晚有幸可以再欣赏到姑娘的新舞蹈了。”魏毅笑着说道。“当然。”柳如巧笑嫣然的在魏毅身旁跪下，帮魏毅倒了一杯酒。“妾身今晚定然会让公子大饱眼福的。”柳如陪魏毅喝了几杯酒，然后便让屏风后的乐工们奏响乐曲。那妖娆曼妙的娇躯踏着音律翩然起舞，如花间的彩蝶，如轻灵的鸟儿，却又如那翱翔天际的彩凤。 她的身体仿佛会说话，仿佛是一双巧手编织出令人目眩神迷、美不胜收的画卷。那修长的美腿高高抬起，一字劈开，就如同那高贵的天鹅昂起头颅。玉足在空中慢慢的划过，长裙之下风光无限，撩人心弦。前世阅片无数的位移，看着柳如这柔软的身姿，便总会不自觉的脑补出了各种高难度的互通有无姿势。果然，一个人的经历的多了。 就不能心思单纯的去欣赏舞蹈了，唉，一曲跳完，柳如的身子似乎更柔软了，不过魏毅却悄悄相反。随后，柳如平退了乐工们，然后继续为魏毅倒酒，嘴上一边说着调情的话，一边小声跟魏毅说起了万银昌被杀的事情。幸好有高人暗中出手相助，不然还真的让万银昌给跑了。说话间，柳如的美眸也微不可察的留意了魏毅的神情变化。 而魏毅那淡然的反应，也让他确定真的是魏毅暗中出手帮忙了。只不过他没有继续追问，毕竟魏毅没有故意装作惊讶，更没有主动说这件事，便是希望彼此心照不宣，点到为止。得到这个答案，柳如心中自然是欣喜不已，更是对魏毅充满了崇拜。难怪沙尘会直接将他举荐位置事，他的确配得上这个地位。而且这几次接触，柳如也总感觉。 魏毅绝对不是毫无修为的普通人，如果是普通人，这寒冬季节怎会穿得如此单薄？甚至每次自己靠在他身旁，都会感到温暖，就如同清晨的阳光洒在身上，让人感觉极为舒服。所以柳如心中对魏毅可谓是充满了好奇，真想一探究竟，见识见识他的长处。如今我们天下抵抗天人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盟中的顶尖将者。 基本都集中在京城和上阳城那边，就连沙尘目前也派往了上阳城，所以导致青州城这边战力空虚，并没有顶尖强者坐镇。目前能够调用的力量，也基本都是城中盟友提供的战力，不然刺杀万银昌的任务也不会出现那么大的纰漏。就算他身上真有符箓，若是有四品武者在，也同样能够将他斩杀。魏毅也听明白了柳如的言下之意。 简单来说，就是天下盟已经向天人教发起了全面进攻，主力目前都已经派往前线打仗。青州城这里目前只是一处小战场，甚至可能还算不上是战场，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敌人，他们只能依靠城中的成员共同组建民兵力量来抵抗即将入侵这里的一小波敌人。所以上次出手杀万银昌的，并没有特别强的高手，不然万银昌也不会顺利脱身。 而如今，他们也急需有更多更强的战力出现，共同抵抗天人教。而那位斩杀了万银昌的高手，就是他们极其渴望得到的战力。魏毅点了点头，然后问道：“关于青州城新知县，你们那边有什么消息吗？”听到魏毅的话，柳如目光亮了几分，显然魏毅明白了自己的话，决定伸出援手了。明晚，红墙姐姐会在西湖画舫里招待宾客。 到场的都是天下盟的成员，他们应该也会通知你去。到时候便会商议如何对付新知县，以及马上就会过来的天人教修士。柳如低声说道：“好。”魏毅点了点头。看来明天就能知道这青州城里到底有哪些大佬是天下盟的成员了。公子，妾身再敬你一杯。柳如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水浸润那红唇，显得更加水嫩诱人。 公子上次说下次一定，那今晚是不是就不走了？柳如那原本严肃的神情忽然再次变得妩媚妖娆，眼神里更是充满了渴望。毕竟交流完了公事，也该交流交流彼此的私事了。今晚他可不想再独守空房了。那要看你有吗？有让我留下的理由。魏毅搂住柳如那柔软的腰肢，笑着说道：“当然，我专门为公子准备了一支舞蹈。” 一只可以在床榻上跳的舞蹈，柳如依偎在魏毅怀里，声音娇媚的说道：“哦，这倒是很有趣。”魏毅饶有兴致的说道：“公子等我。”柳如开心的起身，光着脚丫跑进了卧房。卧房是这雅间侧面连通的房间，也是柳如平日里居住的闺房。而魏毅所在的这雅间，其实就是卧房连通的一间厅堂。不久后，卧房里传来了柳如那娇媚的声音。 公子，进来吧。魏毅又喝了一杯酒，然后起身走进了柳如的卧房。房间内弥漫着花香，与柳如身上的香味如出一辙。柳如半躺在床榻上，一身轻薄纱裙，玲珑曼妙的身段若隐若现，更显诱人。第一百二十一章不可描述。第二天上午，魏毅乘坐马车离开了红秀昭，看着系统界面里新出现的技能。 心情略有些复杂，房中技能二阶，距离升级还差百分之六十九点熟练度。昨晚辛苦一夜，他直接将这新解锁的技能干到了二阶。在晋升到一阶之时，他获得了一个名为“龙爪手”的武学。然而在晋升二阶后，又获得了一个名为“采阴补阳”的神通，而且这神通是被动技能，自动开启，没法控制。结果早上一不小心就把柳如给掏空了。 自己走的时候，他都没能起来送自己，所以此时魏毅看着这新解锁的技能，心情才会有些复杂。这以后自己要是跟孟水莲成婚了，还轻易不能跟她洞房了。柳如虽然是舞姬，但也有开迈进四重修为，而孟水莲不过是普通人，肯定受不住这个神通啊。希望这技能再次进阶后，我能获得掌控这神通的方法，亦或是能够得到某种双修之法，那就最再好不过了。 魏一心说着，不过他也庆幸自己提前解锁了这新技能，也会给自己提升这个技能的时间。不然，这要是跟孟水莲成婚后突然获得了这神通，还真不好办了。一个解释不好，他或许又会自卑，觉得是不是他哪里没有服侍好，让自己不开心了。嗨嗨，看来婚前的那啥行为，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用处的。狗头，回到家中，魏毅亲自烹饪了一些药膳。 然后派下人送到了洪秀昭，准备给柳如补补身体。听说魏毅专门派人给自己送来了药膳，而且据说还是他亲手烹饪的，这可把柳如感动坏了，一颗心彻底沉醉了。当然，让他沉醉的主要还是魏毅的。如果不是自己身体抱恙，他今晚肯定还会请魏毅过来共度良宵。酱餐盒打开，扑鼻的香味便让柳如满口生津，食欲大振。他立刻将菜肴取出，然后拿起筷子。 细细品尝了起来，那味道让他感觉飘飘欲仙，简直让舌头和味蕾爽到了极致。魏毅的厨艺他虽然早有耳闻，而且香满楼的菜肴他也品尝过，但还真的是头一次吃到魏毅亲手烹饪的菜肴。果然，这才是真正的大师级厨艺，真正的美味佳肴啊！品尝着魏毅烧的菜，柳如不禁感叹：以后自己馋的不只有魏毅的身子了，还有他烧的菜。这样优秀的男人。 为他掏空身体又如何？不过，当他吃完了这些菜肴，感觉体力似乎恢复了不少，身体也暖洋洋的，很舒服。不愧是药膳，还真是有奇效啊！第一百二十一章先礼后兵。临近午时，十多名天人教的修士来到了青州城，与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那新到任的知县王安。准确的说，他们其实也是为了护送着王安，所以提前来到了青州城。 加上万银昌被杀的事情，让他们的长老非常生气，下令要彻查此事，铲除青州城的天下盟势力，同时尽快接手和掌控万家的产业，以免落入他人之手。当然，他们最终目的是彻底掌控青州城，并在这里建立道观，加快推行他们的计划。这十几名天人教的修士为首之人，名叫姜思仁，乃是天人教大长老的首席弟子。 更是一名筑基后期的修士，实力非常强大。要知道，一般来说，筑基前期的修士与六品武者实力相当，筑基中期与五品武者实力相当，而筑基后期的修士实力便媲美四品武者，甚至配合各种法宝，实力还远在四品之上。将王安护送到县衙后，姜思人留下了几名师弟负责保护王安，而他则是带着其余人去了万家府邸。 如今这府邸内可谓是一片凄惨与萧条，许多房子已经沦为废墟，仅剩不多的房屋上也挂满了白绸和黑布。院子里还搭着灵堂，万银昌的两个妻妾和几个家丁正在守灵，其余的小妾和下人早已经逃离了万家。毕竟他们当初就是被强娶过来的，如今自然趁乱带着财物逃走了。任胜，接下来你就负责接手万家的产业，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万家后人，以后你就代替你哥打理好万家的产业吧。至于你哥的仇，我们自然会替他报的。”姜思仁对身旁一位年轻男子说道。这年轻男子的容貌与万银昌有几分相似，但看上去比他年轻许多。事实上，他也已经三十多岁了，只不过因为修行，所以容貌比常人要年轻许多，看上去就仿佛二十多岁的样子。此人便是万银昌的弟弟万银胜。 其实这世界上除了万银昌和他的正妻孙氏外，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万银昌还有个弟弟，更不知道他这个弟弟乃是天人教的修士。万银胜当年出生不久后，万家就遭了劫难，算命先生就说他与万家相冲，可能会给万家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他父亲就将他寄养到了亲戚家。结果万银胜十岁那年，他寄养的那家亲戚全部横死，那年万家。 也再次祸事不断。后来算命先生说，只能将万银盛送去道观出家，彻底与万家脱离关系，才可能帮助万家避开祸事。所以十岁那年，万银盛就被送到了天人教出家修行，并改名为仁圣。在那以后，万家还真的好了起来。为了弥补对这个儿子的亏欠，万家莫少给天人教送香火钱，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照顾和培养万银圣。就这样，久而久之。 万家与天人教产生了紧密的关系。嗯，师兄放心，我定然会重振万家，助我教掌控青州城。万银圣沉声说道，眼神中泛着寒芒。虽然他对万家并没有太多的感情，更没有因为万银昌的死而感到悲痛或者伤心，但他骨子里始终认为自己是万家人，万家的基业本来就应该有他的一份。如今回来，他就是要接手万家的一切，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 万银盛在灵堂前祭拜了一下万银昌后，便将万银昌的妻妾叫到了房间里，详细的了解了一下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听到他们说道，当时有人看到那杀手与一名红衣女子厮杀，万银盛和一旁的姜思人都有些诧异。万银盛仔细询问下，万银昌的妻子才说出实情。我后来猜测，应该是老爷供奉的镇宅大仙。这件事原本只有我和老爷知道。 镇宅大仙，万银圣有些诧异：“什么大仙？不过是妖物罢了。”一旁的姜四人说道。但见万银昌的妻妾一脸惊讶的表情，便又解释了一下：“很多大户人家为了防止一些邪祟和，都会在府邸内供奉一些所谓的镇宅大仙，驱邪避凶。其实就是些有了道行的妖精，他们都是有一定法力的，能够对付一些小鬼和邪祟。遇到较弱的修士，也同样能够威慑一二。” 不过，这种供奉是存在危险的。他们毕竟是妖物，虽有智慧，却无人性，更是喜怒无常、嗜血好杀，所以经常会有所谓的镇宅大仙成了灭门的祸害。那这次会不会也是？万银昌的妻子满脸惊讶的说道：“那倒不会，这次显然是有目的的刺杀。如果真的是妖物作乱，你们恐怕也活不到现在了。”江四人说道。万银昌的妻妾点了点头：“带我去看看。” 你们供奉妖物的地方，姜思仁又说道：“好。”万银昌的妻子带着姜思仁、万银胜等天人教修士来到了万家宗祠后方的一个院落里。这里平时只有万银昌过来，其他人都是不得靠近的地方。就在这里面，万银昌妻子不太敢进去，毕竟刚刚听了姜思仁的话，他有些害怕。姜思仁点了点头，旋即带着万银胜和其他师弟走进了那院子，然后在那屋子里。 看到了供奉的神龛，竟然还是个狐妖。姜思人察觉到了这里有狐妖的气息，不过很显然，那狐妖早已经离开了。他拿出一张符箓，贴在了那神龛上，手掐法诀，在那符箓上打出一道法诀，符箓顿时青光大盛，最后化作无数丝线钻入那神龛之中，从中抽取出了一缕缕狐妖的气息，最后飞回到了姜思人的手中。 他将那符箓和一个罗盘交给了身后的一名修士，说道：“你们几个搜寻一下这狐妖，估计他很可能还藏在这城里。找到后通知我。”“是，师兄。”当天下午，万银胜便开始陆续接手万家的产业，消息也迅速的在城中传开，一时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人这才知道，万银昌竟然还有个弟弟，而且还是天人教的弟子。不过仔细想想。 似乎也明白了万银昌为何会成为天人教的爪牙，为何可以在青州城横行无忌。这个消息自然也第一时间传到了魏毅耳中。事实上，万银胜刚刚来到青州城不久，妙音坊那边就安排人过来给魏毅送信，邀请他晚上去参加画舫游湖的活动，同时也告诉了魏毅关于万银胜和新知县王安的消息。听到万银昌还有个弟弟，魏毅自然也有些意外。 但也没有太过在意。就算万银昌有个弟弟，也没办法成为第二个万银昌。他的作用顶多是帮助天人教暂时握住万家现有的一些钱财，然后榨取最后剩余价值。但想要取代万银昌，掌控青州城的商业，那只能说是痴人说梦。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万银昌是绝对的地头蛇，但万银圣不是，他也成为不了地头蛇。这也是天人教会。 重视万银昌的原因，所以在魏毅看来，天人教如果想要掌控青州城，肯定还会物色一个新的地头蛇来辅助他们。公子，天人教的修士想要求见。正在书房里绘画的魏毅听到了下人的通报，但他也没有立刻应答，而是继续画着画。他早料到天人教的人会来找自己，毕竟以自己如今在城中的名声和威望。 绝对是他们除了万银昌之外最佳人选。虽然自己是除掉万银昌的主要嫌疑人，但对于天人教来说，万银昌也不过是一颗棋子。如果有更好的棋子可以取代，他们自然不会在意万银昌到底是被谁杀的。魏毅又画了许久，那下人也很识趣的等在一旁，并不多言。好了，画完了。魏毅放下画笔，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画作。画中是一名弹古筝的女子。 正是那妙音坊的红墙。今晚魏毅要去参加画舫游湖，自然不能空手过去了，所以就为红墙画了一幅肖像图。对了，你刚刚说天人教的人要献我？魏毅这才看向旁边的下人。没错，公子，他们正在院外等候。下人说道：“将他们请到厅堂吧。”魏毅随口说道。院门外，姜思仁和两名天人教修士等了许久，也未见通报的下人过来请他们进去。 心中已然是颇为不悦，这位义什么意思？故意把我们晾在这，是想跟我们示威吗？师兄，看来我们有必要教教他如何做人了。两名天人教修士一脸不满的说道。姜思仁虽然没有说话，但脸色也是颇为冰冷。他已决定，如果这位义还不叫人来请他们进去，他便直接硬闯了。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他不介意给魏义点颜色瞧瞧。 但就在江思人准备踢开院门之时，那大门却是忽然打开了。通报的下人说道：“几位道长久等了，里边请吧。”江思仁阴沉着脸，跟着那下人走进了魏家宅院，最后来到了厅堂落座。几位道长有失远迎，魏毅似笑非笑的抱拳说道：“所谓先礼后兵，尽管在他眼中，这几人迟早会成为自己的敌人，甚至不久后。” 自己也会送他们去跟万银昌团聚，但这光天化日之下，还是要行人道主义的。看来魏公子很忙啊，见你一面比县知府大人等的还要久。姜思仁也拱了拱手，皮笑肉不笑的说道：“实在是抱歉，下人不懂规矩，看我在睡觉，莫敢叫醒我。哎，昨晚在红秀招有点放纵了，刚刚正在补觉，而且我这人有很严重的起床气，下人都不敢叫我。”魏毅笑着说道。 所谓现人说人话，现鬼说鬼话，是人是鬼他自己掂量去吧。那公子现在可还有起床气啊？姜思仁问道。哈哈，道长说笑了，看到诸位，这心情自然是好多了。魏毅爽朗的笑着，就喜欢让你不爽，你还奈何不了我的样子。听到魏毅的话，姜思仁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更何况自己也是来拉拢魏毅的，所以这口气。 也就咽下去了，全当是为了自己教派做贡献了。诸位道长，快请坐吧。来人，上茶。魏毅朗声道：“第幺二章，我自己去大牢。对了，不知诸位道场找魏某有何贵钱魏毅明知故问道：“公子是聪明人，在下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我天人教需要一位能够取代万银昌的人，你是我们心中最佳人选。如果你愿意，我叫可助你登上商会会长之位。” 掌管整个青州城的商业，姜思仁正色道：“取代万银昌？抱歉，那你们找错人了。魏某向来以万银昌这种败类为耻，更别说成为他的替代品了。诸位还是另请高明吧。”魏毅连,连连摇头说道。魏毅的话让姜思仁的面色又冷了许多，但他顿了毒，还是再次开口说道：“可能是在下表述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与我天人教合作。” 帮助我们掌控青州城的所有商户、所有商业，当然，我们肯定也不会亏待你的。至少你魏家的产业，我们不会碰，也不会向你征收香火钱。哼，道长抬爱了，魏某真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野心啊。魏某就想前点我喜欢的事情，过着悠闲不被打扰的日子。”魏毅皮笑肉不笑的说道，“阁下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姜思仁皱起了眉头，虽然心里已经有些不悦。 却也忍着没有发作，毕竟魏毅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了。嗯，不考虑。魏毅摇了摇头，旋即忽然又打起了哈欠，然后说道：“哎，这又开犯困了。对了，诸位可还有其他的事情？”见魏毅这副样子，姜思仁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去。他算是彻底看明白了，这魏毅是绝对不会选择臣服他们天人教的，甚至压根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如此表现，让他不禁怀疑，这魏毅会不会也是天下盟的成员？不然，寻常商人面对自己许的好处，不可能不心动，更不会如魏毅这般话里话外透露着对他们天人教的不屑。魏公子，江某有句话送给你：识时,时务者为俊杰，逆天而卫只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嗯，说的不错，逆天而卫只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也送给诸位吧，同勉。 魏毅意味深长的笑着，告辞。姜思仁冷着脸说道，旋即起身向外走去。跟他一起来的两名天人教修士也冷冷的看了一眼魏毅，旋即跟着姜思仁一起走出了魏家。师兄，这魏也太不识抬举了，他以为自己是谁啊？在您面前还摆谱，真是不知死活。就是，刚刚真想替师兄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师兄。 我觉得他肯定就是杀害万银昌的人，搞不好他还是天下盟的成员。听到师弟们的话，姜思仁也冷冷的说道：“青阳，你去通知王大人，让他把魏毅给我关进大牢。”“是，师兄。”那叫青阳的修士说道，旋即立刻向着县衙走去。姜思仁他们走远后，角落里的橘猫慢慢走出，看了看他们远去的身影。而身在家中的魏毅，自然也通过橘子的耳朵听到了姜思仁他们的谈话。 不过他们的话，魏毅也早有所料，并不觉得意外。这些人见自己不能为天人教所用，那自然会想除掉自己，一劳永逸。不过魏毅也是这么想的。临近傍晚时，两名衙役在四名天人教修士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了魏家，以调查万银昌之死案子为由，传唤魏毅到县衙问话。魏公子，你不用担心，知县大人只是需要亲自询问一下情况，所以。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是啊，魏公子，实在抱歉，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希望您理解。两名衙役再三解释，生怕魏毅不开心，毕竟他们心里也的确不愿意为虎作伥，只是职务所在，他们那也只能奉命行事。没问题，刚好我也去见识见识这位新来的知县大人。魏毅笑着说道，他之前就已经知道姜思仁要让王安对付自己了，所以。 早有心理准备，而且正如他所说，他真的是想去见识见识这位知县大人。毕竟，如果不去县他，他自己怎么知道要前调的人是谁、长什么样子呢？不过，唯一遗憾的是，搞不好自己今晚就要错过天下盟成员的见面会了。魏毅跟着两名衙役来到了县衙，心中感叹着：真是每次来到这里，心境都完全不同。最初是为了二叔，那时候。 内心是担忧与无助的，后来又为了孟水莲，那时候自己就已经有了一定底气，也不再惧怕县衙。再后来，因为苏林韵的关系，这县衙仿佛成了朋友的家。如今虽然物是人非，但这县衙在他眼里早已经没有半点威严可谈。再次来到这里，也没有任何的恐惧，因为如今的他已经完全不必将这里放在眼里。来到县衙后，魏毅见到了那新知县王安。 这人一脸奸猾之相，简直如同按照影视剧里坏人的标准模板长的。王安坐在那暖阁高台上，目光阴险的看着下方的魏毅。那头顶上方明镜高悬的金字匾额，以及两侧柱子上“七人如七天无字七也，富民即富国，何忍富之”的嵌目对联，与他那一脸奸诈阴险的容貌，显得那般格格不入，那般的讽刺。你就是魏毅。 王安冷冷的问道：“没错。”魏毅淡然的说道，嘴角噙着一抹耐人寻味的笑意。“可知本官为何传唤你过来？”王安又问道。听到王安的问话，魏毅嗤笑了一声：“按道你一天人教的狗，在这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呢、啊？还问我知不知道为何？难道不是因为天人教的人让你叫我来的吗？”魏毅冷笑着说道。魏毅的话让王安感觉。 喉咙仿佛被塞进来一坨东西，一时间语塞，甚至还有点被人当众扒了裤子一样的羞耻。没错，他竟然还有羞耻感，这让魏毅倒是有些意外。难怪这人又当又立的。本官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王安冷着脸说道，“哼，大人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这堂堂知县审个案子，旁边都要站两个天人教的修士旁听，不知道我朝什么时候有这种规矩了。” 如果不是大人穿着官服，我估计你们站在一起，我还真是分不清，你们谁是主子、啊。魏义的话把王安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可谓是羞愧难当，恼怒不已。当即啪的一声敲击金堂木，来遮掩自己被人揭短后的恼羞成怒。来人啊，万家的案子，这魏义有重大嫌疑，立刻押入大牢候审。王安厉声喝道，但他的话出口，堂内的衙役们面面相觑。 但却没有人应答，也没有人上前。你们都聋了吗？王安看着下方的衙役怒吼着，但众人依旧一脸迟疑，互相交换眼神。行了，也别为难他们了。你们大佬我熟得很，我自己过去。”魏毅笑着说道，旋即转身朝着堂外走去。看到魏毅那蔑视权威、云淡风轻的样子，王安就感觉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他想不明白。 这家伙是脑袋有问题，还是吃错药了？难道他真的目空一切，连自己这个知县都不放在眼里吗？看来姜思人说的没错，这种人绝对不能留。第一百二十三章，这下热闹了。魏毅早知道这王安传唤自己过来，肯定会找各种借口把自己关入牢房。毕竟天人教就是让他来教训自己的，杀一杀自己的气焰，甚至可能找机会直接将自己处理掉。 所以魏毅很清楚，自己不管说什么，最终结果都是要被送入大牢。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结果不可避免，那何必配合那王安演出为难自己呢？来到大牢后，魏毅径直走进了当初关押二叔的那间牢房，也算是与二叔的另一种团聚了。魏公子，您不用担心，那王大人不敢把你怎么样，而且我们会把这件事告诉主簿大人的，让他帮你想办法。 押送魏毅过来的衙役低声说道：“嗯，好，有劳了。对了，能不能给我拿来一些笔墨纸砚？我闲来无事写写字。”魏毅说道：“没问题。”衙役迅速给魏毅取来了笔墨纸砚，还搬来一张小桌子。多谢。魏毅作揖。衙役临走前跟狱卒嘱咐了几句，这才离开了牢房。县衙后院的厅堂里，姜思仁与王安正坐在一起喝茶。 说着魏毅的事情，道长，这魏毅你打算如何处置？王安问道。先关他几日，待我将城中的事情处理好了，再考虑如何收拾他。姜四人说道。师兄，何不直接除掉这魏毅？这人嚣张至极，根本不把我等放在眼里，留着就是祸害。那叫青阳的修士一脸愤愤不平的说道。现在还不能杀了他，这魏毅在青州城的颇有威望，我们现在杀了他。 搞不好会引来诸多麻烦，对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推行会非常不利，所以暂时将他关在牢房里。我们也趁此机会重新扶持一个商户作为青州城商会的会长。”姜四人说道。他自然也想杀了魏毅这个祸患，但目前他们刚刚来到青州城，这个时候的确不适合惹出太大的事端。正说话间，门外忽然传来一名衙役的通报之声：“禀报大人，知府大人过来了。”这么晚了。 李知府过来干什么？王安有些诧异，连忙起身迎接。刚走到门口，就看到李新年板着脸走了过来。见过知府大人，王安作揖。李新年嗯了一声，径直走进了厅堂，目光看了看房间里的几名天人教修士。这几人今天过来时，也特意去拜访了他，所以他也是认识的。那几人拱了拱手，李新年则是点了点头。他虽然心中也很反感。 如今天人教祸乱朝纲，为非作歹，但他不是苏哲那种刚正不阿、宁死不屈之人，他处事圆滑，能屈能伸，所以就算自己不愿与他们为伍，但也不会与之为敌，至少明面上过得去，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就好。王大人还真是勤政为民啊，这今天才刚刚到任，就连夜办案。李新年话里有话的说道：“哈哈，李大人过奖了。” 在下也是被逼无奈，毕竟万家的案子牵扯重大。万银昌不管怎么说也是户部任命的商会会长，算是半个官身。如今被杀，这便是对王权的藐视。所以王某压力山大，不得不尽快调查呀、啊。王安满脸堆笑，李新年不置可否的笑了笑，旋即在首座坐下。他过来自然是因为听说魏毅被关押的事情。 虽然他也不想因为魏毅的事情与王安和天人教彻底翻脸，但毕竟自己与魏毅有些交情，总要做些什么，至少自己出面了会让王安等人有所忌惮，收敛一点，不至于肆意妄为，随意给魏毅安家罪名，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可是这与魏毅有什么关系？据我了解，徐大人之前已经调查过了，魏毅并无作案的可能，这城中的谣传是不能作为证据的。”李新年又说道。 哈哈，<laughs> 没错，下官也只是将其作为嫌犯传唤过来进行审讯，毕竟他目前的确是嫌疑最大的。王安笑着说道：“那现在可审讯完了？”李新年又问道：“暂时没有，不知李大人有何指示？”王安脸色也渐渐冰冷了起来。他有天人教势力这个靠山，心里自然不惧怕李新年。那我过去看看审讯进度。既然朝廷如此重视这个案子。 王大人又刚刚来到青州城，诸多事务繁重，本官便协助王大人一起查办此案吧。”李新年正色道。他知道这王安心里并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但他也并不在意。“下官怎敢劳烦李大人呢？”王安皮笑肉不笑的说道。就在这时，门外忽然又传来了衙役的通报之声：“大人，敬安王府的郡主求见。”郡主？王安面色一变。 这静安王府的郡主又来干什么？不会也是为了这魏义而来吧？王安虽然来之前听说了魏义在青州城颇有名望，但具体怎样，有着哪些关系和人脉，他其实并不是一清二楚。这也是他们需要万银昌这种人助力的原因之一。王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这郡主乃是魏毅的学生。李新年从旁说道。王安面色变了变，旋即连忙迎了出去。 来到了县衙门口，走到马车附近，恭敬地说道：“下官见过郡主，郡主驾到，有失远迎，还望多多包涵。只是不知道这么晚了，郡主来找下官所谓何事？听说大人将我老师传唤过来问话，如今时候不早了，不知大人可询问完了？”坐在马车中的赵景思冷声问道：“这暂时还没有，魏义嫌疑重大，可能仔细审讯一番。郡主放心，下官不会为难他的。” 王安沉声说道：“那好，那本郡主今晚便在县衙里等你审讯完。”说着，赵景思便下了马车，然后在侍卫的保护下走进了县衙。郡主，这使不得呀、啊！王安连忙追了上去，但赵景思里都不理他，直接朝着衙门里面走去。然而，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旋即只见火光照亮了远处的街道。 一阵凌乱急促的步履声和甲胄兵戈摩擦声传来，却是一大队士兵在林轩的带领下跑了过来。这些人都是将军府的府兵，个个全副武装，气势逼人。来到县衙后，林轩当即一声令下，把这里给我围住。听到外面的声响，王安再次来到了县衙门口，但见眼前的景象，不禁面色大变，色厉内荏的呵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与此同时。 那姜思仁也带着几名天人教弟子闻声跑了出来，看到前景象也是惊讶不已。第一百二十四章吓尿了，他们要干嘛？造反吗？那叫青阳的天人教修士说道：“这青州城还真是无法无天啊！”姜思仁的眉头也皱了起来，体内不禁悄悄运转起了真气，做好了动手的准备。他也没想到。 这魏毅竟然真有这般恐怖的影响力，不但知府过来了，郡主也过来了。如今这将军府竟然直接出兵包围县衙。他虽然知道魏毅在青州城颇有威望，但现在来看，自己还是低估他的影响力了。这王安只不过是将他关入大牢等待审讯，就已经惊动这么多大人物了。这要是真的把他给杀了，还真是会惹来大麻烦啊。不过姜思仁自然不怕眼前这些府兵。 就算那带头的小姑娘武道修为似乎非常了得，但自己也有把握杀了她。你们这是要干什么？王安又呵斥了一声，但脚下却后退了几步。本姑娘担心郡主有危险，特意带人来保护郡主安全。林轩儿厉声喝道，旋即看向身后的府兵，喝道：“给我围住，一只苍蝇都不许给我放过！”是，一众府兵齐声应和，气势惊人。 吓得那王安脸色白了几分，感觉这青州城夜晚的寒风似乎更加刺骨了。但就在这时，又一队人马匆匆赶来，看穿着却是那巡防营的兵马。为首那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男子，正是巡防营参将李雨。来人，把县衙给我围起来！李雨骑在马上，右手搭在佩剑之上，朗声喝道：“是！”一众巡防营的卫兵齐声应和，与将军府的府兵。 共同组成了两道包围圈，你们巡防营要干什么？王安面色更加难看，身形已然退到了姜思仁的身边。王大人别误会，我们担心您的安危，所以特意过来保护知县大人的安全。李宇冷笑道，旋即又大喝了一嗓子：“所有人听令，给我严防死守，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走！”王安差点气吐血，这些人明摆着就是在向他示威呢，连他妈台词都一样啊！ 这卫毅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怎么有这么大能量啊？但李宇的话音刚落，不远处又是一阵骚动，却是一大群清风书院的学子浩浩荡荡而来，最后穿过林家的府兵和巡防营的卫兵的包围圈，径直朝着县衙大门走来。而带队的正是杜少林和苏哲二人，二人面容冷峻，目光凌厉，周身散发着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气势，让人望而生畏。 他们旁若无人，从那王安等人身前径直走过，而后来到了县衙公堂。今日我等便在此一起等待魏夫子。”杜少林朗声说道。“是。”一众学子应道。“来来来，麻烦让一下，让一下。”人群后方又传来了郭皮修那嚷嚷的声音，现场又是一阵骚动。众人目光齐齐看去，却见是那德云帮帮主郭德云以及郭皮修带着一众武者走了过来。 你们说说，这世界上怎么就有人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条狗呢？不对，这种人连狗都不如，狗最起码善良。郭皮修一边走过来一边指桑骂槐道：“真是气得王安差点就哭了出来。”他是万万莫想到啊，这青州城的势力这么嚣张，竟然完全不把他这个知县还有天人教放在眼里啊！一个一个都这么目中无人吗？我德云帮的武者听令，魏公子是我最好的兄弟。 打今儿个起，谁敢伤害魏公子，我德云帮就跟他不死不休！听到没有？听到了，得令。没错，谁伤害魏公子，我们就遣死谁。一众武者七嘴八舌的嚷嚷着，那气势大有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样子。哟，这里真是热闹啊！又一道爽朗的笑声传来，却是那余家的家主于正刚带着一众武者聚集了过来。他们与魏乙。 其实也没什么交情，只是魏家要酒，让他们这些武者甚是喜欢。加上赵汉卿亲自过来找他帮忙，让他带人去给县衙施压，所以他也就跟着一起过来凑热闹了。哟，郭兄弟也在啊！于正刚看向郭德云说道，然后抱了抱拳：“于兄，你这大晚上的出来遛弯啊？”郭德云抱了抱拳，笑着说道：“哈哈，我哪有那个闲心。” 这不是刚刚去找魏公子有点事，结果听说他来了县衙，就过来这里等他了。怎么，你不会也是来找魏公子的吧？对啊，不如我们一起在这里等他吧。”郭德云说道。“哎，知县大人，这位公子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于正刚看向王安，朗声问道。王安自然没有回答，脸上的表情简直难看至极，但却敢怒而不敢言，毕竟眼前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 他们都是入品武者，而且一个个杀气腾腾的样子，很吓人。这卫裔还真是不简单啊！看着眼前聚集的这一大群武者和卫兵，姜思仁面色也有些难看，心里很是畏惧。他虽然面对四品武者都不怕，但架不住对方人多呀。这其中还不乏有几位五品的武者。这些人如果一拥而上，他就算三头六臂也应付不来啊！就算不死，也要重伤了、啊。 所以，此时的他也不敢冒头说话，生怕触犯众怒。他这人很惜命，毕竟自己辛苦修炼数十年才有今日修为，自然是不想死，也不想伤了根骨和道基。道长，你看这下可怎么办啊？王安看向姜思仁，低声问道。他也害怕了，自己今天才刚刚来到青州城，没想到一下子惹来了这么多大势力和武道高手，这大场面。 他也是生平仅见，完全被震慑住了，哪里还有什么应对之策？他现在恨不得直接找个壳龟缩进去，免得要承受这么多人带给他的压力。此时这寒风之中，他的额头竟然也冒出了冷汗。我们先进屋。”姜思仁低声说道。王安当即转身就往里面跑，即使听着后面众人的呼唤声，也莫敢回头。回到房间后，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可却看到李知府还等在房间里。 王大人脸色怎么这么难看？知府大人，实在抱歉，下官有些不舒服，可能无法招待您了，还请大人自便。王安面色难看的说道，旋即立刻躲到了书房之中。姜四人也跟了进去，其他天人教修士则是守在外面，防止有人闯入。道长，不然我们就将魏玉先放了吧。王安沉声说道。第一百二十五章放人。道长。 不然我们就将魏毅先放了吧。”王安沉声说道。江四人沉默了片刻后说道：“怎么也挺过今晚再说。他们今晚就是过来示威，给我们施压的，应该暂时不敢乱来。但以后就说不定了。不过我们今晚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走魏毅，不然以后你这知县也就再无威信可言。怕是魏毅以后也会更加嚣张，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关他一晚上也算是灭一灭他的气焰，顺便看看。” 他到底在青州城内还有多少人脉和靠山？那好吧，今晚就麻烦道长守护在下的安全吧。王安坐在椅子上，一脸担忧的说道。县衙门口发生的一切，魏毅自然也通过橘子的感官心知肚明了。他也没想到自己入牢竟然惊动了这么多人，尤其是余家的到来，这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的。不过他隐约猜测，很可能与赵汉卿。 或者天下盟有关，这或许就是所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自己为青州城做的一切，众人其实都是看在眼里的。尤其是户部推行商会制度，并且让各家微天人交捐香火钱这件事，出了众目，但大部分人敢怒不敢言，而自己斩杀了万银昌，便彻底点燃了众人心中的反抗之火。如今这星星之火，汇聚成了这般燎原之势。 让他们敢于面对天人教的势力。魏毅感觉心头很温暖，这便是他想要守护这里的原因。这里有许多真正关心他、在乎他的人，也有他真心想要守护的一群人。不久后，县衙外再次响起了吵闹的呼喊声：“放人！放人！放人！”听到那呼喊声，刚刚坐下的王安顿时又惊慌的站了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心里忐忑不安。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娇喝之声：“你们算什么东西？让开！”跟着赵景思的声音也随之响起：“王大人，我想问问你，这县衙的所有衙役都在这里，现在到底是谁在审问魏毅？”听到这句话，王安面色难看，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们要县尉公子，你们如果要审问，那便到公堂那里审问，刚好让我们也当个见证。你这样无缘无故。 将人关在牢房里审讯，我难免怀疑你们别有用心。”林轩喝道。他并不知道魏毅拥有那儒道神通，所以他很担心魏毅会遭受迫害，甚至有生命安全。此时他心可谓是担心不已。但见王安想要当缩头乌龟，林轩气得喝道：“王大人，你如果再不出来，本姑娘可就自己进去了。”说着，他便准备闯进书房。 守在那里的天人教修士色厉内荏的挡在门口，他们不过练气中期后期的修为，还真不是那五到五品修为的林轩儿的对手。刷。林轩儿拔出腰间的成瘾，这件还没有染过血。今晚如果见不到位移，他不介意砍了这帮天人教的杂碎。王大人，要不要本郡主将老王爷请过来？赵景思又说道。听到这句话，王安心里最后的防线直接崩塌了。 他太清楚老王爷的分量了，那是连陛下都要敬重三分的人。赵景思可是老王爷最疼爱的孙女，这赵家也是大燕王朝最顶尖的武道世家之一，家族底蕴雄厚，强者众多，而且手握兵权。这要是真的把赵家惹急了，他九条命都不够死的。所以，当即推开房门走了出来。来人，先先将魏义放了，明日再审。 王安沉着脸说道：“眼下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先过去今晚再说吧。”是，听到王安的话，一旁的衙役顿时笑容满面，当即跑向了大牢。房间里的姜思仁也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想到这帮人竟然如此疯狂，连一晚上的时间都不肯等。这要是真不放了魏毅，怕是今晚他们真的可能会大闹县衙。看来这魏毅才是这青州城的无冕之王啊！ 姜思人心说着：“这如果不是今晚亲身经历，打死他也想不到，区区一个平民竟然能一呼百应，有这般影响力，更是让赵家、林家、李家、郭家、于家这些大家族全都来保护他。但这也让姜思人更加确定，万家的案子绝对与这魏毅脱不了前系。”魏毅从县衙里走出来时，众人可谓是夹道迎接。看到魏毅平安无事，赵景思、林轩儿。 杜少林等人也都放心了。魏兄，他们没有为难你吧？郭皮修连忙上前问道。没有，我只是到牢房里体验了一下生活。魏毅笑着说道。那就好，这群混蛋如果真敢动你，老子非宰了他们不可。郭皮修笑着说道。啪！郭皮修话音未落，后脑勺就挨了一巴掌。站在他身后的郭德云斥责道：“别一天张口闭口的老子。” 你老子，我才是老子。魏毅笑了笑，旋即看向在场的众人，躬身作揖道：“感谢各位前来相助，今日之事，魏某感激不尽。这份人情，魏某定然铭记于心。”魏公子，早点回去休息吧。巡防营撤。李宇笑着说道，旋即带着巡防营的卫兵率先离开了县衙。于某也先回去了。于正刚抱拳道。 旋即带着一众武者离开了。魏夫子，我等也回去了。杜少林和清风书院的众人作揖，旋即纷纷离去。走，我们送你回家。魏毅在林轩、赵景思以及郭貔貅等人的护送下回到了家中。此时，婶婶和妹妹也都焦急的等在院子里。除此之外，还有那孟水莲和苏灵韵，以及满院子的猫咪。看到魏毅平安归来，众人的心这才踏实了下来。 而此时的西湖之上，一艘画舫正在湖中慢慢滑行。画舫里的人并不多，因为原本要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成员，都因为魏毅的事情没有到场。所以，此时正在商议如何解决掉王安这个天人教爪牙的人，就只有洪强、赵汉清以及另外几个天下盟的成员。要杀这王安倒是不难，但是他身边有天人教的修士保护，尤其是那个姓江的，乃是筑基后期。 这城中没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嗯，有了万银昌被杀的事件，这天人教肯定会加大对王安的保护力度，所以我们要动手，风险会很大。那就想办法趁他二人分开之际动手。但天人教有很多追踪手段，就算得手了，估计他们也能迅速找到凶手的位置。所以派去刺杀的人只能是个死士了，必定有去无回。是啊，这件事必须好好筹划才行。估计那王安身上。 肯定也有很多保命符箓和法器，想要成功刺杀绝非易事。众人议论着，却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毕竟在场的并没有真正精通刺杀或者有绝对武力的人。大家回去都想一想办法，我们三日后等所有人都到齐了，再详细的制定计划吧。洪强开口说道。第一百二十六章，王大人死得很诡异。艳阳高照，王安今天起得有点晚。 毕竟昨晚发生的那些事情，让他心里一直很不安。尽管姜思仁在他的房间里布置了禁制和符箓，但他依旧很晚才睡着。毕竟那万银昌当时也是有着符箓保护的，可依旧被杀了。加上他又想起了之前郑聪被刺杀的事情，总觉得这县衙里也是鬼气森森的。他总有种感觉，自己的小命随时都可能丢在这里。不过那紧张的情绪。 仿佛也随着这太阳升起得到了缓解。呼，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王安长舒了一口气，心里也踏实了许多。毕竟，就算有人想要加害自己，也定然是在深夜行动，所以白天对于王安来说便是一种绝对的安全感。此时，姜思仁还在房间里打坐晨练，昨晚守夜的天人教修士也已经回去休息修炼去了。王安穿戴整齐。 吃完早餐，便来到了衙门内开始办公。毕竟他还要忙着给天人教选址、筹资建造道观。不久后，一名衙役走了进来，说道：“禀报大人，刚刚有人送来了一封信，说是关于万家案件的线索，快拿过。”王安眉头一挑，连忙招手说道：“衙役将信封交给了王安，然后退了出去。”王安双眼放光，心中窃喜，莫想到竟然有人送来线索。 他满心期待地打开了信封，然后将里面的纸张取了出来，展开在眼前看了看。那纸上并没有什么线索，但却写着一首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悬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王安一脸困惑，正暗自诧异时，一道人影从那纸张中冲出，手中白刃快如闪电，瞬间割断了王安的脖子。与此同时， 那人影又再度凭空消失，王安手里的纸张也随之燃烧起来。整个过程几乎是瞬息之间发生的。快到公堂里的众人，都没看到发生了什么，就听“砰”的一声，仿佛是什么重物砸在了桌子之上发出的声音。众人诧异的看去，顿时面色大变，满脸惊骇。那砸在桌子上的重物，竟然是一颗人头，是那王安的人头。嫣红的鲜血喷洒而出。 一团火焰也在他手中燃烧，那诡异的一幕吓得一众衙役险些一屁股坐在地上，全身汗毛倒竖，冷汗涔涔，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冷了几分。县衙后宅的房间里，正在打坐修炼的姜思仁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师兄，师兄不好了，王大人被被杀了！”什么？姜思仁面色大变，疼得从床上跳下，瞬间冲出了房门。 你说什么？王大人被杀了？那叫青阳的天人教修士满脸惊恐的说道：“怎么可能？早上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江思仁难以置信的看着青阳问道：“他刚刚在公堂处理公务时，莫莫名其妙的被人砍下了脑袋？怎么可能？”江思仁满脸震惊，当即来到了公堂，果然看到那王安的尸体还坐在椅子上，全身被鲜血染红。 头颅躺在那桌子上，脸上兀自凝固着惊讶的表情，身上还微微冒着烟雾，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味和烧纸的味道，整个公堂内一片诡异的气息，让他这个修士心里都不禁一阵发寒。发生了什么？姜思仁面色难看至极，目光看向了周围的衙役，喝问道：“我我们也不知道，之前他人还好好的，还在办公，然后我们就听到什么东西砸在了桌子上。” 结果发现是王王大人的头颅，衙役们满脸惊恐的说道：“没看到行凶者，没有，除了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人进来啊。”“哦，对了，王大人临死前好像正在看一封信，什么信？”江四人追问道。衙役们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听到众人的叙述，江四人感觉更加诡异。难道那信封里装着某种符箓或者法器？ 杀死了王大人，可是他从没听说过有什么符箓和法器，能够在没有施法者精准操控下，精准的斩断人头颅啊！而且周围也没有察觉到任何法力波动。但凡是法器或者符箓，必定会有法力波动残留的。就算是邪祟厉鬼行凶，也不可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法力痕迹。他小心的靠近了王安的尸体，又以神识仔细探查了一番。 却是隐约察觉到了一丝特殊的气息残留在王安的尸体附近，那气息非常微弱，但的确不属于王大人，也不属于在场任何人。那种气息他很陌生，但感觉仿佛是某种浩然正气。到底是什么人用了何种方法杀了王大人？江思人心中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觉得后怕。这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悄无声息的就砍断了王安的脑袋。 这行刺的手法实在是太过诡异，太过骇人了，让姜思人都感觉后背一阵发寒。对了，那封信，姜思仁想到了这个线索，当即询问那衙役：“信件是谁给他的？”只可惜那衙役说，对方交给他信件时故意隐藏了容貌和身形。毕竟对方说是关于万家案件的线索，所以他也没多想，就带进来交给了王大人。姜思仁通过神识观察。 能够基本确定，这衙役并不像是在说谎，而且他要是同伙，现在也不可能留在这里，早就逃之夭夭了。更何况这行凶者手法之诡异，哪里还用得着找这么个想法都写在脸上、毫无心机的人？关于王安被杀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顿时轰动了整个青州城。城中大街小巷、各个茶楼酒肆内，几乎都在谈论着。 这件骇人听闻却又大快人心的消息。哎，这王大人是谁啊？就是新上任的知县啊，昨天才刚刚到，今天就被杀了。听说这新知县就是天人教的狗腿子，来这里就是为了给天人教修道官，帮天人教剥削压榨我们的是啊。莫听说之前下发的文书吗？天人教让城中所有人都给天人教缴纳香火钱，不然就以徭役来抵，简直是强盗。 我们给朝廷交税服徭役，还他妈得给天人教服徭役，真是没天理！谁说不是？苏大人就是因为这件事辞官的。所以说杀的好，这是为民除害的啊！是啊，我猜着杀手也是除掉万银昌的那个人，他应该就是为了阻止天人教剥削我们，先杀了万银昌，如今除掉了这新知县。哎，你们说这传闻会不会是真的？就是魏公子做的？有可能。 听说昨天他被新知县抓到了县衙，关进了大牢里。今天这新知县就在公堂上被莫名其妙的杀了，这绝对不是偶然啊！我觉得肯定是魏公子。啧啧，魏公子果然好手段啊！以后我们青州城有魏公子在，就不用害怕天人教来祸害我们了。第一百二十七章副盟主。府衙内，同知吴云将王安被杀案的调查结果汇报给了李新年。 李新年听完后，内心不禁更加震惊。他为官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么诡异的案件。光天化日之下，还有其他衙役在场之时，一封信件就让王安人头落地，毫无征兆，悄无声息，更无迹可寻。甚至连天人教那拥有筑基后期修为，更是极为擅长追踪气息的修士，也一筹莫展，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封信，又是怎样的诡异手段？李新年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以往无论是邪修作乱，还是鬼怪妖邪作祟，与这次的案件比起来，都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好在自己不是王安，莫做什么亏心事，也不怕鬼敲门。真的是魏毅吗？李新年有些难以置信。虽然他知道魏毅不过是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肯定不是他亲自所为。 但如果传闻是真的，那位他效力之人又是何方神圣？如此非凡之人，又为何会为魏毅效力？李新年想不明白，甚至觉得不可思议。但不管怎样，他心里还是很开心，看到今日这个结果的。看来天人教想要掌控青州城，可没那么容易了。李新年心说着，万银昌被杀，王安被杀，几乎让天人教断了左膀右臂。 想要顺利掌控青州城，恐怕莫那么容易了。他甚至感觉这几个天人教的修士恐怕也活不长了。妙音坊后院的房间里，龚先生爽朗的笑着，心情当真是无比的畅快。一旁的红墙以及天下盟的其他几个成员也是笑容满面，欣喜不已。昨晚他们还在发愁如何除掉这王安，甚至觉得有些棘手。没想到今天上午，这光天化日之下。 王安就被人给杀了，而且这王安还是在天人教修士的保护下，就那么诡异的被人给砍了头颅，这无异于狠狠打了天人教的脸面，也给他们在青州城的盟友们打了一剂强心剂。当然，开心之余，他们心中同样也是惊讶不已，毕竟这杀手选择的时机、使用的手段，着实有些匪夷所思。哈，这王安一死，天人教的计划又要落空了。 龚先生开心的说着：“是啊，王安被杀，真的很振奋士气啊。”旁边一位男子说道：“这次莫非又是魏毅做的吗？”“很有可能。”刘姐姐说：“她那日试探性的询问了魏毅，基本可以确定魏毅的确是铲除万家的幕后之人，所以这次或许也是魏毅派人做的。”另一个女子笑着说道。旁边的红墙也点了点头。沙尘当时就说：“魏毅并非表面看的那样。” 只是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而且他背后可能还有高人相助。如今看来，沙尘说的没错，魏毅背后肯定有高人。你们还记得那日劈开云海的一剑吗？龚先生忽然正色道：“先生的意思是，杀了王安的人就是那位，很有可能。毕竟能够光天化日之下悄无声息的取了那狗官的脑袋，这种手段绝非常人所能办到的。听闻剑仙可千里之外取人首级。” 飞剑快若闪电，常人根本无法捕捉其踪迹。听到龚先生的话，众人的目光顿时亮了几分。这么一想，似乎就能说得通了。极有可能啊！那所谓的信件不过就是障眼法，真正砍下王安首级的乃是剑仙的飞剑，只是因为速度太快，常人根本看不到。红强神情略有些激动的说道：“没想到位移背后的人竟然是一位剑仙！”众人纷纷点头。 觉得仿佛找到了真相，难怪魏毅从一个普通的书生一跃成为了五品铸剑师，魏家也是迅速崛起，看来都是那位剑仙的指点和帮助啊！太好了，这位毅也是我们天下盟的成员，剑仙帮助他，便也相当于帮助了我们天下盟。有魏毅在，我们还愁对付不了天人教吗？是啊，这位义背后如果真的有剑仙相助，那这天人教想动魏毅，便是自取灭亡。各位。 龚先生打断了神情激动的众人，一脸认真的说道：“刚好我们不是准备推选出一位统领青州成天下盟的副盟主吗？不如我们就推选魏毅如何？”听到龚先生的提议，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旋即纷,纷纷点头。这魏毅先是除掉了万银昌，如今又除掉了王安，这贡献的确远超所有人了。而且他本身在青州城的威望就极高，可以说是一呼百应。 昨晚发生在县衙的盛况，便足以说明了一切。让他统领青州城的天下盟，估计所有成员心里也都会服气的。我看行，这魏毅如今在青州城的影响力和威望，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了。是啊，反正我觉得他很适合。嗯，我也同意。既然如此，我们便尽快与魏公子和其他只是商议一下，找个合适的日子，便将魏毅推举为我们的副盟主。 就在全城之人都在议论着王安被杀的事情时，魏毅却身在清风书院的儒道学院里，给自己的执笔者们授课。一众学子们看着魏毅的目光可谓是无比炙热，他们心中都很清楚，正是魏毅以儒道神通杀了那王安。虽然他们也不知道魏毅具体是用了什么方法，但城中之人都在传那王安是被一封信所杀，这便足以说明一切了。所以。 心中对魏毅的崇拜已然是无以复加，也更加期待着自己未来能成为魏毅那样非凡之人，拥有力挽狂澜、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他们很清楚，如果不是魏毅杀了这王安，未来青州城将会暗无天日。所以魏毅杀了王安，便是替天行道，便是扭转了局势，改变青州城的命运。给学生们授课结束。 魏毅将杜少林单独叫到了书房之中。今日来到书院，魏毅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打算给这杜少林开通权限。毕竟杜少林既是自己的朋友，又是这笔墨之灵最大的贡献者，更是未来帮助自己开创儒道宗门的重要角色。所以魏毅也需要让杜少林拥有更多自保之力。他如今只是个普通人，而且年纪也大了，可能遇到了年轻力壮的青年都打不过。杜夫子。 今日我便传授你儒道杀伐神通，日后你便可以使用笔墨之气杀敌自保了。”魏义正色道。听到魏义的话，杜少林顿时激动的瞪大了眼睛，满脸喜色，当即躬身作揖：“多谢恩师，多谢恩师！”他太渴望能够获得杀伐神通了，倒不是他喜欢杀伐，只是他也希望自己可以为魏毅尽一份力，希望真正参与到对抗天人教的行列之中。 第一百二十八章传授儒道神通。魏毅来到书案之前，提笔在纸上写下了一首诗：不第后赋局，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京城，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便是你能否掌握我儒道杀伐神通的关键。若你能参悟其中真谛，便可以自然而然的掌握儒道杀伐神通。魏毅将纸张交给了杜少陵，说道。 这首诗本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所作的咏物诗，但此诗却是借着比喻的手法，赋予菊花以英雄风貌与高洁品格，把菊花比作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象征，以百花喻指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表明了革命领袖果决坚定的精神风貌，也透露出了自己的反抗意念。其实，魏毅想让杜少林掌握杀伐能力，只需要心念一动。 便可以直接赋予他妙笔生辉这个神通的能力，但魏奕需要测试一下，这杜少林有没有与自己一样的斗争和反抗精神，而这也正是他需要的志同道合之人。面对王权的腐败，世道黑暗，面对欺压与不公，是否愿意去反抗，有勇气去反抗？只有这种人才配得上使用自己的杀伐神通，与自己并肩作战，共同对抗天人教，对抗这个时代。 对抗王权，甚至是对抗天地。以他对杜少林的了解，他应该是有的，只是有多少，那就要看这首诗对他产生的共鸣有多强烈了。果不其然，当杜少林看到这首诗的瞬间，那双眼睛顿时变得无比矍铄，无比明亮，眼神中涌动着某种复杂而又触动内心的情绪。魏毅也立刻看到许多金色光点从杜少林身上。 融入自己的识海之中，这说明杜少林看懂了这首诗的意境，也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看完这首诗，杜少林的目光不禁又看向了魏毅，目光坚定的点了点头。透过这首诗，他能够看出魏毅的宏图大志，看出他的宏愿。事实上，魏毅的很多诗词都已经说明了一切，而这首诗只是更加的图穷匕见，更加的直接。面对这昏庸无道的王权。 奸佞当道的朝堂，一味的不满和抱怨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亲自去改变，去拨乱反正，去拨云见日，开创那朗朗乾坤，才能真正的不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而这首诗就透露着魏毅要推翻腐朽的王权，重建盛世的志向与宏愿。而且从诗的名字《不第后赋局就不难看出，这就是魏毅当初科举落榜后心有所感，也是那时候。 他觉醒了前世记忆，心中生出了这种反抗腐朽王权的志向。杜少林的内心何尝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在这个拥有非凡力量的世界里，一个普通的文人能够做的事情真的太有限了。所以，他心里比任何人都渴望获得力量，获得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笔墨之灵。”魏毅说道。杜少林立刻原地盘膝，闭上眼睛。 一时沉浸在了笔墨之灵里。与此同时，魏毅也为杜少陵开启了使用妙笔生辉神通的权限。用你的心去引动笔墨之灵，魏毅继续说道。杜少陵照做，随着他心念一动，那笔墨之灵仿佛被风拂过，飒飒作响，形成了数浪。专注于其中一颗，试着引动他的力量。魏毅又说道。杜少陵心中激动，当即聚精会神。 将意识汇聚在其中一棵树上，那棵树上的叶子顿时飞舞而起，在他是海中盘旋着。成功了，我成功引动了。杜少林激动不已，脸上满是兴奋之色。好了，睁开眼睛吧。”魏毅说道。杜少林立刻睁开眼睛，眼中难掩激动。现在你试一下，以笔墨之气为形，以意念为魂，去写你想写的字。”魏毅将手中的毛笔递给了杜少林。 杜少陵接过毛笔，点了点头，旋即深吸了一口气，右手持笔，聚精会神，开始在虚空之中写字。笔墨之气立刻向着笔尖凝聚，道道光芒汇聚在那虚空中，形成了字迹。天地之力仿佛汇聚而来，周围空气似乎都被搅动。杜少陵一笔一画在那虚空中写下了一个逆字，字成一答，周围的空气似乎都被这逆字散发的力量。 牵引着开始逆行，甚至连周围的光线都仿佛被反射了回去，让那个逆字周围的空间变得暗淡下去，但它本身的光芒却显得越发耀眼。杜少林及时收回了笔墨之气，而那逆字也随之消散一空，周围又恢复了正常。但杜少林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这力量太强大了，太非凡了，竟然可以对抗天地之力。很好。 你已经基本掌握了这妙笔生辉的施展方法，魏毅笑着说道：“多谢恩师，这力量真的太强大了，太非凡了。”杜少林当真是激动的不能自已，这感觉就好似一个普通人瞬间得到成仙了似的。不过魏毅对杜少林的修养和心性还是非常放心的，不担心他因为突然获得了非凡的力量而忘乎所以。而且魏毅刚刚也发现了，这妙笔生辉的威能在杜少林手里。 发挥出了超乎寻常的力量，这或许是也与他的文学修养有着巨大的关系。杜少林的文学修养和造诣自不必多说，甚至自己目前都比不过他。他对于文字的理解也远比自己更深刻，所以刚刚那一个逆字竟然形成了对抗法则的力量，而且对笔墨之气的消耗却很少。不过魏毅自然是很愿意看到这个结果。杜少林能够发挥出更强的战力，那自己手里。 才会多出一个更强的棋子。从清风书院回来后，魏毅便收到了一个包裹，据说是香满楼柳如姑娘送来的。魏毅有些好奇，回到房间后打开一看，竟然是个做工精美的绸缎肚兜，其上还萦绕着柳如身上那股独特的花香。看到柳如送来的礼物，魏毅笑了笑，看来他的体力又恢复了，又能跟自己大战三百回合了。不过魏毅也知道。 柳如这个时候约自己去，应该也是天下盟想要联系自己，毕竟他们应该也能猜到是自己除掉了王安，所以想要找自己了解一下情况，或者是沟通后续的行动计划。这柳如真是玩的越来越花了，不过我喜欢。魏毅笑了笑，手中的肚兜手感倒是很丝滑。第一百二十九章借刀杀人。夜幕降临。 魏毅乘着马车去了西湖畔的红袖招，他今晚还特意给柳如带上了药膳和药酒，帮他事前补补身体，免得扛不住自己的神通。途中，魏毅也发现了天人教的修士在暗中跟踪自己，很显然他们是明的玩不过，准备玩阴的了。当然，也可能是想在暗中调查自己，摸清自己的底细，再做行动。但魏毅自然不会给他们那个机会。 也不会给他们那么多的时间，杀王安只是个开始，他真正要除掉了是这几个天人教的修士，只是需要创造个更好的时机。毕竟那卫守的姜思仁可是个筑基后期的修士，想要杀他可没那么容易。天人教的修士跟着魏毅来到洪秀昭附近后，其中一人眉头一动，当即拿出了一个罗盘，其上指针摆动着，最后指向了洪秀昭的方向。还真是有意外惊喜啊！ 那狐狸竟然隐藏在这里，其中一名修士说道：“他原本奉江思人的命令寻找那狐狸精的踪迹，但找了许久也没找到。本以为这狐狸已经离开青州城了，没想到今晚竟然在这里发现他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在这里盯着，我去通知师兄。那修士将罗盘交给了身旁的师弟，然后迅速的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王安被杀后，姜思仁等天人教修士便暂时居住在了万家的府邸。虽然府邸内大部分建筑被烧毁了，但还剩下不少空房间供他们居住修炼。当然，这只是他们临时落脚点。听到师弟汇报的关于魏毅的行踪以及那狐狸精的消息，姜思仁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抹喜色。那狐狸精竟然隐藏在红袖招里，哼哼，如此甚好。 那就让他替我们除掉魏毅吧。姜思仁忽然计上心头，这魏毅虽然只是普通人，自己一根手指便能将其杀死，但他身后必定有高手相助，所以这身上肯定也有着一定的保命法宝和手段。一个搞不好，事情败露了，那就真的惹火烧身了。这魏毅的影响力，他昨晚也算是亲眼见识了，的确是非常可怕。如果被人知道是他们天人教的修士动手杀了魏毅， 那定然会惹来众怒，以后他们在这青州城内便更加举步维艰，就别提剑道观发展势力了。但是如果魏毅在红袖招寻花问柳，结果被狐妖所杀，那就不前他们天人教的事情了。甚至他们还可以趁机出手捉拿狐妖，借此机会树立更好的形象，而且很有可能会把魏毅背后的高手引出来，这样就可以知道对方是谁，到底有何种实力。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知晓如何应对。姜思仁原本想要抓这狐狸，乃是想要将其炼制成丹，帮助自己冲击金丹境。但眼下的情况，他更着急的是除掉魏毅。能借助这小狐狸之手除掉魏毅，那便再合适不过了。走，我们去红秀招。姜思仁起身说道，旋即带着几名师弟一起来到了红秀招附近。姜思仁从师弟手里拿过罗盘。 仔细看了看，确定那狐狸的确就在其中，但他没有直接进去，更没有用神识探查，以免打草惊蛇。他在街上寻了一辆富家公子的马车，然后手掐法诀，打出一道符箓纸人，瞬间飞入了车夫的衣襟之中。跟着幽光一闪，那车夫面色一僵，但立刻又恢复如初。不过却立刻停下了马车。到了吗？车里的公子哥问道，但车夫没有回答。公子哥掀开帘子。 结果，另一道纸人也飞了进去，那公子哥的表情也僵住了。与此同时，将四人的身影也随之飞入马车之中，坐在了那公子哥身边。他再次取出两张符箓，一张贴在公子哥眉心处，一张贴在了自己的眉心处，然后双手打出法诀，在那符箓上一点。那贴在公子哥眉心处的符箓瞬间化作青光，融入到了眉心之中，消失不见。 另一张也融入到了姜思仁的眉心之中，两人的眼眸几乎同时闪烁一道金光。姜思仁也成功的控制了那公子哥的意识，甚至可以借用他的感官。取红秀招，姜思仁心念一动，那公子哥便开口说道。片刻后，马车在红秀招门口停下，那公子哥下了马车，然后走进了红秀招。姜思仁也离开了马车，飞到了红秀招的屋顶。 神识注入那罗盘之中，瞬间锁定了那狐狸精的具体位置，然后操控那公子哥找机会来到了狐狸精所在的雅间。雅间内，一名身穿红裙、肌肤白皙如雪、身材前凸后翘、极为丰满妖娆的女子正坐在餐桌旁。她的容貌极美，眼波流转间更是魅意横生，是那种让男人看一眼就会有反应的妩媚。再加上她衣着松散而奔放。 春光呼之欲出，更是撩人心弦。在他旁边还坐着一个男子，正一脸谄媚的说道：“这可是魏家最好的药酒，能否辅助修炼，增强血气？还有这个是我花了重金才买到的千年参果，不知古月姑娘可满意？”“嗯，很不错。”那红裙女子满脸开心的笑容。但就在这时，房门忽然被人推开，红裙女子诧异的看去，不禁立刻察觉到。 对方身上的法力波动，你干什么？房间里的男子一脸怒意的站起身来，结果就现一道符箓纸人，从那公子哥身上瞬间飞到了那男子身上，后者表情一僵，跟着便呆若木鸡，转身走到了一旁。你是何人？那叫古月的红裙女子黛眉皱起，目光也变得凌厉，看着那公子哥问道：“小狐狸，贫道找你谈一笔交易。” 那公子哥关上房门后，沉声说道：“听到对方的话，古月面色一变，眼中浮现杀意。这只是我操控的一具傀儡，你若不想死，立刻到屋顶来，不要试图逃跑。我天人教弟子已经在红袖招周围布置了阵法，你若试图逃跑，贫道定然让你生不如死。”随着那公子哥的话音，一股强横的神识探入了这雅间之中，古月面色一变，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之色。 通过那神识，他能够感受到对方的修为在自己之上。他没想到这天人教的修士竟然发现了自己。你要我做什么？古月沉默了片刻，问道：“到屋顶来，我自然会告诉你。”公子哥说道。古月沉吟了片刻，衣袂一挥，窗户打开，他的身影化作一道残影飞了出去，最后来到了洪秀昭的屋顶之上，也看到了那站在上面的僵尸人。 感受到对方身上的气息，古月内心更加忌惮。对方修为的确在自己之上，而且天人教很不好惹。被他发现了，自己今晚想要脱身定然是不可能了。除非拼得自己全部道行散尽，殊死一搏。但如果有其他办法，他并不想那么做。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古月看了看那姜四人，问道：“帮我杀了魏乙，只要你杀了他，我便可以放过你。” 不然，今晚我便将你炼制成丹药。”僵思人冷声说道。第130章“第一百三十章偷鸡不成。”魏毅可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杀他，我同样也是死路一条。他背后的高手可不比你弱。”古月沉声说道。他可是见过那日在万家行刺的高手，对方的气息很不寻常，实力也在他之上，所以他并不想招惹魏毅，更何况…… 他还是那身具至纯至阳之体的美男子，杀了着实可惜了。如果不是忌惮他背后的高手，他可是很想好好的吸一吸他的纯阳之精。你见过魏毅背后的高手是吧？跟我说说，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江思仁问道。他觉得那日与这狐狸交手的男子，肯定就是魏毅背后的高人，很非凡。他的气息不像是修真者，也不像是武者，是我从未见过的非凡存在。 身上散发着某种克制我的浩然正气，使用的手段也很奇特。古月说起了那日自己与金可交战时的感受。听到他的话，姜思仁更加确定这人就是杀了王安的人。放心，魏义背后之人如果出现，我自然会出手对付他。你只需要杀了魏义就行。刚好他目前就在洪秀招，你有很好的机会动手。姜思仁说道：“他在洪秀招？”古月略有些惊讶。 他方才一直在房间里，倒是不知道魏毅来了这里。没错，所以今晚绝对是你动手的好机会。你为何不亲自动手？自然是不方便。小狐狸，你别无选择，要么杀了魏毅，给自己搏一线生机；要么我现在就将你杀了，炼制成丹药。”姜思仁冷声说道，强横的气息弥漫而出，笼罩在了古月周身，让他面色变得有些难看。杀他可以，但怎么杀？ 何时动手，我来定。我不想将他背后之人引来。若他今晚不离开这里，天亮前我必定会得手。”古月说道。“你想杀他之前，吸钱他的纯阳精气。”姜思仁看出了古月的心思，毕竟纯阳精气对于这妖修来说乃是至宝。我总要给自己一点好处吧？可以，但是天亮之前必须取他性命。姜思仁也懒得再啰嗦。总之。 他要的是结果，过程他不在乎。好，成交。古月狡黠一笑，他心里自然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如果自己吸收了魏毅的纯阳之精，没准这一夜之间还能让自己实力再提升一截。到时候自己面对这天人教修士也会多几分胜算，免得他们到时候出尔反尔。当然，他还有另一个计划，就是跟魏毅达成交易，让他假死，并引来他背后的强者。 与那天人教修士进行厮杀，自己趁机逃走，一举两得。总之，他奉行之道便是信人不如信己，左右逢源，才能在这场争斗中成为真正的得力者。古月与姜思人的对话，自然也被暗处躲藏黑猫听到，而身在柳如房间里的魏夷眼中微不可察的闪过一丝寒芒。这姜思人很会借刀杀人啊，不过他的确是把自己想的简单了。 既然他想设了局，那自己也将计就计，再给他来个请君入瓮吧。正好自己也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潜掉他。如今对方自己主动制造机会，那自然是不能错过了。而且这狐狸精实力也很不错，把他说服了，变成自己的御兽，也会是个很强的战力。刚好还能用他来干防中技能的熟练度，不然单靠柳如这身子骨，怕他受不住。 柳如给魏毅跳了一支舞蹈后，便再次将乐工们平退，然后跟魏毅聊起了王安的事情。魏毅同样没有直接回答是自己杀了王安，但却默认了柳如的话。果然有公子在，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难题。柳如巧笑嫣然的说道：“对了，公子，龚先生想要推举你做我们青州城天下盟的副盟主，以后青州城的天下盟全部交由你来管理。”柳如又说道。 龚先生抬爱了，在下恐怕难以胜任啊。”魏毅谦虚道。不过他心里也着实莫想到，这龚先生竟然直接想让自己做青州城天下盟的一把手。魏毅之前从沙尘那了解过，这副盟主代表的就是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天下盟除了盟主外，还有很多副盟主，各自掌控一个区域的天下盟事务。青州城算是天下盟的一个新据点，这里暂时还没有副盟主。 一直由龚先生代为管理和发展势力。公子如果都不能胜任，那其他人就更不能胜任了。如今青州城的天下盟刚刚发展起来，就需要一位像您这样一呼百应、有能力挽狂澜的真正强者坐镇。你坐这个位置，其他成员也定然心悦诚服。在这城中，绝对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了。”柳如正色道。魏毅笑而不语，他心里自然愿意接受这个副盟主的位置。如此。 自己就可以真正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去了解这天下盟以及青州城里的所有成员情况，这样自己也可以更好的利用城中的势力和资源，未来去对抗天人教势力了。聊完了正事，柳如又给魏毅跳了一支撩人心弦的舞蹈，带得兴致勃勃之时，便一起去了房间，开始交流人生。许久后，柳如再次被掏空，瘫软的躺在床上沉沉睡去，魏毅则是拿着毛笔。 已入木三分，在这房间里做了一番布置。今晚只要那古月过来，他就有信心把这狐狸精拿下。夜深人静，整个红袖也渐渐安静了下来。古月从窗户悄然来到了雅间内，然后关好窗户，以静制封闭了窗户和房门。旋即双手掐诀，一道幽光顺着门缝飞入了卧房之中，没入柳如的体内，让他彻底昏睡了过去。他慢慢的推开房门。 同时施展了他们狐族的天赋神通魅惑之术，狐媚的气息弥漫而来，让整个房间里仿佛弥漫着一种令人血脉奔张的气息，好似周围的空气都变成了粉红色。那白皙的肌肤，那凹凸有致的曲线，好似在眼前晃来晃去，忽近忽远，忽上忽下，迷离而梦幻，令人目眩神迷。耳边也回荡着莺莺燕燕轻盈低语的声音，撩人心弦。 勾人心魄，不过魏一时海里的金色光芒立刻驱散了所有幻觉，让他一时恢复清明。其实，就算没有那金色光芒，他身上佩戴的玉佩也早已被他以入木三分妙法赋予了驱散魅惑之术和幻觉的能力。更别说他在房间和床榻上也以入木三分妙法进行了精心的布置。不过，他的神智虽然恢复了清明，但却将计就计，兀自装作被魅惑的样子，略显痴迷的。 看着那慢慢走来的古月，但不得不说，这化为人形的小狐狸精的确是人间尤物，全身上下的肌肤白的宛若瓷娃娃一般，颜值和身材与柳如不相上下，但却更加丰满傲人，眼眸中的媚态也更胜一筹，当真是妖媚动人。第一百三十一章陪了自己。古月来到床边，看着魏毅那近乎完美的肌肉线条以及那俊逸非凡的容貌。 竟然也有些痴迷，被齿轻咬指尖，心中小鹿乱撞。当然，更让他痴迷的是魏毅身上散发的那种让他莫名想要亲近的气息，还有那充满了阳刚之气的身躯。恍惚间，仿佛他自己中了魅惑之术一样，竟然有些迷恋魏毅这阳刚之体，不能自已。红裙滑落，他爬上了床榻，烛光旖旎，纱幔抖动，魏毅躺在床上。 仰望波涛汹涌，潮起潮落，不禁发现那熟练度数值开始激增，竟然比先前跟柳如时增长的数值还要多。不久后，魏毅反客为主，火力全开的开始干经验。那古月却是惊讶的发现，自己的力量似乎在急速的流逝，仿佛被什么力量从体内抽离，甚至连带着自己的法力也被抽离而去，整个身体变得滚烫，也变得瘫软无力。 最主要，他想阻止，想要挣脱，却发现自己仿佛中了魅惑，陷入了迷醉沉沦的感觉中，情难自已，无法自拔。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奇异的能量注入他体内，在他识海中瞬间凝聚成了一个神奇的印记。不好！古月心中一惊，但却为时已晚。那神秘气印瞬间掌控了他的身体，一股强大的意志袭来。 如同一只苍天巨手，一把掌握了他整个身体，任他无论怎么挣扎，也逃不出那五指山。而随着那意志占据了他的身体，他连挣扎的资格都没有了。不要挣扎了，你的体内已经被我种下了气印，从今以后你的生死全由我来掌握。魏毅的声音在古月的脑海里响起，那声音宛若雷鸣，让他心胆俱颤，本能的生出服从的意志。怎么可能？ 你不是中了我的魅惑之术了吗？古月心中震惊，他想不明白，本该是这位意中了自己的魅惑之术，然后被自己吸食纯阳之精，结果怎么反倒是自己被掏空了身体，更是被位毅中下了气印，而且这位毅不是没有修为吗？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一直隐藏了自己的修为？可是自己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也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一丝法力的气息啊。 古月的内心可谓是百思不得其解。你的魅惑之术对我无用，乖乖臣服于我，我可以饶你不死。魏毅的声音再次响起，古月感觉自己的身体不自觉的颤抖着，那本能的臣服意志慢慢占据了主导，让他再也生不起半点反抗的心思，甚至很想沉浸在魏毅的掌控之下，任由他摆布。魏毅心念一动，便瞬间感应到了古月内心的想法。 看来你也没有打算真的与天人教合作。既然如此，你我便真正的联手，一起对付姜思人。想要彻底摆脱天人教修士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杀了他们。”魏毅说道。听到魏毅的话，古月心头一动。比起天人教那些修士，他的确更愿意相信魏毅。毕竟魏毅在城中的名声非常好，而且拥有这等深不可测实力和手段，的确值得依靠。当然，他现在也别无选择。 好，月儿愿意臣服公子。古月在心中说道。但魏毅自然知晓，这古月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的臣服于自己，但因为这气印的力量以及他当下的处境，所以不得不暂时屈服于自己。其实心里依旧有叛逃的想法，不过魏毅也不介意，反正他的心思全在自己的感知之下，自己也能轻易的掌控他的生死，控制他的行动和意志，倒也不怕他能翻出什么浪来。 未来绝对把这小狐狸调教的服服帖帖、百依百顺。公子，你打算如何除掉那天人教修士？按我说的做。魏毅以心灵感应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古月。魏毅将自己带给柳如的药酒给古月饮用了一些，让他恢复一下身体。待的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古月从窗户飞了出去，而魏毅则是在房间中提笔再次写下了《荆轲歌》，将荆轲召唤了出来。 然后隐藏在了那诗词之中。不仅如此，魏毅又写下了一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着魏毅写下这首诗，项羽的英灵也被他召唤而出。项羽出现的刹那，整个房间都仿佛在震颤，空间似乎都在微微扭曲。那如山岳星斗般的气势弥漫开来，他宛若神明将士。 给人带来强烈的威压和震撼。项羽的身姿极为魁梧伟岸，面容棱角分明，英姿勃发，俊朗非凡。尤其是那一双重瞳，让人望而生畏。他的英灵远比金轲还要强大许多，单单身上散发的那股奇石就足以让人胆寒。毕竟，项羽的丰功伟绩以及名声威望都远在金轲之上，他在后世人心中也是绝对的英雄人物。 关于他的古诗和各种诗词，更是流芳千古，令无数人崇拜，为之唏嘘，为之遗憾。所以，这项羽的英灵比荆轲的英灵要强大很多很多，感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英灵。不过，两人擅长的领域和能力自然也不同。项羽属于战士，荆轲属于刺客，两个英灵各有各的用处，也能互相配合，发挥出奇效。当然。 魏毅自己才是那最后的杀手锏，他相信自己与这项羽和金可的英灵一起对付那僵尸人，就算他有再多底牌，今日也必定交代在这里。更何况这房间里也被已入木三分提前布置好了困阵，只要那僵尸人敢进来，便绝对走不出去。古月飞出红袖招的刹那，立刻感觉到了江私人的神识锁定了自己，他立刻循着那神识来到了一辆马车里。 魏毅死了吗？江四人满脸期待的看向那发丝略显凌乱的古月。嗯，他实在是不中用，我才吸了那么一点点精气，就把他吸死了。古月撩了撩额前的碎发，冷笑着说道：“真的死了？你确定吗？”江四人目光亮了几分，嘴角也浮现了笑意。他没想到这古月竟然这么容易就得手了，看来这魏毅背后的高手并不会时刻保护他。 只是会在关键的时候帮他解决掉一些麻烦，类似某种雇佣关系，不然这小狐狸不可能这么轻易得手。不过他也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这位翼的弱点显然是好色，竟然毫无防备的在这里留宿，被这小狐狸精趁虚而入，取了性命。只能说他道行还不够，跟他们天人较斗还嫩了一点。你去检查一下吧，确定好了便放我离开这里。 古月冷着脸说道：“好。”姜思仁饶有兴致的笑了笑，他还真想看一看这魏毅的死状，估计一定很有趣。第一百三十二章斩杀姜思仁。姜思仁从马车中飞出，神识探查了一下四周，确认没有人注意这边，便迅速的来到洪秀昭附近。而古月也从马车里走了出来，目光看了看周围那几个盯着自己的天人教修士，眼里闪过一抹杀意。 只要魏毅能够拖住那江思人，他便有信心杀了这几个练气期的修士。江思人来到洪秀昭附近，以御风术飞向了二楼那敞开的窗户，身影轻盈的落入那雅间之中。这房间的地面上散落了许多纸张，其上都写着一些文字，看样子是被窗外的风吹散的。但就在他准备以法力将那窗户关闭之时，却忽然感觉体内的真气仿佛受到某种力量的压制。 竟然运转不畅，甚至有些混乱起来。与此同时，他也感觉自己的身体也仿佛置身泥潭之中，身体动作变得极为困难。周围的空气好似凝固了一样，不断的压在他的身上，让他身体变得无比沉重。怎么回事？江尸人面色一变，神识探查四周，却并未发现有任何法力波动。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符箓禁制，亦或是法宝阵法之类的。 可是这感觉是怎么回事？但随着他的神识横扫四周，也立刻发现那卧房里有两个人，而且都有生命气息。魏毅没死，糟了，中圈套了！姜思仁恍然。然而就在这时，他身后的地面上，一道魁梧的身影从那纸张中飞出，手中战戟闪烁着凛冽寒芒，直接朝着姜思仁当头劈下。姜思仁面色大变，全身汗毛竖起。 心中惊骇无比，他完全不知道这偷袭者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感觉就仿佛凭空出现的一样。然而他来不及思索太多，也根本躲避不开，立刻祭出防御法宝，以法力催动，阻挡那劈来的战戟。轰！那战戟势大力沉，直接砸在了那防御法宝之上，荡起一圈涟漪，也震得将思人面色白了几分。看，心中惊骇无比。 他能感受到眼前这神秘男子实力极为强横，但他看不出对方的修为，应该是武道强者，身上充满了杀伐之气以及那盖世的霸气，让人不由得心生畏惧。但对方的气息与他在王安尸体上察觉到的气息并不相同，而且这人显然也不是善于暗杀之人，反而像是那种冲锋陷阵、杀敌破军的勇士。一击被挡下。 项羽攻势更加迅猛，手中战戟好似划过夜空的惊雷，不断的砸向那姜四人的防御法宝。轰轰轰轰！几个呼吸间，那防御法宝已然不堪重负，硬生生被震碎开来。姜四人脸色苍白，体内法力激荡混乱，一口鲜血直接从嘴角溢了出来。他知道自己中计了，但此时身处于这里，仿佛置身在某种困阵之中一样。 无形的力量限制着他的行动，压制着他的法力，加上那手持战戟的男子攻击迅猛凌厉，根本没给他任何喘息和逃遁的机会。然而，就在这时，无数发光的文字在他周围盘旋而起，他的耳边也仿佛响起了无数学子齐声诵读的声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的神智出现了恍惚，周围的一切变得扭曲，变得模糊，神识开始混乱，视觉听觉也全都消失了。恍惚间，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茫茫大山之中，无数山峰在眼前起伏变幻，绵延不绝，让他完全迷失了方向，也看不到了那手持长戟的男子所在，整个人完全陷入到了幻境之中。然而，就在这时， 那战戟重重的砸在了他的背部，好在他道袍之下有防御的法衣，帮他承受住了大部分伤害。但那一戟砸在身上，也让他感觉骨头断了几根，体内真气更加混乱，口中再次喷出一大口血。激烈的打斗声响，自然惊醒了整个红袖招的人，所有人惊恐的走出房间，但却没有人敢靠近，甚至纷纷向着楼下退去，远远的听着楼上柳如房间里。 传来的巨大声响，他们很清楚，这么大的动静绝对是高手在厮杀，轻易靠近可能会被殃及池鱼。是柳如的房间，魏公子在里面，糟了，魏公子可能有危险，快去报官！人群议论着。然而，就在这时，外面的打斗声音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不少人也跑到了门口，却见远处一个红裙女子正在与四名天人教修士厮杀。 古月刚刚一人应战六名修士，也未落下风，甚至接连斩杀了两人。那几人原本还以为古月要逃，想着拖住他，等待自己的师兄支援过来。然而等来的不是他们的师兄，而是死亡。剩下的四人面对古月更是毫无招架之力。他们也没想到这古月竟然敢杀他们天人教的修士，更不知道他们的师兄为何还没有出来。然而就在这时。 古月手中飘带化作利刃，再次贯穿了一人的心脏。现情况不妙，其余三人不再恋战，分散奔逃。但他们哪里逃得掉？只见古月以法力凝聚出了两道分身，与本尊分散追击。伴随着接连响起的惨叫之声，三名天人教的修士也全都被古月斩杀。而他的脸色也更加苍白，气息不稳，法力消耗的有些巨大，身形有些萎靡。 当然，这也是被魏毅给祸害的，身子还有些虚，不然对付这几个练气境的修士，他还是绰绰有余的。房间之中，姜思仁完全成了活靶子，被项羽的战绩疯狂的攻击。他虽然祭出了许多防御符和逃遁的符箓，却都被项羽给击溃，根本挡不住对方的攻击。更何况他身处这幻境之中，连方向都看不到，哪里还有办法逃走？很快。 那姜思人已经浑身浴血，筋骨寸断，气若游丝的瘫倒在了地上，不停的咳血，不停的抽搐，已然是奄奄一息，再无反抗之力了。魏毅天人教不会放过你的，姜思人那微弱的声音从牙缝里艰难的挤出。我也不会放过你们天人教的。魏毅的声音在姜思人的耳边响起，旋即他便感觉到一柄冰冷的利刃。 刺入了自己的心脏，最后的力量也瞬间消散一空，周围的幻境随之消失，魏毅的身影出现在了他那模糊的视野之中。记住了，万银昌是我杀的，王安是我杀的，你也是我杀的。”魏毅冷冷的说道。姜思仁想要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口中鲜血如泉涌，眼神不甘而恐惧的看着魏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今晚到底是怎么中圈套的。 更想不明白魏毅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布置下了这种奇异的阵法。不过有一点他倒是清楚了，这魏毅的确不是表面看的那么简单，他他根本不是什么普通人，只是自己根本看不透他罢了。第一百三十三章，一个不留，斩杀了姜思人。魏毅立刻吩咐项羽和金轲从窗户离开，前去击杀万银圣以及天人教的其他修士，这些人一个都不能留。 而且他们目前所在的位置都在魏毅的掌握之中，毕竟魏毅那些猫咪大军可是遍布全城，无处不在，一早就暗中掌握了每个天人教修士的动向。随后，魏毅也叫回了古月，看到那死在雅间里的姜思人，古月内心也是颇为震惊，看向魏毅的目光多了几分敬畏。这可是连他都忌惮的筑基后期的修士啊，竟然真的被魏毅给杀了。 但见这江斯人浑身浴血，死相凄惨，而魏毅却如方才自己离开时那样完好无损，英俊潇洒，甚至连气息都极为平稳，好像刚刚斩杀姜思人的根本就不是他似的。由此可见，这姜思人与魏毅的实力差距巨大，完全是被虐的毫无还手之力。也就是说，这魏毅的实力绝对深不可测，超乎想象。 自己看他只是普通人，那是因为自己实力有限，根本看不出人家的底细。如果真把他当做普通人看，那下场就与这僵尸人没什么区别。看来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这魏毅绝对是世外高人。古月，为了免于麻烦，你替我扛下这一切吧。但你放心，以后你追随我，我会庇护你的安全，不会拿你当替罪羊的。魏毅对古月说道，他很清楚。 天人教掌握着朝堂，这天人教的修士被杀，府衙肯定不能视而不见，天人教那边也不会善罢甘休，自己绝对不能坐实这个罪名，不然既暴露了实力，又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更是会牵扯很多人跟着一起麻烦。所以，只要古月替自己抗下罪名，然后将他隐藏好，这件事便会成为另一起悬案。就算天人教同样怀疑是自己做的，也没有实际证据。 便没办法借助官府的力量对付自己，至少明面上他们不能拿自己怎样。但如果玩阴的，那自己绝对不怕他们。好，月儿明白。古月点了点头，他能理解魏毅的做法，当即蒙上面纱，提着姜思人的尸体从雅间中走出，然后在众人震惊和畏惧的目光中，径直走出红袖招，将那尸体随意的扔到了大街上，身影一晃。 化作了一条红色狐狸，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看到那红裙女子离去，在场的众人顿时炸开了锅，无数议论声响彻而起。这女子是谁啊？竟然杀了天人教的修士！是啊，天人教修士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们看到了吗？那女人竟然是个狐狸精！难道天人教修士是为了捉这狐狸精才过来的吗？有可能。哎呀，不知道魏公子是否安然无恙啊？ 快去看看魏公子怎样了！就在众人议论之际，魏毅和柳如也一脸惶恐的从房间里跑了出来。两人身上只是简单的穿了亵衣，发丝显得有些凌乱。魏公子，你没事吧？洪秀昭的管事连忙跑上楼，满脸担忧的询问道：“没事，只是虚惊一场。”魏毅装模作样的说道，而后他大致讲述了一下方才发生的事情，当然也都是他编造的故事。 与此同时，万家府邸内，金可与项羽一起来到了这里。天人教剩余的修士全都在万家，也包括那万银圣。进入万家府邸后，两人分头行动。金可隐藏于暗处，伺机而动；而项羽则是手持长戟，径直走到了万银圣所在的房间，旋即挥起长戟，银光撕裂黑暗。长戟携万钧之势，轰的一声，直接将那布置了禁制的房门轰碎。 身在房间里修炼的万银圣被惊醒，但还没来得及多想，项羽的身影已然冲了进来。那恐怖的气势让万银圣内心一阵胆寒，当即祭出一道符箓，化作防御光幕挡在身前。与此同时，抽出旁边的长剑，闪躲了出去。但项羽长戟横扫间，强横的霸气如同化作实质的能量，撕裂空气，也撕裂了那符箓化作的光幕，更是威势不减。 瞬间斩向了那刚刚躲避出去的万银圣，万银圣面色大变，当即运转真气灌入长剑，横在身前格挡。砰！万银圣被那势大力沉的一击砸得连连后退，虎口剧痛。但项羽的长戟突然一翻，戟缘瞬间勾住万银圣的长剑，向后一拉，万银圣措手不及，长剑直接脱手，被项羽挑飞出去，插在了房梁之上。 而那长戟犹如蛟龙，行云流水，在虚空中一个游走，再次携万钧之势斩向了万银圣。万银圣心中骇然，拼命闪躲，并以护身法宝阻挡一二。但对方这一击速度极快，宛如奔雷，瞬息而至。那滔天气势与威能势如破竹，直接将他的护身法宝击碎。万银圣堪堪避开要害，但一只手臂却被那长戟斩掉，血如泉涌。 他的脸色也顿时苍白如纸，满脸惊恐。与此同时，其他天人教的修士也闻声赶来，而隐藏在暗处的金可伺机而动，出见之时便直接取了一名天人教修士的性命。不久后，整个府邸内突然安静了下来，万英胜和其他天人教修士全都毙命，甚至整个万家府邸也没有剩下一个活口，待得尘埃落定。 项羽和金轲的身影随之消散，整个府邸内顿时一片死寂。天人教修士被杀的事情，自然惊动了府衙和巡防营，毕竟事关重大，他们不能视而不见。上头如果怪罪下来，他这个知府也不好受。来到现场后，李新年心中也是震惊不已。他真的没想到，这魏毅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和能量，先杀了王安，如今竟然连天人教修士也给除掉了。 甚至连那个筑基后期修为的江尸人也被杀了，这就有点吓人了。至少他知道的青州城高手中，莫人有本事能够杀死筑基后期的修士，所以这位移背后的人到底有多强，他无法想象。虽然在场目击者都说是狐妖杀死了天人教修士，但李新年心里很清楚，这是太过巧合，绝对与魏毅脱不了前戏。那狐妖搞不好就是魏毅故意安排的。 不然他杀了姜思仁，为何堂而皇之的在众人面前离开？显然是故意将一切罪名揽到了自己身上。没想到这魏毅竟然让狐妖也臣服于他，听命于他。这家伙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第一百三十四章恢复宁静。不过魏毅找了个狐妖来顶罪，倒是给李新年省去了不少麻烦。毕竟如果是狐妖与天人教修士厮杀， 最终导致天人教修士陨落，这案子就不归他们府衙管理的范畴了，那属于妖物作乱范畴。以前实际上会有玄镜司负责调查，如今则是归天人教自己去处理了。但他作为一方知府，自然是要将这件事调查清楚，进行上报的，至少得给上头一个相对合理的交代。至于后续的事情就不归他管了。不过想想这接连几天发生的事情。 李新年还是有些头疼，新到任的知县被杀，这天人教修士也被杀，估计上头肯定会大为震怒，自己怕是也要被狠狠的斥责了，搞不好还会被处罚、扣除俸禄之类的。但比起日后被天人教势力骑在自己头上拉屎，给那些修士当狗，这点代价也是值得的。如今连浙江私人都被杀了，估计天人教想要掌控青州城的计划又要推迟了。 就算他们再次派来更多的修士、更厉害的修士过来，但最终能否活着把道观建起来，还是犹未可知。从洪秀昭离开时，李新年看了看魏毅，目光中却是多了几分敬畏。如今他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年轻人了。想想当初，他还是个需要杜玉江出面求自己相助的普通人，如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已经成为了这青州城最有名望。 也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存在。以前他觉得魏毅是个前途无量的五品铸剑师，是个诗才惊艳卓绝、才华横溢的文人，也是个新教育的慈善家，是个成功的商人。后来万银昌的死，让他看到魏毅第一次展现出獠牙，当真是令他刮目相看。而如今杀王安、杀天人教修士，却是让他在一次又一次震惊中幡然醒悟。魏毅早已经今非昔比。 成为了那超乎想象的存在，他想不明白魏毅是如何做到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现在绝对是这青州城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所幸自己与他关系还不错，不然这样的家伙如果成为敌人，那还真是噩梦般的存在啊！天人教修士被杀，万家被彻底灭门的消息再一次轰动了全城，一大清早消息便在城中彻底传开，所有人都在议论着这件事。 而魏毅自然又成为了话题的焦点。虽然目击者说是狐妖所为，但众人心中自然更愿意相信是魏毅做了这一切。狐妖不过是个幌子罢了。魏毅从红秀招回到家后，便开始干健身技能。毕竟从那柳如和古月身上获得了太多的精气，尤其是那古月，简直让他补的都快流鼻血了，需要消耗一下。如今健身技能距离进阶还差百分之五十八的熟练度。 新获得的房中技能，则是差百分之三十三的熟练度才能晋升三阶。魏毅倒是很希望将这个技能快点提升一下，看看能否将那采阴补阳的被动技能升级成主动技能。至于其他技能，目前升级在望的乃是打铁技能，只差百分之十五的熟练度，估计再锻造两柄五珠宝剑，基本就差不多能晋升了。而烹饪技能、酿酒技能和驯兽技能。 紧随其后，基本上都只差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熟练度就能晋级了。而且魏毅之前还发现自己与古月深入交流时，不仅仅获得了房中技能的熟练度，竟然还获得了驯兽技能的熟练度。这特魔还真是一举两得啊！吃完早餐后，魏毅在院子里喂了喂猫，他们可都是功臣，没有他们，这次对付天人教可没那么容易。所以魏毅特意给他们烹饪了药膳猫粮。 好好给他们补补身体。不久后，来找魏晴玩的苏灵韵忽然跑到魏毅身边说道：“魏公子，诺，这个送给你。”哦，魏毅有些诧异的看向苏灵韵的小手，那白皙手掌上平躺着一个精致的香囊，其颜色样式都是男士的，上面还绣着一个“毅”字。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希望你能喜欢。”苏灵韵表情有些紧张的说道，甚至。 那脸颊都有些红了，然后也不等魏毅回话，上前一步将香囊塞到魏毅手里，便立刻跑开了。谢啦，我很喜欢。魏毅笑着说道。苏玲韵回头看着魏毅，甜甜一笑，旋即有些难为情的拉着那一脸八卦表情的魏晴，跑进了对方的闺房。魏毅闻了闻那香囊，非常好闻，沁人心脾，应该是放了不少珍贵的香料。香囊的做工也非常精致，上面刺绣很漂亮。 很细致，能看出这丫头用心了。魏毅将那香囊挂在了腰间，然后继续抚摸着那正在吃东西的橘猫。就在这时，那郭皮修风风火火的走了进来。院子里的下人看到后，都跟他打着招呼：“魏兄，魏兄，你太厉害了！我的天，快跟我讲讲昨晚的事情呗，太劲爆了！”郭皮修一脸激动的跑到了魏毅身边：“没什么可讲的啊，实际的故事。” 可能还不如外面传闻有趣呢。魏毅兀自蹲在那里撸着猫，他可不敢告诉这郭皮修实情，不然保证全天下都知道了。魏兄，别装了，咱俩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悄悄告诉我一个人，我保证不告诉别人。郭皮修也在魏毅旁边蹲下，一把搂住魏毅，嬉皮笑脸的说道：“我当时昏过去了，什么也没看到。等我醒来时，那天人教的修士都已经死光了。”魏毅说道。 见魏毅不肯说，郭貔貅虽然略有些失望，不过也没有太过在意。毕竟他也知道这件事事关重大，魏毅肯定不能随便透露实情的。不说算了，反正在我心里，你就是咱们青州城的大英雄，而且很多人也都跟我一样，都觉得你就是英雄。如今那王安和天人教都被除掉了，万家也彻底覆灭了，青州城终于又可以恢复宁静了。郭貔貅笑着说道。魏毅点了点头，笑而不语。 他倒是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将他视为英雄，他做这一切就只是希望守护青州城，守住自己热爱的这座城市和这群朋友罢了。正如郭皮修所说，青州城终于又可以平静一阶段了。对了，魏兄，我一仗说万家的产业已经充公，他让我问问你，准备留哪些铺面？他到时给你留着。郭皮修忽然又说道：“这件事你去办吧，哪个赚钱留哪个。” 你想留哪个也可以留哪个，全凭你。”魏毅笑着说道。“好，我明白了。”哎，对了，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晚上我们一起聚一下吧，好久没有一起好好的喝一顿酒了。”郭皮修一脸谄媚的说道。“好啊。”魏毅知道郭皮修又馋自己烹饪的菜肴了，不过他今天心情也非常好，难得风雨之后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确值得庆祝一下。 感谢客栈的小二打赏一百七点币，谢谢大家的月票。第一百三十五章：惊讶的苏哲。对了，天路，有时间帮我在城中物色一处宅子。魏毅站起身来说道：“他准备再购买一座豪宅，一方面给古月提供一处藏身之所，另一方面也方便自己以后与天下盟的人见面，或者是筹划一些事情的场所。毕竟酒楼这里人多眼杂，有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方便。” 老宅那边也不够隐蔽，宅子本身就那么大点地方，一眼看到尽头，想要隐藏点什么都办不到。所以魏毅需要一个足够大也足够幽静的宅院。当然，干房中技能也是需要个独立空间的，总不能每次都跑到红秀昭去，毕竟哪里都不如自己的地盘安全。没问题啊，你想要什么样的宅子？郭皮修问道。远离闹市区，越是幽静越好。 院子要足够大，至少得比万家原来的宅院要更大一些。魏毅详细说了一下自己的需求，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最多两天时间给你消息。郭皮修爽快的说道。他别的不擅长，这花钱的事情他最在行。城中有名的豪宅，他比谁都了解。魏毅说完，他脑海里就立刻浮现了几座合适的院子。郭皮修离开后，魏毅也乘坐马车去了清风书院。 最近有一批学子成功通过了儒道学院的考核，今天等待魏毅做最后的筛选，确定他们是否能够加入儒道学院。不仅如此，魏毅今日过去更重要的目的是让苏哲成为自己的执笔者。这苏哲与杜少林差不多，在文学上也是颇有造诣，更是对魏毅所写的那些诗词感悟颇深，心中对魏毅也是极其崇拜。最主要，他身上的笔墨之气也是非常浓郁。 让他加入笔墨之灵，那便可以让笔墨之灵再次提升一大截。当然，更重要的是，魏毅觉得杜少林需要帮手，这苏哲绝对是最合适的人选。让他成为执笔者后，就可以辅助杜少林，帮助他一起管理好清风书院，一起去发展儒道。魏毅刚走进书院，一众学子便闻讯赶来，夹道欢迎，纷纷行礼问候，看向魏毅的目光皆是无比的崇拜，无比的敬畏。 这些情绪中，除了本身对魏毅的崇敬之外，更多的是因为这几日接连发生的事情。虽然他们也是听城中的传闻，但在他们心里，同样也坚信魏毅就是那个力挽狂澜、铲除了天人教和王安、守护了青州城安宁的英雄。杜少林和苏哲等学院夫子也迎了出来，然后与魏毅一起去了儒道学院那边。看到魏毅去了儒道学院，一众学子们不禁议论纷纷：“哎。” 卢兄，听闻你已经通过了儒道学院考核，嗯，文试过了，但听说今天还要由魏夫子亲自选拔，才能最终确定谁可以入儒道学院。恭喜啊，卢兄，真是让我等羡慕啊！是啊，卢兄果然厉害，既然通过了儒道学院的考核。我也要努力学习，争取能够考入儒道学院。诸位过誉了，我这心里也在忐忑，不知道能否被魏夫子选中啊？肯定没问题的。 卢兄才学过人，魏夫子定然会赏识的。是啊，今日卢兄定然马到成功。谢谢，那便借诸位吉言了。对了，卢兄，我听说进入儒道学院就可以直接成为魏夫子的学生，得魏夫子亲传是吗？嗯，有这个传闻，但其实我也不清楚儒道学院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总之，夫子们如此看重儒道学院，想必定然非凡之处。哎，诸位同窗。 我最近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儒道学院除了研习文学，好像还学习法术呢。学习法术？真的假的？这就有点离谱了吧！学院又不是修真门派，怎么可能学习法术？而且儒道学院的那些学生也都是普通人，又不是修士，如何能修炼法术？这就是谣传。是啊，儒道学院的学生一个个都神神秘秘的，询问他们总是说天机不可泄露，也不知道。 他们具体在学什么？嗯，杜夫子的确说过，如果考入儒道学院后，学院里的一切事情一概不得对外随意言说，这是儒道学院最基本的准则，也是第二轮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儒道学院还真是让人好奇啊！反正就像卢兄所说，这儒道学院肯定不一般，不然大家怎么都希望可以考入儒道学院呢？而且各个夫子也极为重视儒道学院。嗯，反正我们也要向卢兄学习。 努力考入儒道学院，等我们也入了儒道学院，就知道其中玄妙了。是啊，我们一起努力，争取能够考入儒道学院。一群学子们一脸向往的看着儒道学院所在的方向，议论着。苏哲跟着魏毅和杜少林一起走进了儒道学院。说来，他加入学院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进入这儒道学院。其实，在他心里，同样也很好奇这儒道学院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之前曾经询问过杜少林，但杜少林只是笑而不语，说日后等时机成熟了，自然会告诉他。所以今日看到杜少林和魏毅将他带进了儒道学院，苏哲心中自然是欣喜不已，甚至还有点激动，感觉今天自己或许终于能够知道这其中秘密了。而且他总觉得这儒道学院绝对不一般。魏毅来到儒道学院后，便开始逐一的面见通过考核的学子。 然后与笔墨之林里的人影逐个对照，而杜少林则是带着苏辙在儒道学院里转了一圈，看了看那些正在写字、绘画、朗读诗文的学子。这一圈看了下来，苏辙略有些失望，感觉似乎自己想多了，这儒道学院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当杜少林在苏辙面前展示了一下妙笔生辉的神通时，苏辙差点跪了，那震惊的反应比杜少林当初还要大。 还要强烈，甚至好半天还觉得自己在做梦，连抽了自己十几个大耳光，脸都抽肿肿了，才确定自己没有在做梦，确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儒道学院竟然真的别有玄机。杜少林也给苏哲讲述了一下儒道学院的真正来历，讲述了何谓儒道修行。听完杜少林的话，苏哲内心更加震撼，更加激动，不过也彻底明白了这段时间接连发生的。 震惊全城的大事，终于明白魏毅是如何除掉万银昌、除掉王安以及那天人教修士的。之前他也以为只是魏毅背后有高人相助，如今看来，这所谓的背后的高人其实就是他自己。这魏毅才是这青州城内真正隐藏的高人啊！杜兄，我我也可以修行如道吗？苏哲神情激动地看着杜少林，眼神中满是期待。 杜少林哈哈一笑，说道：“当然，今日恩师让我带你过来这边，自然是想要传授你儒道修行之法。走吧，我们回去拜见魏夫子吧。第章”第一百三十六章各论各的。恩师在上，请受学生苏哲一拜。苏哲再次见到魏义后，当即就跪地行了拜师礼。魏义有些诧异，但也立刻明白了这苏哲的举动，应该是听说了自己要传授他儒道修行方法。 所以太过激动了，不过魏毅的目光却仔细看了看苏哲的脸颊，那两侧脸颊有些红肿，上面都是手指印，仿佛是被人扇了耳光似的。苏夫子，你的脸是怎么了？不重要，今日学生听闻儒道修行，着实大为震撼，情难自已，有些失态，还望恩师见谅。快起来吧，苏夫子，不必行此大礼。魏毅将苏哲扶起。 然后也不啰嗦，立刻开始传授苏哲儒道修行之法。毕竟杜少陵已经将该说的话都说了，他也没必要再去浪费口舌去解释什么。待得苏哲的意识被拉入笔墨之灵后，内心又一次深受震撼。随后，苏哲开始提笔写字，果然看到了笔墨之气向着笔墨之灵中开始汇聚，极为神奇。这也让他忽然找到了写字的新乐趣，一时间写个不停。随后。 魏毅也将这次通过考核的二十个学生单独叫到了一起，这些人他都一一见过了，与自己笔墨之林里的身影全都对照过了，他们都有资格成为自己的执笔者，所以魏毅给予了他们全员通过。得知这个消息，一众学子们可谓是激动不已，尽管他们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杜少林接下来所讲的内容以及现场施展妙笔生辉，却是直接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把他们一个个震撼的瞠目结舌，甚至都忘记了呼吸，内心掀起了滔天波澜。他们对儒道学院也有过许多种猜测，学院里也有着各种传闻。但不管哪一种猜测，哪一种传闻，都远远不如此时听到的事实来的惊世骇俗、不可思议。他们打死也不敢想象，读书人通过写字画画就能修炼，还能施展神通。这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绝对不会相信。 传闻竟然是真的，卢云霄内心也是既震惊又激动。他没想到这小道消息竟然还真猜到了一些，儒道学院真的可以学习法术，只不过这不是他们传统理解的法术，而是一种全新的、闻所未闻的修行方式。这也意味着未来他们也可以像那些武者和修真者一样，拥有非凡的力量。想一想，都让人觉得心驰神往，激动不已。 这简直如同做梦一样的不真实。经过杜少林的一番言传身教之后，魏毅也正式传授他们儒道修行法门。事实上，就是在笔墨之灵里，给这些学子开通了执笔者的权限。从此，他们可以加入到凝聚笔墨之气、扩充笔墨之灵的队伍之中。之后的事情，魏毅便交给了杜少林，他则是从清风书院去了魏家铁器铺总店，准备在那里锻造两柄宝剑。 给打铁技能完成升级，来到铁器铺总店，魏毅也看到了那正在锻造宝剑的石头。如今石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边，每天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基本都在锻造宝剑，可以说比魏毅还要干。石头锻造技术进步的也非常快，加上魏毅的指导，实际水平怕是已经快赶上七品铸剑师了。如今锻造一株宝剑对于他来说驾轻就熟。 非常简单，他锻造的魏字宝剑不仅仅完全满足青州城万剑阁的需求，甚至已经销往了京城等万剑阁的店铺，在那边也积累了很不错的口碑，销量节节攀升。听着院子里那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魏毅不禁有些怀念那段每天打铁的时光。虽然那段日子很辛苦，却也充实而快乐。奋斗的日子总是那么的难忘。当然，也不是说现在的自己过得就不快乐。 不充实，只是如今自己能力大了，眼界开阔了，所以要承受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艰巨。以前只需要打打铁，想着把一柄剑锻造好就可以了，而如今自己要考虑是如何管理好自己的产业，守护这个家，守护好青州城，甚至是以自己的能力去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大哥，你来了！看到魏毅过来，石头开心不已。 当即拉着魏毅欣赏他最近锻造的宝剑，也与魏毅探讨了自己最近遇到的问题，以及总结的一些经验和感悟。石头厉害啊，你这技术都快赶上大哥了，再接再厉，希望以后你比大哥还厉害。魏毅拍了拍石头肩膀，鼓励道：“对于石头来说，得到魏毅的认可，比这世界上任何夸赞和荣誉都让他感到开心。”与石头聊了一会，魏毅也开始加入到了。 锻造宝剑的行列，随着手中的锤子挥舞，打铁的熟练度也再次开始增加。中午废寝忘食的苏哲被妻子叫回了家中吃饭。他如今的住所就在学院里，所以回家倒也容易。看到妻子时，苏哲玄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忍不住的跟妻子说起了今天拜魏仪为师的事情。但他自然没有提及儒道修行的事情，只是说了以后自己就要跟着魏仪。 学习更深层次的文学和知识。等一下，你的脸怎么了？苏哲的妻子也注意到了他那还稍稍有些红肿的脸。那不重要，你别打岔，听我把话说完。以后在恩师的教导下，我便可以真正去触碰到文学的至高境界，让我得现真理，得现非凡啊！苏哲眉飞色舞的说着。等一下，你拜魏公子为师，那我们闺女以后怎么办啊？她还怎么嫁给魏公子了？ 苏哲妻子说道：“这有什么的？以后我们各论各的呗。如果恩师娶了林韵，他管我叫岳父，我管他叫恩师；林韵管我叫爹，我管林韵叫师母，互不影响。哈哈，所谓祸兮福所倚，如今看来，我贬官到青州城不失为一件好事啊！不对，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啊！我真要感谢那些奸佞把我挤兑到了这里！哈哈哈哈！”苏哲神情激动的笑着。 他的妻子却是一脸古怪的看着苏哲，甚至有些担心，怎么感觉今天的苏哲有些不正常呢？不会是受什么刺激，精神出问题了吧？对了，你先去把药喝了。苏哲妻子打断了那独自傻笑的苏哲。第一百三十七章打铁技能晋级。接下来两天，魏毅陆续锻造了两柄五珠宝剑，也终于将打铁技能最后所需的熟练度干满了。这两柄宝剑。 魏毅并不打算留着，而是准备交由万剑阁进行销售。不过这次打铁技能升级后，他倒是想给自己再重新锻造两柄宝剑，一柄取名钱匠，一柄取名莫言。只是不知道这次升级后，自己锻造宝剑的技术又会得到怎样的提升。夜里，魏毅一如往日干书写技能到午夜方才上床睡觉。临睡前，他也将打铁技能进行了升级。 熟悉的感觉席卷而来，系统界面里打铁技能也从三阶晋升到了四阶，无数信息涌入脑海，丝丝电流在全身窜动，酥酥麻麻，很是舒服。魏毅在梦里又打了一夜的铁，准确来说，梦里的他仿佛经历了上百年的锻造生涯，无数宝贵的经验和技艺早已深入骨髓，融入灵魂，成为了他的本能。升级后，魏毅获得了非常多的打铁技能。 不准确来说，已经不能称之为打铁，而是无限接近于传说中的炼器。打铁只是其中一个不甚重要的环节了。更重要的是冶炼，对各种矿石和材料的冶炼，从中提取出极其珍贵的材料，也是最为上等的材料。这些材料已经不仅仅只是钢铁范畴，很多已经超出位移的认知，就如同前世某些科幻电影里的外星金属一样，其本身存在就极为稀有。 提炼也非常困难，但其拥有的性能也同样是极其非凡。而且通过冶炼提取之后，还会进行多种材料的融合炼制，让材料浑然天成，最终生成仿佛拥有生命一样的材料。这种材料甚至可以自己吸收天地之力、日月精华，凝聚非凡之力。如果幸运的话，炼制出的材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灵性。至于打铁锻造， 只是一个塑形的过程，根本对材料性能起不到太多的提升效果了。不过冶炼的过程需要对火焰的超强控制，以及对材料冶炼过程中的精准掌控。对火焰的控制上，魏毅之前在烹饪技能达到五阶时就获得了炉火纯青这个控火能力。这次升级又加强了魏毅对火焰的掌控，以及不同火焰的获得方法和使用方法。像是很多非凡的材料冶炼可能用到的。 不仅仅是简单的炉火，还需要一些特殊燃料生成的火焰，甚至是一些天地间诞生出来的非凡火焰等等。不仅如此，这次升级后，魏毅也获得了一个锤法神通——五方列阵。此神通重点就在于那个“阵”字，是一种可以通过力量撼动天地、撼动虚空、撼动万物的神通，让周围的一切乃至是空间都产生强烈震动的效果，也有点类似某声波攻击。 让周围的物体产生共振，这种波动可以更轻易的破碎敌人的防御，甚至是直接穿透防御层，直接对敌人造成伤害。可以说，最好的诠释了锤子这种钝器所带来的攻击效果。不过，这个神通其实也可以脱离锤子这种武器去施展，就算是用拳头、用剑，也同样可以施展这个神通，同样可以制造出特殊的波动来破敌、伤敌。 只是不如锤子这种武器带来的威力大。如今这打铁技能升级后，我或许可以配合入木三分妙法，锻造出一柄真正的飞剑啊！魏一新说着，不过要锻造出一柄拥有灵性的飞剑，需要的材料和火焰也不简单。很多材料已经不是市面上轻易能买得到了，估计只有一些道门高手才知道哪里能搞得到。看来有机会再见到一瓶道长时，向他打听一二。魏一新说着。 吃完早餐后，魏毅准备跟郭貔貅去看一看新宅子。郭貔貅这两天给魏毅选了几座适合的宅子，但魏毅一直没时间去看，所以约好了今天一起过去看一下。但魏毅正要走出家门，就见妙音坊的侍女走下马车，见过魏公子，这是我们妙音坊红墙姑娘差我过来给您送的请帖。上次的画舫游湖，公子莫能来参加，红墙姑娘和一众宾客很是遗憾，所以。 今晚特意又举行了一次游湖活动，特邀公子前去参加。那侍女走到魏毅面前，呈上了一张请柬。嗯，没问题。告诉红墙姑娘，多谢她的邀请，魏某今晚定然赴约。魏毅接过请柬，拱了拱手说道：“送走了妙音坊的马车。”魏毅不动声色的将那请柬收起。一旁的郭貔貅却是羡慕不已：“魏兄，我真是太羡慕你了！这城中最有名的两个花魁娘子。” 都主动投怀送抱，哎，我要是能有魏兄一半的艳福就好了。红颜祸水，这艳福也未必是什么好事。魏义安慰了道。上阳城天秀山上，一座殿宇林立、建筑恢宏的道场，坐落于这苍松翠柏之间。这里乃是天人教在大炎王朝建立的第一座道观，是天人教在这里的起点，也是如今天人教在大炎王朝境内最大的道观。 道观内一座相对隐蔽的房间之中，几名中年修士正聚在一起谈论着与天下盟进来的战况。聊到最后，其中一人也说到了青州城近来发生的事情。根据高长老说，当时在红袖招附近被杀的弟子，的确是死于狐妖之手，但杀害姜思仁和那几个身在万家的弟子却另有其人。而且从伤口来看，凶手共有两人，且所持兵刃都不同。 初步推断是武者，修为至少四品，这肯定又是天下盟做的。哼，莫想到这天下盟为了对抗我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竟然开始跟狐妖都勾结了。他们天下盟本来就毫无底线，什么招数都用。没想到青州城竟然也被天下盟控制了。是啊，还真是小瞧这群乌合之众了、啊。众人议论纷纷，而刚刚汇报青州城情况的男子。 则是看向首座上那头发花白、双目狭长、面容冷峻的中年人，问道：“长老，您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青州城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怕是要请我叫金丹境的长老前去坐镇了。”剑道观的事情暂时推迟一下，我叫最近有新的动作。接下来围绕青州城的主要任务便是除掉赵家。那被称为长老的中年人说道：“他便是这天人教的会仓长老。” 也算是目前天人教在大燕王朝的几位重要领导者之一。第一百三十八章目标：赵家，除掉赵家。会仓长老的话让在座众人一阵骚动，脸上略有些惊讶。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情报，天下盟背后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便是那靖安王，所以青州城的事情定然是赵家搞的鬼。至于什么狐妖，还有那传闻里所说的魏夷。 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小喽啰,啰罢,罢了。没有赵家和天下盟在背后的支持，他们岂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和能量，敢动我们天人教的修士？会仓长老又说道：“嗯，长老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奇怪。传闻那位义虽然在青州城颇有威望，但也不过是个普通人。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五品铸剑师的身份，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是啊，之前万银昌之死，虽然他嫌疑非常大，但仔细想想。” 却也存在疑点。他与万家早已结仇，可早不杀万银昌，晚不杀万银昌，偏偏我们将万银昌提拔为商会会长才动手，这的确有些奇怪。没错，整个青州城也就赵家有四品武者。这么说来，赵家的确嫌疑最大。而且赵家的存在对我们的大业本就是一种威胁，赵家的确要除掉。众人议论着，却是觉得最近发生在青州城的事情。 都是赵家暗中操控的，毕竟以他们掌握的情报来看，一个刚刚崛起没多久的普通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和本事，能够在短短的两天里杀了了王安，又杀死了他们天人教的十几名修士。但是话说回来，这赵家可不好对付啊，毕竟是大燕王朝最顶级的武道世家。嗯，要对付赵家，肯定不能是我教亲自出手，借助朝廷的力量即可。 更何况，这大燕王朝想要除掉赵家的，也不只有我们。没错，我们还可以借助邻国的力量。众人又说道：“行了，这件事掌教自有安排，你们暂且把精力放在铲除天下盟的任务上吧。”会仓长老说道，旋即话锋一转，又说道：“对了，玄藏山内的秘境即将开启，你们通知各个道观，选出两名优秀的弟子，随我一起前去。” 魏毅在郭貔貅的陪同下，陆续看了几座豪宅，其中一座让他非常满意。据说这里曾经是郑聪，也就是那郑知县金屋藏娇的豪宅，位置非常幽静，甚至可以说有点隐蔽。宅子的院门口看着极为普通，但里面却是别有洞天。整个宅子占地面积非常大，亭台楼阁错落分布，内部还有着雅致的园林景观和小湖。这小湖的水来自温泉。 所以全年不结冰，湖边的一座屋舍里便是那温泉池，也是泉眼所在的位置。那池水下方的一处泉眼不断向外涌出泉水，整个汤池上方萦绕着一层雾气。魏毅伸手摸了摸，水温差不多有四十五度，是个很舒服的温度。魏毅甚至都想躺在里面泡一泡温泉了。在这寒冬季节，躺在里面泡着温泉的确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不得不说。 郑聪这个贪官的确是很会享受，就他了。魏毅当即决定买下这座豪宅。拿到新宅院的房契后，魏毅也以心灵感应通知古月过来这边。上次杀死天人教修士后，古月就暂时离开了青州城，毕竟他也担心天人教修士过来找到自己。魏毅已入木三分，在自己的新家里进行了一番布置，随后也拿来了自己画的一些神兽画作。 挂在了新家之中，用来镇宅。就在这时，魏毅心头一动，却是感应到了古月的到来。不过，那古月并没有直接来找魏毅，而是在宅子里转了一圈，四处看了看，最后才来到魏毅所在的房间。这座宅子很不错。古月的身影出现在了房门口，他摘下头上的兜帽，露出了那娇艳妩媚的容颜。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魏毅说道。听到魏毅的话。 古月娇笑一声，走到魏毅身旁，玉手搭在魏毅的肩膀上，俏脸凑到魏毅耳畔，神态妩媚的说道：“多谢公子，可是，一座普通的宅子可藏不住月儿。天人教的修士还是有可能找到这里的。月儿可不想连累公子。放心，这宅子里我布置了很多隐藏气息的禁制，只要你不到处乱跑，留下气息，天人教修士很难找到你。”魏毅说道。他不能告诉古月。 关于入木三分的妙法，所以就用静止来代替了。公子还真是细心，如此玉儿就放心了。对了，公子，我方才看到这里还有温泉池，今晚要不要玉儿陪你一起鸳鸯戏水？古月的玉指在魏毅胸前划动了几下，声音魅惑的说道：“不怕我把你的道行都掏空了。”魏毅说道：“玉儿知道公子才不会那么狠心呢。”古月娇笑着说道：“今晚我还有事，改日再说。” 魏毅拍了拍古月的翘臀，然后带着他去了卧房，给他安排了一间相对比较隐蔽的居所。夜幕降临，魏毅乘坐马车来到了西湖码头，一艘画舫停靠在那里，画舫上弦音阵阵，歌声悠扬，很是好听。魏毅来到码头时，刚好也碰到了赵汉卿，两人互相问候了一声，便一起上了画舫。走上画舫后，魏毅在侍女的接待下。 进入了楼阁厅堂之中。哟，世子，魏公子也来了。厅堂里的人纷纷起身相迎。魏毅看了看在场的众人，意味深长的笑了笑，回礼问候了一句。他很清楚，这些人都是天下盟在青州城的核心成员。这其中有魏毅认识的，比如杜玉江，还有那于家家主于正刚，也有魏毅不太熟悉的，应该也是城中一些势力的首领。就在这时。 又一道魁梧的身影走了进来，魏毅好奇的看去，却惊讶的发现，正是郭貔貅的父亲郭德云。不久后，画舫离开了码头，向着湖中驶去。众人还在心照不宣的听着曲，喝着酒，随意聊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当画舫来到湖中心后，龚先生才召集众人进入了楼阁后方的雅间内，准备开始今晚的整体。与此同时，三艘小船也陆续靠近了画舫。 船上皆有一人登上了画舫，而后直接来到了楼阁雅间之中。这来者，一个是青州城巡防营的帮统，一个是府衙同知吴云，而最后一人则是赵景思。魏毅看到这三人后，内心也是略有些惊讶，没想到这天下盟的核心成员里，还真有为官者。虽然那帮统只是巡防营里非常小的一个官职，但再小的官，他也是官，关键时候。 也会起到不小的作用。至于同知无云，那更是府衙的二把手，能发挥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而赵景思的到来，的确有些出乎魏毅的意料。不过转念一想，他乃是杜少林的学生，更是心怀家国天下，痛恨天人教祸乱朝纲，所以他能够成为天下盟的成员，也没什么奇怪的。感谢暗夜星辰打赏一千起点币，谢谢大家的月票。 第一百三十九章利益共同体。其实，在场的众人看到吴云、赵景思等人时，心中也是略有些惊讶的。事实上，今日也是所有核心成员的第一次聚首。以前他们也不知道城中到底有哪些人是天下盟的成员，都是暗中与龚先生或者是某些接头人直接沟通的。而且，今日到场的这些人也并不是青州城里的所有天下盟成员。 他们只是最为核心、也最值得信任的一部分人而已。大家都到齐了，今晚的会议正式开始了。龚先生起身说道：“今日是我们青州城天下盟核心成员的第一次聚首，想必在座很多人也是此刻才知道我们在城中有哪些盟友。在座的很多人应该彼此都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是允许老夫介绍一下各位的身份。”龚先生陆续的介绍了到场众人的身份，众人也算是彻底认识了彼此。 介绍完所有成员，龚先生顿了顿，又说道：“之前我与各位都是私下里单独沟通，由我去协调完成一些任务，各位彼此并没有直接的配合和接触，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而且此前我们的任务也并不多。但如局势迫使我必须团结大家的力量，将大家拧成一股绳，同舟共济，来面对可能到来的严峻形势。众所周知，天人教的爪牙已经伸向了我们青州城。” 我们天下盟与天人教的争斗也已经全面展开，如今边境局势也很不乐观，朝堂局势更是极为严峻。传言严景帝准备退位，新帝登基期间，定然又是一场血雨腥风，也会是敌国伺机而动的时候。所以寒冬将至，我们只能抱团取暖，守护青州城的安宁，抵抗天人教势力的入侵。听到龚先生的话，在座众人纷纷点头，但面色却变得凝重起来。 他们自然都清楚天下大事，对于他们每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们这些人虽然大多数都是某个势力的魁首，但与天人教这种大宗门，甚至是整个国家比起来，那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只有集众人之力，才有可能在乱世到来时同舟共济，渡过难关。但国不可无君，君不可无帅。我青州成天下盟，也不能没有领导者。 所以，今日老夫想要推举一位贤才，来担任我青州城天下盟的副盟主，日后带领大家一起对抗天人教，一起守护青州城。听到龚先生的话，在座的大部分人目光几乎不约而同的汇聚到了魏毅身上。毕竟龚先生之前已经私下里与在座不少人沟通过了这件事，他们心里也都很认可魏毅。毕竟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们也都是有目共睹。 虽然之前都是老夫来管理天下盟成员，但老夫所擅长的是情报收集和信息传递，这杀伐征战并非我所擅长。领兵打仗需要帅才，所以经过老夫与许多成员的沟通交流后，大家一致认为魏毅是最佳人选。听到龚先生的话，在座众人纷纷点头，笑容满面地看向魏毅。毕竟魏毅能够前调天人教修士，单从这一点来说，就已经让他们心服口服了。 这就好似众人乘船身处风暴肆虐的海面上，即是说同舟共济，但所有人都希望有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掌舵者，够带领大家冲破风浪，找到方向，赢得生机。而且近来我青州城内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很清楚。如果不是魏公子力挽狂澜，想必如今青州城已经快要落入天人教之手了。嗯，龚先生说的没错，魏公子当之无愧。郭德云率先开口说道。 是啊，没有魏公子，恐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天人教那些人呢、啊。于正刚也应和道：“没错，我也赞成龚先生的提议，魏公子担任这副盟主，在下心服口服。”又有人应和道，其他人也都纷纷点头，看向魏毅的目光满是认可之色。毕竟结果摆在那里呢，能够干净利索的除掉王安和天人教十几名修士，这换做他们在场的任何人都做不到。 甚至他们联合在一起也未必办得到，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位筑基后期的强者。他们甚至现在都想不明白，魏毅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心中自然是心服口服。魏公子，说几句吧。龚先生看向了魏毅，笑容满面的说道。魏毅站起身来，神情严肃，对着在场众人拱了拱手，方才说道：“首先，感谢大家对魏某的认可和抬爱。” 魏某惭愧，但既然各位将这份责任与信任交到了魏某手中，魏某自然会竭尽全力，不辜负各位的信任与支持。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等非圣贤，无需大公无私，舍己为天下苍生而战，但却可以为自己、为亲人、为家园、为心中那一份热爱而战。就如魏某所做一切，只是想要守护我所热爱的一切。 守护青州城的安宁，仅此而已。魏毅一番话，言之凿凿，却又极为实在，也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之中。他没有去说那些假大空的喊口号，做那些好高骛远又不切实际的设想，因为在座的大多都是久经世事、内心成熟之人，早已过了那热血冲动的年纪。他们关心的，往往是最实在、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事情：自己的利益得失。 自己的亲人，自己在乎的事情，仅此而已。什么家国天下，什么苍生大义，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这天下盟说白了就是利益共同体，与前世现代社会里某些国家之间的联盟差不多，根本与宗门教派这种势力无法比。所谓的信仰和伟大理想，那根本就是扯淡的事情。要维系这些人，统领这些人，靠的不是规矩，也不是法度。 更不是理想，而是利益切合实际的共同利益。所以，听到魏毅的话，在座众人内心更加认可魏毅，也更加放心将这副盟主之位交给魏毅。如果说之前他们认可魏毅，单纯是因为他的硬实力和战绩，那此刻他们却是因为魏毅那沉稳的心性和成熟的观念而认可他了。虽然乱世来临，战火蔓延。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带领他们杀出重围，但如果这个人同时还是个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甚至是知人善任的贤德之人，那自然是更加心悦诚服了。第一百四十章内部消息。严肃的会议结束后，众人便开始了自由交谈，彼此沟通感情、增进了解的环节了。随后，众人也一起回到厅堂之中，一起听取饮酒，继续交流感情。 但魏毅自然还是众人的焦点。副盟主，杜某敬你一杯。杜玉江来到魏毅身旁，举杯说道：“如今看着眼前的魏毅，他心中当真是感慨良多。想想最初认识魏毅时的情形，仿佛还在昨日。然而转眼之间，魏毅却已今非昔比。这巨大的变化，甚至让他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当初他虽然觉得魏毅肯定前途无量，但也万万没想到。” 魏义能有今日这般不可思议的成就，杜掌柜，你还是叫我魏义吧。这盟主的称呼听着太生分了。魏毅也举起酒杯，谦虚地说道：“他很有自知之明，也知道这所谓的副盟主不过就是个称谓罢了。说白了，大家尊重你叫，叫你一声盟主，以你为首，听你差遣。但你自己不能因此得意忘形，忘了根本。更何况……” 这杜玉江对于他来说是恩人也是朋友，不妥，这规矩不能乱。我们私下里如何称呼都好，但此时此刻，杜某必须称呼你一声副盟主。杜某先前未敬给了。杜玉江开心的说道，他很高兴，魏毅并没有忘记他这个朋友。但正如他所说，既然此时大家以天下盟成员的身份聚在一起，那就要遵守规矩。魏毅也跟着一起喝了一杯。 旋即与杜玉江闲聊了几句。对了，杜掌柜，我最近需要一些铸剑的材料，不知道你可否通过万剑阁的关系帮我打听一下哪里能买得到？魏毅忽然说道。这次打铁技能升级后，魏毅准备冶炼铸造两柄更高品质的宝剑，但需要一些市面上很难买到的矿石和材料，所以只能发动众人之力帮忙寻找了。这万剑阁毕竟是大燕王朝最大的剑铺之一。 各种材料的购买渠道定然是最清楚的。需要什么材料？杜玉江略有些诧异的看向魏毅。按理说五株宝剑的材料都很容易买到的。魏毅也不啰嗦，当即将自己需要的几种矿石材料告诉了杜玉江。听到魏毅的话，杜玉江不禁更加惊讶：“魏毅，你的技艺又精进了！”杜玉江的神情有些激动，甚至下意识的就转变了称谓。 魏毅刚刚所说的那几样材料，他也是有所耳闻的，那可是打造九珠宝剑的材料，甚至有一样材料，他也是头一次听说。这魏毅突然要这些材料，只有一种可能，他的打铁技能又提升了，而且很可能已经成为了大师级别的铸剑师了。是啊，有所精进。魏毅笑道。杜玉江点了点头，看向魏毅的目光中满是钦佩。就算这魏毅背后有高人教导。 但他这提升的速度也着实有些惊人了。你说的这些材料，我能帮你买到一部分，但那红晶石乃是打造九珠宝剑的核心材料，也是朝廷禁止民间使用的矿石，所以正常渠道很难买到，只能通过一些黑市。不过你放心，我知道哪里能买得到。只是你说的青龙石我，我却是头一次听说，许是我孤陋寡闻了，但我也会尽全力帮你打听的。你稍后也可以找龚先生，让他也帮忙打听一下。 杜玉江很诚恳的说道：“嗯，好，那就麻烦杜掌柜了。来，我们再前一杯。”魏毅与杜玉江喝了几杯，其他人也陆续过来给魏毅敬酒。副盟主，您酿造的药酒真的是神效啊！只可惜想要买到，实在是困难重重啊。于某有个不情之请，不知以后可否给于某开个后门，让我一次性多买一些啊？”于正刚笑容满面的说道：“自然莫问题。” 不过制作药酒所需的药材量巨大，很多药材都不好买，所以一直供应不足。以后还望于家主多多相助啊！那是自然，以后盟主需要什么药材，尽管跟于某说，保证要多少有多少。副盟主，于某再敬您一杯。”于正刚笑着说道。“副盟主，郭某也陪一杯。”旁边的郭德云也举杯说道。深夜，赵景思和吴云等人乘船先行离去，画舫也随之靠岸。 众人满面酒气的下了船，然后乘坐各家的马车打道回府。但魏毅却留在了画舫上，一同留下的还有洪强和龚先生，以及专门保护龚先生和洪强的舞者。画舫再度离开了码头，驶入了湖中心。龚先生将魏毅留下来，自然是要为他举行授贤仪式。其实之前魏毅加入天下盟时，就举行过一些简单仪式，比如向天地立誓，不背叛天下盟。 不背叛盟友等等，但那时候不过是作为盟友加入天下盟的仪式，而这次成为了副盟主，那便算是天下盟真正的自家人，差别就仿佛是宗门里的记名弟子和内门弟子一样。放在位一前世的蓝星上来说，就是在不在编的区别。这授衔仪式也不复杂，有点类似歃血为盟的意思，还以鲜血滴在了一众具有灵性的苍生石上。简单的仪式之后。 龚先生也送给了魏一副盟主的令牌，这令牌表面上看就是普通的玉佩，但其上有着天下盟的印记，只有天下盟堂主以上级别的人才认识这种印记。在天下盟真正内部成员中，这令牌就是绝对的身份证明，也是代表着绝对的权利，是真正可以行使一定权力的令牌。而且这玉佩也是一种法器，需要以血液激活，类似滴血认主。激活后。 这令牌便与主人彻底绑定，主人死了，令牌就会自动碎裂。如果远离主人身体超过五百米，令牌同样也会碎裂。不仅如此，这令牌还可以与方圆百里内其他持有这种令牌者产生感应，并找到彼此。随后，龚先生也重新给魏毅介绍了一下天下盟。魏毅如今成为天下盟真正的议员，所以有权利，也有必要知道其他盟友成员所不能知道的一些事情。 包括天下盟的历史、组织架构、核心目标等等。天下盟最初的创立者乃是延井帝的嫡长子齐王，建立之初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夺嫡之争，同时也是为了对抗当时的天人教党派。但齐王被害之后，便由九公主单若水接手，他进一步扩大了天下盟的势力，也进一步明确了天下盟的目标：扫除朝中的天人教势力，重整大延王朝河山。 所以，天下盟如今的盟主虽然是天下山庄的庄主，但他其实是齐王的好友，如今也是九公主的亲信。第一百四十一章禅让皇位。魏毅也莫想到，这天下盟竟然也是皇权斗争的产物。不过想想也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除了宗门教派之外，也就只有皇权最具号召力了。若非背后有王公贵族的支持，寻常人很难建立起这样庞大的组织。 不然，单单靠一些江湖势力、散兵游勇，那真的就只能是乌合之众，难以成气候，甚至可能刚刚出现没多久就被剿灭了，很难发展到如今这样的规模，更别说跟天人教这种势力抗衡了。要知道，天人教本身就是强大的教派宗门，同时又是国教，享有诸多特权，更是把持朝堂，掌握许多实权，寻常势力根本连跟他们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更别提当对手了。这次关于延景帝禅让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应该用不了很久，消息就会公布出来了。这很可能与天人教接下来的计划有关。龚先生又说起了关于朝中的事情，毕竟这关系到大燕王朝的局势以及天人教的动作。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天人教这么做的目的，但绝对没有好事。而且，您这次除掉了他们教派的修士。 天人教竟然罕见的选择了沉默，没有采取任何后续的动作，只是将尸体从这里带走，这很反常。以往若是有人胆敢杀害他们教派的修士，那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他们越是反常，越说明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他们肯定在密谋着更大的计划，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随时迎接暴风雨到来的准备。听到龚先生的一番话，魏毅暗暗点了点头。 不禁也思索了一下，天人教到底有什么企图和阴谋？据他所知，严景帝虽然已经在位五十余年了，但他同样也是金丹境修士。按照金丹境修士的寿元计算，他现在的年纪还正值壮年。虽然历史上有先帝主动禅让皇位，自己去清修，但也都是个例，而且前提是有合适的继承人。但严景帝一直没有立太子，甚至他的子嗣并不多，加上死的死。 残的残，剩下也基本都得不配位。严景帝这些年醉心于修行，也几乎没有诞下什么子嗣，所以目前宫中几乎没有适合的皇位继承人。这时候要禅让皇位，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也只能随机应变了。魏毅说道：“毕竟连天下盟的情报网都无法探查的内幕，那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了。”嗯，是啊。 不过，副盟主，您这段时间还是要多加小心才好。天人教可能会顾全大局，为了他们更大的阴谋而不计较局部的失利，但不排除教派中与姜思仁关系亲近之人暗中找机会报复你，所以还是要多多提防。”龚先生语重心长的说道。“嗯，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魏毅点了点头。随后，魏毅又向龚先生询问了许多关于朝堂和天人教的事情。 他需要更为详细的了解自己的敌人，自己所处的世界，才可能在诸多庞杂的信息中抽丝剥茧，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些答案。而且，他也从龚先生口中知道了沙尘的一切，包括当初玄镜司的一些事情。这才知道沙尘当初在青州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调查一桩悬案，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师傅和兄弟们一个交代。魏毅感叹于沙尘的重情重义，同时也很好奇。 那新娘案的真相，不过想想当初能够有能量将玄镜司废掉，肯定与天人教脱不了前戏。这玄镜司可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利剑，能够扳倒玄镜司这样的特殊机构，绝非寻常人能办到的。所以魏毅总觉得这新娘案搞不好也是天人教的阴谋之一。魏毅在画坊上住了一晚，也得到了他想要知道的许多信息。对于自己所在的国家、所在的世界。 也有了全新的认知，以及加全面的了解，那感觉仿佛从手握指南针变成了手握导航 App。青丘山脉深处，氤氲雾气笼罩的峡谷之下，却是一片世外桃源，各种奇花异草遍布其中，花海遍布山野，珍禽异兽偶尔在丛林里经过。在一条晶莹剔透的溪水旁，坐落着一间仿佛与山林融为一体的木屋，那木屋外墙上爬满了藤蔓和花朵。 不仔细看，甚至都分辨不出那是一间木屋。房间内，小黎正满脸担忧的看着那面容憔悴、嘴唇发白的师姐。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在用法力给他师姐疗伤。许久后，紫裙女子脸色稍稍好了许多，脸色也红润了不少。那老者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叹息了一声：“这次毒素应该基本清除了，但那阴寒之气却是侵入脏腑经脉，如附骨之居。 无法完全驱除，只能压制。以后这子鱼只能跟你们师傅一样，要忍受寒毒发作之苦了。辛苦你了，桑博。小离眼含泪水的看向老者，抱拳说道：“那日，他们从青州城回到洞府，却发现那里已经被九阴山的鬼修占领了。他们也被九阴山的鬼修包围。九阴山的鬼王与他师傅采薇乃是死敌。他师傅身上的寒毒就是因为中了鬼王绝学。” 九阴寒冰爪，被那寒毒折磨了上百年。虽然包围他们的都是九阴山的鬼修，鬼王并不在，但他们两人寡不敌众。在突围时，子瑜替他当下了其中一名修为高强的鬼修所施展九阴寒冰爪，中了那阴寒之毒。好在危急时刻被这老者救了。桑博乃是桑树修炼成精，与他们师傅乃是至交好友。这两日。 桑博反复给子瑜驱毒疗伤，才算是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寒气侵袭身体百骸脏腑，却是无法驱除了。而小离也从桑博口中知晓了一个让他更加悲痛的消息：他们的师傅采薇已经死在了鬼王的手里。当初师傅就是知道了九阴山的鬼王要出关了，而且已经踏入元婴境，必然会找他来寻仇，所以借口支走了他与子瑜。 然后破釜沉舟冲击元婴，结果还是失败。而九阴山鬼王已经踏入元婴，实力今非昔比，最终采薇不敌，死在了鬼王手中。传闻今夜赤阳草能够彻底治疗这种寒毒，只可惜这种天地灵药可遇而不可求。不过玄奘山内的秘境即将开启，我准备进去寻求一下机缘，或许能找到这今夜赤阳草。桑博又说道。小黎点了点头，但脸色依旧凝重。 他也听师傅说过这种天地灵药，但如果这种天地灵药真的这么容易得到，他师傅也不会被寒毒折磨了百年，所以他心中也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对了，在我进入秘境期间，如果子鱼的寒毒发作，可以用纯阳男子的精血压制。桑博顿了顿，又说道：“第一百四十二章烹饪技能升级。氤氲雾气之中，肉与肉不停的碰撞。” 乳白的汁水被榨取出来，在白浪翻滚间逐渐变得粘稠，更是散发出让人沉醉的味道。公子好厉害！满头香汗的古月略显兴奋的说道：“继续用力，不要停。对，再用力一点。好，就这样，保持住，马上就好。”魏毅站在灶台前，一边挥舞着铲子搅动着锅中的白色汤汁，一边说道。古月则是蹲在一旁。 用力地抽拉着风箱，将火焰吹得极为旺盛。锅中汤汁剧烈地翻滚着，那汤中的鱼肉与鲍鱼似乎已然快要化开了。不久后，魏毅拿来自己调好的酱汁倒入浓汤之中，顿时给那白色的汤汁染上了一抹金黄，就好似朝阳染红了云朵，让汤汁色泽变得鲜艳，诱人垂涎。阵阵香味随着那雾气弥漫在整个厨房之中，让古月都不禁咽了咽口水。 这两天魏毅可谓是把这瘦耳娘给喂得极为满足，也把她的身姿掏得有些虚，所以他每天也会烹饪一些上好的药膳给古月滋养身体，倒也彻底征服了这瘦耳娘的味蕾。不过如今烹饪技能也已经快要成功进阶了，魏毅感觉晚上再烹饪一顿大餐，便能让这烹饪技能进阶了。三菜一汤陆续出锅，魏毅与古月一起来到餐厅开始用膳。 古月舔着朱唇，看着桌上的菜肴，已然是垂涎欲滴了。来吧，动筷吧！听到魏毅的命令，古月这才拿起筷子，大快朵颐起来。品尝到那鲜美丰盈的味道，古月的味蕾无比的满足。而随着食物入腹，温热的能量仿佛瞬间化开，游走全身，滋养着身体，让他感觉身心舒畅，极为舒服。这段时间，天人教事件。 仿佛被人们逐渐遗忘，青州城似乎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不过魏毅却知道，边境的局势似乎越来越紧张了，朝堂局势更是瞬息万变。眼下的平静就好似空中漂浮的肥皂泡，随时都可能破碎开来。与古月一起吃完午餐后，魏毅又去了一趟酿酒坊，参与到新一批兰陵美酒的酿造，继续给自己刷熟练度。如今酿酒的技能也快要进阶了，也就这一两天的事情。 而且，因为这几天与古月的互动，也让自己的房中技能和预售技能熟练度激增，同样也已经升级在望了。从酿酒坊回到家中，魏毅便又钻进了书房里，开始干绘画技能的熟练度。但不久后，杜玉江却是来到了魏家，他还带着两名年轻男子，抬着一个大木箱子。听到下人的通报后，魏毅心中惊喜，立刻猜到。 应该是杜玉江帮自己买到所需的矿石材料了，当即迎了出去。正如他猜测的那样，杜玉江果然帮他搞到了他需要的几种矿石。不得不说，万剑阁在这方面的资源还是很厉害的。如今有了这些矿石，自己就可以打造新的宝剑了。真的是太感谢了，杜掌柜。对了，这些矿石一共多少钱？魏毅感激的说道：“一千六百多两，主要那红金石在黑市买。” 价格很贵，杜玉江说道。他也没有跟魏毅客气，不收这笔钱。毕竟这些矿石价值不菲，而且他也知道魏毅不差这点钱。他们之间的关系，莫必要假装客气。自己不收钱，对方反倒不好意思再找自己帮忙了。好，我这就给你拿钱去。魏毅迅速取来了两千两银票，交给了杜玉江。干嘛给我这么多？给我一千六百两就够了。 拿着吧，就当存你那里了。等以后我需要什么矿石，还得麻烦你呢。”魏毅笑着说道。“行吧，那我就先帮你存着。矿石不够用了，随时跟我说。”杜玉江也不再客气。送走杜玉江后，魏毅又开始继续干绘画技能。傍晚时分，魏毅烧好晚餐后，烹饪技能的熟练度也已经成功达到了晋升标准。但他刚刚吃完晚饭，柳如就派人过来邀请他去欣赏舞蹈。 话说几天没看到柳如跳舞，魏毅还真是有些心痒痒了。而且自己干房中技能也不能可古月一个人薅，所以稍稍收拾了一下仪容仪表，魏毅便动身去了红秀昭。当然，魏毅也知道柳如约自己过去，应该也是有新的情报要告诉自己。正如魏毅所猜测的那样，来到红秀昭后，柳如的确告诉了他一个重大的消息：，严景帝已经宣布即将在下个月初。 禅让皇位给自己的侄子单天方，并举行登基大典。消息目前还没有传到青州城，不过最晚明天应该也会传到这里了。这个结果的确是魏毅莫想到的。虽然早知道延景帝要禅让，但莫想到继位之人竟然不是他自己的子嗣。距离新帝登基还有六天的时间，不过这单天方到底是何许人也？魏毅沉声问道，他还真没听说过单天方这个名字。 他是天人教掌教的亲传弟子，以前从未参与过朝政，也很少活跃在人前，所以很多人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柳如一边给魏毅倒茶，一边说道。魏毅点了点头，这倒是没什么意外的。天人教肯定是要扶持自己人上位的，只是不知道这严景帝退位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但不管怎样，如今一切都已经成为定数，就看这天人教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了。 新帝登基肯定只是个开始，未来局势如何发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如果说这次严景帝退位没有什么阴谋，魏义是绝对不信的。但在魏义看来，不管是什么阴谋，这天人教都是在加速自己的灭亡。未来这大燕王朝是属于他魏义的，属于儒道学子们的。聊完这最新的情报，雅间里的气氛多少显得有些沉重。于是柳如便给魏义献了两只燕舞。 帮他提神醒脑，陶冶情操。深夜，当柳如被掏空身子，瘫软的熟睡后，魏毅也心念一动，开始给自己的烹饪技能进行升级。不过他在临睡前也召唤了项羽，守在厅堂里保护自己的安全。毕竟升级时自己会在一段时间里进入无知无觉的状态里，所以有项羽保护，魏毅还是很放心的。而且。 项羽还可以随时隐藏在诗词之中，完全不怕被人发现。随着熟悉的感觉席卷全身，魏毅渐渐的陷入了沉睡，眼球高速的运动着，全身的肌肉似乎也在微微的抖动。第一百四十三章气时烹饪。当魏毅再次醒来时，感觉这个世界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仿佛整个房间里的气味变得无比的丰富，各种味道也变得非常的浓郁。 什么木质家具散发的不同气味，香炉散发出的气味，香囊中不同香料的气味，柳如身上各种花香和胭脂的气味，甚至是他身体本身的气味，以及某些残留液体的气味，都能清楚的闻到。每一种气味，他都能清楚的闻到，也能清晰的辨别出来。整个房间里弥漫的气味种类数不胜数。然而，变化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魏一自己。 是他因为烹饪技能升级后带来带来感官能力提升。这次烹饪技能晋升到六阶后，卫毅的嗅觉和味觉增强了上千倍不止，变得极为非凡。即使在细微的气味，他都能轻易的察觉和分辨出来，更是拥有了尝百草的经验，熟知天下一切药草、一切食材的性质、味道、口感、用途等等。而且，这食材并仅限于人类可食用。 或者是对身体有益的食材，也包括其他生物可食用但对人体有害不可食用的那些。总之，就是这世界上存在的绝大部分药材、食材，它都了如指掌，更是可以通过嗅觉和味觉就能分辨出来。也就是说，哪怕是食物里或者空气里掺杂了一些毒药成分，它通过嗅觉和味觉就能立刻分辨出来，同时清楚的知晓各种食材之间的相生相克。 知道如何用不同食材彼此搭配出毒药，也能搭配出解药，更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让这些食材发挥出诸多神奇功效。这其实与医药没什么分别了。拥有了这些经验和技能，魏毅感觉自己除了不能看病外，在对症下药这方面已经超越这个世界绝大部分的医生了。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一个名为“气食烹饪”的神通。之所以称之为神通，是因为这能力。 已经超越人力所及，拥有非凡之力。使用这个神通烹饪食物，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取出食材内的精华，更是可以在烹饪时汲取日月精华、天地之气等等，凝聚于锅中进行烹饪。这已经与修真者的炼丹之术毫无差别了，而且对标的还是那种炼制灵丹妙药的高阶炼丹之术，只是彼此形式不同而已了。使用气石烹饪神通。 烹饪出来的食物便可以拥有非凡的功效，延年益寿、强健体魄，已经是最基本的功效了。甚至可以让人脱胎换骨、伐毛洗髓。只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卫毅可以直接烹饪出一桌菜肴，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力能扛鼎、全能碎石的武者，这就很变态了。未来自己用菜肴就能批量生产武者了。虽然仅凭这神通烹饪的菜肴，未必能喂出顶尖的武者。 但是，让一些原本不能修炼武道的人拥有武者的力量和体魄，就已经很强大了。比如自己叔叔婶婶和妹妹，比如杜少陵、苏辙，还有那些执笔者学子们。而且魏毅觉得，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这烹饪技能继续升级，搞不好未来真有可能一桌菜肴就喂出个非凡强者出来。关于严景帝退位的消息也传到了青州城，一时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大部分人也仅仅是当做一个新鲜事听了，尤其是那些活在底层的百姓，并没有太过在意。毕竟他们也理解不了这背后意味着什么。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新帝登基后会不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好，还是变得更糟糕。不过，像杜少林、苏辙这种有学识和思想的人来说，这个消息带来的只有无尽的担忧，因为正值壮年的严景帝退位禅让给他的侄子，而不是自己的子嗣。 这本身就透露出一个不是很好的信号，严景帝似乎真的已经被天人教彻底控制了。要知道，在皇室之中，比单天方更适合继承王位的人并不少，比如与严景帝同母的亲弟弟靖王，亦或是靖王的嫡长子和次子，都比这单天方合适。而且，单天方乃是天人教掌教的亲传弟子，这难免引人遐想。如果说以前严景帝沉迷修真， 更是将天人教封为国教，赋予了他们太多的特权和过高的地位，让天人教恃宠而骄，继而祸乱朝纲。但皇权还是在延景帝手里。但如今似乎天人教已经反客为主，能够左右大延王朝皇帝人选，皇权似乎已经彻底落入天人教手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可就十分巨大了，带来的危害也不是一个级别的。前者不过是祸乱朝纲而已。 那后者就成了谋国了，当然，这一切也都是推测和猜想，但是有这种苗头，就有这种可能，所以才让人感到不安。当天下午，远在西部边关的晋安王也接到了圣旨，召他与林鸿将军回京复命，准备参与登基大典。晋安王赵奢看着手中的圣旨，愁眉不展，脸色很是凝重。暂且不说这延景帝的禅让之举透露出的诸多危险信号。 和不利的因素，如金边关局势紧张，西兰国与胡蛮国联合，大军压境，战事将起。这个时候，让自己与林将军要离开军营，回京复命，参加登基大典，对士气乃至军心都不利的，也会给敌人可乘之机。更何况，严井地这反常的退位让贤，难免会传出流言蜚语，很容易动摇军心，影响士气。一旦战争打响， 自己和林将军都不在，他这心里总是放心不下。虽然自己的长子赵子云也是一位出色的将军，能够独当一面，这军中还其他几位忠勇善战、善于用兵的老将，但少了自己和林将军，便也少了两个三品武者的超强战力，少了一些主心骨。然而眼下也是敏感时期，新帝登基，自己如果抗旨不从，那可能就要被人大做文章。 冠以谋逆的罪名，天人教也有了正当名义对赵家出手。大燕王朝三大武道世家本就彼此制衡，更何况还有个愚中的叶家。这叶家也是顶级的武道世家，族中高手众多。他赵家军队就算再怎么骁勇善战，也无法承受腹背受敌的局面，无法同时面对朝廷、天人教、叶家以及外部敌国联军。至于投敌卖国。 那他赵奢绝对做不到，他赵奢可以死，但绝对不会做卖国贼，更不愿意让一寸土地落入敌国之手。所以，即使如今边境局势再怎么不利，自己对于朝廷和皇室有诸多的不满，也只能暂时放下成见，放下战事，回京复命了。一旁，赵子云看着晋安王那凝重的神情，不禁抱拳说道：“父亲，您不必担心，儿臣与众将士定然会守住玉雄关的。” 第一百四十四章国运。两日后，晋安王与林洪将军离开了军营，回京复命。他二人离开不久后，风雪席卷了玉雄关，凛冽寒风让守城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但他们不敢松懈，严阵以待，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然而，与城墙上的酷寒相比，军器库锻造兵刃的营房里却是热火朝天，炙热的铁匠炉将营房烘烤得极为温暖。 铁匠们汗如雨下，有的甚至光着膀子，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魏铁山也在其列，他不停地抡锤打铁，同样也是大汗淋漓。魏铁山虽然成为了副将师，但因为如今战况紧急，他也一起跟着工匠们全力以赴地赶制武器。虽然这段时间工作辛苦了些，但一想到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告假回去，与家人团聚，一起过春节了，他这心里便前进十足。 充满了期待。然而，远在青州城的魏薛氏和魏晴同样也在期待着春节的到来，期待着魏铁山的归来。真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爹就能快一点回来了。魏晴看着黄历说道：“这回真的快了。”魏薛氏也是满眼期盼的说道。不过他在心中却又暗自说了一句：“希望老天保佑，这次铁山能够平安顺利的归来。”这两天。 魏毅几乎都在学院和老宅之间往返，因为杜少陵要去了衡州的远山书院给那里的学子传道授课，所以魏毅这两天给杜少陵送去不少傍身的物件，更是传授了他一首《垓下歌》，让他可以在关键的时候召唤出项羽的英灵。毕竟如今大燕王朝并不太平，虽然杜少陵已经有了妙笔生辉的神通傍身，但魏毅还是希望多给他一些保命的手段。 杜少陵是他发展儒道的关键，他并不吝啬赋予他更多的力量。远山书院乃是大燕王朝三大书院之一，学子众多，甚至比清风书院规模还要大上一些。祁山长乃是杜少陵曾经的学生，而且魏毅所做的那些诗词，其实也早就借着文人墨客之口传遍了大燕王朝的很多城池，所以魏毅在远山书院里也有非常多的崇拜者。 岐山长就是其一，所以杜少林这次过去就是去给他们授课，让他们一起学习魏毅所做的那些诗词以及那些语录，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学子未来有机会加入儒道学院，也希望可以培养出更多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他相信未来这些人都会是大燕王朝的中坚力量，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完成伟大的使命，扫除奸佞，重整山河。 杜少陵已经于昨日正式出发，所以今天魏毅便没有再去学院，而是一直在老宅里继续搭建新的冶炼炉和铁匠炉。毕竟以前设备已经无法满足他如今的需求。魏毅那日跟杜玉江聊天，其实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自己这次升级后已经拥有了一品大师级别的铸剑水准，自己能够打造的宝剑也至少是九珠级别的，所以他准备给自己锻造钱江、墨邪两柄宝剑。如今。 材料已经准备齐全了，就差设备升级后开始动工了。京城某处宫殿内，一名锦衣华服的中年人站在屏风前，躬身作揖：“掌教赵奢与林红已经动身回京了。”“嗯，很好，依照计划开始吧。”“对了，给云顶侯送一瓶升龙丹。”屏风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是。”锦衣华服中年人应道，旋即退出了宫殿。 片刻后，屏风后走出一男一女。男子年轻俊逸，身穿龙褂，面容温和，但目光中却有着与相貌很违和的锐利与深邃。如果是晋安王在此，定然能够认出此人便是那即将登基称帝的单天方。而女子一袭宫廷服饰，精美绝伦，勾勒着她窈窕身子，显得极为高贵。而且她的容颜也是极为清丽，冰肌玉骨，明艳动人。 掌教弟子，女子刚开口，便被那单天方打断。以后该改口了。是，陛下。女子恭敬的应道，旋即调整了一下情绪，又说道：“陛下，妾身不明白，为何非要除掉这赵家？虽然赵家是顶级武道世家，但在我们天人教面前，也构不成什么威胁。赵家手里有我要的东西，而且要夺取这大燕王朝的国运和龙脉，不仅仅是赵家，几个武道世家。” 都必须除掉。若不是我换了这副身体，修为倒退到了金丹境中期，也不能沾染太多杀业，否则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嗯，是啊，这单天方的肉身与掌教的比起来，可是相差太多了，犹如云泥之别。女子点了点头，说道：“不过为了得到那人皇之位，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我将大炎、大秦、百越、北燕这四国的国运和龙脉全部夺取。” 便有资格去争夺那人皇之位了，从此享人间万族的供奉香火和一界之力，得赤峰令，未来便可以赤峰人间神官，掌控整个人间界。说到这里，男子虽然神色如常，但眼神中却有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女子也忙躬身作揖：“陛下，天命所归，必定水到渠成，登顶人皇之位。”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便到了新帝登基之日。 京城的上空阴云密布，但远在西部的青州城却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身在老宅中的魏毅在给昨天打造好的两柄宝剑做最后的装饰和打磨。这两柄剑，一个剑身宽大，线条硬朗；一个剑身修长，线条柔和灵巧。但这两柄剑皆是极为非凡，光可照人，锐气逼人，拿在手里仿佛感觉他们可以呼吸一样。 似有淡淡灵韵萦绕其上，完成了宝剑最后的打磨和装饰。魏毅拿着两柄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将它们放在了书案之上，然后拿来毛笔，在两柄宝剑上以入木三分妙法，在那宽剑身的宝剑上写下了他的名字“钱将”，在那修长秀气的宝剑上写下他的名字“莫言”。然而，当魏毅赋予他们名字的时候，他感觉两柄剑似乎有了回应，剑身微微震动。 发出轻吟之声，那钱江的剑吟雄浑厚重，莫爷则是清脆悦耳。取完了名字，魏毅左右手各握着一支毛笔，以入木三分妙法，同时在两柄剑中写下了李白的那首古风：宝剑双蛟龙，雪花照芙蓉。金光射天地，雷腾不可冲。一去别金霞，飞尘师相从。风胡墨已久，所以钱其风。 无水深万丈，楚山渺千重，雌雄终不隔，神物会当逢。施成的瞬间，阵阵龙吟声在他耳边响彻而起，一缕缕光芒向着剑身之中凝聚而去，让两柄宝剑仿佛化作了天边的雷霆，极为刺眼。